正道宗门的收徒大典上，竟出现了一位抬棺少年。但当所有人都知道他的身份后，惊呆了。十五岁少年的辈分竟是宗门的太师叔。这个消息一出，震惊了整个修行界。此时正是上清宗十年一起的收徒大典，不管是刺史还是都尉，就连丞相府都把自己家的孩子送了过来，以求拜入门下，获得入仙门的资格。现在他们都齐聚在上清宗半坡的一间破庙之中，因为这间破庙就是第一个试炼点。 下一秒，山神庙的大门被推开，顿时让原本其乐融融的氛围戛然而止。庙中所有锦衣公子、富家小姐都安静地看向了站在门口的那位少年。他们安静的原因，都是因为这个少年身后竟是一口棺椁。门口的少年怎么看都才十五六岁年纪。 却拖着一口沉重的棺椁登上半山腰。我看着他们惊讶的表情，没有在意他们的目光。很快，在殿内一处阴暗潮湿的角落，哐当一声将棺材放在了这里。恰在此时，一个穿着道服的男子竟然不知何时出现在了大殿正中。汝等就是今日要过元关的少年吧？贫道赵德敬，上清宗外门弟子，也是汝等本次元关的考官。元关考核甚是简单，只考一个元字，不论其他。将有仙元信物呈上来，让贫道长眼。符合条件者即可随我前去第二轮试炼。山神庙内的元关考核持续了漫长的时间，其中不乏。 有一周，别嫁府公子这种显赫人物，都被中年道人逐一驳回。庙内一共到来四十七人，最终通过元关试炼的仅有五位。赵德敬在一旁的人提醒下，才发现坐在角落的我，这庙内竟然还有一个少年，自己竟不曾有半点觉察，怎么可能呢？眼前的少年分明只有十四五岁年纪。赵德敬脸上挤出一个慈祥的笑容：“这位小友，可是前来参与上清宗元关试炼之人？”而我的回答却出乎了在场所有人的意料。 我不是来拜师的，我已经有师父了。师父他老人家现在就躺在里面呢。他老人家先是前特意嘱咐我要送他归家。与此同时，赵德敬问道：“既是我上清门人，你师父可曾告知你名讳道号，亦或留下有能自证身份的信物？”我陷入了沉思，习惯了老头老头的叫唤，倒是很少直呼师傅的名讳。师傅他似乎是叫德阳子，可没想到听见这个名字的赵德敬，扑通一声跪倒在那棺椁面前。德阳子，太上长老，中年道人赵德敬一句话引起千层浪，锦一众锦衣少年脸色大变。原来上清宗一共七十二峰。 其中上峰十二称得上是宗门之砥柱，而十二上峰之中有十一峰固定的峰主人选，唯独那灵剑峰百年来峰主之位始终空缺。传闻百年前前灵剑峰峰主太上长老德阳子真人以灭劫剑斩破天外邪魔，挽救宗门于魔劫之中立下大功，可也于此役身负重伤，原本接近天君层次的修为跌落了四重境界不止。后来宗门内就在无人见过德阳子的行踪，只是每隔二十年都会有一位精彩绝艳的年轻弟子。 手持德阳子太上长老的信物来到宗门成为真传，而林剑峰峰主之位也一直由当年德阳子太上长老的守护。代行峰主职责。赵德敬向着我露出一个善意的笑容：“小友且稍等片刻，我立即用狼烟传讯宗门，请师门长辈来此主持大局。”随即叫来人守护着太上长老的棺椁。收到消息的掌教景溪真人和八位峰主太真殿内意识，而太真殿的大门也关闭起来，这让外面的宗门老人激起了八卦之心。可他们运用各种神通道法都听不见殿内的意识。恰在此时，一道令箭从太真殿内射出。 落入到林剑峰之上，紧接着林剑峰一道剑芒直奔山门范围之外而去。宗门的人都知道林剑峰、孟云梅、孟真人虽是林剑峰的代峰主，但战力稳稳排入宗门前十，水平堪称同境界无敌。山神庙之中，我正靠在棺材旁边，却在这时一道剑芒如同长虹破空于天边坠落，眨眼的功夫就落入山神庙的大殿内。剑芒散开，现出一名绝色女子的身影。第一时间在这里守护棺材的弟子见到这名女道人，更是直接跪地恭敬道：“见过孟真人。” 孟云梅在接了掌教令箭，便匆匆赶来此方山神庙内。在他眼里，却似乎只有一个事物存在，那便是摆放在大殿角落内的棺木。他只是静静看着棺木，眸光之中便出现诸多感情画面。最终，孟真人的一句轻声呢喃：“回来了就好。”过了好一会，才将眼神投向我，眸光里有一丝温柔笑意：“辛苦师弟了。”我拱了拱手，对那孟真人回道：“应该的，不辛苦。”孟云梅伸出手，在我乱糟糟的头发上用力揉了揉，我顿时呆住了。从小到大，自己都是跟着老头师傅行走江湖，也没个师娘带大，哪里经受过这等待？ 差时间让我手足无措，脸色也胀得通。师师姐，这这可使不得呀！孟云没再收回放在我脑子上的手后，脸上也重新变得出尘冰冷。内门弟子李希文，外门弟子赵德敬，听令，贫道先带师弟回灵剑峰，而等守在此地，稍后宗门来人需将此间情报详细禀告，不得有误。两人回答，弟子定不辱使命。很好。 今日林剑峰太上长老一退回归，真传弟子入山，祠两桩事项接济尔等功劳。贫道会在善德峰为你二人请功，另外有林剑峰的厚礼会差遣弟子为尔等送上。李希文和赵德敬听到这里，无论先前是何等心血，此刻都是狂喜。高悬于天道峰峰顶的洞玄钟被敲响了七七四十九声后，宗主、七十二峰长老、各殿殿主一众长老护法都在太真殿议事。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大殿中央的楠木棺椁，坐在上首的掌教锦溪真人方才开声道：“今日太真议事门内各峰主。” 店主、长老、司铎、护法、真传弟子等可接到齐。殿下有一名紫袍道人出列，回禀掌教，除却林剑峰代行峰主孟真人外，其余阴道者皆已在列。锦溪真人再次发问：孟真人何在？殿下的紫袍道人却是面露尴尬，说道：禀掌教，孟真人有飞剑传讯，言要为新入门的小师弟挑选衣裳。此言一出，殿内众人面面相觑。太真殿亦是何其隆重肃穆，就连七十二峰峰主都要立即放下手头一切事物，立即响应云集。在这种紧要关头，孟云梅还有心思？ 可听见这句话的景熙真人只是淡淡吩咐道：“等十年一届的收徒大典上出现一位悲观少年。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这是一个来闹事的疯子时，少年的身份却让宗门掌教都不淡定。按照辈分，这个少年竟是自己的师叔。此时，上清宗宗主、各峰长老、各殿殿主、所有真传弟子都齐聚太真殿议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大殿中央的楠木棺椁。我在师姐孟云梅的带领下姗姗来迟。” 而现在的太真殿给我的感觉，如菜市场一样，充满了喧嚣和吵闹。一位穿着紫色衣服的峰主开口说道：“德阳子是我上清宗的太上长老，百年前为宗门立下大功，地位何等尊贵，其丧礼白事必须要按照最高规格来办。”很快，反对的声音就传了出来：“此言差矣，德阳子长老对宗门有大功不假，可这百年来他弃宗门事务于不顾也是事实，功过相抵，我认为不能用最高规格的待遇，以免宗门人心思乱，徒惹非议。”景霄真人，你真是可笑，就允许你自己摩羯朝后必死关百年，却容不得人家。 德阳子长老游历人间，挑选传承衣钵的真传弟子。锦城真人，你不要颠倒是非。贫道是禀告掌教安排好封内事务后才入座死关。可百年前德阳子下山，可有和任何一人知会一声？一时间，两个身穿紫袍的真人隔着棺椁对骂，唾沫横飞，着实和街头的肉贩子吵架没有两样。这副场景把我看得一愣一愣的。本以为自己的师傅德阳子已经够丢修行人士的脸面了，如今一看，却是一脉同源。 和这两位大宗仙长相比，根本难分伯仲。我在这边装死，可战火依然很快蔓延到了我的身上。陈木小友既然是德阳子长老的一波传人，自然也是宗门真传，应该立即录入,入道册玉壁，以正其名。德阳子前面收的四位真传，如今可见一人安心在灵剑峰内修行，一个个都放浪形，还没个修道之人的模样。说着话的景霄真人是一位仪态极佳的中年美男子，可我却在此人身上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敌意。面对此人刻意的刁难，我内心倒没有太多愤懑。本来自己就不是冲着成为真传弟子来的，而且做好了。 随时下山的准备。老头在自己之前还收了四个徒弟继承衣钵，可却在灵剑峰上一个人影都没有看见。灵剑峰在我到来之前就只有孟云梅一个人居住，属实是反常，有点意思。我嘴角微微翘起，反而对那四位名义上的师兄感到好奇。锦霄真人见到我笑，心头顿时涌起一股无名火，踏步来到我的面前：“你在笑什么？”面对锦霄真人的无形施压，我竟是笑得更灿烂了。怎么？ 这店里有写着规矩不能笑吗？我此言一出，店内的气氛更是瞬间降至冰点。景霄真人再也忍耐不住心头的滔天怒火，冷哼一声：“傲慢小辈不知天高地厚，不敬师长，此乃罪过。我且替你师父教你做人的道理。”景霄真人正准备出手时，一柄剑突然横在了他的面前。这剑名。 试炼正是孟云梅孟真人的随身配件。景霄真人面沉似水，冷眸扫向孟云梅。孟云梅，你这是何意？孟云梅却不慌不忙，一脸平静。我林剑峰的弟子，还轮不到造化峰的长老出手教训。景霄真人生气的询问：继位在道册玉壁上留名，弹劾林剑峰弟子？我师父德阳子收他为徒，我孟云梅认下这个师弟，那他就是林剑峰弟子。这次矛盾升级，让殿内的真人们也坐不住了。不会真打起来吧？他们有把握。景霄真人不至于真会对一个十五岁的晚辈下重手。 最多就是通过元神威压，可如今梦真人拔出了他的赤练剑，局势就不在他们的掌控之中了。景霄真人和梦真人同为阴神境仙君修为，过去的交锋皆不分胜负。如果此时打起来，除非掌教亲自出手，否则在场的所有人都没有同时压下景霄真人和梦真人的把。握。众真人抬起眼眸看了一眼上手的锦气真人，依旧在闭目养神，不为所动。就在此时，一道风雷声响起，这次除了雷声之外，更有一股蕴藏着大恐怖的气机从天而降，笼罩着整座大殿。景霄真人此刻脸上的表情。 充满了震惊和不幸，眸光颤动，看向孟真人。这这。 这是天劫！一众真人惊骇的眼神看向孟云梅。此刻的女修单手持剑，衣袂翩翩，如同在庭院摘花般悠然自得。面对天劫，修士一般都提前做足准备，还要借来一切能派上用场的法宝符箓，只求多上那么一丁点的生还机会。可谁能想到，孟云梅在渡劫之前，竟然还在和他人吵架？在之前是在替小师弟挑选衣裳，此时此刻端坐在上手蒲团的掌教景熙真人，终于是睁开了眼眸。景熙真人抬眸看向孟云梅，淡淡开口道善。直至此时，殿内众人才恍然大悟，难怪掌教会纵容孟。 真人延迟出席，只怕他早已经察觉孟真人想要与此刻渡劫的想法，并且给予了宽容。而此时的孟云梅却只是看向我，露出微笑。小师弟且看好了，亲眼旁观一位真人渡劫的机会可是不多。我从老头子那里得知，当阴神修到了极致，便可尝试将所有化身都合而为一，与天道争锋。若是渡不过此劫，则立即化作飞灰。最好的结果也是以冰解之法。 抛弃肉身根源，以此苟延残喘，但此生道行也将到此为止，再无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可能。天劫也并非只有一重，而是整整有九重天劫。一时间，宗门内所有弟子都从亭台楼阁、茅舍洞府之中走了出来，抬头仰望着天空。此时，孟云梅顿时身化剑芒冲出了太真殿，其余真人也不甘落后，不肯错过哪怕一息功夫的宝贵时间。一名姓江的真人来到我身边，带我去往那太真殿外天道峰顶。 此时的天空雷音激荡，黑云压山的雷霆盘踞在云层，散发出恐怖的威势。而在云层下方，一名持剑的女修凌空站立，神色淡然。 直面天雷之威，云层的漩涡深处有九道深浅各异的雷霆正在酝酿，还未落下就已经有天倾之势。面对此等威势，女修却是嗤笑一声：“要来便快来，磨磨蹭蹭半点不利索。”张口就是挑衅这片天，这是何等的张狂！这让我很难想象，天上这位女子就是刚刚带着自己游历灵剑峰，还给自己张罗道袍衣裳的温婉师姐。天上的婕妤似乎也听见了孟云梅的挑衅，在她话音刚落的同时。 一道紫雷瞬间化作一条雷龙，朝着孟云梅轰击而来。孟云梅脸上半点不惧，反手挥动赤炼剑，以五匹剑芒应对雷龙。雷劫落下，却被斩成了两半。一剑之威，让晴天玉柱上众多围观的真人们都不由得变了脸色。孟真人的剑道修为，平日里当真是深藏不露啊！此时雷霆天劫似乎也被激怒，漩涡内的雷霆凝聚出更为可怕的威势。站在我一旁的江真人见状，大惊失色：“不好！天道有眼，知晓第二重雷劫已无法对孟真人造成威胁，将第二重、第三重雷劫合并，威力倍增。”我愕然抬头望向。 天空心想还能这样玩，这让我觉得那道天劫漩涡好像一只巨大的天之毒桶，俯瞰人世。天也有眼睛，也有感情，也会喜怒的吗？只见云层之上，红紫暗雷凝聚，化作一头咆哮猛虎，朝孟云梅冲杀而来。孟云梅主动朝着那红紫雷虎迎上前去，一剑又解决了这雷电化成的猛虎。此时掌教景溪真人的身影出现在众人身前之上，吩咐道：“诸位真人，速速返回各自统御山峰坐镇，务必将孟云梅打散的游散雷源束缚起来，以符箓炼气之法封印镇压。”就在这时，第三道雷也袭来，他不。 不像前两道紫雷一样，而是似无数暗器一样攻来。 只听见孟云梅捏了个法诀，赤炼剑身上光芒大作，隐隐有无数金色符箓浮现，一个闪烁着危险雷光的圆形雷球开始凝聚，一件事牢牢将漫天雷霆束缚在了小小方圆之地。我注意到一缕如柳絮般的细小雷霆竟朝自己冲来，我不及多想，直接以并拢的双指为剑，只是一个照面的功夫，我调动体内丹田气海全部真元，就被狂暴刚烈的雷霆之力轰得七零八碎。直到如今，我才真正认知到天上师姐面对的到底又是什么样的强悍存在。我身边的少女江瑶紧张的双手攥住了道袍，若是她跌。 爹将真人刚刚在场，当能出手保下我无忧。但眼下真人都已经返回各自山峰坐镇，剩余弟子里面最高也就是和我相同修为的筑基境弟子。一旁有个十七八的男子看向我，心想如果刚刚那道紫雷朝自己冲来会怎样？恐怕自己连那道一击都没有碰到，现在已经变成一地灰了。忽然我发现自己掌中有一道亮光闪烁，却又很快消失不见，然后我就失去了意识。当我再睁开眼时，看到自己在一间屋子里，床边还趴着一个熟睡的少女。 正道宗门的收徒大典上，竟出现了一位抬棺少年。但当所有人都知道他的身份后，惊呆了。十五岁少年的辈分竟是宗门的太师叔。不仅如此，他更拥有传说中的天生剑主。当我在睁开眼时，看到自己在一间屋子里，床边还趴着一个熟睡的少女。等江瑶醒来后。 我从江瑶口中得知，自己竟然沉睡了一年，而师姐孟云梅渡劫成功后闭起了关，师傅的葬礼也因为师姐的地位提高而办得十分隆重。唯一可惜的是，没有目睹完师姐渡劫的全程。除此之外，江瑶还告诉我在师姐闭关之前给我留下了信物，不过要去剑池自取。不过目前剑池因为孟真人闭关和我的昏迷，景霄真人向掌教请来玉令代为看守凌渊剑池，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是侵占，以看守之名把握了名义上的主动权，并且将门下一众真传派来此地，却不曾想其他上十二峰未见举动，反倒是下。 二十四峰的弟子去触造化峰的眉头，运秀峰、宫造峰、缥缈峰联手对造化峰施压威迫。我偷偷前行到了剑池入口附近，想要寻找进入的机会时，才察觉到不对。师姐孟云梅眼光何其长远，不会在闭关前对这剑池没有任何安排。不，唯一的安排就是让我来此地一趟。可以推测，造化峰的人抢占地盘，包括后续其他山峰的真传插手引发争端，都在师姐的预料之中。但我万万想不到，刚来到剑池脚下就异变突生，紧接着一个童子般清脆的声音在耳边响起：“你来了。”然后一股强大的吸力就将。 将我席卷了进去。等我回过神来，似乎被卷到了剑池之内。只见眼前出现一个约莫四五岁的童子，正抱着自己的右脚，不断用脸摩擦。这位真的是传说中的剑童子，而不是一只未成年的小奶猫。我询问道：“请问阁下可是剑童子？”听见我的提问，童子也不松手。对他们都叫我剑童子。 不过我还有个名字，我叫林。你是德阳子的徒弟，又是他的衣钵传人，你叫我林师伯就可以。弟子陈牧见过林师伯。免礼，免礼。在这剑池不用这么多礼数，就像是回家一样便好。你应该知道你师姐让你来是干什么。师姐给我换了新衣裳，却没有换一把佩剑，想来机缘就落在这剑池之上了。不错，你既然是德阳子的衣钵传人，又被受灭劫剑诀，想来要让这剑池内的名剑认主不难。不过这剑池自有试炼的规矩，就算是我都不能擅自更改。你若想要神兵认主，就必须通过剑池的试炼，方才能带走心仪之剑。 所谓剑池试炼，就是一场宝剑与剑修之间的双向选择之旅。若是有宝剑对剑修看得上眼，就会主动发起进攻；而剑修一旦能够臣服宝剑， 自然可以结下一段不解的缘分。当然，假若宝剑没有动静，而剑修又看中了剑池内的某把名剑，也是可以尝试主动出手征服的。可让我没想到，刚开启试炼，眼前就出现不一样的场面。数以百计的宝剑从剑池泉水内飞出，萦绕在我的身边飞舞旋转的画面，让剑童子没想到的是，所有的宝剑都想要认少年为主。幸好剑童子及时制止，要不然这些剑为了争宠都要发生互相厮杀的惨烈场面。你这家伙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些剑看见你，就像是秃鹫看见腐肉，一个个都奋不顾身，一路深入剑童子的脸。 色也是越来越复杂，因为他发现，无论是沉睡了多少千百年的绝世名剑，在这少年面前，都如同青楼上的女子一样搔首弄姿。就连上古名剑巨破耀月星君所执掌的随血刃，也在少年的指尖上上跳下窜，活泼可爱。映入眼帘的一幕，让这位不知存活了多少千年的先天之灵怔在了原地。我就不信了，你还能是那剑剑剑爱的天生剑种不成？练剑需要选择本命配剑。 日夜蕴养，人剑合一，方能发挥出最上乘的剑道实力。而天生剑种从诞生那一刻起就适配一切剑气，手上握着拿柄剑，拿柄剑就是他的本命。剑童子大叫一声：“御事借牢压酒、火精猪邪，听我号令，开启试炼。”可结果也是一样，不仅一个个围绕在少年身边旋转，甚至还和先人一步的随血刃发生了冲突。 想要争夺那最显眼的位置，见童子睁大眼睛，惊骇地看向我，不敢置信。眼看着一柄又一柄名头响亮的千古名剑从剑池泉水之中飞跃而出，找向少年。这和刚开启试炼的时候不一样，这些无一不是上古名剑。与此同时，我的目光落在了某一把声势最为煊赫的飞剑身上，那是一柄暗金之中透着青墨之色，蕴藏寒意、威严深重的龙渊剑。我正准备出声拿下时，只见见童子发出一声尖叫，扑到我面前，死死握住了即将伸出的手臂。别呀、啊，别冲动，三思三思而后行。我正。 想询问怎么了？只见剑童子着急的说：“按照剑池规矩，你最多只能在这剑池内带走一个物品。”听见这句话，我瞬间品出了特殊的含义，拱手说道：“请林师伯教我。”剑童子见我能听懂他的言下之意，也是心中长舒一口气。剑童子本来都计划好了。 要用我印象深刻的方式把那个东西交到手上，只是万万没想到，试炼不仅没有给少年带来半点麻烦，反而由于太过顺利，剑童子伸手一挥，只见一道残影从剑池水潭深处飞出，落在掌心。我愕然看向剑童子掌心的物件，这是剑匣。剑童子一脸笑意：“不错，你看，若是你只取宝剑，最多只能挑选一柄带走；但若你选择剑匣，自然能够将这件匣装满，最多能同时带走十二柄宝剑。但很快我就从这件匣上发现了不妥，那个林师伯。” 你家的剑侠长了眼睛？剑童子眨了眨眼，低头看向手上虚脱着的剑侠，忽然大怒，伸手拍在剑侠之上。我不是让你好生隐藏吗？怎么还是这般不小心露馅了呢？嗨嗨，陈木，你不要见怪，实话实说吧，这是我的孩子。我满脸震惊，神色呆滞，但也不算震撼。世间万物有灵，草木上能成精，铁剑也能蕴养出剑灵。然后我就开始在天际诸多名剑之中开始挑选，毫无疑问。 龙渊剑是自己第一个要摘下的对象。只见我伸手一指，龙渊剑就以奔雷之势冲入到剑匣之中。随后我又点了随血刃。至于剩余十柄剑，我就没有什么头绪了，全然是凭借直觉来点。最终，十二柄要被我带走的剑，都安静地躺在了剑匣之中。剑童子眼皮直跳，好家伙，感情你小子是专门往这剑池里，在各自领域内最强的那些剑下手了、啊。龙渊王道恢宏，随血刃嗜杀狠厉，压酒乱魂迷眼，借牢散意传温，成影剑出无踪，纯君正道堂皇，太阿威道无双。 斩蛇灵镜翠力，定光照破万邪；昆吾霸裂刚猛，巨阙抵御万法。镇岳上方号令四方，剑童子也不知从何处掏出来一枚圆镜抛给我。 你师姐在上面留下了留影之术，你往东面直行三百步，将圆镜对准时，以秘法催动就能将留影呈在石壁之上。果不其然，在三百步后，我看见平静水面上有一座巨大石壁耸立。我站在石壁前，将圆镜对准石壁，然后按照剑童子交代掐念法诀，顿时一道光柱从圆镜内径直投向石壁。等光芒凝聚，一个飘然若仙的倩影出现在了石壁之上。我看这是道术留影，就站在原地等待留影开口。石壁上的女子也只是静静站立。 半晌之后，女子嘴角弯起，开口道：“怎么，准备和师姐在这里站到天荒地老？”我瞳孔地震，目露诧异：“师姐，你是活人？”“是，师姐，你是活人？”女子微微蹙眉，嗔了一声，没好气道：“我不是活人，还能死了不成？”“哦，好你个小鬼，是心里巴不得师姐陨在雷劫之下，好继承林剑峰这座宝山是吧？”少年连忙摆手，头摇似腰鼓：“哪里哪里，都怪那贱童子，说师姐只有留影在这镜上，方才引起误会。”孟云眉微微摇头，笑道。 这镜中元光之术，乃是记忆缕神魂于其上，用媒介唤醒，即可维系一段时间与你交谈。因此，在你面前之人，是我非我，既非死人，也非活人，可能理解，既能又不能。哈哈哈，很好，不愧是我孟云梅的小师弟，有我林剑锋一脉之风范了。女子豪爽大笑，少年也是笑容平和。他抱拳问候道：“师姐一切安好？”感受到少年真切的关心，女子眼眸低垂，神色温柔：“我无事，好的很，小师弟无需担忧。” 只是本尊闭关，不知要多少年月，却是不能代师授业，帮你补上缺少的修行知识，倒是遗憾。师姐无妨的，我。陈木犹豫片刻，还是决定坦言道：“我准备要下山了，师姐在山中修行，我不习惯。”孟云梅闻言，脸上没有怒意，反而是叹息一声，满眼疼惜。你也苦，明明可以在剑道上平步青云，却偏偏走入了红尘道，根基已定。这太真清虚天内的至纯灵气，对旁人是求之不得的修行资粮。 对你而言，却是过犹不及的慢性毒药。陈木想起了他刚到灵剑峰时，吸纳吞吐天地灵气时涌现的细微不适感，眼中明悟，他走的道路太特殊了。别人千方百计躲避红尘因果，他却是主动撞入其中，以红尘之气为食。如此一来，这支纯至粹的天地灵气就类似一副十全大补之药，普通体魄强健的正常人吃了能固本培元，妙用无穷。但他却如同是患有重疾的病人，只能用性温之药慢慢调养。一副十全大补灵药吃下去。 反倒是取死之道。陈木慨然一笑，反而神色轻松，开口道：“如此，我逃下山就情有可原，可以理直气壮了。”他竟是半点不为红尘道之艰险而畏惧，反而因为找到了正当的下山理由，发自内心欢喜。孟云梅苦笑摇头，随即道：“对了，在这剑池之内可有收获？这是自家的地盘，想要哪柄剑随意取走，不用客气。第34章”第三十四章主妇。孟云梅与陈木又聊了许多。 其中重点提及到陈慕鱼昏睡之前摘下的那道雷路，第一劫气之前，混沌初开，天地历程，有那创世之雷，名为都天神雷，执行天道惩罚，维护天地秩序。因此，这雷霆位格极高，和我们身处的这方天地同源，就连宗门的镇山之宝山河图都无法彻底阻隔都天神雷的渗入。不过，擎天玉柱顶端的小世界和现实并非同源，是能够隔绝神雷进入的。而你当时面对的那一缕都天神雷，乃掌教锦溪真人亲自摘下。 递送进去，景熙真人送进来的。陈木从昏迷之中清醒过来后，有察觉到当时那道雷霆来的蹊跷，好像压根就对在场的其他上清宗弟子无动于衷，只是盯着自己一个人来疯狂攻袭。如今孟师姐的话，算是将心中的疑团解开了。可是，为什么景熙真人要对我特殊照顾呢？陈木语气平静，没有半点怨气。他内心清楚，身为上清掌教的景熙真人，不会是真的要害自己，不然作为一位真人。 有太多的手段可以更隐秘也更直接的达成此事，无需在众目睽睽下做出这种会留下无尽麻烦的勾当。而从结果推论，无论是他成功摘下一枚雷露，还是身体破而后立，如获新生，他本人在这桩意外事件里算是收获颇丰。如此一来，更是可以断定锦溪真人当时的出手并非恶意。掌教真人，他是见你在灭劫剑道上有所感悟，机会难得，因此以一缕都天神雷的机缘，助你亲身经历此剑法的玄奥，顺带以都天神雷之威给你进行一次雷霆淬体。 然后以宗门秘法灵药助你调养身体，即可补上亏损的根基，让你在往后的道途上能走得更远。只是就连他老人家也没想到，你不仅借助这次机缘在剑道上取得进展，竟然还能洞悉神雷特性，把握住冥冥之中的一丝道运气机，摘下雷戮神通。能够在筑基境摘取下这种未格神通的修士，放眼整个修界历史都寥寥无几，足以自傲。孟云梅语气之中有淡淡骄傲，充满赞赏，但随即他话锋一转，说道：“但小师弟也要留心。” 都天神雷乃天雷之一，但凡应劫者必然要过此难关，事关死生，难免会有那些品德不佳之人会觊觎你身上的这道雷路。若你安心在山门修行，自是无碍；可若你要入红尘大道，于世间行走，各中风险不可不察。又是怀璧其罪的道理吗？陈木点头道：“我知晓了，师姐，这道符箓我轻易不会在外人面前展露的。嗯，小心无大错，但也不用过分担忧。记住，你是上清宗弟子，是我林剑峰的真传，遇到那些恃强凌弱。” 以大欺小的无耻之徒，回宗门摇人便是，看看谁才是被欺负那个。孟云梅霸气侧漏，言辞间有睥睨天下的豪气，让人设伏。是师姐，若有敌不过的对手，我一定不会顾及面子，丢了里子的。陈木用认真的表情语气说着诙谐之语，让孟云梅笑着摇头不已。对了，小师弟，你下山之后可以替师姐去办一件事吗？自无不可，师姐请讲。百年前摩劫朝后，你师傅德阳子下山收了包括你在内，一共有五名弟子。 分别走不同的道途，以此印证师傅的求索长生之道。师傅曾言，出世之道，他在我身上已窥见尽头的风景，无需再让其他弟子踏上相同的道路，徒劳无益也。他想要探索更多的可能，想要找出破除魔劫轮回的无量宿命，想要于无穷天道伟力之下找出那个唯一的解。因此，你前面四位师兄都下山入世，分别走的是正道、邪道、王道、逍遥道，最后加上你的红尘道，以众生为炉，印证长生。我想，你帮我做的事情。 就是在合适的时候去看一看你四位师兄的近况，也算是代表林剑峰与师门走上一遭，如何？陈木自无不可，答应了下来。关于你四位师兄的履历生平，我已录入此玉简之中。此外，里面还记载有我的修行笔记、剑道感悟以及一些修行见闻。你有空闲可多看多想，想必会大有裨益。玉简，陈木面露惊讶。师姐和他对话是借助了镜中元光之法，通过石壁与他本人的真元为媒介，激活那道被提前藏在元镜内的神魂，才能当面沟通。也就是说。 就连那位不知在何处闭关的师姐本尊，都是不能及时知晓现在这场对话的。只有等他出关后，重新将这缕神魂收回，交融合一，才能获得剑池内这场对话的讯息。这种情况下，也能隔空传递物品。悬疑少年眼巴巴地在原地等待许久，也不见有御简朝他手上飞来。抬头一看，正对上孟云梅那双秋水般似笑非笑的眸子。于是他知道自己又被戏弄了。师姐似乎对戏弄他情有独钟，乐此不疲。属实无奈。师姐，好了。 不调戏我家小师弟了，在石壁后面，我放了一个木匣，玉简就在里面，你自己取走便是。陈木先是愕然，然后哑然失笑。他却是把事情想得太复杂了。师姐既然安排了让他来剑池，又怎么会不安排好将要给他的东西提前放置在这件池内呢？毕竟这里有剑童子看守，无外人进入，算是整个宗门七十二峰内最安全的地方之一了，根本没有必要通过什么神奇道法神通把玉简隔空传递给他。陈木绕到石壁之后，果然一个精致的木匣就摆放在显眼的位置。 他伸手抓起木匣，打开，只见一枚通透流光的玉简正静静地躺在其中。指尖触碰，瞬间就有一道灵光在心头转过。这是关于开启应用这枚玉简的法诀窍门。闭上眼睛，仔细回味和感悟。陈木确认他已经掌握了法诀后，转回到石壁的正面。而此时，师姐的身影已经从石壁之上消失不见，唯有一行以真元书写的文字留在了石壁之上。若想下山去找剑童子相助即可。望师弟朝前西荡，精进不休，来日于青云之上，再与师弟举杯痛饮。 快栽快栽！第三十五章，荒冢。林渊剑池的重新开启，引来七十二峰上下极大的关注。但凡是修剑道之人，就没有不渴望进入剑池，接受试炼，从而有获得天下名剑垂青的机会。除此之外，带有其他各种心思的人也不在少数。灭劫剑道对天资悟性要求极高，贵精不贵多，因此收徒极其严苛，入门难，要取得成就更是难上加难。因此，林剑峰作为十二上峰之中排行第七的宝地。 却是整个七十二峰里人数最少的一脉，但灭绝剑道的上限也是数一数二的存在。一旦修行有成，就是诸如孟云梅这样年纪轻轻就能于战力上排入宗门前十的位置。所以只要林剑峰还有真人坐镇，基本就无人胆敢招惹。于是凌渊剑池也愈发清静，一世独立。可如今情况却是有变。一年之内，先是元灵剑峰峰主太上长老德阳子仙逝，曾经的传奇至此宣告落幕。随后是孟云梅以五百年修行。 就度过第一重天劫考验，成就天君境界，震惊天下。按理说，这一起一落之间，林剑峰整体的格局并没有发生太大改变，甚至由于孟真人的突破，比起之前百年，林剑峰的实力是有增无减。如今天君坐镇，足以震慑一众宵小。这也是一开始景霄真人出手，请命看守凌渊剑池时，其他各峰都没有反应的原因。谁都没想到，孟云梅这位新晋天君刚入闭关，景霄真人就敢跳出来染指凌渊剑池，可谓胆大包天。人家是闭关。 又不是死了，总有出关的那一天。届时，一位渡劫天君治愈了伤势，巩固了修为，以当世无敌之姿返回宗门。你景霄真人不过是阴神境仙君层次，又该如何应对？只怕今天吃下去多少东西，届时就要十倍百倍的吐出来。但随着时间流逝，眼看着造化峰十余名真传弟子牢牢占据剑池山道，日夜借助剑池附近的契机历练，很多人的心思又活络起来。虽然孟真人总有出关归来之时，但那毕竟是不知多少年岁之后的事情了，不是吗？假如孟真人闭关百年。 景霄真人在这百年内，若是能借助剑池之势，同样突破天君修为，那就又拥有了和孟真人谈判的实力。而即使没有能够渡劫，门下弟子毕竟是独得百年的剑池裨益，整体修为要上涨一大截。孟真人哪怕出关，也不至于为了区区真人之间的恩怨，要出手废了同宗小辈的修为。最多无非是多付出一些外物上的代价，来换取门下弟子的光明前程。亏吗？从长远来计，这笔买卖稳赚不赔。毕竟外物都是死的，再多的天才地宝。 也比不过门下弟子出一位真君修士来的划算。造化峰这算盘打的是哐当响，也让七十二峰其他许多真人懊悔不已，只恨算计与魄力不足人家景霄真人的十分之一。特别是在凌渊剑池开启之后，这种情绪几乎到达了巅峰。林剑峰再独特，也是上清七十二峰之一，是上清弟子的林剑峰，岂能让景霄真人独美？于是无数真人纷纷派遣真传弟子来到林剑峰内，守在剑池山道入口。目的很简单，太师叔，陈木。 虽然景霄真人请来掌教玉令占据大义名分，但谁都心里清楚，这林渊剑池说到底还是执掌在林剑峰一脉的真传弟子手上。因为剑童子指认林剑峰一脉，已经是宗门上下公认的偏心。如今陈木深入林渊剑池，得剑童子承认，只怕会获得好处无穷，也必然会和手执掌教育令的造化峰发生冲突。是压住造化峰景霄真人，还是压住林剑峰陈木？无数人都做出了各自的选择。一切。 只等待那少年从凌渊剑池迈出的那一天，终见分晓。然而，就在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下，包括景霄真人在内的一众紫袍真人，以及数以百计的蓝袍真传弟子，严阵以待，望眼欲穿之下，凌渊剑池的入口之中，竟然是迟迟没有看见那位少年出来的身影。一天、两天、三天，这天清晨，于静室之中打坐的景霄真人，忽然心血来潮，掐指一算，卜卦之术推算出来的结果，竟是让这位阴神境仙君。 气得当场拔掉了三缕美髯。半天之后，整个七十二峰都流传出一个惊人的消息：原来刚入门的林剑峰太师叔陈木，此刻俨然已经不在凌渊剑池之内，甚至都不在七十二峰之中。如无意外，应当是剑池内那位神鬼莫测的剑童子施展的手段，替筑基境的太师叔掩盖天机命数，助其偷偷潜藏下山。是夜，又有传闻，以继承和为首的一群造化峰真传弟子，受到景霄真人的当面呵斥，被罚闭关思过，不知真假。只是在往后的许多时日里。 宗门内都不见有造化峰真传弟子的行踪，倒是事实。一日之后，善德峰的赵福殿内忽然出现了一个悬赏颇丰的节令：但凡受领此节令的上清弟子，当寻封四周之地，寻找离宗下山的太师叔陈木。一旦察觉其行踪，立即禀告宗门，不得有误。若能劝返，当为上上品功绩。而此节令不限领取人数，也不限修为高低，但凡有意愿者，即可上善德峰领取。一时间，几乎所有离山在外的上清弟子，都在心中牢记了一位少年的相貌形象。 并且以寻找此人为首要之事。与此同时，北玄州芒谷，一支敲锣打鼓、身穿喜庆红袍的迎亲队伍正在荒谷之中行进。如此热闹喧嚣的场景，在这座著名的鬼谷深山里，却只是让人感到愈发阴森荒凉、毛骨悚然。就在迎亲队伍路过某座无名荒冢前方时，突然一只手掌破土而出，按在了坟头之上，所有的锣鼓声戛然而止。鬼鬼鬼啊！迎亲队伍里有人惊叫一声，顿时所有人都慌乱如麻，纷纷转身拔腿就跑。 唢呐、笛、箫、锣、鼓、红袍、绸缎、皮棉、单衣、锦匣、玉镯、簪子散落一地，美酒、喜饼和肘子更是在这荒郊野岭之地发出阵阵诱人香气。当背负剑侠的悬疑少年从荒冢内破土而出时，映入眼帘的就是这么一地狼藉之景，以及一顶被抛弃在路中间的大红花轿。第三十六章冥婚。陈木看着道路中间的那顶大红花轿，一阵无语。 剑童子信誓旦旦告诉他，有一个绝密的传送下山阵法，是他三千年前偷偷溜下山玩耍时开辟，这些年来也仅有德阳子在百年前用过，绝对安全可靠。但他怎么都没想到，传送的目的地居然会是一座荒冢。幸亏他曾经和土夫子一起行动过，会点寻龙点穴的功夫，通晓墓道布局，这才找到一条逃生之道。想起方才地下那扇阴森森的石门，少年就感到一阵晦气。他可一点都不喜欢荒冢内部的风景。走到大红花轿前方，用龙渊剑挑开轿帘。 只见一个妙龄女子被捆绑住了手脚和嘴巴，满脸泪痕的倚靠在花轿之中，用哀切恳求的眼神望向自己。陈木心中微微叹息，这就是修行之人大多选择深山潜修，躲避红尘的原因。有时候行走江湖，许多因果纠缠，并非你想躲就能躲开。比如眼下，他破土而出是无奈之举，而惊动迎亲队伍纯粹机缘巧合，但也产生了因，是由于他的出现才会导致迎亲队伍受惊。 众人奔逃，将一个女子抛弃遗落在荒郊野岭之中。无论陈木是选择无视，放任这女子自生自灭，还是选择承担，帮助这女子寻到一处安全的容身之所，都是接下了果。由此又会引出无穷麻烦，一桩因果连接另外一桩因果，让人疲于奔命，祸患无穷。七重因果杀劫就此应运而生，并且逐渐壮大，直至让人惊觉它的存在时，已然不可匹敌，无法挽回。但陈木走的道路和世间绝大部分修士都不尽相同。 正如师傅德阳子在世时安排他一个又一个功课，进行一场又一场历练，本身就是主动揽下无穷因果的举动。别人要避红尘、躲因果，他却是反其道而行之，入红尘、揽因果，以红尘气为食，以因果业为资粮，行作死之道。少年坦然一笑，某种程度上，作死也是一种自由和洒脱。他无需像寻常修士一样要考虑太长远的因果报应，反正都是业火缠身，倒不如在那把火彻底燃尽自身之前。 随心所欲，率性而为。侍卫债多不压身。陈木用剑挑断女子嘴上的布条和身上绳索，后者顿时匍匐跪下，凄厉哭喊道：“这位少侠，请你救救小女子吧！”陈木神色平静，只是缓缓开口问道：“你是何方人士？又为何要向我求救？”身穿玄色为主、熏色镶边婚服的女子俯首不起，啜泣道：“回禀少侠，小女姓段，单名一个宣字，乃三关城封阴镇人士。七天前，三关城有一韩姓大户。” 遣家奴来镇上寻找生辰八字合适的闺中待嫁女子，要给韩府长子娶亲。于是女子泣不成声，虽然话未说完，却已经足以让人知晓后续内容。你不愿意嫁入韩家？陈木继续问道。女子闻言却是摇头，说道：“最初爹娘兄长与我谈及此事时，皆是欢喜，小女也无怨言。毕竟那韩家乃三观城内有头有脸的富贵人家，小女能嫁入韩府，也算是高攀了人家。可就在那征收完，准备亲迎之际，忽然镇上有从那三关城返回同乡，说说。” 名为段轩的女子，此时满脸惊恐，身子剧烈颤抖起来。她说：“那韩府长子韩良俊，却是在一个月前就患病身亡。韩府张罗着要为长子娶亲，根本不是什么正常的婚事，而是一桩冥婚。”陈木想到这里，眼角余光再次扫向地上被遗落的物件，却是又有了一番不同的心情。他右脚不动声色地将脚下一枚玉镯踢远，眉头皱起。而段轩的哭诉还未结束，他继续道：“爹娘兄长从小疼惜我。”闻言大惊失色。 哪里肯继续这桩婚事？于是兄长陪同阿爹亲自前往三关城退婚，所有彩礼也都一并退还。小女本以为此事就到此为止了，不曾想父兄久久未归，家中却迎来了一批凶神恶煞的韩家家奴。对方放言，既然已经收了韩家的聘礼，就绝无退婚的道理可言，直接就动手将小女捆住，换上婚服，抬送上花轿。娘亲急怒攻心，吐血昏迷。家弟想要从家奴手中救我，却被当场打成重伤，生死未卜。不曾想一桩婚事。 竟是让小女一夜之间家破人亡。段轩双拳紧握，许氏用力太猛，指甲陷入掌心之肉，渗出鲜血，滴落在脚底。陈木眼眸低垂，沉默片刻，复又开口问道：“你接下来要如何行事？可有打算？”打算。女子停下哭泣，目露迷茫，随即她眼神投向悬疑少年身上，在他背负的剑匣上，目光流转，浮现希望。请少侠救我！救命之恩，小女无以为报。如若少侠不弃，小女余生愿为奴为婢。 侍奉少侠，陈木不置可否，目露怜悯，轻叹一声，问道：“你此行可是要去往那三关城？”见童子只说会将他传到北玄州的某个偏僻地界，远离上清宗，但具体是何位置，他对北玄州半点不熟，一时也找不准方向。最终还是要找个烟火气旺盛的地方来寻人问路，才好去往预简中记载的四位师兄所在之地。既然如此，那三关城也不失为一个就近的选择，可以顺路携带着女子一程。但女子闻言却是摇头，回禀少侠。 此行并非是去往三关城，而是韩家位于莽谷之中的一座义庄。义庄倒也符合女子口中那韩家的做派，直接是一步到位，连许多表面功夫都懒得去粉饰了。陈木冷哼一声，眼眸冰寒。若是老头还在，撞见此等世间不公平事，是怕也会立即就是一门功课安排下来。如今老头不在了，陈木倒也可以自己给自己布置功课，算是延续老头的心愿。请少侠救我！段轩似乎是看见了希望，再次磕头恳求。 而此时，陈木似乎是下定了决心，再次垂眸看向凤冠霞帔的女子，眼中的怜悯化作一声深沉叹息。他右手搭在龙渊剑柄，神色变得凝重，开口问道：“你可知道自己已是一个死人？”第三十七章，厉鬼，我是死人。在陈木的视线之中，段轩是一位相貌相当清秀的女子，鹅蛋脸颊，挺秀琼鼻，唇若樱桃，香腮微晕。此时的段轩，凤冠霞帔，画着短阔眉毛。 眉心之上点缀着花钿，右唇下方还点着一枚黑叶，国色生香。但就在少年说出他已是死人之后，一切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白皙光滑的肌肤一下子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衰残下来，唇色发青，眼眶枯槁，一头如瀑布般的青丝此刻也是如同干瘪的枯树枝，根根开叉。因用力握拳而滴落在花轿底部的鲜血忽然间变成黑紫，带有强烈的腐蚀之意，要洞穿轿底的木板。他十指都涌现出灰色的冗长指甲，锋利如刀。 在夜色照耀下，散发着凛凛寒光。此时再看段轩，哪里是什么风华正茂的妙龄少女，分明是一位死去多时的鬼新娘。难怪遇见丁点风吹草动，整个迎亲队伍就四散而逃，丝毫没有一个人顾及花轿中的新娘子。恐怕那些人也早已知道，大红花轿里端坐着的，根本就不是什么新娘子，而是一个死人。对我已经死了，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段轩嘶吼一声，痛苦的抱住脑袋，十根冗长锋利的指甲插入脑壳之中，也浑然不觉。 一幕幕画面从他眼前闪过：阿爹与兄长抬着聘礼去三关城退婚，路遇山匪，兄长当场被杀；阿爹拖着重伤之躯回来报信，然后气绝在屋门之外。娘亲悲痛交加，当场吐血而亡。小一岁的弟弟欲带上姐姐逃往他处，却在官道上被韩家家奴拦截，活活打死。他被那群家奴掳回镇上，竟还是要强迫他光明正大的嫁入韩府，并且张罗了一群当地青皮恶少来冒充本地亲属混入迎亲队伍。他不堪受辱，举起剪刀刺喉自尽。 却不曾想，就连死亡也不是终点，依旧是被换上婚服，浓妆艳抹，送入这大红花轿之中。死人冥婚大喜啊！鬼新娘忽然间仰天长啸，枯发张扬飞舞，一身玄勋婚袍无风而动，猎猎作响。原本泛白的眼珠子内，突然有一抹浓郁血光浮现，一股青紫煞气从她天灵盖上冒出，冲天而起，化作一朵煞云，遮挡住了天上的皎月。月黑风高夜，狂风刮起。 顿时将整个大红花轿都撕扯粉碎，木屑纷飞。等狂风骤停，陈木的眼前已经没有了鬼新娘的身影，唯有一地碎裂的木板在昭示着方才发生的一切。厉鬼诞生了，在年轻的剑修面前，在他眼皮子的注视底下，其实他有无数次的机会，可以在阴煞之气被吸入鬼躯之前挥剑斩断鬼化的过程。但他握剑的手自始至终都没有半分松动的迹象，甚至在厉鬼完全诞生、不知去往何处后。 他都依然是站在原地，仿佛陷入到沉思之中，足足等待了一炷香的时间，然后才抬起头，找准了一个方向，缓缓前行。一炷香加上步行赶路的时间，足够了。芒谷山脚，一座挂着两排喜字灯笼的庄子，坐落于山道右侧。两个摇摇晃晃的醉汉，一高一胖，从屋内推门而出，径直往茅房走出。钱钱兄弟，你你今夜喝的可曾尽兴？哈哈，好酒好肉，岂有不尽兴之理？倒是你。 堂堂卓黑熊，一身横练功夫纵横天下，酒量却是比你这大肚子要小太多太多。胡胡说，你你不要小瞧了俺。等等，俺去完茅厕，再再与你饮饮个痛快。好好，卓兄，饮个痛快。只是可惜，可惜啊。前前兄为何叹息？唉，这韩府婚宴酒若是管够了，就是这穷乡僻壤之地，连个可以卸完的小娘子都不见，属实没劲。谁说没有？顶着大肚子的黑胖汉子。 突然扯开嗓门，大声叫嚷一句：“嗨！你吼那么大声干嘛？吓我一跳！怎么，你还能在这鸟地方变出个美娇娘来不成？”谈及女子，这黑胖大汉似乎酒意也散去不少，咧嘴一笑，小眼睛微微眯起。钱兄，你可还记得我们兄弟受那韩府所托，在官道上劫杀两人之事？怎么不记得？那韩府管事是个出手阔绰的豪爽之人，我们抢来的那些金银事物，竟然分文不取，通通交给兄弟们挥霍。 对手还是两个手无寸铁的镇民，简直是无本买卖，甚是快活。嘿嘿，你有所不知，那钱货本来就是韩府娶妻的聘礼，人家自然是看不上眼。聘礼，对，韩府要为死去的长子韩良俊办冥婚，在那封阴镇上寻了个生辰八字合适的阴姓女子，下了聘礼，又怕人悔婚，特意让我等在山上拦路打劫，让那阴家退不回聘礼，被迫就范。啧啧，好狠的手段，好歹毒的心肠。依我看呀，这些豪绅大户心肠比我们这些绿林好汉要黑心太多了。 嘿嘿，钱兄这话就说的不对了，没有那些黑心的大户，哪里来兄弟们的逍遥快活？也是，不过这和美娇娘有什么关系？关系大了去。钱兄，你想啊，这庄子棺材里躺着的那位韩府公子，是死的不能再死了，可他的新娘子却是一位娇滴滴的活美人啊！你的意思是？瘦高汉子眼中金光暴涨，露出淫邪笑意，伸手抹挲着下颌短须。反正都是要去地府陪那短命鬼的，身为黄花大闺女走了却是可惜，倒不如在下去之前。 陪兄弟们快活快活，也算不白白往来这人间一趟。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有理有理，只是不知那新娘子何在？韩府的家奴去镇上带人了，估计过不了多时就会送到。届时只需在那冥婚举行前，我们兄弟找个机会潜入房中。嘿嘿，哈哈哈！卓兄，只怕用不了那么麻烦。你看，新娘子这不是自己送上门来了？黑胖大汉闻言一怔，随即瞪眼瞧向同伴手指之处，果然就在茅房不远处的墙角之上。 有一袭玄勋婚袍，似乎是飘在空中，迎风而动。第三十八章，等候多时，小娘子，你怎么一个人抛开迎亲队伍，自己跑来一庄了？我叫钱钟，是韩府护卫。唉我引小娘子去厢房歇歇。钱钟和卓黑熊使了个眼色，两人心领神会，分别成左右包夹之势，朝女子走去。若是在平时，他们可能还会有所警惕，怀疑这新娘子为何会突然一个人出现在围墙之上。可此时两人都喝得大醉，满脸涨红，兼之色令智昏。 竟是丝毫不觉有半点不妥，只想尽快将新娘子诓骗到手，在厢房内肆意蹂躏一番。不过钱钟到底醉意没有卓黑熊那么大，等走到距离新娘子数步开外时，忽然感到一阵阴风吹过，让他浑身打了个寒战。他抬头一看，顿时瞳孔收缩，刺骨的寒意仿佛从脊骨里渗出，让他手脚冰凉，脚下像生根一样死死扎在原地。借助庄子里微弱的灯笼光芒，他分明看见眼前的并非是什么娇羞美娘子，而是一个双目流血、肤色苍白、神情狰狞恐怖的红袍厉鬼。 嘿嘿，钱兄，你怎么不走了？既然如此，这新娘子的头筹可就由我卓黑熊先夺走了哦！黑胖大汉醉醺醺的眼睛里只有女子笼罩在婚服之下的婀娜身段，却半点看不见女子的面容，自然也就注意不到女子张开五指露出的锋利指甲。鬼鬼鬼！钱钟浑身颤抖，内心的恐惧在看见女鬼露出如刀锋般的指甲时达到了极致。他想要转身逃跑，可身体此刻却半点都不听使唤，就像是被施展了定身咒术一样僵直在原地。 此时的他根本就看不到，在他的眉心位置有一枚青色的花钿图案浮现，却呈现出崩裂之状。鬼？哪里有鬼？钱兄你也太胆小了！就算是女鬼，正所谓牡丹花下死，做鬼也也也。卓、yeah, yeah、黑熊满脸邪笑，伸手搭在了新娘子的肩膀上，满怀期待将对方的身子扭转过来。然后他如愿以偿地看清了新娘子的脸，一旁光的水意瞬间如打开了闸门般倾泻出来，连带着酒意也挥发一空。眼前所见，唯有一张苍白枯槁的鬼脸。 缓缓转向自己，滚滚滚！卓黑熊终于明悟了钱钟话里的含义，但却为时已晚。噗呲<嚓>！锋利发黑的冗长指甲瞬间划破了卓黑熊引以为傲的一身钢筋铁骨。三十余载苦修的横练功夫，在鬼新娘的指甲面前如同一张薄纸，不值一提。卓黑熊庞大的身躯轰然倒地，双目圆睁，无法闭合的眼神里充满了恐惧、惊骇、悔恨与不甘。但鬼新娘并未放过已经成为一具尸体的他。只见女鬼背后的枯发暴长。 如柳枝下垂，将尸体笼罩在其中。半晌之后，枯发又收缩回去，化作一头正常的女子长发，盘在女鬼脑后。而此时地上的卓黑熊尸体已经外形枯槁，几乎只剩下一副皮包骨的外壳。钱钟不知是不是自己看花了眼，他竟然觉得这女鬼的满头青丝竟然枯木逢春，焕发出如少女般的光泽。就连女鬼的脸庞也不像初见时那般衰败，宛若容光焕发，重铸新颜。与此同时，他看见女鬼的血瞳转向了自己。 血瞳之中散发着一股和山林野兽相似的饥饿的绿光，要追踪鬼新娘的行踪不难。天上那块巨大的遮掩了皎月的煞云就是最好的标识物。厉鬼的诞生并不容易，需要符合许多严苛条件，比如冤死之人怨气深重，灵魂被仇恨所侵占，有不入轮回的坚定意志。这还不够，还需要在死亡之时恰好位于阴煞浓郁之地，以无边怨气吸引阴煞附体，避免灵性消散，以一点真灵为中枢凝聚鬼体。 芒古恰好就是这么一个天然的阳鬼圣地，无数坟冢埋葬此间，阴煞击中，哪怕是白日也是阴风阵阵，常年瘴气雾霾笼罩，不见天日。除此之外，还对王者本身的资质有所要求，并非是所有在阴煞地界冤死之人都有化身厉鬼的资格。是的，资格，厉鬼也是超凡力量的一种体现。但凡是掌握超凡之力者，无论是人类修士，亦或是妖精鬼怪，都需要资质的加持。而世间绝大部分的凡俗百姓都不具备这种资格。 陈木在追随师傅德阳子游历天下的路途上，见过许多冤死亡死之人，可能够变成厉鬼的。如今也只有段轩这鬼新娘一人而已。不过，正是由于条件的苛刻，厉鬼一旦诞生，就会拥有诸多强大的手段。阴煞凝聚，修为直接就堪比筑基境修士，可谓一跃而就，足以超过世上九成的修行之人。而阴煞之中蕴藏的无数王者意志，也会成为厉鬼的资粮，为其点出种种鬼术神通。这种足以对比天赋神通的本领，人族修士甚至要到元婴境才能获得。 陈木一边回忆着老头教过他的厉鬼相关知识，一边依着天上的煞云追寻鬼新娘行踪。过不多时，位于山道右侧的一庄就出现在陈木的眼前，而天上的煞云也是久久停留在此一庄的上空，阴气森重，有细微血雨滴落。此时距离段轩变成厉鬼刚好过去一炷半香时间，庄子内死寂一片，没有半点声音传出。而悬挂在院门前的两排大红灯笼，喜字招展，似乎和庄内的寂静氛围显得有几分格格不入。 走进大门，一股浓郁的血腥味从大门后面传来，让人作呕。少年面不改色的推门而入，只见庭院中央有一片开阔地带，三十余具干枯的尸体被陈放在石板地面之上，所有尸体众星捧月般围绕在一副棺椁四周，棺椁上也贴着喜字，以红色绸缎装饰，棺盖已被打开，里面空空如也，唯有一个凤冠霞披的玄勋身影立于棺椁之上，他鹅蛋脸颊，挺秀琼鼻，唇若樱桃，香腮微晕，正是段轩。 化身厉鬼前的段轩，此时的他似乎已经摆脱了鬼的一切特征，面容不再枯槁，青丝宛若瀑布，肤如凝肌，风姿卓越，半点不见阴森鬼气。见少年入门，他更是转过身来，微微躬身，作揖道：“公子终于来了，小女等候多时。”第三十九章，或是陈木眼神一凝，真元气机散发，背后剑侠蠢蠢欲动。段轩化作厉鬼，他没有去打断，是故意为之，因为除非是彻底将段轩的灵魂超度净化。 将其送往轮回转生，不然，哪怕这次他顺利打断厉鬼化的过程，假以时日，段轩的游荡怨魂依然会重新凝聚阴煞，化作厉鬼。届时若找不到害了他的韩府人报复，只怕这怨气会进一步侵蚀他的神智，让针对韩府的仇怨化作针对所有活人的无差别嗜杀。若没有道长高僧及时制止的话，只怕会不经意间养出一个绝世鬼王，疑惑无穷。而超度亡魂这种事情，陈木并不擅长，于是他顺势而为，放任段轩变成厉鬼。 去这芒古义庄之中寻苦主复仇，冤有头债有主。在刚死亡的头七日，怨魂的神智不会彻底泯灭，能记住仇家是谁，怨气有明确的指向。只要在这段时间内大仇得报，属于人的一点真灵就会短暂重新占据上风，抑制住厉鬼的本能。这时候只需要简单的道家安魂之法，就能助其超度去往轮回。陈木本打算等鬼新娘复仇成功，怨气消散后，再亲自压着他去城中寻找得道高僧，将其超度。但人算不如天算。 陈木怎么都没想到，明明已经彻底厉鬼化的段轩，竟然能重新变回段轩的模样，这就很恐怖了。鬼有鬼样，人有人样，都属寻常。最怕就是人模鬼样，又或者鬼模人样。比起之前那副人见了都会本能畏惧害怕的枯槁模样，如今这样的段轩，以美人形象、厉鬼本质，若是出现在人口密集的城池内，后果不堪设想。他可能搞砸了，少年心想。但事已至此，后悔无用。他亲手放纵诞生的厉鬼。 若是有危及无辜百姓的风险，当由他亲手杀灭。剑匣之内，一柄长两尺的青铜古剑，吞吐日月辉光，蓄势待发。剑名定光，可照破万邪，正是最为适合对付邪祟鬼怪的神兵利器。而此时，段轩抬眸，神色哀痛，眼泛泪光。公子可是想要杀我？陈木沉默不应，依旧手握剑柄，一切尽在不言中。小女本就是死人，是公子点化了我，又放任我成为厉鬼。若公子要斩我，小女绝无怨言。 任由公子处置便是。只是小女猜测，公子亦是有悲悯心之人，怜惜小女遭遇，又痛恨那韩府为非作歹，欲借小女之手除掉韩府，以绝后患，然否？陈木抬头，却是被说中了心思。他没想到，不久前还陷入疯狂之中的女子，此刻在杀人之后，竟然完全恢复了神智，不仅能忆起所有事情，更能推出前因后果，敏锐捕捉到他的一抹私心。段轩说的没错，他就是有意放纵女子化身厉鬼，借刀杀人，除去韩府这个毒瘤。 既然他已经遇上了大红花轿内的被害女子，不可避免地染上了红尘因果，那就干脆以红尘因果为刀，去斩杀该杀之人。反正届时韩府上下都是厉鬼所杀，因果业力算不到他陈木身上。只要他再将鬼新娘带去超度，送入轮回，韩府上下不仅在阴曹地府找不到他陈木算账，甚至还要反过头来对他感恩戴德呢。如此，相当于用断轩一人之因果，去化解了韩府上下数十条人命的因果，这笔买卖划算。 可惜天不随人愿，还没等他带着段轩去三关城找到正主，计划就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段轩见陈木异动，继续说道：“那公子又可知，这一庄之内并没有那韩良俊的尸体？若这次不能一劳永逸，彻底杀绝韩家，只怕过不了几日，又会有不知何处的无辜女子要遭他家毒手。小女情知人鬼殊途，不能两立，我不求公子能够饶我一命，只求公子能宽限些时日，让小女将韩府上下作恶之人统统杀绝，届时自会引颈受戮。” 不知公子意下如何？陈木眸光幽深，盯着女子看了半晌，忽然展颜一笑，右手松开剑柄，说道：“也好，不过你要答应我，只杀祸害了你的仇家，不能殃及无辜。”段轩盈盈一拜，叩首道：“小女遵命。”唢呐高亢，锣鼓喧天，热闹喜庆的迎亲队伍走在荒无人烟的深山古道上，边走边挥洒冥币。最前方有一匹高头骏马，马鞍华丽，配着镶金的缰绳，缓缓踱步。而在马鞍之上，盘坐着一个脸色青灰的青年男子。 他双目空洞无神，身体僵直，唇色黑紫，但青年却又身披两官礼服，绸缎面料上有象征祥瑞富贵的云纹和龙凤纹，华贵异常。紧随在高头骏马身后的是一架檐子，由四个健硕的家奴肩抬，檐子上盘腿端坐一位鹤发童颜的道士，此时正对着身前的香案闭目打坐。而在这支队伍的最后方，还有一个鼻青脸肿的光头小和尚，小和尚身上带着镣铐枷锁，赤脚被几名持棍的恶奴推搡着前行，脚掌磨破，留下一路带血的脚印。 突然，闭目打坐的道士睁开眼睛，眸中有金芒爆闪。他一挥拂尘，出言道：“止！”整支队伍突然间就停下了脚步，唢呐锣鼓声也戛然而止。一个大腹便便、身穿皂色圆领外袍的中年男子，气喘吁吁地跑到道士跟前，恭敬问道：“仙长，为何驻足于此？我们离庄子已经不远了，再辛苦走上半炷香时间就能看见。<灶>”聒噪！道士一个凌厉的眼神扫射过去，竟然让这位在三关城内权势滔天的韩家家主噤若寒蝉。 一时不敢说话。哼，贫道早就说过，不要节外生枝，手段温婉一下。你们倒好，平日里横行霸道惯了，半点不将贫道的叮咛放在心上。韩琦一缩头，讪笑着不敢反驳。的确，这位道号神虚子的道人吩咐过，只可以财帛富贵引诱那殷家就范即可，不要动用其他手段。但韩家平日里作威作福惯了，哪里会将一个小镇上的寻常百姓人家放在眼里？哪怕他这位家主不去吩咐，只要对方有半点不顺从的迹象，手下自然有人会为了邀功。 主动替主人摆平麻烦，仙长，现在这是，或是来也。第四十章勾魂，或是韩琦微微一笑，依旧保持着恭顺的姿势，开口道：“仙长法力无边，有仙长在此坐镇，能有什么祸事？”他亲眼见识过这位道长的道恒，有预测吉凶之能，有神鬼莫测剑法，有掌心雷霆威仪，什么祸事能威胁到此等神仙人物？本以为是这道人的意图是要借机索要钱财。 这位韩家的供奉，在短短半年内就已经从韩家攫取了寻常人家数百年才能积攒下来的巨额财富，但犹未满足，近来的要求更是愈发稀奇古怪，什么童男童女、天鬼之水、古老甲胄、雷劈之木等等，让韩家上下一阵折腾。可他身为韩家家主，却不敢有半句怨言，因为这道人的本领属实了得，不仅设法让韩家的一个死对头家破人亡，而且还有一手驱病消灾、补宅点穴的神通。自从养了这位供奉以来，韩家就一路顺风顺水。 家族运势蒸蒸日上，可谓如日中天。可惜的是，纵使道长有千般道横，却也拿阴阳寿数没辙，无法从阎王手中抢回长子的性命。但长子之死对韩家而言也并非全无益处。道人就指出，若能依照生辰八字给长子寻得一位合适女子，举办冥婚，就可以此冲喜，并且让长子韩良俊在九泉之下亦能保护庇佑家族，延续百年富贵前程。听闻此番话语，他与夫人皆是大喜。因此，哪怕知晓这位道人贪婪成性。 索取无度，韩家上下也从未拒绝过他的任何要求。这次，韩琦也正要开口，让道人说出他的条件，不曾想，就在此时，忽然有一阵阴风刮起，吹得整座树林都沙沙作响，宛若鬼哭狼嚎。这这是怎么回事啊？韩琦心里一惊，急忙双手攀上道人的檐子，满脸紧张。神须子嫌弃的看向韩琦肥胖的双手，目光之中隐含不屑与戏谑，却被他很快掩饰了过去。莫慌，当时有鬼怪作祟，且看贫道手段，让他现形出来。 一道符箓从道人的袖中滑落，被他接在掌心。然后道人从身前的香案上捏起一柄桃木剑，剑尖探入一旁的酒樽内，溅起水花阵阵。道人伸手将符箓抛向空中，剑出如龙，剑尖刺破符箓，透体而出。神奇的是，明明是沾水的桃木剑，居然在刺破符箓后，燃起了一股橙黄色的火焰，将符箓烧成了灰烬。是，道人挥剑四周，顿时有无数灵火飞散而出，却不落地，而是如同萤火虫一般，往四方树林内疾驰而去。 密密麻麻的灵火将整片树林点缀的如同星河倒映，美不胜收。神仙手段让韩琦和一众护卫家奴看的是心神澎湃，目入尊崇。唯独队伍最后那名被枷锁束缚的小和尚，低垂头颅，念诵经文，似乎对外界的一切都毫不关心。嗯。树林之中忽然有一声闷哼响,响起，然后阴风化作龙卷，席卷了所有灵火，朝道人所在方位疾驰而来。道人微微一笑，大喝道：“找到你了！” 随即，他将香案上的酒樽举起，仰头一饮而尽，旋即张嘴猛地吐出一口烈酒，酒如雨落，喷洒在阴风龙卷之上，瞬间就破了这龙卷之术，让树林内恢复了平静。而在这平静之中，又见有一枚尚未熄灭的灵火，位于林中，若隐若现，颇有几分诡异渗人。道人看见，却是微微一笑，伸手指着那道灵火说道：“族长且看，贫道这一手孵化灵火之术，专门克制飞天走地、有隐形变幻之能的恶鬼，只要沾上一点灵火。” 就会生生不息，一直标记那鬼类的位置。鬼吗？最怕见光，有了灵火之光附身，他也就做不出什么幺蛾子了。仙长高明，韩某实在是佩服佩服。韩琦见道人胸有成竹，拿出一块丝绸擦了擦汗，心中稍定。可他话音未落，树林中又响起一阵女子的笑声，清清冷冷，隐隐绰绰，让人不寒而栗。于是韩琦额头上的冷汗又再次冒了出来，手上的丝绸也忘了擦拭。一球玄勋昏袍在半空漂浮，出现在众人眼前。 道人的神色在这一刻发生巨变，只见他眸光爆射，死死地盯着鬼新娘的脸颊。那是一张肤如凝雪、涂抹了精致妆容的动人面容。鬼王道人神情几经变幻，情绪百般复杂，似有紧张、慌乱、敬畏、害怕，又掺杂着兴奋、期待、惊喜、贪婪等等，极其矛盾。小女段轩见过诸位，嗯，公。女子最后两个字咬字极重，蕴含的深重怨恨让韩琦等人心中发寒。 目睹眼前女子身后散发出的阵阵青紫煞气，如梦似幻，仿佛要把身后的整座树林都扭曲。此刻，韩琪这位韩家的家主终于感受到了迫在眉睫的危机感。误会，都是误会啊，姑娘，误会。段轩低垂眼眸，凝视着韩琪，笑靥如花。没关系的，小女已经是死人了，生前的事情烟消云散，就随她去吧。韩琪一时也拿不准这诡异的女子说的是真话还是反讽，他只好继续解释道：“是真的，那些。” 那些事情都是府中下人自作主张。姑娘若是有怨气，我把那些人通通都捉拿起来，交由姑娘你发落，如何？小女说过了，生前之事就不去计较了。韩琦见这女子神情恳切，竟是信以为真，心中长舒一口气。也许死后沦为鬼魂，真的会在眼界胸襟上变得与活人不同吧。毕竟人活着需要考虑衣食住行，要求功名富贵，而死了则一了百了，百无所求。或许真会放下前世恩怨不提。就在此时。 道人却是一个拂尘打在韩琦脸上，将一枚出现在韩琦眉心处的花钿打碎。韩琦惊愕抬头，迎上了道人愤怒的眼神。荒唐！厉鬼诞生，乃生前怨气浓郁不散所致，必然要索你全家性命，方可罢休。你竟轻信一个厉鬼的花言巧语，差点被勾走了魂去。韩琦这才一阵后怕。而女子的笑声恰又响起：“那便请诸位恩公随小女共赴黄泉，我们在阴司冥府再一起去算前世的仇账。”第四十一章供奉。啊。 韩琦身子肥胖，但动作却灵敏，瞬间就躲到道人身后，缩起脑袋。不仅是他，在听见鬼新娘阴恻恻的说辞后，几乎所有的家奴恶仆也都纷纷扔下手中的物件，往后找掩体躲避。甚至还有几个原本是拿着木棍驱赶小和尚的，此时也竟然躲到了和尚身后，满眼惊慌。神须子被这帮子胆小如鼠的护卫给气笑了。平日里欺男霸女、鱼肉乡亲的时候，一个个凶神恶煞、魂不吝的模样，如今见到女鬼，却是跑得比谁都快，指望着他这个道人挡下一切。 道人目光鄙夷，却神色凝重。这场祸事他躲不开，也避不了，因为韩家冥婚之事是他一手操弄谋划,划，而女鬼的出现也早在他的意料之中。只不过会养出来一头鬼王，却是远远超出他计划的范畴了。因此，他看见段轩的脸时，才会浮现百般复杂的神情，既惊又喜。若是能够拿下这头鬼王，道人的眼神出现火热、贪婪之意，几乎溢于言表。他放下手中浮尘，在蒲团坐垫下方抽出一把短小铁剑。 至于岸上，又从怀中抽出一张符箓，捏在指尖。只见他另一只手抵在唇上，用力一咬，鲜血顿时渗出，被他抹在符箓之上。然后用染血的右手做出一个古怪的姿势：二指弯弓，大指掐丑，三四五指抵定大指，藏甲不见。同时嘴里念念有词道：“天雷令，地雷令，五雷一道，五雷相威。逢天天开，逢地地裂，顺我者生，逆我者亡。急急如律令。”随着他掐诀念咒，被鲜血沾染的符箓出现了变化。 只见有水汽冒出，逐渐升腾于道人的头顶之上，凝聚成一团蕴藏霹雳的雷云。道人咧嘴一笑，雷法却是隐而不发，只是抬头看向鬼新娘，开口道：“贫道这雷法乃是玄门正雷之法，传承自北玄上清一脉，威力无边无际。一旦祭出，以你成鬼躯不过短短数日修为，断然是承受不住，要化作飞灰。”段轩，你本是良家女子，受奸人陷害，方才死后变作厉鬼。我念你沦为厉鬼后还能保持一点真灵不灭，有人之常情。 因此，欲给你网开一面的机缘，你可愿听？鬼新娘闻言，浅浅一笑，好奇道：“不知道长准备如何给小女网开一面呢？”好说，你若做那孤魂野鬼，将来难免会为祸一方，涂炭生灵无数，是万万不可。只是，道人从他随身的木箱子里掏出一物，捧在掌心，定眼一看，那掌中物分明是一张小巧的旗帆，颜色橙黄，有符文以朱漆点在其上。上天有好生之德，对鬼怪亦是一视同仁。若你肯入贫道这阴幡之中，受贫道节制。 不仅能饶你一命，还替你在番内寻得一处上好的落脚、酝养之地，岂不妙哉？道人嘴上云淡风轻，可说到后来，语气却变得急促起来，眼神火热，托举阴幡的掌心也是微微颤抖，显出他内心的渴望和迫切。是吗？那小女先看看。段轩婚袍张扬，无风而动，带着他整个人向前漂浮，逐渐接近到道人身前。神须子先是一喜，随即一惊，急忙伸出血手指，用力点在自己眉心，真元借血液冲撞印堂。 顿时让道人喷吐出一口鲜血，撞散了眉心不知何时偷偷浮现的花钿。神须子大怒：“好个狡诈的女鬼！贫道一片好心，你竟然暗算于我！看来不给你点教训，你是鬼性难驯了。”他依然打着驯服这头女鬼的主意，只是不再寄望于言辞欺骗，而是准备以武力征服。雷来！神须子挥动符箓向前，顿时有流光在符箓上闪过。与此同时，头顶那块被他换来的雷云开始轰隆作响，雷蛇道道于云团内游动。 就在段轩即将接近道人身前时，轰隆一声，水桶粗的雷霆从云团内劈下，打在鬼新娘的身上，让她发出一声吃痛闷哼。神须子见状，蹙起眉头，他敏锐的察觉到自己换来的这道云雷似乎有些不太正常，不仅响应他指令的速度慢了三分，就连雷霆的威力也是大打折扣，仿佛是在此地有某个让云雷都忌惮的存在影响到了这云雷法诀。怎么可能？神须子摇摇头，将心中的杂念驱散，肯定是他想多了。 雷法乃天下至刚之列的霸道功法，怎么会有让雷霆都敬畏的事物存在呢？想必是眼前这千年难得一见的鬼王存在某些玄秘，足以和云雷稍作抗衡，但也无济于事。没有任何鬼物可以抗下玄门正雷之法，就算是鬼王在出生之时鬼躯虚弱，阴煞未凝，也不存在对抗他雷法的本领。能够在此时此地遇见一头出生的鬼王，属实是他神虚子的大机缘、大幸运。道人鼻孔冒出热气，眼神火热，持续伸手在身前虚点。 他手指没点落一下，就有一条雷蛇从云团内劈下，打在鬼新娘身上，让对方惨叫连连，身子也从半空落地，蜷缩在地面颤抖。雷法专克鬼物，道人嘴角微微翘起，忽然大声呵斥道：“妖孽还不乖乖臣服？当真想在这雷霆天威下化作飞灰不成？”他给了棒槌，又抛出甜头，伸手指向身后的一众韩家之人：“这是韩家家主韩琦，你指定冥婚的那位短命鬼丈夫，正是他的长子段轩。你若臣服……” 贫道许你杀了此人，以报仇怨。躲在道人身后的韩琦闻言顿时惊呆，不敢置信抬起头来。仙长，这怎可如此？你是我韩家的供奉，受了我无数的钱财啊！话音未落，鬼新娘已经扑上前来，将他按倒在地。原本恢复了澄澈的眼眸之中，再次有血红浮现，眼眶边缘渗出血泪，脸色也再次变得苍白枯槁，却是挨了几道云雷劈打，段轩有了再次向厉鬼相蜕变的迹象，望之甚人。 仙长，救我！求求你了，神须子，你答应过我的，你不能言而无信。韩琦慌乱之中挣扎着，将目光投向檐子上的道人。这张颜子乃是他花费重金从一处曾经的官宦人家求得，是神都的御用工匠打造。放眼整个北玄州，都属于上品工艺。如今道人坐在这张名贵的颜子上，却对他投来的求助目光置若罔闻。第四十二章斩首，韩琦死了，死在鬼新娘的疯狂报复下。比起义庄内的死者，韩琦的死状。 无疑更加凄惨，也承受了更多的折磨。临死前发出的惨叫声，足以让所有听闻者感到胆寒。但在整个虐杀过程之中，神须子闭目养神，一众护卫家奴瑟,瑟瑟发抖，不敢发出半点声音，生怕惹来女鬼的注意，沦为家主的替代品。唯有被镣铐枷锁束缚住的小和尚，在不断念诵着经文，阵阵梵音在韩琦惨叫声的衬托下，变得有些空洞苍白。韩琦的声音彻底断绝，神须子此时睁开眼，露出笑容。如此大仇的报。 当兑现你的承诺，神虚子话说到一半就忽然止住，目露诧异。在他的视线之中，能清晰看见女鬼的相貌在吞噬了寒气后又有变化。不仅方才在云雷轰击下身体出现的厉鬼香重新隐没，恢复到少女的相貌，而且脸庞、脖子、手背、手腕等一切裸露在外的皮肤上都有神秘的血纹浮现，让原本貌美的女子此刻望着有几分诡谲和邪异之感。鬼纹，不可能！你才死去不足七天。 如何能有这百年鬼王才会诞生的鬼纹？神须子大惊失色，如此变化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料之中。纵使雷法在面对妖魔鬼怪时拥有至高的杀伤力，但也要分是何人施展。他不过区区一名炼气境修士，凭借雷法和一阴外物手段对付一个出生的鬼王尚且能勉强克制，可一旦对方觉醒了鬼纹，他本身修为低下的缺点就会被无穷放大。即使是传说中的兜天神雷，在一名炼气境修士的手上也发挥不出原本千万分之一的威能。 此时吃饱喝足的鬼新娘重新将目光投向道人，她伸出一根白玉般的手指搭在手腕皮肤上，那处原本有一道雷伤痕迹，烧得肌肤发黑，呈现焦炭状。而随着女鬼的手指一抹，所有焦炭的痕迹都瞬间消失不见，皮肤也光滑如初。段轩将手指放入嘴中，仔细吸吮，忽然笑道：“老道士，什么承诺？小女可不记得有和你许下过什么诺言。不过这雷法的滋味倒是让小女十分怀念呢、啊。不如……” 你再赏小女几道雷霆，可好？只要你能做到的话。神须子闻言，脸色大变，正要掐诀施展雷法，但眼前已经失去了女鬼的踪影，不见了，去了哪里？他的雷法有个缺陷，只能随着他的指令而轰击目标，若是他自己都找不到目标所在，雷法自然也无从下手。小女在这里呢，老道，你快点把雷轰下来，让你也尝尝雷霆的滋味，如何？声音却是在他的耳后响起，神须子脸色一僵，身体停滞在原地，一动不敢动。 原来在眨眼之间，鬼新娘已经绕到了他的背后，锋利的长指甲正抵在他的咽喉之上，锋锐的指甲前端刺破了他的皮肤，流淌下鲜血。而更要命的是，他的雷法可不分敌我，只要轰下来，女鬼会不会死他不知道，自己肯定是必死无疑。竟然这么快就掌握了雷法的缺陷，这鬼王的智慧比他想象之中还要厉害太多倍！逃逃，快逃啊！身后一众韩府的护卫家奴，先是亲眼目睹家主惨死。 又见那神通广大的道人都不敌女鬼，沦为阶下之囚，哪里还敢多做停留？纷纷趁着女鬼还未腾得开手，就准备抛下道人逃走。但很快就是接二连三的惨叫声响起。只见女鬼的背后黑发伸长，如同一棵张牙舞爪的老树，每一根长发都化作一条黑蛇，撕咬带走一条性命。等尘埃落定，女鬼将长发收回之时，场地之上已经遍地尸体，连同那梁官礼服的韩良俊也是被黑蛇洞穿分尸。数息时间之后。 在场还活着之人，除了女鬼手上拿住的道人，就只剩下一个还在低头诵经的小和尚。小和尚，你身上没有韩家人特有的味道，我不杀你，快快离去吧。段轩转头朝小和尚说了一声。小和尚没有回应，依旧诵经，仿佛没有听见。反而是神虚子的眼中浮现出强烈的求生希望。这鬼王并非是单纯的嗜杀之辈，既然能够放过小和尚，说明他内心有评判是非曲直的标尺。如此一来，他未必不能通过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从鬼王手上逃生。 正当神须子盘算着要如何开口求活时，只听见那女鬼轻声笑道：“公子，碍眼的人都已经被小女除掉了。这老道士身上有和你一样的味道，要杀要留，悉听公子之命。”还有人在？神须子睁大眼睛，却见在那幽深密林之中，有一个悬衣挂件少年缓缓步行而出。道人见来者是一少年，大喜过望，急忙道：“这位公子，请救我一命！贫道乃玄门之首上清门徒，救命之恩，自当涌泉相报。天下三十六玄门。” 上清为首，但凡是天下修行之人，都万万绕不开上清宗这座玄门大山。上清宗的震慑力，对于一个乡野村妇化身的女鬼没有半点作用，但对于一个修行之人却是重如泰山。他相信，无论是基于上清门徒的报答之恩，还是畏惧上清宗的赫赫威名，这个少年都应该会从女鬼手上救他一命才是。不然，不仅平白丢失许多好处，还会面临上清宗的报复，得不偿失。至于怎么证明他的上清门徒身份？ 堂堂玄门正雷之法，难道还不足够吗？少年越走越近，神虚子眼睛里的神采也是愈发炽热。正当神虚子满怀期待，欲开口再次抛出诱饵之时，只见少年扬起手臂，挥舞长剑，瞬间一颗大好头颅腾空而起。至死之时，那眼神之中都包含热切和期待。最终哐当落地，一时之间，不仅是段轩正在原地睁大眼睛，就连一直诵经不停的小和尚，此刻也是沉默半晌。 然后诵经之声方才再次响起。公子，段轩抬眸看向陈木，不解道：“悬疑少年则收剑入鞘，平静道：‘此妖道蛊惑韩家，罪孽累累，一身修为法术斑驳杂乱，且外道妖法居多，看着就不似好人，如何能留他性命？’”第四十三章，小和尚，那接下来是不是就该轮到小女了？段轩神色平静的开口道，眼神之中尽是坦然。陈木先是看了眼他脸上的斑纹，眸光内敛，问道。 你只是杀了义庄和前来迎亲的队伍，在三关城内还有剩余的韩家之人，不杀了。段轩盈盈一笑，作揖道：“韩家家主已死，幕后操办一切的妖道也为公子所杀，剩下的也都是些无关紧要之人了。杀与不杀，又有何妨？而且小女生前曾去往三关城，那是方圆百里地内最大的城池，不仅有官府的镇御司衙门，更有寺庙道观无数。若去城中杀人，只怕会给公子招惹麻烦。镇御司是当今警庭专门应对修行者罪犯的缉捕衙门。” 大多由五夫组成，是让人闻风丧胆的恐怖去处。鬼类于城中屠戮，必然会引起镇玉司司使的关注。届时追溯因果，难免会牵扯到放纵厉鬼形成的陈木头上。你还怪好人脸？陈木对着段轩感慨一句，后者只是一笑回应道：“小女又岂是不讲理之恶鬼？能大仇得报，全依赖公子高抬贵手。继承了公子恩典，又岂能反手殃及连累恩人？”一边赞誉好人，一边自嘲恶鬼。这一人一鬼之间的对话甚是有趣，只是。 探讨的内容却显得有那么几分冰冷残酷。公子准备如何处置小女呢？超度，送往轮回转世，或者我出剑斩你，再请得到高僧来不谈施法。总之不能留你。此时的段轩身上已经没有了多少怨气阴煞的痕迹，是大仇得报后消散了绝大部分，还是厉鬼修为见长后被他隐藏得很好，陈木不得而知。但鬼就是鬼，无论此刻段轩表现的有多么正常，陈木都不会忘记，这是一头在他亲眼见证下变化而成的厉鬼。 并且手上沾染了数十条人命，他不可能会放任这种凶物游荡在人世间，为无辜的百姓埋下一个大祸患。听闻陈木无情的话语，段轩脸色不变，只是道：“那小女愿意接受超度，省得误了公子的宝剑。”说话间，段轩抬头看了眼少年背后的剑匣，不知为何，他对这剑匣隐隐有种本能的畏惧，仿佛里面装有某柄纯阳之剑，能够对他形成致命的威胁。他知道自己难免一死，会被送入轮回，但…… 能够以超度这种平静祥和的方式走入黄泉，谁又愿意承受被剑斩的痛楚呢？鬼也是会怕疼的好不好？陈木点点头，说道：“正好这里有一位僧人，倒是省了我再另请高明的功夫。”说罢，陈木持剑走到小和尚身前，挥剑砍断了对方身上的枷锁镣铐。“阿弥陀佛，小僧苦闻，见过施主，感谢相助之恩。苦闻师傅有礼，在下陈木有一事相请，陈施主请说。不知小师傅佛法修为如何，可能超度这位姑娘。” 听到陈木用“姑娘”二字来代指他，段轩颇为开心，脸上露出了笑容。惭愧惭愧，小僧天资愚钝，禅法堪堪修到细心筑的阶段，能否超度成功，不敢夸下海口，自当勉励为之。陈木心中诧异，当今修行界，道是五三家主流对于修行境界的描述各不相同，但都各分九重。道家以炼气、筑基、金丹、元婴、神游、化身、阴神、渡劫、动真划分九境，世家则是冠以持戒律。 细心住，欲界定，六十无离苦乐，未来禅念清净，度人劫，空菩萨划分九境，对应到是各自不同的修行之法，但每个境界的实力都大抵相当。也就是说，这位法号苦文的小和尚，竟是一位相当于筑基境修为的小和尚。要知道，那妖道神虚子也不过试炼气境修为，一众韩府家奴护卫更是凡夫俗子，如何能够制住这位已经修到细心住境界的和尚，并且还打得他鼻青脸肿，满身伤痕？ 小和尚似乎是看出了陈木的疑惑，神态平和，说道：“小僧曾立下宏愿，不杀生，只度化，不可对人族出手。来此芒谷，只为超度这漫山的亡魂。”陈木眼神一凝，肃然起敬。释家修行，不求道法自然，只求戒、定、会三字，求诸于内。宏愿不是随便立定的，立下了就要遵守践行。若非如此，修为不能精进半寸。这位小和尚看上去还不足二十岁年纪，就已经立下如此宏愿，要超度这芒谷所有亡魂。 芒古多大？放眼望去，山谷连绵起伏，一眼望不到头。附近城池、乡村更是有无数百姓，一代又一代将坟种置于谷内，今年累月下来，亡魂数量之多，何止千千万？要超度这地界内的所有亡魂，凭借一个人的力量，少说都要要百年起步，而且费力不讨好，非真正有大坚定、大毅力、大善心之人不可为。小师傅慈悲，在下敬佩。陈木感慨道，随即他又问道：“不过，既然小师傅与世无争。” 只做善举，又为何会招惹上那韩家呢？阿弥陀佛，小僧来此地渡魂已有三年之久矣。只是近半年来，屡屡有怨魂诞生，查其根源，都与韩家有所关联。因此小僧才无奈入城，劝诫韩家及时收手，免遭报应。只是那韩家人凶恶，不听善言，反而将小僧给捆绑了起来，一顿殴打。如今果然报应不爽，落得家破人亡的下场。哎，陈木澄澈玲珑心，能辨真伪，发现这小和尚所言句句属实，就连这声叹息。 也是真心实意为了韩家而感到遗憾，他更是敬佩。追随师傅行走江湖，他见过无数鸡鸣狗盗的和尚，披着袈裟，实则豺狼之心，尽做蝇营狗苟之事。难得遇见一位真和尚，难免亲切。我见小师傅满身伤痕，可是无碍，无碍的皮肉之伤罢了。小僧铁布衫、金刚罩练的最深，其实这些皮肉外伤也是为了感化韩家，特意留下。言语间，小和尚身上的淤青伤痕竟然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 眨眼功夫就变成了一位唇红齿白、肤色白皙的清秀小僧人。他微微一笑，说道：“施主见谅，宏愿既发，却也要留下有用之身，方能行慈悲之举。因此特意下苦功夫钻研了数门保命的佛法禅功，让施主见笑了。”陈木失笑，这却也是一位有慧根、不迂腐的小和尚。第四十四章因私不纳，有个道理很浅显。这位苦文小和尚发宏愿不杀生，不愿对人族出手，哪怕受尽欺凌侮辱，也只打算劝诫感化对方。 但方才段轩途径在场的众人，仅留下和尚和妖道两个活人。他可不是什么活人，而是厉鬼。小和尚对他出手不算破戒，而他也确实有从段轩手上救下数十条人命的本领。而他却只是站在原地一动不动，默默诵经，第一时间帮那些死去者超度往生。慈悲还是冷漠，这是一个值得玩味的问题。但若小和尚选择出手救下那些韩家的人，陈木依然会敬重他的宏愿和佛心，却不会心生亲近之感。毕竟。 对韩家人慈悲，就是对其他众多受害者的冷漠；而送韩家的人去见阎罗，未尝不是一种更大的慈悲。何况以韩家人犯下的恶行，本该在十八层地狱受尽折磨后，才被送往六道轮回才对。如今得小和尚超度，替他们免去了阴司苦难，直接就能送入轮回，又如何不能算是一种仁慈和悲悯呢？阿弥陀佛，陈木和苦文几乎同时开口说道，相视一笑。那么，施主稍后，请容小僧一试，可否为这位姑娘超度轮回？谢过小师傅。 段轩最后复杂的看了陈木一眼，便乖巧的盘腿坐下，闭上眼睛，做出毫不反抗的顺从姿态。陈木则是站在一旁，手握剑柄，为苦文小和尚护法。我佛慈悲，姑娘多有得罪。小和尚从脖子上摘下一串佛珠，握在手上，不断摩挲拨打。他另一只手则是搭在了段轩的头顶，开始闭目诵经。往昔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从身语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忏悔。随着苦文小和尚的诵咒，一股淡淡的金色佛光从他手中的佛珠上亮起。 梵音阵阵，禅意幽深。段轩头顶的煞云被驱散，在芒谷内浓郁击中的阴煞被净化。一时间，原本阴森鬼魅的树林，此刻似乎也变得宁静幽深起来。苦文和尚这一念就是足足两个时辰，直到天色破晓，天边泛起鱼肚白。盘腿儿坐的鬼新娘身上依然没有半点变化，而陈木却看见小和尚的额头上已经冒出了豆大的汗珠子，后背的袈裟也被浸湿，体力明显到了不知的地步。终于，苦文和尚睁开了眼睛，眼眸深邃。 神情肃穆，竟在那张清秀的脸上透出几分宝相庄严。施主，惭愧，小僧无法超度这位姑娘。为何？可是以鬼有缺，或者修为不够？若是前者，我们可去城中采购物资，搭建祭坛，或者干脆前往寺庙道场借用场地，以作弥补。若是后者，恐怕要去名刹大寺，请高僧出马才好。小和尚先是点头，又是摇头，前后矛盾，把陈木也看傻眼了。苦文见他疑惑，失礼一笑，叹道：“施主所言是也不是？” 佛曰：不可说，说不得。陈木有时候讨厌和尚，就在这里，总是喜欢打些莫名其妙的讥讽。这是何解？他追问道。小和尚苦笑一声，开口道：“既是小僧佛法和准备不足，但一般的名刹大寺，估计也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嗯？为何？这位姑娘身上有点古怪，就好像……小和尚欲言又止。见陈木还要追问，他急忙解释道：“不知是否小僧错觉，总感觉这位姑娘似乎有阴丝不纳、黄泉不接的特质。” 阴司不纳，黄泉不接，也就是说，段轩这个鬼新娘不能进入地府冥界，不能去往六道轮回之所。这可如何是好？那妖道说过“鬼王”二字，难不成要放任他在人间游荡不成？陈木皱眉，虽然眼下段轩看上去一切正常，和普通女子没有任何差异，但毕竟是鬼，以后保不准会突然发狂作恶，直接屠了一镇一城也说不定。哪能放任他留在芒谷这种阴煞深重的危险之地？或许菩提寺能有方法解决此事。 苦闻小和尚说这话时，眼神略微闪烁。陈木却是被“菩提寺”三个字吸引了注意，露出苦笑。菩提寺和上清宗一样，都属于三十六玄门之一，是世家圣地、佛门乐土。虽然以出家人的慈悲心肠，应该不会拒绝带着鬼王上门寻求帮助的香客，但问题是门在何处？菩提寺和上清宗一样，都是位于洞天福地之中，并没有固定入口，山门位置随时变换。没有机缘之人，可能至死都找不到门槛在哪。别的不说，至少他这位上清宗的太师叔。 如今想要返回七十二峰，除了解开剑侠渊的禁制，请他指路外，别无他法。当初他本就是被翠云峰齐惊云真人裹着前往七十二峰，又是被剑童子以秘法传送下山，他还真没见过山门风景。相对熟悉的上清宗尚且如此，完全陌生的菩提寺就更不用说了。小师傅说笑了，你知道菩提寺的方位所在？小和尚沉默不语。就在一道一僧苦恼之际，旁听许久的当事人段轩开口说话了：“小女有一计，不知两位可愿意听？” 他们讨论的热火朝天，却忽略了当事人的感受。陈木脸上一烫，不过他脸皮厚，完美继承了师傅德阳子的特征，半点不露馅，只是说道：“你讲。”段轩微微一笑，温婉道：“既然小师傅一时无法超度小女，公子也宅心仁厚，心忧天下无辜百姓，不若就让小女追随公子左右，将自己无时无刻不至于公子的眼皮底下。如此一来，便可高枕无忧。不知公子意下如何？带上他一起走。”陈木陷入沉思，其实段轩所言，倒也不失为一个稳妥之法。 毕竟是他放任诞生的厉鬼，总归要负责到底才是。另外，只要段轩不失控、肆意妄为，从目前他展现出来的实力，不失为一个好帮手，能做许多他不方便做之事。但陈木刚摆脱宗门内的种种繁琐杂事，难得潇洒自由。此时若身后时刻追随一个貌美招摇的鬼新娘，他还是心中膈应。就在此时，只见段轩化作一道青烟，往神虚子无头尸身上一钻，随即有一把橙黄色的阴幡缓缓飞起，落在陈木的掌心。段轩的声音从阴幡内传来：“有此物做小女的容身之所。” 公子也好，方便行事了。第四十五章，客栈，三关城，北地重镇，在大井未曾天下一统建立人皇朝之时，是兵家必争之地。古往今来，不知发生过多少惨烈战争，也是常年战乱，百姓士族死伤无数，才会诞生芒古这个埋骨之地，尾大不掉。如今成为北玄州镇御司的心腹大患，也是受芒古阴煞影响，包括三关城在内的方圆百里，都终日被浓雾覆盖，常年难见日光，始终一派灰蒙蒙的景象。就在今日。 三关城迎来了一对奇怪的组合：一名悬衣佩剑、身后背负一个高大剑侠的刚毅少年，以及一个身披袈裟、手持念珠的清秀小和尚。无论是英武阳气的少年剑侠，还是唇红齿白的清秀和尚，都属于颇为夺人眼球，连城门守卫都不愿轻易招惹的人物。因此，两人也没有缴纳一般入城百姓需要自愿捐奉的养门税，就被放入城中。施主，我们先去往何处？苦闻和尚对陈木问道。后者无奈叹息一声，没好气道：“你不是入城找过韩家的麻烦吗？” 怎么问我这个第一次进城的呢？施主此言谬矣，小僧是进城劝解韩家迷途知返，并非是找韩家麻烦。是是，然后把自己也给搭进去了。问题是，你不回去芒古继续超度亡魂，非跟着我干嘛？陈木没想到鬼新娘的难题解决了，身后还是多了一个小尾巴。这小和尚死活不肯离开，非要跟在他身后行动。阿弥陀佛，芒古之患犹在长久，而鬼王之祸近在眼前。不等鬼王之事尘埃落定，小僧始终内心难安。 要不，这阴幡给你带走。陈木从腰间磨出橙黄小幡，塞给和尚。后者连连摆手，摇头道：“不可，万万不可！此等阴邪之物，小僧岂能携带炼化？”那我就可以。施主所学繁杂，气机紊乱，真元不纯，练这阴幡想来是无碍的。只是要注意把持心神，绝不可被阴邪之物影响了心智，从而犯下祸事。我真是谢谢你。陈木一时间也分不清小和尚是损他还是夸他，面对那张诚恳的俊俏脸蛋。 澄澈玲珑心似乎也失去了作用。阿弥陀佛。不过施主放心，你为天下苍生不惜携此重任，日夜看守鬼王，小僧不才也愿出力为施主护法，诵经清心。可别，你一念经我就头痛。陈木想起这一路上小和尚不住念经的噩梦，忽然有点理解韩家为何要将他用镣铐枷锁捆起来，并且拳脚相加了。说实话，他都有点忍不住。陈木不自觉加快了脚步，很快就走入一间挂着九望尚书原来客栈的独栋小楼之中。 两位客官，里面请。是在大堂就食，还是要雅座上房呢？大堂落座即可。好咧，两位有请。店小二热情地将两人迎入一楼大堂。此时正值午时，客栈内食客不少，坐满了一半的案桌，但却没有太多喧嚣声音，大多沉默进食，一如这座三关城石头般的沉闷风格。陈木随手点了几道素菜，又给他自己上了一碟熟牛肉、一坛梨花春，然后拉住了要走的店小二。小二莫急，我有点事想要向你打听，客官。 可不凑巧了，今天时刻格外的多，客栈人手一个个都忙不转脚呢。此时店小二感觉掌心被塞进来某个硬物，他暗自捏了捏，估摸着是碎银子，顿时喜上眉梢。不过小人腿脚利索，做事总比其他小二快些。客官你想问啥？这城里的风吹草动就没有我软狗蛋不知道的。店小二将汗巾往肩上一搭，也不顾地面肮脏，就盘腿坐下，双手按在桌上。关于韩家，你知道多少？陈木问道。韩家。 那是城里近半年来风头最盛的家族了。原本只是个经营米店的，不知为何，连有县尉撑腰的死对头周家都给灭了。听说女眷都被带入了韩府，哭喊声可凄厉了，连着好几夜没停呢。软狗蛋说着说着，脸上露出同情和向往之情，也愈发亢奋起来。每每谈及这些龌龊下作之事，都是客栈内最引人注目的话题，能帮他从好奇的食客手上掏出来不少银子。他连着又说了数桩韩家的威风事迹，但背后却都是无数良家的悲惨下场，鲜血淋漓。 如今却只是沦为客栈酒肆内人人茶余饭后的谈资八卦，可悲，可叹，可怜，可恨。苦闻和尚闭目合十，念了声阿弥陀佛。那你可知道，韩家请了一位道号神虚子的供奉？嘿嘿，这当然，神虚子的大名，这三关城上下谁人不知啊？听闻正是有此人坐镇，指点了韩家的风水，才有如今韩家的强势崛起呢。如今就连县衙内的老爷们都有意邀请神虚子登门赴宴，存心结交。对了。 城中最大的悲慈寺,寺，不日将举办一场盛大的驱邪法会，也给神须子递上了请帖，让道长列席上师之位呢。驱邪法会，对，三关城的老传统了、啊。城中一共二十四间寺庙道观轮流做东，三年一届，今年刚好就轮到了悲慈寺。陈木朝苦文和尚看了一眼，见对方没有任何表示，心中生出要去这法会一关的打算。他又向软狗蛋追问了几句，包括那悲慈寺的地址、驱邪法会举办的时间、邀请来哪些大人物和上师高人等等，直到把那店小二都问烦了。 才又塞了一颗碎银，继续心平气和的和对方探讨城内的其他消息。店小二的偷懒行为，不仅让其他食客们大为不满，就连客栈掌柜的也看不下去了，亲自过来拿人。陈木这才在软狗蛋依依不舍的目光中，挥了挥手，示意他自己没有其他问题了。回过神来，桌上的酒菜早已经放凉，但少年胃口不减，爽朗一笑，招呼和尚道：“来，趁热吃。你素我荤，你饮茶我喝酒，吃饱喝足，就去那杯祠寺一观究竟。”苦闻小和尚看了陈木一样。 默默低头，深快夹了一根醋芹放入碗中。第四十六章碑祠寺。碑祠寺是三关城内香火最盛的寺庙，位于城中东南隅山上，要攀登一道长长的石阶梯才能看到寺庙大门。佛门圣地，磕头敬物千秋禅，神殿临天拱手齐安万代心。陈木仰头看着碑祠寺门前的一副楹联，念了出来。然后他转身望向苦文小和尚，问道：“小师傅，你觉得这楹联禅机如何？”小和尚平静的摇了摇头，只是一笑。 不做评价，陈木耸耸肩，继续踏步上前，说道：“我倒是觉得一般，太直白了，不像佛陀慈悲。”没想到这句话竟然被一个同行的老妇听见，他拄着拐杖就蹭蹭走到陈木面前：“你这少年郎口无遮拦，可知这楹联是何人所写？”陈木看了眼老妇，拱手笑道：“不知，还请老人家指点。”听到“老人家”三个字，老妇脸上浮现愠怒，瞪了陈木一眼。他张嘴想要说点什么，视线在陈木和苦文和尚的脸上转了几圈，向来牙尖嘴利的他。 一时间居然难以从两个少年的容貌上找到缺陷进行评判攻击，于是心中愈加愤懑。哼，小儿无知，这副银联可是空禅上师的手笔。空禅上师何许人也？乃卑慈寺现任方丈，妙缘之祖，破妄求子菩萨，佛法无边，灵验得很。传闻前世乃药师琉璃佛祖座下童子。这么一位有大智慧、大功德的菩萨上师，以他毕生佛法感悟写下的银联，字字珠玑，禅机无穷。每年不知有多少信徒不远千里。 就为了在寺门前参悟这二十二字玄机，你倒好，一个粗鄙武夫，连书都没读几本，就敢在此大发厥词，唐突冒犯空禅上师，还不快快诚心道歉，迷途知返！老妇呵斥之声极大，引来周围许多香客的注意，就连寺门前身披袈裟的几位背慈寺僧人都有意看了过来。老妇见状，越发兴奋，双手叉腰，正要继续高谈阔论，恰在此时，一只声势浩荡的人马从寺中走出，只见众多健硕家奴、美艳婢女簇拥着一位头戴金步摇的华贵妇人。 正要下山，是方夫人。老妇眼前一亮，也顾不上陈木和小和尚了，放低身段，扭着腰身就要上前笑迎。临了，还转头给陈木翻了个白眼，撇嘴道：“这位方夫人更是尊贵，乃城中韩家的大夫人，何等身份地位，连登门求见都得提前一月递上名帖。”他说完，转身就露出谄媚讨好的笑容，一边迈着小碎步向前，一边大声道：“方夫人，方夫人，好巧啊，你也在此上香呢，我是广秀阁的红姐啊。” 前些时日，我们还探讨过襦裙的款式呢。老夫声音更大了，似乎巴不得整个寺门前的人都知晓他和方夫人的关系。但那位雍容华贵的方夫人神色匆匆，却连抬眼望他的兴趣也无。就在老夫兴冲冲赶到韩府队伍前头时，突然被为首的家奴用力推开，整个人狠狠地就摔在了石阶之上，手肘和额头上都磕破了皮，留下鲜血。老夫被这粗暴的推搡给惊呆了，扯着尖嗓子叫嚷道：“你这狗辈，胆敢推我，知不知道？” 我和你家夫人是相熟的，要好姐妹。家奴只是瞥了他一眼，冷笑一声，没有回话，只是在路过老妇面前时，用靴子大力的跺地，扬起一地灰尘，呛得老妇掩面咳嗽。等烟尘散去，他抬起头时，韩家的队伍早已经遥遥远去，只给他留下一张张无情的背影。除此之外，沿途香客更是对着他指指点点，不时发出一阵刺耳的嘲笑之声，落在老妇耳中，却像是拿小刀剜肉般，让她痛不欲生。老妇坐在石阶上，愣了半晌。 突然间悲从中来，放声嚎啕大哭。但他哭没多久，就见两个扫地僧人举着扫帚来到他面前，冷声道：“去去去，要哭往边上躲远点。这是悲慈寺的正门，香客来往密集，今日更是要迎接贵客，你在此哭泣成何体统？真可谓祸不单行。”老夫一边躲着扫帚的攻击，一边狼狈往边上躲避。他在回头凝望时，却早已不见了方才两位少年的身影。刚跨过寺门，就有一个灰衣僧人迎上前来，拦在陈木和苦文和尚的面前。 他眼神不善的在苦文小和尚身上打转，开口道：“这位小师傅，不知从何处来？”苦文小和尚双手合十，应道：“阿弥陀佛，小僧苦文，乃云游僧人。听闻贵寺即将举办驱邪法会，故来此观摩，讨个斋饭。”灰衣僧人见小和尚态度端正，言辞恳切，眼神稍微变得和善少许，只是依然不太热情，开口道：“既然如此，当守我卑慈寺的规矩，不可随意乱跑动。另外，斋饭是要收钱的，一百钱一份。斋饭也要钱？” 小和尚惊呆了，他从未听闻过在寺庙讨个斋饭还要收钱的先例。往常都是各地流民因天灾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时，就会前往沿途寺庙讨个斋饭。对很多流民来说，虽不能管饱，但这一口斋饭已经是他们能够活命的最后一仗了。若天下寺庙连一口斋饭都要收钱，估计每逢灾年，饿死的贫苦百姓至少还要增加数十万，而且还是一百钱，什么概念？如今景朝大治，朝廷九品官员的月俸折算成铜钱，也不过是五百钱上下。 也就是说，这碑祠寺内的一顿斋饭，要去掉一位当朝九品官员的五分之一月俸，寻常百姓如何能承担得起？看到小和尚惊讶的眼神，灰衣僧人却露出了鄙夷的冷笑：“你当我们碑祠寺是什么小门小派吗？这每日往来香客数以千计，若不收钱，岂不是要被那些贪婪无度的市井小民吃成空山？”一时之间，苦闻小和尚抬头看向高处连绵不绝、香火升腾的一座座大殿，竟不知要如何作答。身处寺庙，人流如织。 但这一刻，在小和尚心中却倍感孤独，最终，万千心绪也只好化作一声佛号：“阿弥陀佛。第47章”第四十七章拿捏。眼看小和尚心情不佳，陈木却还在边上添油加醋：“小师傅，你不是在这芒古度了三年亡魂吗？怎么这偌大的悲慈寺就没一个僧人和你相熟？”苦文听出了陈木的讽刺之意。正常来说，悲慈寺作为三关城第一大寺庙，香火鼎盛，信徒众多，自然也要承担起对应的义务。 比如派遣高僧前往蒙古诵经超度亡魂净化阴煞戾气还此地百姓一个安宁清净，但苦闻一个外来和尚在蒙古度了三年的亡魂竟然没有撞上认识哪怕一位悲慈寺的僧众，结合方才收斋饭百前一餐就能看出这悲慈寺到底是个什么行事作风了。施主莫要再打趣小僧了，佛门清净地竟然沦丧至此，满地铜锈。哎，陈默还是不依不饶，继续道。不过你称我一声施主还真没叫错，你看。 刚才在客栈饭钱茶钱都是我出的吧？可没收你哪怕一文钱，不然等着挨饿吧你！你苦文苦笑连连，也不去争辩。陈木见这小和尚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也懒得多说，只是招呼一声走了，便继续跟着上香的人群设级而上，又穿过三进院落，终于来到了大雄宝殿的所在之地。只见在大殿前方有一个巨大的广场，立有一块石碑，上面书着“敬婚酒入山门”。此时有众多的火工道人正在搬搬抬抬，把诸多木料、香炉。 华盖令旗，案桌摆放整齐，俨然是在架设一个论法讲道的宝坛。看这架势，三日后的驱邪法会，当时在这里举行了。陈木饶有兴致，拉着小和尚往前挤去。站住！什么人？还没走几步，两人就被监工的灰衣僧人给拦了下来。这位师傅，我和小和尚都是仰慕悲慈寺的大名，为了一睹驱邪法会而来，没别的，就看看。去去！法会还未开始，贫僧奉了方丈御令，来监督宝坛的建造。若让你等坏了要事，岂不是要让方丈苛责于我？ 不行不行，快走快走！苦闻小和尚望向陈木，后者脚下生根，半点没有离开的意思。陈木看得仔细，这位监工的灰衣僧人一直在无所事事的用眼睛扫荡过往的香客，而且目标明确，一旦发现那些颇有姿色的女子，就再也挪不开眼睛。此刻态度烦躁，也不过是挠，两个少年打扰了他赏美人的兴致，跟什么宝坛安危半点不相关。灰衣僧人方才就盯上了一个肤白貌美的小娘子，该是还未出嫁，穿短如长裙，梳垂挂髻，眼神羞涩，不敢与人对视。 灰衣僧人最好这一口，看得垂涎欲滴，巴不得眼珠子一直跟着小娘子转。可他左伸头右仰脖，眼前始终有一个高大的黑影挡在跟前。由于黑影的阻挡，以及此时寺内的人流众多，没一会，小娘子就如同汇入江河的水滴，再也寻觅不见。灰衣僧人恨恨回头一看，发现竟然是方才被他呵斥的两个少年，竟然还未走开，顿时怒不可遏：“好你个不听劝的魂不吝，不给你点颜色看看，真当佛爷是好欺负的不成？”他拂袖上前，扬手就欲往陈木的肩膀抓来。 五指成鹰爪状，身上气机迸发，有股莫名摄人的气势。若是普通百姓，此刻面对这位怒目圆瞪的灰衣僧人，只怕会有种面对吊金白额大虫的惊惧感。这就是未曾修行的普通人面对一位修士常见的反应。但苦闻小和尚只是双手合十，闭目不语，丝毫不为陈木担心。他能看出，这个灰衣僧人不过是持戒律初期，还是根基极其不稳那种，相当于修道者练气境一二重的修为。吓唬一下没有超凡之力的普通百姓还可以，但面对上陈木这么一位筑基境修士。 还是精通杀伐的剑修，苦文都已经有点不忍心看着灰衣僧人接下来的遭遇。果不其然，几乎就在苦文小和尚闭眼的瞬间，灰衣僧人倒吸一口凉气的吃痛声就响起：“哎哎哎，轻、哎哎、点，疼死爷爷了！你放手，快放手！”苦文睁开眼睛时，已经看到肥胖的灰衣僧人被玄衣少年拿住了手腕，整个手臂都被翻转到背后，形成一个别捏的姿势。但在外人看来，却只会见到灰衣僧人和玄衣少年是一前一后，前胸贴后背的站着。 除了灰衣僧人因疼痛而略微扭曲的表情外，看不出来有任何冲突的迹象。还不放手！等会你爷爷我喊人来，你们一个都别想跑！灰衣僧人被拿捏住了手臂，疼得嗷嗷叫，却也不忘继续发出要挟。而此时，陈木却是附身到他的耳边，轻声笑道：“好呀，这位师傅，你且看看，是你喊来的人更快，还是我把你的手臂折断，再斩了你的祸根，逃出寺庙更快？”灰衣僧人听到这里，顿时老实了，竟然瞬间一声不吭。 他眼睛里露出惊恐之色。像他这种在碑慈寺混了十多年的老资历，最怕的人有三种：外地人、少年郎、修行者。外地人于三观城无产业、无亲人、无牵无挂，百无顾忌，碑慈寺的势力对他们而言威慑有限。少年郎为气任侠，一腔热血，冲动鲁莽，出生牛犊不怕虎，杀人往往只在一念之间。修行者自不用多说，一气逍遥，以武犯禁，稍不留神还容易牵扯出背后的师门势力，祸患无穷。 而身后制住他的这个玄衣少年，毫无疑问，三样奇战简直是最让人头痛的存在。万一他真的不管不顾，当场把自己宰了，再制造混乱，借着汹涌的人潮逃脱出城远走高飞，灰衣僧人想想都替自己感到委屈。不至于，不至于，小施主，你我无冤无仇，何苦相残至此呢？我也不想和师傅你闹得太僵，不如你老实回答我几个问题，然后你我各行各道，可好？好,好，好，小施主你尽管问，贫僧必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很好，先说说你们的方丈空禅上师吧。第四十八章：功课与修行。法宁，何事禀告？烛火微弱的暗室之中，一个身披袈裟的身影盘坐在佛像脚下。佛像很高，足足有三丈开外，眼眸低垂，流转着淡淡金芒，在黑暗之中不仅没有给人禅静空灵之意，反而瘆得慌。而且有无数苍蝇在围绕着佛像飞舞，发出嗡嗡嗡的凡人声响。空气之中也弥漫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浑浊气味。法宁不敢抬头多看，低着头。 匍匐下身子，朝方丈空禅上师用力磕了三个响头。方丈，弟子无能，在督工宝坛的时候被一个持剑少年拿捏住，被迫问了许多情报。法宁想起他被松开手臂后，一个转身的功夫就不见了那悬疑少年和小和尚的身影，心里胆寒。以这两人的身手和身法，若是要取他首级，简直是易如反掌。但比起自身遭受的屈辱，两个来历不明却身手不凡的少年修士缘何来到碑慈寺，并且还在驱邪法会举行前探问了诸多情报，这才是法宁更为担忧之事。 可会对碑慈寺不利？他对寺庙的忠心无可置疑，因此第一时间就找上了方丈汇报。持剑少年，对方多大年纪？可是一个人来？方丈问道。看上去约莫十五六岁，身边还有一个差不多年纪的小和尚。法宁恭敬回答。能看出对方的跟脚来历吗？弟子愚钝，一招就被制服，没能逼迫那少年出剑。他都问了哪些情报？他先是问了方丈的履历，然后问了碑慈寺的历史，再探听了三关城内的大小势力。 还着重问了三日后驱邪法会的相关。方丈沉默了片刻，缓缓开口道：“你都如实回答了。”法宁急忙磕头说道：“自然是不能的，弟子所答都是些城内人尽皆知的消息。关于那些那些事情，弟子是一个字都不曾透露。”嗯，知道了，你先下去吧。继续督工，以宝坛的建造为重。可是，方丈，那少年之事，不用理会，想必又是个自诩正派的小年轻，听了点捕风捉影的传闻，于是前来伸张正义。既然如此。 何不派遣武僧将其拿下，省得节外生枝？法宁，弟子在。你话太多了。方丈一句话就让灰衣僧人吓得满头大汗，连忙扑通叩头。弟子知错，弟子知错。出去。是，弟子遵命。等法宁退出暗室后，坐在蒲团上的空禅方丈才沉沉叹息一声：“树欲静而风不止啊！”暗室内响起了老者悠悠的感慨声。时光如梭，三天时间眨眼即逝。是日,日。 几乎整个三观城内的虔诚信徒都往那悲慈寺的山门涌去，要一睹驱邪法会的盛景。每年驱邪法会，除了诸多法师倒是出手斗法斩诸鬼邪外，也会有无数被开光的法器符禄，可供百姓自行拿取。若是能够在法会上有幸带回一个被开了光的法器，几乎就是平白得了一个镇宅之宝，难怪百姓们会趋之若鹜。山脚下，陈木和苦文和尚的身影再次出现，两人都披着蓑衣笠帽，遮掩特征，混迹在汹涌人潮之中，就如两朵小浪花般毫不起眼。 陈施主，这些时日你都在各方打听悲慈寺的情报，可有发现？没有，这城中居民三教九流提及悲慈寺，几乎都是同一套说辞，听得我耳朵都起茧了。那为何始终盯着他不放呢？因为我发现有些人提及悲慈寺，虽然说辞一致，但态度却截然不同。哦，有人言及悲慈寺，神色狂热，推崇备至；而有人提及悲慈寺，却眼神闪烁，语气慌张。你觉得其中必有蹊跷？是，小僧还有一事不明。 那你问呗，施主乃不及洒脱之人，为何执意要烫死苦水呢？陈木闻言，仰头望向了石阶，人头汹涌，有老有少，有男有女，许多百姓甚至是拖家带口，十几号人一同前来上香，百姓脸上都洋溢着期待和向往，似乎今日只要能参与到这场法会盛世之中，就能保佑家人在未来的数年时光里万事顺遂、幸福安康。这是我的功课，也是我的修行。陈木看着那一张又一张陌生的笑脸，平静回应道：“功课。” 小和尚微微一怔：“是啊，功课。我师父他老人家最见不得那些装神弄鬼、恃强凌弱、欺辱无辜百姓之人了。但凡路见不平，他总是忍不住手，要管上一管，治上一治。虽然他如今已经不在了，但是我也早已习惯。每每做着功课，就总感觉师父他老人家就还在身边，不曾走远。莫名的，听着悬疑少年以平静的语气说出这番话，小和尚却感觉好像有一股挥之不去的浓郁悲伤笼罩在了这方寸之地。” 仿佛悬疑少年和周遭的热情百姓，身处于两个不同的世界，拥有着相反的情绪。但很快，还沉浸在莫名伤感之中的小和尚，眼前忽然出现了陈木的笑脸，把小和尚吓了一跳。陈施主，你可以不用离我这么近的，怪吓人。苦文抱怨道：“施主施主的，多生疏啊！你我完全可以兄弟相称，毕竟这么投缘不是？”陈木笑着拍了拍苦文的肩膀，仿佛刚才的哀伤只是错觉。苦文低头不语，在三天前。 这位施主还万分嫌弃他跟随在身后，却在悲慈寺一行后，不知为何突然转了性，让他隐隐有种不安之感，仿佛被一头狡诈的黄鼠狼盯上，如芒刺背。另外，小和尚，你不觉得奇怪吗？什么奇怪？依着悲慈寺的吝啬作风，就连一碗斋饭都不舍得施舍给香客，为何那开了光的法器法符却免费任信徒拿取？如此说来，是有点古怪。而且，我方才言及那些狂热的信徒，大多身上都佩戴有佛教饰物。苦闻眼神一凝。 眉头紧皱，你的意思是，胡乱猜测无益，真相如何，等会亲眼看上一看便知。届时还要请小和尚你长眼，去辨一辨那些所谓法器的真假，这是小僧该做的。我们走吧，驱邪法会，我是期待很久了。陈木笑了笑，背着剑侠就往寺门走去。第四十九章美妇人驱邪法会三年一届，乃三关城最大的盛事之一。不仅是本城的居民会蜂拥而至，就连其他城池的百姓、商贾、镖师等等。 也会千里迢迢来此一睹盛会风采，求取一件开光法器法符。尤其是最近厄运缠身，又或者身怀不祥物件之人，更是会不远万里来此求个心安。驱邪法会的宝坛立在碑祠寺大雄宝殿门前的开阔广场上，筑得极高。除了被邀请登上宝坛的来宾之外，其余人等皆只能仰头观望。原本宝坛就近的观礼位置只对持有名帖的信徒开放，但也由于宝坛的高度，四面只要是地势高的地方，无论是山头、大树、宝塔之上，都挤满了看热闹的百姓。 卑慈寺的僧人们也不去驱赶，只是默认了这些百姓的存在，却也因为抢占上家位置，爆发了不少矛盾冲突。上树吗？正好还有两个位置，一百钱一位，童叟无欺，保证你能安稳看完整场法会。一个脸上刻着青纹的高瘦青年，双手环抱身前，斜眼懒洋,洋洋地问道。他身后是一棵参天大树，树冠如盖，树干巨大，能容人双脚并立站于其上。这青年竟是占了这棵巨树，吆喝贩卖起了上树的名额，等同于一顿斋饭的钱。 看他腰间钱袋鼓胀，只怕是从中赚取了不菲收入。陈木眉毛一挑，问道：“此树乃天养地生，无主之物。再者说，就算要收钱，也该是寺中僧人来收。你这有头发的，又是何人？”面对质问，高瘦青年只是不屑冷笑一声，撩开衣襟，露出一把别在腰间的剔骨刀。这就是你爷爷的底气。听好了，我是青蛇帮的刀堂陈三，这树我还真就占着了。你要不服，大可上前试试爷爷的刀锋力否？他既然发出了邀请，陈木自然是乐于助人的。 数息之后，高瘦青年躺倒在地，蜷缩如一只熟透的虾，捂住腹部，不住发出阵阵哀嚎。而两个身披蓑衣笠帽的身影，则悠哉悠哉地沿着树干一路往上攀登。陈木也不去打扰那些已经花了钱买了位置的百姓，只是在对方惴惴不安的眼神注视下，与小和尚一同踩着那些纤细如手指大小的枝丫前行。不多时，两人已经来到了树冠顶部，脚下各自踩着一片树叶，与凌空虚立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此时，地上的高瘦青年也从剧痛之中缓过神来。 他抬头一看，见到那个揍了自己一顿的身影飘然若仙，心中清楚，只怕是自己招惹不起的角色，心中悲愤难言。你丫的明明是有通天本领的修士，为何竟然要顺手掠走自己的钱袋？随便去这城内哪家府上做个供奉客卿，所得资粮岂不是比抢他一个青蛇帮的小混混要丰厚千百倍？高寿青年敢怒不敢言，只好一瘸一拐的愤愤离开。哈，这位置还真不错，难怪那泼皮敢开价一百钱，还卖的挺火。阿弥陀佛。 苦文没有接陈木的话，而是低头看向宝坛。从他们身处的高度，就连宝坛都位于他们下方，稍微低头就能看见宝坛上的全景。只见在宝坛之上，以一位留有白色长须的老和尚为首，一共列有三十个席位，呈半月形状列于最显眼的位置。从每个人背后的旗幡能看出其所属的门派，包括碑祠寺在内，三观城的二十四家寺庙道观都有列席。陈木的目光在其中一个席位上微微停留，只见那个席位的后方旗幡上写着“神虚子”三字。 而坐在席上之人却是一位面生的中年道士，观其神色，虽然平静的闭上眼睛，一言不发，但从此人不断抖动的眉毛以及双手拇指在互相摩擦打转的小动作来看，似乎显得有些焦虑和不安。陈木没有看多久，就转头再扫向其他位置。能够登上宝坛观礼的人，也大多非富则贵，皆是穿着锦衣华服，也都有坐席安排在上师的前方分列两侧。包括三天前他曾见过的那位韩府方姓大夫人，也在其中。只不过和其他出席贵客不同，这位方夫人的脸上。 阴沉如水，神色憔悴，眼睛附近涂抹着浓妆，不知是不是要掩饰其痛哭过的痕迹。想来是神须子和韩琦的噩耗传回到韩家，让这位大夫人忙于奔命。而在所有坐席中间，则留出来一条通道，可供人通行。此时恰好有一位美妇人搀扶着一个看上去就神智有缺的少年郎，缓缓步过通道，站在了一众上师前方的扇形空地上。那美妇人毕恭毕敬对着前方作揖行礼，开口道：“妾身柳氏，见过诸位上师，还请上师救救妾身犬子吧。” 前面几轮驱邪一直未曾开口的空禅上师，此刻睁开眼眸，隐隐有金光闪烁。他温和说道：“夫人莫急，令郎出了何事？你且说来与诸位上师听。”“是，空禅上师，妾身乃南黄州宛城人士。三年前，城中闹了诡异，有数以千计的百姓被恶鬼附身，状若癫狂，见人就杀。犬子温良敦厚，好好的在家读书，考取功名，不曾想三年前的一个夜晚，竟然也遭了诡异，一连杀了四五个下人，方才被合力制止。” 后来朝廷遣了镇御司杀鬼，又开坛做法，请来法师为宛城驱邪，这才让犬子的诡异之症不再发作。原本朝廷法师说的是，犬子属于邪气入侵，一时间分不清虚妄和现实，方才会呈现如痴呆之状。如今鬼邪已服，只需在家中酝养些时日，就能恢复如初。可三年过去了，犬子的症状却没有半点好转迹象。妾身想要去寻当年法师要个说法，也不见了踪影，百般无奈。听闻三观城驱邪法会盛名，于是不远千里前来求助。 还请诸位上师怜悯妾身不易，家中只有这一个独子，施展神通伟力，救救犬子吧！美妇人当众气出声来，真是梨花带雨，闻者落泪，见者伤心。唯独树上的陈木见状，轻轻皱起了眉头，陷入沉思之中。第五十章就是三年前，南黄州宛城，陈木犹有记忆。当年有旱灾肆虐，官府赈灾不力，他与师傅德阳子途经宛城，看不过眼，于是被师傅安排下功课。他窃取官印，假传御令。 开仓赈灾，又斩杀了一名妖道，然后匆匆离去。只是明明是旱灾，为何这美妇人口中却是延吉当年城中闹了诡异？是同一年晚城先后爆发了两场天灾，旱灾与诡异先后降临这座不幸的城池？还是说两者之间有前因后果的关联？陈木记得清楚，当初他之所以确认那追上来的道人是个妖道，是因为对方使出了一手御史小鬼的神通。后来更是在与他斗法的过程中，召唤出来恶毒至极的子母双煞鬼体，差点让陈木饮恨。 逼得师傅德阳子第一次出手相救。子母双煞鬼体，乃母体与胎儿死亡时同时蕴含强烈怨气，再借助外界的阴煞之力凝聚鬼体，方能形成。试问一个未出生的婴儿，如何才能饱含怨气？唯有经历最为残酷的折磨，才能达成。因此，这种鬼类从诞生之日起就属于厉鬼行列，一步迈入筑基修为，是当时的沉木全然无法对付的劲敌，也本不该出现在当时的功课考核之中，致使德阳子不得不破例出手。 以一根茅草斩杀子母双煞，助陈木成功反杀了妖道。美妇人口中那场晚城的诡异，会不会和三年前被他亲手斩杀的妖道有关？陈木心想，若有机会，他当要向那美妇人询问一二，以解心中困惑。就在陈木陷入回忆思索之时，宝坛上又起了变化。背慈四方丈空禅上师亲自出手，念诵经文，梵音阵阵，天空也有异象浮现。只见一道道菩萨身影，做飞天之状，于云层深处起舞，宛若西方极乐世界降临。 如此恢宏盛景，不仅是一众围观的百姓看得目瞪口呆，纷纷跪下祈福。陈木更是注意到，就连在席上的上师，也有不少人露出了诧异的目光，震撼难言。小和尚，这是什么佛法神通？陈木转头朝苦文和尚开口问道。后者摇摇头，波澜不惊，平静道：“并非佛法，而是阵法妙用罢了。”哦，佛曰：“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头顶这片天空，不一定就是真正的天空。苦文这么一说，陈木顿时就明白了。 他也是见过大场面的人，当初师姐渡雷劫之时，天上异象何等惊心动魄！陈木当时只感觉到，就连天都像是要坍塌下来，人处于雷云之下，就如同蝼蚁般渺小卑微。但眼下空禅和尚演化出来的异象，虽然也是在天上出现，但却给陈木一种轻飘飘的感觉，半点压力也无，也感觉不到多少气机变化。经苦闻小和尚一指点，他就知道这就是和师父德阳子最喜欢的障眼法一样的套路。只不过这次空禅和尚布下的障眼法，是以整个悲慈寺为阵眼。 更为高深复杂，一般人身处其中难以窥破罢了。嘿，小和尚，你见识果然广博，是读过许多世家经典吧？陈木似有言外之意，苦闻小和尚只是一句阿弥陀佛，不去和他纠缠。此时，宝坛上的空禅方丈却是朝陈木和苦闻所在的方位看了过来。要知道，原本他们两人混迹在人群之中，丝毫不觉其眼，但此时天空异象一出，在场百姓无不跪地叩首，诚恳祈福。他们两人还直挺挺地站在树上，就显得颇为引人注目了。 面对空禅和尚的注视，陈木也是丝毫不躲避，甚至还掀开了蓑衣笠帽，露出真容，朝对方一笑。空禅和尚收回了目光，表情平静。而在空禅身后站立的一众僧人之中，和陈木打过交道的灰衣僧人法宁却是脸色大变，他急忙踱步到一个看上去颇有威仪的年轻和尚面前，附耳低声说了些什么，然后还手指向陈木所在的方位，指指点点。那个年轻和尚也是眼神扫了过来，目光如炬，眼神犹如一柄锋利的尖刀刺向陈木。玄疑少年压根不理。 只是悠然站在树上，继续观礼。见状，法宁恨的是牙齿痒痒，跟随在那个年轻和尚身后，悄然退出了观礼的行列。数十名武僧已然朝着陈木所在的位置包抄而来。陈施主，有人过来了，要不要避一避？小和尚问道。不用，好戏正在上演呢，看完再说。陈木摆了摆手，毫不在意。他颇有兴致地望向宝坛之上。法宁和一众武僧的动作十分隐蔽，除了少数有心人外，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 绝大部分百姓的心神都是放在了宝坛的意象之上，展露出了无上佛法修为的空禅上师能否如美妇人所恳求那般，帮他的爱子彻底驱逐鬼邪之气，让其心智恢复如初，成为了大家最为关心的话题。这也是驱邪法会最大的看点。卑慈寺设立宝坛，对天下人敞开四门，但凡你有沾染鬼邪之气的亲眷、好友、器物等等，皆可带入法会之中，由在场的上师亲自为你驱邪祈福。过往百年间，甚至有发生过不少鬼类现身，当场和诸位上师斗法的名场面。 驱邪法会的盛名并非虚台，而是在过往一届届的辉煌战绩里面通过实战得来，因此才能享有崇高的威望。如今，就连南黄州宛城的人士都不远千里前来求助，若是能够攻城，只怕驱邪法会的名头不多时也会在南黄州流传。身为三关城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在场大部分百姓都感到与有荣焉。就在此时，一声巨大的咆哮声响起，在美妇人大惊失色的惊呼声之中，只见她身旁少年郎的头顶忽然有黑色的烟雾冒出，很快。 黑色烟雾就在少年的头上凝聚，成为一具拥有狰狞面孔的恶鬼形象，正对着四周龇牙咧嘴。竟然真有恶鬼潜伏在这个少年的体内作祟！三年前，朝廷镇狱司和南黄州法师都未能解决的隐患，如今却在空禅上师的佛法梵音之下无所遁形。在场众多百姓脸上狂热之色更盛，但苦闻小和尚却是抬头看向了云层上的飞天菩萨意象，表情凝重，蹙起眉头。第五十一章：众生愿力。空禅上师手作拈花状。 往前一指，顿时有一道金芒从他的指尖飞出，化作一枚金叶扎入恶鬼的眉心位置。佛光大作，一缕又一缕的圣洁佛光仿佛从恶鬼的体内生出，破开恶鬼的鬼躯，透体而出。没过多时，伴随着一声凄厉的惨叫，由黑色烟雾凝聚而成的恶鬼躯体就彻底消散于无形。而被美妇人搀扶住的少年郎，则是眼神恢复了清澈，有点茫然地看着四周。等他看见美妇人含泪的身影时，顿时叫出声来：“娘！”一言惊醒梦中人。 所有围观的百姓都心神激荡，他们亲眼看到那少年郎是何等痴呆状态，也亲眼看见那恶鬼凶残狰狞的相貌。但最终，在空禅上师的无边佛法面前，恶鬼甚至连一息的功夫都坚持不住，就被彻底驱除净化，不见了踪影。被诡异祸害的少年郎也得以恢复，母子相拥而泣。这是什么？这就是消灾解厄、普度众生、功德无量。阿弥陀佛！差时间，无数的百姓纷纷,纷双手合十，颂扬佛号。 每个人身上都仿佛有功德金光升腾，汇聚于空禅上师的掌心，化作一尊佛像的虚影，若隐若现，以众生愿力塑造佛陀金身。三十位列席上师之中，有一个面容悲苦的老和尚，见状怒目圆睁，想要起身，却发现自己一身修为竟然全被压制，半点都施展不出。他想要出声怒嚎，提醒众人，却惊觉他就连出声说话这么一个简单的举动都不能做到。四面八方皆是禁制，满寺佛陀皆为仇寇，怎会如此？ 怎能如此？怎敢如此？他修了一辈子佛法，拜了上百年的菩萨呀、啊，为何这悲慈寺内的所有佛陀菩萨，在这一刻都选择了与他为敌？老和尚目眦欲裂，眼角渗出血泪，却苦不能言。而盘坐在上首的空禅上师，则是回头望了老和尚一眼，眼神冰冷，目露讥讽之色。这场驱邪法会，他布局了十余年，等待了十余年，真以为这座宝坛是为了城中百姓观礼而搭建？可笑！这是为了专心针对城中其余二十三家寺庙道观。 所精心准备的陷阱，今日过后，这三关城上下将以碑祠寺一家独尊，剩余二十三家寺庙道观，包括镇玉寺在内，统统都将臣服在他的威压之下。因为佛陀出，欲界定，从今以后唯我独尊。阿弥陀佛，空禅上师垂首低眉，念诵佛号。呵，真是奇了怪哉，我一个修道练剑的人，居然都心生了皈依佛门的冲动。小和尚，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在一片表面祥和，实则暗潮汹涌之际。 陈木忽然对着身旁的苦文小和尚开口问道：“阿弥陀佛，陈施主，这寺庙有古怪，这宝坛也有古怪，这位空禅方丈更是古怪。”苦文双手合十道：“哪里古怪？有一股神秘之力在影响在场所有人的神智，侵蚀他们皈依佛门，凝聚众生愿力，塑造佛陀金身，使众生向佛，不正是你们释家佛教的心愿吗？”“是，但佛祖普度众生，却并非蛊惑众生，都是使苍生向佛。但若并非发自真心诚意。” 而是被妄骗操纵，则入邪道矣。若让他成功，又会如何？他能借此佛陀金身，一举晋升欲界定修为，相当于你们道家的金丹境修士。加上此悲此四乃对方主场，只怕无人能制衡也。既然如此，小和尚，你说如何是好？陈施主不是早有打算，又何必多此一问呢？哈哈，小和尚，武僧来了，你去会会他们，我且验一验这驱邪法会的成色如何。陈木脚下轻点，整个人便腾空而起，体内真元鼓荡。 带着他径直往宝坛中央飞去，而奇怪的是，他闹出这么大动静，四周观里的百姓居然无一人抬头观望，每个人都是虔诚的低头念诵佛号，身上金光不断涌出，而神色愈发憔悴疲惫。甚至陈木还亲眼看见，有一个怀抱婴儿的妇人，原本一头黑发，就在他飞往宝坛的这短短数息时间内，就变成了满头灰白长发。以阵法迷惑百姓，让他们不自觉献出愿力的同时，竟然还在掠夺他们的阳寿命数。若不打断这个进程，只怕今日过后。 整个三关城内满城白稿，空禅和尚，你真该死、啊！沉默于半空怒喝，声如擂鼓，但却压根叫不醒。此刻已经陷入到某种诡谲状态，一心只想向佛的诸多管理百姓，首座之上，空禅上师冷眼旁观，不为所动。他的布局已成，除了被排挤在外，还不知发生了何事的镇玉司外，城中其余二十三家寺庙道观的方丈观主皆被囚禁于此，无人再可与他抗衡。兼之碑慈寺,寺早已经设下层层禁制阵法。 坐拥主场之力，又凝聚众生愿力为己用，对佛法增益何止十倍？纵使从法宁口中得知有一少年剑修和一外来沙弥介入，平添几分变数，但也不足为虑。正好借这次驱邪法会的契机，一举荡平隐患，成就欲界定修为，从此三观城再无敌手。庶子竟然还敢来找麻烦，欺我悲慈寺无人也！法宁怒骂声从身后响起，他领着数十名武僧冲上巨树，沿途那些买了位置的百姓纷纷被推倒跌落树底，一身伤痕。但即便如此， 每个人脸上依然洋溢着满足的笑容，双手合十，念诵佛号：“阿弥陀佛。”苦闻小和尚从脖子上摘下念珠，握在手上，闭目诵经。他身上同样有金色佛光涌现。神奇的是，那些原本已经彻底沉浸在相佛状态下的百姓，此刻听见苦闻小和尚的声音，竟然从那种诡谲状态下挣脱了出来，一个个神色迷茫，看着身上莫名出现的伤口，不知发生了何事。沙弥使人不像佛，而身为武僧首领的年轻和尚见状。 脸上顿时露出震惊之色，法无杀了此人，立即空禅方丈的声音传入耳中，略微急切，似有忌惮。法无眼神一冷，握住戒刀，大踏步上前，也不废话，径直就朝着小和尚的脑袋劈砍而下。第五十二章雷音。枪，厚重锋利的戒刀落在苦闻小和尚光灿灿的脑袋上，没有想象之中的脑门开花，鲜血四溅，相反发出了一声清脆的响音，就如同一刀劈到了石磨盘上，不仅戒刀被反弹开来。 甚至还出现了卷刃现象，法无瞳孔震动，脸色狰狞，继续持刀猛砍。但那唇红齿白的小和尚却只是站在原地，轻声诵经，任他劈砍，不去还手，也不去躲避，巍然不动。只是随着他诵经声逐渐飘扬，从相佛状态之中清醒过来的百姓也越来越多。哼，悲慈四方丈空禅上师的注意力有九成都落在小和尚身上，区区一个小沙弥，竟然有在自见性空颠倒印中。 唤醒那些因贪嗔痴三毒而被牵引往极乐佛国的信徒，此等本领让他不安。今日此局最为关键之处，就在于这数万百姓的众生愿力。他对内是塑造佛陀金身、成就欲界定修为的核心要素，对外更是掩盖天机命数、遮瞒朝廷镇狱司的必然手段。若众生清醒，则极乐不存。他如何能容忍一个有唤醒众生神智之人，在卧榻之侧？空禅和尚伸手一指。 只见在他身后的大雄宝殿内，有十八具罗汉向破岩飞出，落在苦文小和尚的身周，结成一道金光大阵——十八罗汉阵。传闻佛涅槃以前，曾嘱咐十八大罗汉，让他们不要涅槃，常驻世间为众生培植福德。如今众生向佛，而沙弥挡之，自当有十八罗汉出世，镇压一切敢于阻拦众生去往极乐净土享福之徒。十八罗汉阵彻底将苦文的诵经之声隔绝，又有数十名武僧在法无的带领下围杀此沙弥。虽不知为何。 这个明明有细心助修为的沙弥，只是以金钟罩铁布衫被动防御挨打，半点不肯还手反击。但最大的隐患终究是得到了解决，空禅上师心中微微松了口气。阿弥陀佛，他双手合十，平复心境，准备融合掌心的佛陀金身，彻底成就欲界定修为。伏魔寺的老不死中了佛毒，又受自见性空颠倒印压制，不足为惧。外来的小沙弥又被十八罗汉阵镇压，声不能外传，经不入他耳。如今。 能够唤醒在场百姓的隐患，皆已消除，可无忧矣。就在此时，忽然一道雷音响起，把空禅上师刚刚平复的心境又掀起一阵波澜。哪里来的雷音？他猛地抬头望向天空，只见今日三关城内外依旧浓雾笼罩，微风寒凉，一如往日。哪里有半点要打雷下雨的天象？莫不是眼看大事将成，禅心出现了破碎，以至于妄念诞生？正当空禅陷入自我怀疑之际，轰隆一声巨响再次在他的耳边炸响。啊！ 在他身后，无数悲慈寺的弟子僧众纷纷双手抱头，发出痛苦的惨叫之声。不是妄念，有人在施展雷法破他的自见性空颠倒印。他这悲慈寺弟子、僧众、火攻道人等等加起来一共两千三百七十七人，皆悉数投入阵中，成为维系自见性空颠倒印的一员。如今雷音轰鸣，在破他自见性空颠倒印的效用，方才会导致诸多僧人痛苦抱头。是谁？空禅上师眼神先是在身旁的三十席上师之中扫过。 只见除了伏魔寺那老不死的治安和尚外，其余人等都在闭目打坐，以对抗佛毒的入侵。至于那治安和尚，置佛毒于不顾，还想着凭一股蛮力挣扎，眼看已经没救了，无需多理会。他又将眼神投向四面观礼百姓，只见这些百姓，包括宝坛上的当地豪绅官吏，都一心向佛，诵念不止，只是眉头紧皱，似乎有被那雷音干扰到的迹象。空禅和尚眼神阴鸷，最终还是将目光投向了已经落在宝坛地面上的悬疑少年身上。是你？陈木听到了空禅和尚的发问。 他没有回应，只是有点不满的撇了撇嘴。雷露运用起来还是不太顺手，远没有当初和他交锋的那缕都天神雷厉害。他单纯依仗雷露神通释放的雷音，竟然连这碑慈四区区梵音异象都无法震破，属实是太丢人了。也不知道倾尽全寺人力，花费十余年布局，方才等到今天的空禅和尚，若是能听见少年的心声，会作何感想？区区一道雷音就想破他大计，简直是荒唐可笑。不过虽不清楚陈木心中所想，但从少年的神情来看。 这道莫名出现的雷音，只怕就印在这玄衣少年身上。空禅微微眯起眼睛，眼缝之间闪烁着冰冷危险的眸光。他手掐拈花状，正欲调动自剑性空颠倒印的伟力，以金刚怒目之威势彻底将少年震杀当场。但还没等他施展佛法，那边的少年却先有了动作。他拔剑出鞘，一股莫名的悸动感忽然涌上了空禅心头。此时他方才想起，在法宁三天前的禀告里，明确有说道，那个闯入寺中的少年是个剑修。法宁当初近身格斗。 甚至没能逼迫对方出剑，就被制服。如今剑修出剑，空禅心头愈发不安，加快了施法的速度。但从自剑性空颠倒印之中响应他的，却是轰隆，一道剑光冲天起，无数道雷霆犹如长蛇般盘踞在剑光之上，剑光与雷光交织于半空之中，划出一道长虹，直往天际云层刺去。但只飞了数十丈，就已经捅破了天。只见剑光撞入飞天菩萨起舞之地，顿时释放出无边雷霆辉光。 照耀的天空一片耀眼夺目，剑锋所指，雷霆所向，菩萨退避。无数飞天菩萨的虚影，连同他们所依存的云朵，都在这雷霆辉光下如过眼云烟，消散不见，露出了更高处真正的天空。只见灰云朵朵，浓雾深绕，哪里有半点菩萨飞天的影子？不过是在天之下又造了一层天，以此投送菩萨幻象，迷惑阵中苍生罢了。随着天被捅破，漫天菩萨消亡，此时伴随着剑光涌动的雷鸣方才在寺中响起，而这一次。 所有人都可清晰耳闻，于是众生皆醒。第五十三章，萌妹空禅上师猛地吐出一口鲜血。如果眼神能够杀死人，此刻持剑站立的玄衣少年早已经被他千刀万剐。驱邪法会城内二十四家寺庙道观轮流做东，三年一届，也就是说，错过今天，他要等足七十二年才会轮到下一次以悲慈寺作为主场，而且没有下一次的机会了。他的阴谋已经暴露，佛毒之事也被在场的二十三家方丈观主知晓。 一旦今日不能攻城，纵虎归山，明日必然就是碑慈寺面临被围攻的下场。原本大好局面就毁在了这玄衣少年的一剑一雷之下。到底是什么剑术，能够破去以两千三百七十七名僧众共同加持的自见性空颠倒印？又是什么样的雷法，竟然能够振聋发聩，瞬间惊醒数以万计的梦中人？空禅上师放眼四周，只见一个又一个的百姓从恍惚之中苏醒，露出迷茫之色。咦，怎么宝坛上换人了？这个玄衣少年是何人？ 我好像有点头晕，甚是疲惫。刚才发生了何事？我的头发怎么变白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天上的菩萨哪里去了？都走了吗？我还没来得及参拜呢。悟了，诸位，我顿悟了。刚才我感觉到要追随佛陀而去，登西方极乐世界。哈哈，我是天选之子，对不对？人群之中响起阵阵私语，他们不记得方才发生的事情，所有记忆都还停留在空禅上师以佛法诛杀恶鬼、点醒痴呆少年郎的印象之上。还未说、哦。 空禅上师伸手连点身上穴位，封住气血涌动，悄然抹去嘴角血迹，维持住他得到高僧的形象。震破了可以修补，佛陀金身也能重塑，只要人心未失，方才经历的一切未必不能重来一遍。而当务之急是要将捣乱的少年剑修以及那个神秘的小沙弥斩杀当场。诸位，请听贫僧一言：方才佛陀将士赐下甘露，本可人人就此成佛，去往极乐世界享无尽福祉，但无奈有妖孽捣乱，坏了诸位这场天大的佛缘。 空禅上师伸手一点，对准陈木，是他以妖雷邪剑斩断了梵音妙化，破了诸位的顿悟飞升。空禅的声音不算洪亮，却能清晰传入每一个听众耳中，勾起其心中三毒。所谓三毒者，贪嗔痴是也。原本的自见性空颠倒印，是以众生心中的三毒为药，颠倒反转，化作界定会三学，将众生引向极乐，自愿献出功德寿数，填入佛陀金身。的确如他所说的那样，可以人人成佛。只不过。 是成为佛的一部分。如今阵法被破，佛陀金身破碎，空禅便反其道而行之，以自身的佛法修为作引，以百姓的贪嗔痴三毒为柴，火上浇油，引爆其三毒业火之愿。矛头自然是直指场中的玄衣少年。自见性空颠倒印的发动需要一个引子，那便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满足一个在场百姓共同的心愿。比如先前那南黄州美妇人的爱子得以恢复神智，就是一个众人共同的心愿。一旦满足，自入局中。如今。 好不容易塑造的群体意境被破，想要重启自建性空颠倒印，就需要重新满足一个共同心愿。悬疑少年陈木，则是他新选定的影子。空禅上师眼眸冰寒，心中杀意凛冽。而在场的上万百姓虽然没有记忆，但方才向佛的感觉犹存，那是一种普通人可能一生都难以经历一次的独特体验，仿佛要灵魂出窍，飘忽若仙。可不正是成佛机缘，竟然被那少年破坏，简直是可恨至极。于是乎，无数双怨恨的眼神。 此刻，通通投向了握剑站立的少年。好个贼子，坏我成佛机缘！这些年我供奉卑慈寺,寺，倾尽家财，难得才有一次大机缘，竟是被此撩破坏。该死！该死！庶子该死！你不得好死！滚下去！宝坛重地何等神圣，岂容你一个黄毛小儿站立？呸！看着还挺英武的一个少年，没想到居然是一肚子坏水的剑胚。无数小娘子取出随身携带的手绢、香囊，往陈木的身上猛砸。 而男子则是更为过分，纷纷脱下脚上充满汗味的臭鞋，对着陈木的脸飞甩而去。在空禅上师身后盘坐的伏魔寺智空老和尚见状，深沉一叹，绝望地闭上了双眼，两行血泪从他的眼角滑落，突然无力地顺着脸颊滴落衣襟。若无那持剑少年挺身而出，在场的百姓之中，不知要几人披麻，几人带孝。不出三日，满城白稿，芒谷之内，不知又要竖起多少新坟。发生在南黄州宛城的诡异，未必不会在三关城重演。 明明是拯救了一城百姓性命的大英雄，如今却在空禅的妖言惑众下沦为百姓唾骂嫌弃的对象。那可是他亲手挽救的无数条性命啊！也不知那少年如今内心会作何感想，又该是多么悲怆绝望。只怕会一怒之下甩手走人吧。若是那少年负气远遁，包括他自己在内，一众有修为在身的正派人士都深受佛毒祸害，难以抗衡。如此一来，刚刚才侥幸脱离苦海的数万百姓，不久之后将会再次沦为空蝉那妖僧肆意妄为的玩物。 可悲，可怜，可恨，人心竟是如此轻易被扭曲摆弄之物。可惜，只恨自己虽然全程清醒，旁观了一切真相，却苦于修为有限，无法突破空禅妖僧设下的阴谋，不能挺身为那少年仗义直言。唉，都是命。空禅和尚轻易勾动了人心三毒，见群情激愤，也是心满意足。他冷眼看向陈木，双唇紧闭，却是以传音入密的法门对少年大加嘲讽：“如何？这便是你逞英雄的下场。” 世人皆蒙昧，不分好歹，自私自利，三毒深藏，天生恶种。唯我佛慈悲，包容万千，愿意度化此等顽劣不堪之徒，那其入佛陀金身，成就功德无量。你祖众生成佛，下场便是这般，要独自承受众生唾骂，业火缠身，杀劫无穷。越是负隅顽抗，则越是沼泽深陷，还不迷途知返，乖乖束手就擒。第五十四章，是我非我。空禅上师微微一笑，等待着陈木出言辩解。没有人比冤枉你的人。 更懂你内心的委屈，他乃玩弄人心之高手，对于少年心性再熟忍不过。在他看来，陈木无非是自诩正派的妖民之辈，总想着凭借一身本领修为出尽风头，得到世人尊敬仰望。因此，他字字句句诛心之言，就是想要让少年沦为众生之敌，让他丧失掉继续为苍生拔剑的正当理由。一名剑修，假如失去了拔剑的理由，他的剑还能锋利否？空禅上师很想知道，在这种情形下，少年会以什么样的姿态来向四周的百姓？ 解释自己的初衷和委屈，他更想看到明明是行了善事的少年，在被反诬陷为恶人，还被世人不解、谩骂、冷眼相待时，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他最想看到的是，当一切的辩驳都化作苍白无力之际，恼羞成怒的少年是否会对那么多被他救下的百姓拔剑相向？那可真是太有意思了。比起在肉身上摧毁一个人，这种在心理层面彻底使一个人崩溃的场景，更为让他感到陶醉和满足。正如他这些年来在三观城内。 以破妄求子菩萨之名做下的那些隐蔽之事，将来若是真相大白于天下，他也莫名期待起届时人们的表情。有趣，但渐渐的，空禅的脸色就发生了变化。他从少年的脸上居然看不到任何一点他期待之中的表情。面对百姓抛来的杂物，他只是挥舞长剑，轻松挡下；面对不绝于耳的谩骂声，他神色平静，仿佛被千夫所指之人，并非是他自己。面对他空禅的传音入密，少年更是不为所动，似乎连多说一句辩驳之言都懒得浪费时间。 悬疑持剑的少年就那么镇定地站在原地，等四周百姓扔累了杂物，也骂干了口舌。他方才抬眸看向上手的空禅和尚，笑道：“还有吗？”空禅和尚神情一怔，不明所以：“还有吗？还有什么？”事已至此，结局已经明了。眼前少年被颠倒黑白，受尽屈辱，平白无故承受无端谩骂，还能有什么？你不打算为自己辩解？”空禅问道。辩解。陈木嘴角微微翘起，眼神玩味，扫视四方。 随即，他哈哈大笑，放言道：“我做事何须他人理解？人性之恶，人心之钝，人智之昧，他早已见识过太多太多。师傅从小安排下来的功课，从来没有一门是要让他去取得他人理解。旁人只当他是行侠仗义、惩恶扬善，只有陈木自己清楚，他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发乎于内心，想做就去做。至于旁人理解与否、认可不认可、是称赞还是谩骂，从来都不在陈木的考虑之中。所以。” 他为了给韩府一个教训，放任段轩在他眼皮子底下化作厉鬼，而后又在段轩大仇得报后，请小和尚动手将其超度。如此弄险的行为，一个不慎，若让段轩逃脱，就是亲手养出来一头绝世鬼王，留下祸患无穷。要是将他的行径用世俗的评判标准来审视，少不得一个生性浪荡、喜好弄险、一玩火自焚的恶评，为名门正派所不喜。但那又如何？陈木向来不将世俗对他的评价放在心上。世人谤我，欺我。 辱我，笑我，亲我，见我，与我何干？以上种种皆是我，以上种种皆非我。千秋功与罪，生前何须介怀，死后自有评说。陈木谈笑间，伸手一挥，抛出一面黄澄澄的小帆。只见那小帆迎风招展，忽然有青紫烟雾涌,涌现于半空之中，化作一个凤披霞冠、这玄勋婚袍的娇艳女子。女子似乎沉睡了许久，难得从床榻起身，活动筋骨，于是拧动婀娜身段，当众伸了个大大的懒腰。不过。 虽然这女子容貌美艳，身姿妙曼，却没有一个在场百姓胆敢朝她脸上多看一眼。自她身形浮现之时，便发出阵阵惊呼，人潮推搡着往后倒退，都想着能离这名女子尽量远些。盖因她自从出现那一刻，浑身就有浓郁的阴煞之气伴随，脸上的鬼纹斑斑，更是妖邪诡谲，一看就是不能招惹的凶悍女鬼。段轩，宝坛贵宾坐席之中，有一位贵妇人神情激动，双眸通红，做事就要冲上前来，正是韩府大夫人方秋月。 他望向段轩的眼神之中充斥着恨意与愤怒，厉声叫喊道：“果然是你，这个小贱人化身成厉鬼，夺走我夫君韩琦与神虚子道长性命，又毁我俊儿尸身，你给我耐命来！”面对这位方夫人的怒骂，段轩只是盈盈一笑，躬身道：“婆婆安好？谁是你的婆婆？臭不要脸的贱婢！哦，难道这门冥婚不是韩府指定的吗？怎么，如今竟然不想认我这个未过门的媳妇了？你是鬼，该被千刀万剐打杀的鬼！” 我韩府如何有你这个鬼媳妇？方夫人将气头上的话说完，这才注意到众多百姓和城中官吏看待自己的眼神，那是一种古怪之中带着一丝鄙夷和疏远的神色。一来是透过她的嘴知道了韩家家主韩琦和背后靠山神虚子道人生死之事，使韩家对外界的震慑力几近于无；二来，韩家逼迫梁家女子与过世长子冥婚一事也是犯了忌讳，不然也不至于要安排到芒谷内的义庄完成婚事。方夫人一咬牙，决定不再和段轩这头女鬼争执。 只是转头望向空禅上师，作揖道：“空禅上师，你佛法无边，万念看在我韩家过去几年间给卑慈寺香火钱不下千贯的面子上，帮妾身收了这女鬼吧！我要她魂飞魄散，永世不得超生。”方夫人咬牙切齿道，全然没有留意到空禅上师此时那张僵硬的脸庞。在场百姓的记忆都停留在他一指净化恶鬼的画面上，总感觉卑慈寺无所不能，对天下厉鬼都手到擒来。事实上，如今局势却是骑虎难下。 他本身受了自贱性空颠倒印的反噬，身负暗伤，能施展出来的修为不足六成。悲此寺两千三百七十七名僧众，情况比他也好不到哪里去。而对手那边，不仅有一个神秘莫测的小沙弥，一个精通剑道雷法的杀伐剑修，如今更是增添了一位凶悍鬼王作为助手。此消彼长，他此刻连自身都难保。就在此时，陈木的声音也悠悠传来：“空禅上师，你误会我了。方才你所指责的罪名，都是这尊鬼王暗中出手捣乱所致。” 在下也是久仰卑慈寺的大名，正好直驱邪法会召开之良辰，将此鬼王引来，请上师出手诛灭度化此撩。没有人比冤枉你的人更懂你内心的委屈。陈木轻飘飘一句话，直接将空禅上师架到了火堆之上，映得他脸色阴晴不定。第五十五章佛像。空禅很想指责女鬼与悬疑少年本就是一伙，但话到嘴边，却发现完全没有意义。反正悬疑少年都已经被他诬陷成千夫所指了，也不见对方有半点出言反驳的心思。 如今多安一个驱使鬼王的罪名，又有什么影响呢？反而是他空禅自己被架在了火堆上，烈火烹饪，下不来台阶。因为无论这鬼王是从何处来，和谁人同伙，他鬼王的身份都已经坐实。而悲慈寺作为主场，眼下举行的可是驱邪法会啊！虽然对他空禅来说，这场驱邪法会不过是一个引子，是实现他野心的百年难遇之良机，但对在场的数万百姓而言，却并非如此。驱邪法会，诸鬼辟邪，弘扬世间正气。 岂能容易鬼王肆虐逞威？原本空禅的计划是打算将陈木推出去当替罪羊，以百姓的言辞厌气为刀，瓦解其心智，从而一举将其击溃打杀。可如今鬼王断轩的出现，彻底破坏了空禅的阴谋，把百姓的注意力都引到了鬼王身上。若鬼王不能当场伏诛，这所谓的驱邪法会又还有什么威信可言？要知道，这可是三关城二十四家寺庙道观的化世之人云集的法会啊！连区区一个女鬼都拿不下，只怕从今往后，连同悲慈寺在内，所有城中玄门的香火。 都要折掉一半，他空禅想以众生愿力凝聚佛陀今生的美梦，更是从此破灭，想都不用再想，岂能如此？空禅怒目圆睁，绝不甘心多年筹划功亏一篑。为今之计，也唯有是倾尽全寺之力，先将这鬼王拿下，稳住百姓信仰，再做打算。只希望那少年剑修能顾惜羽毛，忌惮天下苍生的悠悠之口，不要和那女鬼联手才好。鬼王断轩，欺我卑慈似无人乎？贫僧空禅，请释迦佛像镇压此撩。 空禅知晓夜长梦多，绝技不能久拖，于是直接掀开了底牌，以碑慈寺方丈之名，请出释迦佛像。只见一道金色光柱冲破殿穹，直入云霄。从光柱之中，缓缓升腾起一尊巨大的佛像。佛像结跏夫座，左手横置左足上，结定印；右手直身下垂，结触地印。是一尊高于五丈的巨大佛像，以成道相示人，佛光普照。正是碑慈寺立寺七百年来，一直位居大雄宝殿内，接受四方香客信徒瞻仰参拜，凝聚功德无数的释迦佛像。 是佛像，更是法器。此尊佛像一出来，无数百姓信徒痛哭流涕，叩首便拜，宛若真佛将士，恢宏巍然，气魄浩荡,荡，让人发自内心臣服。阿弥陀佛！无数信徒同时口诵佛号，一缕缕金色愿力从信徒身上浮现，被吸入释迦佛像的眉心之中，于佛像的脑后形成了一圈金色的圆光，神圣威严，不可亵渎。但就在此时，偏偏有亵渎之音不合时宜的响起。哼，区区一座花架子，也想镇压小女子？和尚。 我劝你少做白日梦，多去诵读真经才是。段轩张开双臂，玄勋衣袍随风飘扬，猎猎作响。他袖口一吐，只见有无边青紫阴煞化作狰狞厉鬼像，争先恐后朝释迦佛像冲杀而去。空禅脸上沐浴佛光，同样是结跏夫座左手定印，右手触地印，和头顶佛像一样现成道像。他左手往前一推，天上的佛像竟也做出相同的动作。澎湃佛光如同黄河之水，浩浩荡荡，以碾压一切之势冲刷而下，镇压世间一切魑魅魍魉。 青紫阴煞之气遇见无边佛光，顿时如同浓墨遭遇瀑布洪流冲刷，一下子就消散不见。释迦佛光，道家雷法，天然克制鬼邪淫祟。围观的百姓见状，发出一阵巨大的喝彩声，赞扬佛法无边。空禅毅然露出微笑，可下一刻，他的笑容就变得僵硬。只见在佛光消散之后，一缕缕青紫色的阴煞又再次浮现，继续凝聚成为厉鬼像，再次朝着释迦佛像奔涌而去。而此时，空禅刚施法完毕，正缓下一口气，平复身上暗伤。 一时间竟来不及阻止，他这边不动，天上的释迦佛像也是停滞不动。于是，就在数万双眼睛注视下，由青紫阴煞凝成的厉鬼像冲到了金光灿灿的释迦佛像身后，朝着脑后的元光狠狠一口咬下。神圣威严的佛祖元光竟然就此被咬下一个显眼的缺口，圆月有缺。啪嚓！空禅仿佛听见有心碎之声在心头响起，低头望去，无数百姓信徒睁大了眼睛，不敢置信的失望目光。 更是如同一把锋利尖刀，插进了他的心口。这一口厉鬼相咬下的，不是佛像脑后的元光，而是他空禅殚精竭虑数十载的心血，外加卑慈寺七百年历史与百姓心中铸就的名望。碎了，孽畜，死了！空禅怒火攻心，再也按捺不住反噬的伤势，当场喷出一口鲜血。但他已经顾不了这么多，疯狂调动体内真元，借卑慈寺的地利静止，全力御使释迦佛像对着女鬼发起进攻。他左手结印，右手握拳，做出一个最基础的罗汉拳拳式。 虽然是寺内武僧人人都会的罗汉拳，但通过释迦佛像庞大身躯施展出来，已然给人一种无可匹敌的霸道之势。正所谓大道至简，重剑无锋。当承担了七百年香火信仰之力的释迦佛像被请出大雄宝殿之时，只需要以堂堂大势碾压一切魑魅魍魉即可，一切精妙佛法皆多余。站在女鬼段轩身后的陈木，此刻也表情凝重起来。头顶上空释迦佛像结罗汉拳势，给他的感觉已经和当初孟云梅师姐引发的雷劫有几分相似之处。 天劫雷云背后象征的是天道威仪、冷酷无情，而释迦佛像的背后，则是代表悲慈寺七百年来积攒的香火信仰。人道洪流，煌煌大势不可阻挡，只怕身为鬼王的段轩也很难直撄其风。但转瞬之间，段轩身穿玄勋长袍的身影就消失在原地，再次出现时，却已经是轻飘飘落在了空禅的身后，双手更是搭在了老和尚的瘦削肩膀之上。喂，和尚，你该不会以为我看不出来，你才是那座佛像的真正掌控之人吧？ 真以为小女子会傻乎乎的和一座花架子硬拼？段轩的笑声让空禅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第五十六章坠落。阿弥陀佛，空禅叹息一声，身上佛光涌现，将其身躯照耀的犹如一尊金像。佛门七十二绝学，金钟罩。而空禅在这门保命绝学上的造诣，显然更在苦文小和尚之上。一时间，连段轩也拿他无可奈何。与此同时，天上的释迦佛像却有异动，他身上同样披上了一层金色外衣。 犹如在佛像的表层镀上了一层金箔。如果说刚才的佛像带给人的感觉是神圣和庄严，那如今的佛像则给人一种如山岳般巍峨的沉重感，如山清海啸，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不好，陈施主小心！他想要用这佛像把宝坛上的人通通压死。匆匆赶来的苦文小和尚神色焦虑，对着陈木高声说道。陈木眉头一皱，他早就看到空禅身后的悲慈四僧众，以及围攻苦文小和尚的法无、法宁以及数十武僧。 都纷纷撤离，退入到了大雄宝殿之中，还不忘带上了宝坛上的一众官吏，包括方夫人等豪绅在内。他本以为是空禅见势不妙，想要以此举动保存有生力量，但万万没想到，空禅的疯狂比他想象之中更甚，竟然是要准备牺牲这尊被参拜了七百年的世家佛像，将此时位于宝坛上的其余二十三家寺庙道观的画室之人通通砸死。他杀不了鬼王，还杀不了这些个被佛毒侵体的和尚道人。不得不说，对空禅而言，这是个疯狂但正确的决定。 因为只要这二十三人一死，哪怕空禅他这次破境失败，也依然保存有冠绝三关城的修为实力。届时只需想办法说服一众官吏豪绅，替他开口掩饰，就能将杀害二十三名高僧道长的罪行推到陈木和鬼王身上。悲慈寺依然是三关城内最大的寺庙，空禅上师依旧是城中修为最高的得道高僧。至于百姓的风言风语，只需施舍少许恩惠，再杀鸡儆猴，让一些乱嚼舌根之人彻底闭嘴。不消几年时间，今日的风波就可彻底被抹除干净。到那时候。 再举行一场驱邪法会，也未尝不可。空禅杀意已决，面容冷峻，眼神刻薄阴森。他凭借金钟罩的横练外功庇护，对身后段轩发起的袭击全然不顾，只是抬眸望向了陈木方向，深深的将少年的身影映入眼帘之中，刻入骨髓之内，仿佛在说：“来日方长。”陈木读懂了空禅的眼神深意，他也不愠怒，只是眼眸低垂，举起了手中的长剑。少年持剑急冲，要直取空禅性命。空禅见少年终于不再隐藏。 选择了和鬼王联手，他嘴角露出一道讥讽笑意。他盘腿端坐在原地，不闪不避，看似要以金钟照应接少年的剑锋。然而，就在陈木踏入到他身前十步范围时，空禅眼中金芒爆闪，隐隐有得意之色。中计了！既然你想要救下这二十三人，那么就一起陪葬，被压死在这宝坛之上吧。空禅伸手往天上一指，让人惊骇的一幕发生了。只见空禅不知利用了何种方法，竟然瞬间和天上的释迦佛像交换了位置。 空禅的身影出现在了半空，而释迦佛像的庞大躯壳已然近在眼前。这也导致原本应该还有数十息才会砸落下来的巨大佛像，此时却距离宝坛的地面仅仅只有一丈不到的距离。无论是陈木、段轩，还是二十三个被佛毒束缚在原地的高僧道人，此刻都已经没有了辗转腾挪的空间和时间，又被一并压死在当场。陈施主、段姑娘，你们救人先走，小僧来扛住佛像。苦闻小和尚的身影出现在陈木前方，他身上金光夺目，佛光萦绕。 肤色如同，正是金钟罩外公的显现。与此同时，他身后更有一尊菩萨虚影出现，有小和尚体型的两倍大小，一面二臂三目，黑蓝色身躯，赤发上扬，须眉如火，獠牙卷舌，十分部位。是为金刚手菩萨，又名十国天王。但即便如此，苦闻小和尚召唤出来这具菩萨虚像和头顶上的那尊释迦佛像依然差距巨大，无论是体积、威势还是力量上，都相差了不止一个档次。 已经转移到半空的空禅和尚眼睛微微眯起，说道：“竟然是一个得次金刚庇佑祝福的小沙弥，看来定是出自那三十六学门之中的天下名刹了。我说是谁胆子这么大，竟敢掺和此事？”他随即冷笑一声：“可惜今日是注定要折在此地了。区区一个庇佑祝福，如何能够和本寺承受了七百年香火信仰的佛像抗衡？”苦闻小和尚抬头，神情肃穆，目含怒意：“你可知道，贵寺七百年香火佛像今日将会因你而毁？你如何对得起七百年间？” 一代代耕耘不辍的师门长辈，空禅依旧冷笑，不做回应。再珍贵的佛像，也不过是死物，不能让悲慈寺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但若能出一位遇界定的高僧，悲慈寺之名却能不再束缚，局限于小小三观城内，可名扬天下。他空禅的眼界胸襟，又岂是一个只懂捧读经典的小沙弥可以理解？但这些在佛像底下的人，已经和死人无异。他完全不需要多费口舌，做无谓争辩。吃了七百年香火。 凝聚了三关城内千千万百姓信仰的释迦佛像，就算是泥做的，这么多年下来，也都变作重于千斤的佛门法器了。何况这座释迦佛像还是由开过光的纯铜铸造，外披金衣，又有寺内十余禁制法阵的加持牵引，坠落一击，即使是御界定的高僧、金丹境的道士、真髓修为的武夫，都难以抵御。如今一个筑基境的剑修、细心筑的沙弥、初诞生的鬼王，还有那些个被佛毒侵体、口不能言的和尚道人，拿什么抵挡？即使金刚手菩萨虚像。 最多也就能勉强力扛三五息时间，想趁机逃跑？真当他这个坐镇半空的方丈主持是摆设不成？空禅伸出左手施无畏印，往下一压，原本就几近落地的释迦佛像，在他这一记佛印的加持下，更是加速下坠，眼看就要将底下一众如蝼蚁般的存在以千钧之势碾压成屑。而就在此时，一柄剑横在了半空。第五十七章巨缺，剑从剑匣中来，原本只是一柄刃长三尺有三，柄长七寸。 刃宽五寸的质朴古剑，形如肩背，无甚锋利，却给人一种厚重沉稳之感。但自从离开剑匣之后，这柄古剑就迅速变宽变长，化成一道天堑横亘于半空，恰好接住了下坠的释迦佛像，将巨大佛像托举在了空中。这是什么剑？上方的空禅和下方的苦文小和尚同时惊诧地看向巨剑，一个是心存必杀之意，一个是做好了绝死之心，但都被这把突如其来的巨剑所隔断，一时间陷入到愕然之中。剑名。 巨阙，其锻造年历已不可究，只知在万年之前，初代人皇麾下的大将连季曾手持此剑于战场之中，一人为人皇断后，阻拦百万妖族大军不能过，最终力竭身亡。至死之时，由双手持剑，握如盾牌，顶天立地，而巨阙未毁，其坚不可摧，有抵御万法之美誉，乃剑中极品，千古留名，历万年岁月而色不改。七百年香火佛像在他面前，简直犹如萤火之光与皓月争辉，不可同日而语，甚至。 咔嚓，在空禅惊骇绝望的眼神之中，悲慈寺供奉了七百年的释迦佛像，竟然在与巨剑碰撞的瞬间，身上出现了道道裂痕。先是从佛像的底座开始，裂纹一路往上蔓延，不多时，这尊历史悠久的释迦佛像，从脸庞到四肢都布满了裂痕，眼看就要破碎当场。尽管空禅早已做好了牺牲这尊释迦佛像的打算，但那是建立在此佛像将一众敌人一屁股震杀的前提下。如今，只是区区一柄巨剑，就拦下了他这带着疯狂决意的必杀一击。 以牺牲山门重器为代价，却寸功未立，这个结局他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空禅脸色发白，嘴唇干枯，但眸子里疯狂之意却是更甚。他张嘴吐出一口鲜血，不再用真元压制体内伤势，而是开始不管不顾地调动起悲慈寺内的所有禁制之力，包括僧众的寿命。一声声凄厉地惨叫声在大雄宝殿内响起，于殿内的人能清楚看见，以法无、法宁等僧人弟子为首，一个个和尚都抱头跪地，神情痛苦。 只见有一缕缕白色的烟气从这些僧人的头顶冒出，往殿外飞去。若是仔细凝视，更能发现这些白色烟气并非是无形之态，而仿佛有一张张面孔模糊浮现在烟气之中，正是这些僧人自身的面孔。随着烟气被抽走，僧人们的相貌也在发生着变化，每个人都皮肤起皱，面容枯槁，瞬间苍老了何止十岁。此等抽取剥夺寿元的法门，实在很难想象，竟然会发生在悲慈寺这种佛门重地，还是出自空禅方丈之手。 连同方夫人在内，殿中的一众官吏贵人面面相觑，各自都读懂了对方眼中的惊惧之色。事已至此，只要不傻的人，都能看出这位空禅方丈比起门外的鬼王，邪恶程度只怕不遑多让。过往城中百姓只是听说过些许传闻，说碑慈寺藏污纳垢、暗行不法、龌龊之事，但那毕竟只是些没有证据的无端指责。加上碑慈寺七百年名刹的地位，以及空禅上师细心柱的修为，就连县令都不愿轻易招惹。传闻镇玉司在三年前有一位身份颇高的营章司使。 也是在盯上碑祠寺后无故失踪，镇玉司为此不惜撕破脸，对碑祠寺展开了大肆搜查，最终却一无所获，拿碑祠寺毫无办法。有前车之鉴，城中官吏更是不愿得罪碑祠寺这座大庙。可事到如今，想再装聋作哑，无疑是自欺欺人了。这可如何是好？等这些僧人的寿元被抽空后，接下来会不会轮到我们？要不还是趁这些僧人暂时无力看管，我们先行逃离出殿。李公，你曾经官拜朝议大夫，见多识广。 不如给我等出个主意，我等都愿追随李公你行事。就在一众贵人惊疑不定之际，忽然殿门却是被人打开，灰蒙蒙的天光传入殿内，让殿中之人不由都眯起眼睛，伸手遮挡光线。却有一道身影发疯似的冲出殿外，高声喊道：“空禅上师，妾身愿意献出性命，只求能够镇杀厉鬼以及幕后元凶，为我夫君报仇。”正是那韩府方夫人。她于殿中见了僧人的惨状，又听闻官吏豪绅们的议论，情知殿外的斗法并没有她想象中的顺利。 每每回想起被搬抬回府的夫君与长子失身，他就夜不能寐，痛彻心扉。如果连空禅上师都不能镇杀段轩那个小贱人，被厉鬼脱身，只怕他此生都很难再找到机会为夫君、长子报仇。他恨，恨那段轩不识抬举，不愿嫁入韩府，享千百年的阴间富贵也就罢了，死后竟然还敢心存怨愤，化身厉鬼，害了他夫君性命。区区一个镇上小户人家女子，怎敢？接连的飞来横祸，已经将这位贵妇人的精神折磨至几近崩溃。 他如今唯一的想法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去将段轩杀死，永世不得超生，唯此方可解他心头之恨。空禅低头一看，听见了方夫人的嘶吼，也目睹了他脸上的狰狞和怨愤。方丈的脸上闪过一抹不易察觉的欢喜之色。善，他伸手一指，顿时有一道白色烟气也从方夫人的头顶冒出。比之殿内僧众的白色烟气，这道出自方夫人体内的白烟明显更为浑厚凝练，并且白烟之中的面孔也更为清晰可见。那是方夫人刻薄尖酸的面容。 众多白烟纷纷汇入到释迦佛像的体内，刹那间，佛像原本紧闭的双目忽然睁开，画龙点睛，佛像开眼。佛像眼眸之中各有一道诡异的暗金漩涡在转动，若是仔细观望，当能看见组成那漩涡的条纹，竟是一张张扭曲的面孔。空禅目露疯狂，在尸无畏印意欲驱使这尊睁眼的佛像强行突破巨剑的封锁，震杀底下众人。但他此时还没有留意到，从剑匣内飞出的剑并非只有巨阙一把。就在他盘踞高空，以为高枕无忧。 还在心痛佛像损毁，以秘法抽取僧众寿元之时，有整整十道剑芒，已悄无声息地从剑匣内飞出，争先恐后朝他刺来，仿佛沙场上那争做急先锋的陷阵营将士，谁能拔得头筹，先行登城，谁就能获得军功赏赐，讨帝王欢心。第五十八章争宠邀功。十道剑芒虽然是同时从剑匣内出发，但行至半途就已经分出了速度上的先后高低，其中有两道剑芒一骑绝尘，遥遥领先，其中一道剑芒。 猩红似血，杀意冲霄，死气阴森，正是只有剑身的绝世凶兵随血刃。而另外一道剑芒不为肉眼所见，出了剑匣就隐没无踪，唯有陈木身为剑主，可以通过契机牵引找到其轨迹所在，正是有剑出无踪美誉的成影剑。此两者几乎是不分先后，同时杀到了空禅的身前，所有心思都放在了下方释迦佛像上的老方丈，直到随血刃的剑尖差点撞入了眼睛，这才惊觉有剑芒杀至，他目露惊恐，本能想要仰头躲过此剑的锋芒。 却在此时感觉心头一痛，等他惊骇低头时，却只发现自己的心口位置多出来一个空洞，已然是被某利器穿透，速度之快，连鲜血都来不及飞溅而出，成影穿心。与此同时，猩红似血的剑芒也带着无边杀意从他的颈部掠过。献祭了卑茨寺两千三百七十七名僧众人均十年寿元的方丈空禅，还没等他将最后挣扎的手段施展出来，就于空中身手分离，而后十道剑芒急速回转，其中有八道剑芒好似羞于见人。 直接就飞入剑匣之中，隐没不见。唯独一红一墨两柄剑悬停在陈木的身边，有争宠邀功之意。少年一笑，伸手抚过两剑的剑身，轻轻拍打，说道：“好了，你们都记手工，回去吧，改天再给你们赏赐。”言罢，随雪刃与程影剑也各自归入剑匣。被少年握在掌心的龙渊剑轻微颤动，一声冷哼在少年心中回荡，那是龙渊剑灵对两柄邀功之剑发出的不屑态度。陈木也是笑着安抚，然后抬头仰望，此时。 失去了空禅掌控的释迦佛像，再也难以为继，身躯裂纹疯狂蔓延，并且传出阵阵响亮的破碎开裂之声。没一会儿，就在巨阙剑的上方，先是佛陀头部开裂成两半，然后是脖颈、胸膛、四肢和底座，最终四分五裂。高于五丈的释迦佛像就此化作一堆碎石，轰然倒地，掀起烟尘无数。无数正在尖叫着往寺门外逃跑的百姓相克，回过头来看见的便是这让他们永生难忘的一幕。空禅方丈枭首。 释迦佛像破碎，悲慈寺乱成一团，驱邪法会名存实亡。许多香客眼中都闪过迷茫，不知道眼前的一切到底是不是一场噩梦。但很快就被身后汹涌的人潮推动着继续逃亡，于是也只好收拾心情继续出发，顾不得此时内心的诸多感慨叹息。陈施主，人都救下来了，只是这位老师傅有话想要和你说。苦闻小和尚搀扶着一位白须和尚来到陈木面前，这位老和尚眼泪纵横，神色悲怆，几欲张口而出不了声。 段轩此时也是乖乖站在陈木身后，被他伸手一招，就化作青烟没入阴幡之中。此地不宜久留，动静太大，只怕官府和镇御司马上要接管悲慈寺。我们换个地方再说。苦文点头，一边搀扶着老和尚，一边跟随陈木的脚步，借着混乱人群的掩护，很快就离开了悲慈寺山门。伏魔寺禅房，苦文小和尚推门而出，神情稍微憔悴，见陈木守在门前，开口道：“制空方丈中毒太深，已然渗入心肺。” 一身修为尽失，小僧尽力也只能勉强保住他的性命。阿弥陀佛。陈木闻言沉默片刻，然后道：“现在他清醒过来了吗？”苦文摇摇头，至少要睡到明日午时。陈施主可否借一步说话？好，到院子里吧。伏魔寺和碑慈寺都同属三关城内的二十四家寺庙道观，但在规模上和碑慈寺这种占据一座山头的名刹相差甚远。此寺就和荒野外的山神庙一样，只有两进院落，除了大雄宝殿与一座金堂外，剩余都是禅房。 门下弟子也是寥寥无几，且大多没有主张。听闻今日碑祠寺变故后，其余各寺庙道观的弟子都追随师长前往碑祠寺讨要说法，唯独这伏魔寺一众弟子见方丈制空重伤，悲悲啼啼，只知道诵经祈福，余下的什么也不去管。眼看陈木和小和尚走到院子天井，原本在此地诵经的几名僧人急忙起身让位，唯唯诺诺躲到了远处。见此情形，不仅是陈木无语，就连苦闻小和尚都轻微叹气。小和尚。 没想到你竟然还精通医术，真是深藏不露啊！阿弥陀佛，陈施主有所不知，佛教亦有一经，如《延寿经》、《除一切疾病陀罗尼经》、《佛说医育经》、《修习止观坐禅秘要》等等，小僧也略有涉猎。佛为何也传一经？菩萨怜悯众生，不忍见众生疾苦，又念众生七情六欲难却，若能脱离病痛苦患，当心生欢喜，怀念诸佛菩萨慈悲救护之恩，自此善根深重。小和尚读过的经书真多，唯好读经而已。呵呵，对了，小和尚。 看你样子，是有话想要问我。是，敢问陈施主，今日于悲祠寺内当众出手唤出鬼王，除开悲悯无辜百姓之心外，是否也是早有筹划，刻意为之？陈木闻言，沉吟少许，方才答道：“是。为何如此？撒个诱饵，愿者上钩。施主是怀疑鬼王的出现并非偶然，除却神虚子外，还有其余躲藏在暗中之人，想要以此高调行事，引幕后之人上钩。看来小和尚，你也有相同的怀疑，不是吗？不然也不用一直跟着我。” 是怕我遇害？阿弥陀佛，施主神通广大，剑法无双，当无忧。小和尚，少拍马屁。既然你准备探讨此事，不如双方都将答案以井水写在掌心，一起揭开，如何？好，这院中就有一口井水，宫寺内僧众取用。此时更有一瓢满满的井水被提了上来，搁在井边。陈木和苦文各自以指尖沾了井水，以真元凝聚在掌心写下答案。等各自写罢，同时在灰蒙夜色下摊开掌心，两人的答案赫然一模一样。 都是二字，养鬼。第五十九章，镇玉司段轩化作厉鬼，真的是巧合吗？陈木从一开始就存了疑心。厉鬼出现的条件是严苛的，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其中天时地利还好说，芒谷就是天然的养鬼之地，只要避开有修为高的正派人士在场，厉鬼化的过程就大概率不会被阻断。最难的还是人，怎么寻找到一个合适的、有成为厉鬼资质的人才是关键。神虚子利用韩府的势力。 在整个三观城，包括周围小镇乡村内寻找生辰八字合适之人，目的只是为了给韩良俊匹配冥婚吗？一个具备成为厉鬼资质的女子，恰好被挑选成为韩府冥婚的对象，恰好又被害得家破人亡，恰好在成婚的前一天自尽身亡，还恰好被抬到芒谷这片阴煞深重之地。更巧合的是，就在冥婚举行的不久之前，长期在芒谷内超度亡魂的苦闻小和尚，还被韩府拿下，不能自由。以上种种，属实是太过巧合，让人很难不去怀疑。 是不是有一只眼睛在幕后默默注视、操纵一切？要只是这样也就罢了，陈木早早送段轩去轮回转生便是。反正尘归尘土归土，无论背后到底有没有幕后黑手，既然结果已定，想必对方也不会节外生枝。但偏偏段轩乃阴思不纳、皇权不接的奇异体质，连超度轮回都做不到，这概率到这种时候，要说这背后没有错综复杂的故事，陈木也太天真了。在这众多巧合之中，唯一出现的变数。 那应当就是陈木突然在芒果荒冢内出现了。他是经由剑童子通过秘法传送而来，遮掩天机命术，就连上清宗的真人都算不出他的落脚，自然不可能会被那可能存在的幕后黑手算到。而偏偏就是陈木这个唯一可以确定是真正巧合的外来者，成为了如今段轩这头鬼王的实际掌控者，等同于将那一位精心布局才接触的丰厚果实半途截胡。对方岂能真正善罢甘休？因此，陈木这次借驱邪法会高调行事，就是为了引蛇出洞，将鬼王的存在。 公诸于世，那人既然精心布局，制造诸多巧合，想来一定是不愿鬼王的存在暴露于外的，甚至他自己也有隐藏身份的必要。所以，陈木行事越高调，对方的压迫感就会越强烈，最终不得不提前出手，以免事态进一步影响扩大。这便是陈木所言的“愿者上钩”。另一方面，其实也是陈木的一次试探，看看这三关城内二十四家寺庙道观的浑水。毕竟，既然是在三关城地界养鬼，最有可能的元凶。 自然就是位于三关城内的玄门势力，而碑慈寺恰好不是那么干净，嫌疑重大。但目前来看，身为方丈的空禅上师已死，临死前对于段勋的态度也看不出半点异常，空禅就是幕后元凶的可能性不大，只怕还另有其人，如今尚在暗处潜伏，虎视眈眈。苦闻小和尚很明显和陈木想到了一块，因此才能猜到他的谋划，并且给出“养鬼”二字的答案。小和尚真是聪慧，陈木称赞道：“陈施主深谋远虑，小僧敬佩。只是……” 不知道施主接下来的打算是？我的打算很简单，敌暗我明，我们在这三关城内又势单力薄，最好是找些帮手，帮我们拨开迷雾，清晰局势。施主想找的帮手是？我也不知道。嗯，面对小和尚无语的目光，陈木淡定一笑，伸手往后方禅房一指。还是那句话，愿者上钩。至少禅房内就躺着一位了，不是吗？愿者上钩，上钩的可不只是敌人，还有朋友。小和尚顿时明悟，眼中闪过一丝惊叹，双手合十。 诵念佛号。一日一早，制空方丈还没醒来，就有鱼儿上钩。陈施主，叨扰了。门外有客上门，自报身份是镇玉司的人，想要见施主一面。一名伏魔寺的僧人敲门说道。房门很快被打开，陈木穿戴整齐，背负剑匣走出，显然早有准备。有老法师将人带到假丑禅房，奉上茶水，茶钱我出。陈施主乃方丈的救命恩人，也就是伏魔寺的恩主，区区茶钱哪里有要施主破费的道理？陈木听了也不去争，直道。 有劳了，麻烦法师也知会苦文小和尚一声，让他也陪我一起见客吧。是，苦文法师今天一早就到了金堂诵经，小僧这边去告知。有劳。镇玉司的到来并没有让陈木惊讶，如果说有哪方势力能够在一夜之间探查出他和苦文的落脚之地，那背靠官府的镇玉司无疑是概率最高的可能性。但来的人却出乎了陈木意料，竟是一位年轻的女子。北庭镇玉司同章司使秦青云，见过两位道友。名为秦青云的女子。 女扮男装是镇玉司著名的黑色麒麟服，树乌纱冠，腰悬佩刀，英姿飒爽。她容貌不算是出众那种，肤色略微黝黑，脸上也有伤疤，但五官轮廓精致，可以看出底子不错。若注重保养，想必也是一位美人。而从她开门见山的第一句话，就可窥见此人的作风必是雷厉风行之人。首先交代了来历身份，他来自北庭镇玉司，并非是三关城内的镇玉司衙门。要知道，镇玉司是天子直隶，坐镇神斗的总衙，被称作中庭镇玉司，而北玄州。 东沧州、南黄州、西监州各有一支分衙，总领各州事务，就分别唤作北庭、东庭、南庭、西庭。比如三关城作为北玄州上元郡下辖的县城，城中镇御司的顶头上司就是北庭镇御司。也就是说，秦青云相当于钦差身份，在地位上是要超然于三关城镇御司衙门的，可谓不凡。除此之外，一句道友也交代了他身为修行者的身份，并非只有道家弟子才互称道友，无有武道，佛有佛道。 但凡是修行者之间，殊途同归。人多之时，称呼一句“道友”总是没错。而且很多时候，道士武并非严格分家，兼修者大有人在。在下陈木，这位是苦文和尚，见过秦思时。陈木回应道：“第六十章，秘文。冒昧叨扰，还请两位不要见怪。实不相瞒，在下此次登门是有要事相请。”秦青云开门见山，直接道明来意。他眼神阴郁，似乎始终笼罩着悲伤，挥之不去。陈木细心观察道。 这位秦司使气血旺盛，当有断身境七八重左右实力，相当于修道的炼气境同期修为，已是相当不俗。毕竟，就连江瑶那少女，出生在玄门之首的上清宗，又贵为真人爱女，享一封资粮，可谓是含着金钥匙出身，在世间比她还幸运的人，千千万人里都挑不出一个。如今也只是炼气九重的修为。秦青云比江瑶年长几岁，能有断身七八重实力，放在世俗江湖里，已经是绝世天才的行列了。只是女子的旺盛气血，总给人一种轻飘之感。 庞大之余，并不充实凝练，是为根基有缺。想来是通过药石或其他手段强行拔高了修为，绝对是揠苗助长的行为。在断身境就采取这种手段，将来在武道上的前景也就此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霾。他能够在这种年纪就成为北庭镇御司的同章司使，除开个人的资质出众外，想必有一定的家世背景，不会没有这方面的见识。如此一来，结论就不难得出，必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让这位背景不浅的天之骄子不惜采取损害武道前景的方式。 也要强行拔高修为实力，也就是说，麻烦不小。陈木没有第一时间开口回答，沉吟片刻，他反问道：“不知秦司使所言及的有事相请，是以镇玉司司使之身份，还是以个人的名义？”秦青云眼神看向陈木，和他坦然对视，问道：“两者有何不同？”“很简单，镇玉司乃天子重器，地位超然。阁下既来自北庭镇玉司，权柄不可谓不重，人脉不可谓不广。若连北庭镇玉司都搞不定之事，我们两个势单力薄的江湖人……” 想来也爱莫能助。那我若是以个人的名义呢？这就说明有某些原因致使镇玉司不好公然出面，至少不能大张旗鼓。那我和小和尚两个闲散之人，也许就能帮上一点小忙。秦青云闻言一笑，他嘴角有道伤疤，笑起来并不好看，但胜在真诚。我听明白了，道友是不想受镇玉司节制，也不想牵扯进官场纷争。既然如此，那我便以个人的名义与道友商谈便是。陈木点头，伸手前推，奉上一杯温茶。他喜欢和聪明人说话，省心也省力。 请讲。秦青云接过茶杯，轻轻抿了一口，似乎在组织语言。当他放下茶杯后，方才开口娓娓道来：三年前，北庭镇御司有一位银章司使查到线索，有一个邪派势力在上元郡地界活跃。这个势力深藏地下，行踪诡秘，且手段高明。绝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利用官府、豪绅、商贾、村贤等有名望之人帮他们做事。他们犯下罪孽无数，虽然明面上都粉饰了谋财、贪色等理由，但经过查核，最终我们可以认定。 他们的真实意图是以各种残酷手段摧残受害人意志，最终以怨气养鬼。镇玉司乃天子直力有扩清寰宇、匡谬正俗之责，岂能做事妖邪肆虐、图谋不轨？于是那位银章司使隐藏身份，暗中调查，最后查到了碑慈寺的头上。而他最后一次给北庭镇玉司寄回情报后，深入碑慈寺，从此销声匿迹，再无半点音讯。我为了寻找那位银章司使的行踪，亲身前来三关城，以北庭虎符。 调动当地镇御司与武侯不良人包围碑祠寺,寺，刮地三尺也没有找到任何关于那位营章司使的痕迹。一位权柄慎重的真髓境武者，就这么如同人间蒸发一样，在碑祠寺消失不见。每每想起来，我都感到毛骨悚然，不寒而栗。试问寻常百姓又能如何应对这样的可怕敌人？在那天之后，我就亲自驻扎在三关城，盯死此地的异动，想要找出那伙深藏地底的要挟势力。可从那一天开始，他们就像销声匿迹了一样，再也不见行踪。直到昨天。 碑慈寺变故，鬼王现身，我才能够确认那伙势力从未离开，只是变得更加谨慎隐秘，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暗中行动。说到这里，秦青云的脸上冷若冰霜，眸光闪烁着凌冽杀意。陈木与苦闻小和尚对视一眼，都看出对方眼中的凝重之色。真髓境的武者相当于金丹境的修为，而且是镇玉司经验丰富的刑侦高手，深谙伪装搏杀之道，竟然不声不响的消失在了碑慈寺内，连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 这潭浑水之深，超过了他们原本的想象。可以说，若没有三年前那位银章私使深入碑慈寺，惊动了幕后之人，导致对方提前出手，并在事后撤离，昨天他们大闹碑慈寺，只怕结果还真不好说。而陈木身边带着段轩，将来要面对的很可能是金丹境以上修为的邪修。不得不说，秦青云带来的情报对他而言十分重要。原本他埋下的后手，如今看来也变得不太保险了，还得要再想办法，增加几分胜算才好。 陈木的目光在苦闻小和尚的身上流转了一圈，然后重新回到秦青云身上。秦姑娘，我大概明白了你的来意。如果没猜错的话，阁下是想在我身上布局，引蛇出洞，钓出那幕后之人，对吗？没错，想必对道友而言，也不愿身上带着鬼王，还被一个来历不明的神秘邪修终日觊觎窥视吧？这位秦姑娘还真是半点亏都不愿吃呢。原本陈木话里话外都是他卖人情帮对方做饵的意思，且将秦司使的称呼改成了秦姑娘，强调是人情账。 却被秦青云以对他自身安危也有偌大帮助，给暗暗驳回。话说，鬼王是我在悲慈寺放出来的，还联手杀了空禅，你怎么就认定我和那神秘势力不是一伙的呢？空禅该杀，杀得好！秦青云先是怒骂一句，随即脸色恢复平静，说道：“我相信苦文法师，一个能在芒谷超度亡魂三年的善德高僧，绝不会和邪修联手饲养鬼王。”陈木笑着看了小和尚一眼，后者应了声阿弥陀佛。那么，秦司使，我只有最后一个问题了。 嗯，请讲。你说的那位银章司使姓甚名谁？和秦姑娘你又是什么关系？第六十一章，小僧悟了。自从入了伏魔寺后，一直能言善辩的秦青云第一次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他双唇紧抿，眸光悲伤，双手紧握拳头置于腿上。许久之后，他深呼吸一口气，缓缓说道：“那位银章司使名为秦凌霄，我的亲长兄。”陈木眼眸低垂，心中一叹。苦闻小和尚更是目露悲悯，双手合十。 道了声阿弥陀佛，他本想顺道说一句“施主节哀”，但转念想到那位银章司使只是失踪，并未确认死亡，因此及时制住，将后半句咽回了肚子。这位秦姑娘不惜代价驻扎在三关城内三年来毫无进展，却也没有半点气馁，更是在鬼王段轩现身后的第一时间找上门来，说明她从未放弃过希望，以极大的决心要找出当年真相。如此执着，想必是心中还存有一份微弱的希望。既然如此，有些话就不能不仔细斟酌，以免无意伤人。 两位，时辰不早了，我在镇玉司衙门还有事务要处置，就先行告退。过些时日，忙完手头事务，我再登门拜访。昨日悲刺寺发生那么大的事，涉及城中玄门，正是镇玉司职责范畴。无论是维持秩序、调查真相，还是向北庭汇报案情、做善后工作，只怕镇玉司接连好几日，每个人都会忙得不可开交。这种时候，秦青云能抽出小半个时辰，亲自来和陈木苦文交谈，已是极其不易，足见诚心。好，我送送秦姑娘。 行至寺庙大门，秦青云忽然停下了脚步，转身说道：“对了，还有一事，想要提醒道友。鬼王现身，城中数万百姓皆亲眼所见，流言不少。我可以左右镇御司决策，城中余下二十三家玄门也当知晓真相。然而沽名钓誉之徒不在少数，道友年少，也恐为人看轻。这些时日，怕是有挑是非之人会上门烦扰，还望道友小心应对。”陈木听懂了秦青云言下之意，不甚在意，反而笑着问道：“秦姑娘，想必吃了不少年少的亏。” 一个外地来的小姑娘拿着虎符，调动镇玉司和全城武侯不良人，包围佛门重地碑慈寺,寺，刮地三尺，却一无所获。这样一场失败的行动，怎么可能不引起非议？她今日以个人身份前来寻求帮助，有几分自愿，几分迫不得已，尚且难说。秦青云深深看了陈木一眼，不正面回应，只是执刀抱拳道：“两位保重，告辞。”等女子背影走远，苦闻小和尚才开口对陈木说道：“这位秦姑娘也是个可怜人，施主何必苦苦相逼，一步不让呢？” 却是在说陈木多次和秦青云言辞间针锋相对之事，陈木微微一笑，这世上啊，总是虚情假意之人多，说真话的人少，往往听的假话多了，也就信以为真。况且这位秦姑娘执念极深，只怕为了追寻幕后元凶，会不惜一切代价。她疯起来，连自己的武道前程都不顾，又何况你我两个陌生之人？这时候功利一点，冷漠刻薄一点，把双方合作的界限划清楚，亮出招子和尖刺，总好过将来被人被刺一刀，从伙伴变成仇人，互相不死不休要好。小和尚。 你觉得呢？苦闻小和尚陷入沉思，陈木拍了拍对方的肩膀，先行一步返回禅房，留下小和尚一个人立在寺门的身影，久久未曾迈步。陈施主，小僧悟了。小和尚，你悟什么了？善之为善，思不善已。有无之相生，难易之相成，长短之相形，高下之相迎，音声之相和，先后之相随，恒也。别念经，说人话。小僧是说，善并非是单一的善，它不是一成不变的。今日对一人之善举。 明日就可能是对另一人之恶行，故佛以四法辨识众生：曰生欢喜意、生善意、灭恶意、顺理意。陈木还是没有听懂，但他阅历丰富，也没让苦文看出来，只是称赞道：“小和尚聪慧。”和陈施主相比，小僧的境界还是差太远了。我只是领悟，而施主早已践行。若论境界，只怕你我都不能和此间伏魔寺的智空方丈相比。方才有法师传话，说智空方丈已醒，且去听听长者有何赐教。两人来到智空方丈居所。 守门的僧人通传一声，便领着两人进门。躺在床榻上的智空面容枯槁，气若游丝，脸上是半点血色也无，在弟子的服侍下，颤颤巍巍的小口喝着白粥，引得一众弟子僧人是落泪不已。见陈木和苦文进来，智空方丈也不喝粥了，示意所有弟子离去，禅房内只留下他们三人。两位小友，老衲智空已是苟延残喘之人，病入膏肓，不能起身相迎，还望见谅。智空上师客气，能在贵寺求得一处落脚之地，已是感恩不尽。 怎敢劳驾长者相迎？您且躺好，我们站在他前倾听便是。唉，都是好孩子，我佛慈悲，于劫难之时，幸有两位小友出现，挽狂澜于既倒。智空上师似乎对悲慈寺空禅妖僧的图谋有所了解。阿弥陀佛，说来惭愧，七百年前，伏魔寺与悲慈寺本是一脉同源，乃同年立寺，两派开山祖师情同手足，亲密无间。又是一个沉默多方打听也不曾听到的秘闻，在昨天之前。 三观城内的玄门格局是悲慈寺一家独大，而伏魔寺仅靠一位制空方丈苦苦支撑，实力威望都属于玄门垫底行列。而两寺庙不和，悲慈寺对伏魔寺多有打压，也是全城皆知的事情。殊不知，两座寺庙七百年前竟然还有此等深厚渊源。制空方丈继续说道：“伏魔寺与悲慈寺两派祖师都是自一佛窟内悟得真经，开宗立派，然后走上不同的道路。我伏魔寺以苦修为真谛，弟子贵精不贵多，考核严格，不求于外物。” 而悲慈寺则认为，当大开山门，广纳信徒，遍施佛法，但时有向佛之心者，有教无类，以显佛陀慈悲为怀。数百年来，两寺虽观念不同，却也相互扶持印证。伏魔寺诛灭妖邪，悲慈寺度化苍生，又起手说服城中玄门，举行驱邪法会，联手为苍生谋取福祉，不失玄门恩惠。然而，这一切都在空禅上任后的数十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第六十二章，密钥，结交权贵，贿赂官吏，以求子之名。 祸害良家女子，以赐福之由巧夺百姓家财。我从未想过碑慈寺会变成这副模样。当年空禅被他师父清寻上师收养时，性格温和，聪慧过人，三岁能读经，九岁即可变识寺内的所有僧人，佛法悟性惊人。登上方丈之位的早期，他也是谦逊有礼，一如既往。通过机敏的智慧、灵巧的手段，将碑慈寺的影响力扩大了何止数倍。老衲怎么也想不通，那么一位佛法高深的空禅，怎么会在悄无声息之间，内心完全变了模样？ 回想起来，可能诸般变化的端倪都已在二十年前的那桩事情后就已经埋下。可嗨嗨，智空忽然发出一阵剧烈咳嗽，苦闻小和尚连忙上前搀扶，运功帮他调理气脉。上师慢点说，不急的，你的身体如今太过孱弱，不宜急躁动怒。智空却是摇了摇头，喘气道：“无妨，老衲性命不足惜，只恨二十年前没有及时发现蛛丝马迹，铸成大错。”二十年前，陈木问道：“是，如今回想起来。” 一切的端倪，当发生在二十年前的那桩事情上。数百年来，伏魔与悲慈两派各有侧重。伏魔寺弟子善斗法，没有妖邪作祟，必冲锋在前，涤荡邪祟；而悲慈寺则是着重度化百姓，传送佛音，遍施佛法。因此，二十年前，空禅亲自登门，以修缮佛窟为由，借走密钥。老衲也不曾在意，便给予了他密钥。陈木再问：佛窟重地，有真经刻在石壁之上，若让萧小夺走，后果不堪设想。 因此，两寺祖师联手在佛窟入口立下禁制，唯有双方各持密钥打开禁制，方可入内。二十年前，空禅借走密钥，便将佛窟封锁，多年都不曾归还。老衲也从那时起，再未踏入佛窟半步。而在那之后，诸多诡谲之事降临在伏魔寺内，老衲数名衣钵弟子因故身亡，就连老衲本人也是在一次伏魔事件之中身受重伤，从欲界定心境跌回系心柱。与此同时，空禅则是修为突飞猛进，且掌握了诸多过往未曾见过的佛法神通。 等老衲回过神来，察觉其中有一点重重之时，已经回天乏术。再后来，空禅彻底和老衲撕破脸，密钥不再归还，悲慈寺更是对伏魔寺诸多打压。但即便如此，老衲也只当是空禅野心膨胀，等他有迷途知返的那一天。不曾想，他竟是彻底堕入魔道，竟在驱邪法会上妄图献祭数万百姓的寿元，助他破镜，疯狂至此。幸亏有两位小友出手相助，制止了空禅阴谋，挽救性命无数。老衲代三关城百姓拜谢两位大恩。言罢。 智空方丈竟是欲翻身下床，行跪拜大礼。苦文想都没想，就将他按住，稳在榻上。上师折杀我俩了，千万不可如此。陈木出言劝住了智空的举动。两位小友，老衲这一拜，并非是全为了感恩，更是有一部情之请，厚着脸皮想要祈求两位答应。上师请讲。如今空禅已死，想必那两把密钥都还留在悲慈寺内。老衲想请两位夺回密钥，前往佛窟一探究竟。没等两人回应，智空方丈继续道：“老衲情知此行吉凶难测。” 愿以伏魔寺七百年底蕴倾囊相赠，但凡两位小友有看上眼的法器、佛宝，寺中一应珍藏、真经、功法等等，可自取也。陈木和苦文对视一眼，都能看出至空之决然。一座存在了七百年历史的玄门寺庙，别看如今式微，却依然有其底蕴所在。制空方丈的这句承诺，基本等同于将伏魔寺拱手相赠。对于很多散修而言，这无疑于是一步登天的绝佳机会，从此解决没有跟脚洞府的困扰。 直接坐拥宝山，还能收获一份长期稳定的香火修行资粮，相当于凡俗山林里的猎户，原本靠亲自进山打猎为生，朝不保夕，每日的进项都要看命数如何。忽然天降机缘，一夜之间变成了某座村庄的主人，拥有大量屋舍、田地、池塘各类物资，从此可以过上雇人耕地捕鱼、做收田赋粮税之力的富贵生活，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生活。只是面对此等重力诱惑，沉木与苦闻的眼神里都不见有半点贪念欲望。制空上师。 不知那密钥是何形制，佛窟又位于何处？陈木问道。他虽不贪图伏魔寺的佛宝法器，却对制空方丈口中的佛窟深感兴趣。毕竟是答应了秦青云要联手揪出饲养鬼王的幕后邪修，有此等重要的线索，当然不能错过。空禅握有佛窟这个隐秘之所，失踪的秦凌霄也许就在佛窟内留下过什么痕迹，也说不定。除此之外，佛窟一行未尝不是一个引蛇出洞的绝好机会。即使抛开这些不提，到底是什么样的佛窟？ 能够诞生两个绵延七百年香火寺庙的开山祖师，若有机会，陈木也想去见识一番。师傅常言道：“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陈木深以为然。他既然不愿躲在深山里埋头苦修，入这凶恶的红尘道，自然要看遍路上风景，哪怕最后陨于因果杀劫，也算是不枉来世间行走一趟。智空见两人眼神清澈，不存半点欲念，也不知是悲是喜，只是心中叹息，说道：“我伏魔寺的秘钥是一柄金刚降魔杵，长十二指，一端是九股金刚杵。” 另一端为三棱尖之状，中段有三个佛像头为柄，一座孝状，一座怒状,一座状，一座骂状。两位可持老衲念珠前去，若接近金刚降魔杵三丈范围内，当有感应。碑瓷寺的密钥是一副金刚铃，一端形制同样是九股金刚杵下垂同铸圆口铃铛，外形四中表面刻有菩萨飞天之像。集齐两个密钥，可前往芒谷内的一处地界，开启佛窟禁制。具体方位，我已画在此鱼图之上，交于两位小友。陈木接过鱼图，展开一看。 只见这是一份上元郡的详细余图，在芒古地界内用朱漆圈出一个方位，正是那佛窟所在之地。只是那朱漆标注出来的方位，不知为何，陈木竟有种隐隐的熟悉之感。第六十三章修行。入夜，陈木于禅房内打坐，炼化真元，巩固增长的飞快的修为。对寻常修士而言，上清宗灵剑峰乃得天独厚之修行圣地，灵力精纯庞大，吸纳吞吐,吐事半功倍。但陈木是个例外，他走的是红尘道，练的功法。 也是师傅德阳子自创的红尘玄功，别人修炼是吞吐天地灵气，去无存经化作无暇真元，储存于体内丹田气海，以此增长修为，生怕惹上世俗是非，红尘业火缠身，引来因果杀劫，陨于天道无情。可陈木偏偏相反，是主动接纳红尘业火，化为红尘真元，引为己用。好处是，他对真元的精纯度要求不高，在哪里都可以修行，无需讲究洞天福地，反而是在市井之中，修为增长更快。 而且一身真元自带红尘节气，与敌斗法，每每能以红尘节气侵染对手真元，形同用毒。但坏处更多。首先毒人先毒己，他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去操纵并不精纯的真元，调动起来也更为艰难。除此之外，这条路等同于走进了死胡同。想要增长修为，就必须要吸纳更多的红尘节气，而红尘节气越多，将来的因果杀劫也就越盛。道高一尺磨，魔高一丈。每日精进一点修为，就等同于把悬在自身头顶上的利刃磨得锋利三分。总有一天。 会自取灭亡，但是这种每日走向更深层绝望的折磨，就非一般人的心性能够承受。而陈木安之若素，纵厉鬼斩妖道，闹悲慈寺，剑杀空禅，下山以来的一桩桩事迹，都是红尘玄功的上佳时耳。因此，陈木的修为也是增长极快，几乎可以说是一日千里，比他在林剑峰沉睡了一年都增益更大。因此，他对苦文小和尚说的话，并非虚假。趟浑水就是他自身的修行，在作死的道路上一路狂奔不止。 但因果杀劫还在遥远的未来，眼前沉木却有一个即将要面对的问题，不得不应，那便是冲击金丹境。修道的前三个境界分别是炼气、筑基、金丹。炼气最是简单，只需要有修行资质，获得修行功法即可，是将天地灵气转化为体内真元的过程。效率越高，真元越庞大，修为就越高。等真元庞大到了一定程度，且足够凝实后，就可以冲击筑基境，在丹田处开辟气海，将原本如溪水般潺潺流动的真元化作汪洋大海。 从此之后，无论是体内可以储存的真元数量，还是可以释放调动的真元威能，都比炼气境高了不止十个层次。是以每次破境都是一次质的飞跃，对修行者而言，等同于迈入了一片全新的天地。而等到气海扩张膨胀到连丹田也无法再继续容纳之时，便需要返璞归真，将已经如汪洋大海般的气海重新凝炼，化作金丹，从此全身凝聚如一，浑然不漏。释放一指真元的威力，可比筑基境释放百指之威。到了冲击金丹境这个阶段。 就能体现出上清宗修出世之道练无暇真元的好处了。因为无暇真元最为纯粹，杂质不存，所以将庞大气海内的真元凝练成金丹时，阻碍最少，成功的几率也是最大。相反，像某些功法会给真元附加诸如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力，又或者像红尘玄功这种练出红尘真元的修士，虽然在筑基境时期拥有更强大的杀伤力，但在冲击金丹境时，难度却也不知道提高了多少倍。越是庞杂的真元，要修成无漏金丹就越是困难。 如今陈木虽然是迈入了筑基境，没有两年，还在扩张体内丹田气海的阶段，但若是不注意对体内红尘真元的掌控，提前为了金丹境做准备的话，只怕届时会被卡在这个瓶颈，徒劳耗费百年光阴都不出奇。若非是破境艰难，空禅也不至于动了歪脑筋，想要借外力凝聚佛陀金身，这多少是借鉴了修道者成就外丹的方法，犹如饮鸩止渴，智者不取。但话说回来，修士到了一定的寿数，眼看着身体在走向衰老死亡，而境界不能寸进，对心态的考验是巨大的。病急乱投医。 在很多时候，人们做事考虑的已经不是长远与否了，当前的难关能否度过才是关键。哪怕是饮鸩止渴、竭泽而渔，也总比第二天就死去要好上太多。陈穆若不想在将来冲击金丹境之时面临和空禅一样紧迫的局面，就必须提前准备，每日苦修不辍，以便适应和掌控红尘真元。这是一个铁杵磨成针的慢工细活，急不来也懈怠不得。他就如同在一条湍急激流上泛舟的艄公，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稍有不慎，就会被卷入湍急的激流之中，被两岸礁石拍打得粉身碎骨，死无全尸。但就在静修之时，忽然陈木却睁开了眼睛，看向了禅房门外，有客来访。陈木本就是这悬衣打坐，没有换衣裳。察觉门外契机后，他直接掐了个法诀。原本独自在房间角落里自娱自乐的先天之灵渊，被封印成剑侠形态，伸手一招，就乖巧落在了陈木背上，推门而出。伏魔寺万籁俱寂，浓雾笼罩下，月光也难以投到院落之中。 因此显得昏暗，而比夜色更深沉的是来者眼前覆起的一条黑布，将对方的眼睛完全挡住，不可视物。阁下是？陈木开口问道，却已是认出此人身份。卑慈寺召开驱邪法会，一共邀请了包括空禅在内的三十位上师列席而坐。除了城中二十四家寺庙道观外，还有六个席位是留给了兼备修为与名望的散修落座，其中就包括了死去的神虚子。可能是为了脸面，在神虚子死后，空禅不知从哪里找了个道人坐到神虚子的坐席上。 滥竽充数，陈木也懒得去管。但除了那个假的神虚子外，其余五个席位的散修，陈木记得最低都是炼气七重以上的修士，更有两个筑基高手。眼前的这位盲人剑客就是其中之一。在下燕温，一介散修，见过道友。盲人剑客一身灰色布衣，这草鞋，头上别了根木髻，衣着朴素，却有股凌冽之气，如见锋芒。第六十四章，盲剑客，在下陈木，见过道友。盲剑客燕温抚摸着手中的铁剑。 缓缓开口道：“其实，在驱邪法会上，我与道友便有过一面之缘。只是我受困于空禅妖僧的阵法，不能出剑相助道友，甚是遗憾。没关系，我一个人也足够了。只是不知道有今夜冒昧前来，所谓何事？”陈木虽是笑着说话，可言辞带刺，扎得燕温一阵沉默。在下为鬼王而来。哦，虽然空禅妖僧有错在先，行不义之举，但道友与鬼王联手斩杀空禅之事也是属实。如今鬼王尚未伏诛，在下。 放心不下，道友是镇御司之人，掌刑案之责。陈木眸光微冷，嘴角隐有讥讽之意。燕温摇摇头道：“非也，那道友可是有亲近熟人之人被鬼王所伤？”陈木再问，燕温依然摇头：“没有，既非职责所在，也非私下仇怨。道友于情于理，似乎都没有深夜登门问责的权利，然否？然也。但在下从出生之日起便目不能视，在三关城内吃百家饭长大，早已视三关城为家，视城中百姓为亲。” 断不能容许于此混乱之际，放任一鬼王潜伏在城中不管。你觉得你比坐拥地利的空禅妖僧更强，能诛杀鬼王不成？不能。那你可知，我既能与鬼王联手斩杀空禅，今夜杀你亦是不难。我知，既然知道，为何还敢独自一人前来？我被修士，总有一些事情当比死生更重，意直所在，则为道也。何以牺牲？你是说三关城就是你的道？城池乃是死物，如何能成道？在下的道。 不在于这座城池，而在于守护这座城中的百姓，死都不怕，死不足惜。陈木闻言略微诧异，抬头看向对面，眸中敌意稍稍退却。他早些时候得秦青云提醒，知道这三关城内有人盯上了自己，暗流汹涌。本以为这个盲剑客就是上门找麻烦之人，如今看来却可能是他想偏了。就连坐镇卑辞寺布下了诸多禁制陷阱、坐拥主场之力的空禅都被斩杀当场。稍微智商正常的阴谋者。 只怕都不会再傻乎乎的一个人就杀上门来，唯有不图名利之人，有可能会做出这种不被理解的傻事。唯一之所在，死不足惜。对这样的人，陈木反而生不出冰冷杀意。他平静问道：“那你待如何？”在下不才，因目盲不能视物，却练就一副好耳力，可凭贱鸣之声断善恶、晓是非。故时夜前来，请道友出见。陈木闻言若有所思。他听师父说过，世上有一人，总能天生便觉醒一些独特的天赋，非神通道法。 却也玄妙无穷，比如他自己的清澈玲珑心就是其中之一。而眼前这位名为燕温的盲剑客，似乎也有同样的推断善恶本领，只不过需要通过剑鸣之音方能辨别。所以是来试我的。若是他沉木没有恶意，鬼王在他的制衡下，满城百姓可暂时无忧；而若他沉木是作恶之人，鬼王在他手上，则是一个巨大隐患，不得不除。而这番试探的代价，很有可能是要付出盲剑客自己的性命。燕温对此心知肚明。 却依然执着登门。陈木深深看了王剑客一眼，他眸光一转，开口道：“既然道友有此等本领，何须出剑？且听剑鸣便是。”也不见陈木有什么动作，就见一道剑光从身后剑匣内飞驰而出。王剑客燕温刚要出剑接招，却在掌心握住剑柄之时停下了动作，因为他能听懂剑鸣之意。对面的那道剑光没有敌意，更没有杀意，而且哪怕不能目视，他似乎也能看见那柄剑的形状。那是一柄长一尺有三。 两指半宽，剑身满是菱形暗花纹，剑格正反面分别镶嵌蓝色琉璃和绿松石的华贵长剑，寒光耀目。但比起剑的华丽形制，他更在意的却是他通过剑鸣听取到的剑之意志：守正，大义，弘道。这是一柄正道堂皇之剑，历经千年沧桑而不改其意，哪怕千锤百炼而不屈其志。是名，纯君，能执掌此剑或纯君剑灵认可者，必不可能为妖邪之辈。这是燕温从剑鸣之音中听到的讯息。 他因天生残缺，目不能视，从小就经历诸多磨难痛楚，使小人心险恶，因此他从不去听别人说什么，也不去探问别人所做之事。他燕温只认剑名，而纯君剑名是他今夜听见的最好答案。于是，盲剑客握持铁剑，忽然张开左手掌心，锋利的剑刃从自己的掌心狠狠划过，顿时鲜血如注，流满了整个手掌。你这是？陈木皱起眉头，不解望向燕温。盲剑客脸上露出一抹惭愧之意，平静道：“深夜上门叨扰。” 是在下冒昧不敬，既然道友已自证清白，在下又怎能装作无事发生，转身离去？这自残一剑，便是我的歉意。若道友觉得不够，可再对我刺出一剑。燕温发誓，绝对不躲不避，以供道友泄愤。真是个怪人。陈木嘴角微微一抽，他很难理解燕温的想法，却知道这大概不是个恶人。你走吧，我有点乏了。陈木摆摆手道。燕温也不顾手掌伤势，双手执剑抱拳，转身就往寺门行去。但走了两步，他又停下。 背对陈木说道：“在下还有一事要提醒道友，我今夜前来是受人所托。今夜道友想要入眠，只怕不易。”陈木原本已经转身，打着哈欠，准备回禅房歇息。听闻燕温提醒，眸光一凝，嘴角微微勾起，透出一股冷意。“我有个不好的习惯，好梦中杀人。若有不怕者，只管来便是了。”燕温闻言，稍微驻足，停顿了半晌，然后轻轻叹息一声，迈步走出了寺门。陈施主，发生了何事？你在院子里和谁说话？”苦闻小和尚揉着惺忪睡眼。 推门而出，他有早起诵经的习惯，因此睡得也早。没事，小和尚，一位故人来访，我给他打发走了。打发？故人？去去去，小小年纪，好奇心不要太重，回禅房睡你的觉去。我年纪可比你更大。苦闻小和尚低声嘀咕了一句，见陈木还立在庭院之中，好奇道：“你不回房里睡觉？今晚夜色不错，我去屋顶看看风景，晚些时候再回房间。”苦闻小和尚抬头看向天空，只见灰蒙蒙一片，半点月色星辉也无，哪里有什么夜色可言？ 第六十五章，东瀛子，师尊，弟子守在门外，亲眼看见燕温离开了伏魔寺，可有发生争斗？弟子不敢靠得太近，但想来必然是有发生过争斗的。燕温伤了左手，出来的时候还血流不止，只伤了一只手，身上没有其他伤势。是，弟子看得清楚，只有手掌受伤，且应该只是皮肉伤，不算严重。好，你先下去吧。为师知道了。等弟子退到堂外，端坐手座上的道人方才望向四周，朗声一笑，哈哈。 诸位，贫道说的没错吧？强龙不压地头蛇。那玄衣少年本领再大，也是势单力薄。斩杀空蝉，他尚且师出有名，但又怎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和我们这些当地玄门正派发生冲突？那燕温何许人也？性格执拗古怪，做事一根筋，不懂变通。我以大义为名，使他做先锋，就是为了探一探那少年的根底。结果已经很明显了。即使是燕温一个散修，他都只敢轻伤驱逐。我和诸位结成同盟，联手上门，重压之下，那少年岂有不屈服之理？难不成？ 他真敢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三关城内的玄门势力。说话的道人披头散发，眼圈黝黑，一身墨色道袍松松垮垮，没有半点仙家气象。但在场众人却都不敢小觑此人，因为放眼三关城上下，除却少数几位已经修成筑基和细心筑境界的观主方丈外，就属此人修为最高。此人乃散修出身，自号东瀛子，平日里喜欢窝在三关城东北三十里外的东宫山修行。听闻那山上的一十六路悍匪，通通都奉此道人为首领，是个心狠手辣。 无恶不作之徒，往届的驱邪法会都没有此道人参与的份，甚至有一年差点以打杀此辽为法会的首善之功。只是后来走漏了风声，在一众高僧道长赶到前，这东瀛子就早已经消失无踪。今年却是空禅力排众议，以招安为名，将东瀛子邀请来做上师席位。东瀛子也是一改往日凶恶作风，在城中搭了几处粥棚，救济穷人，积攒了一定名望。如今空禅身死，智空重伤，没了这两位过往城内公认佛法最高深的高僧制衡。 东营子的地位自然就水涨船高，以至于他广散请帖，城中二十四家玄门，除开碑祠、伏魔两寺以及少数有底蕴古气的今年玄门外，半数都云集在了韩府之中，说是个小型的驱邪法会都不为过。顺带一提，自从碑祠寺变故后，这个东瀛子就自诩神虚子师兄的身份来到了韩府，堂而皇之成为了韩府的新主人。而韩府刚经历巨大变故，神虚子、韩琦、方夫人相继身亡，正是群龙无首、彷徨混乱之际，面对一位筑基上修的威胁。 当真是无半点反抗的余地，就连韩琦的庶民美妾，昨夜都轮流进了东瀛子的寝室伺候，整个韩府彻底沦为了东瀛子的附庸。志得意满，东瀛子眼下的打算也是路人皆知，无非是想趁着制空方丈重伤未愈，侵占伏魔寺这座七百年寺庙的底蕴，借此完成身份上的蜕变。要真让他计谋得逞，也许在将来三关城内会多出一个法号东瀛的酒肉僧人也说不定。毫无疑问。 如今驻扎在伏魔寺内的少年剑修与小沙弥，就是东瀛子的眼中钉肉中刺，必须要除之而后快。这样吧，如今恰逢大变，驱邪法会名存实亡，成立一个新的玄门同盟迫在眉睫。贫道遇见了一个玄社，号群仙盟，由在座各个玄门为骨干，携手互助，匡扶正义。贫道不才，空有一身境界修为，却无大志，就厚颜自荐为群仙盟盟主，但只占个虚名，具体盟中事务依然由诸位共商决定。各位意下如何？堂内众人面面相觑。 却只以沉默应对。此间宾客绝大部分都不是城中玄门的方丈观主，而是首座堂主之类的副手前来应对。本想敷衍附和一二，免得东瀛子这个筑基散修发疯，好让各大玄门争分夺秒去掠取碑慈寺留下的玄门遗产，同时将东瀛子这个变数暗暗排除在利益集团之外。伏魔寺也不过是众玄门抛出的骨头，好叫东瀛子这条野狗去咬，不至于让他坏了大事而已。没想到这位竟然胃口这么大，开口就是成立个什么群仙盟。 还要亲自担当盟主之位，他们如何感应下来？东瀛子见在座众人沉默，顿时阴沉下脸色。他伸手一指，对准左侧坐席中的一人，开口道：“林堂主，你此番代表白云观来此，不知有何高见呢？”那位被他提问的林堂主神色挣扎，只是拱手道：“东瀛子前辈见谅，在下不过是白云观区区一名堂主，岂能私下决定宗门大事？不若等在下将前辈的建议回头禀告观主，再答复前辈，如何？此计甚妙。” 其中不少人都试图出言附和，赞同此意。偏偏东影子抢先开口，阴恻恻道：“我东影子发请帖，可是指明要能画事的人前来赴宴。林堂主既然不能做主，那么此间宴席也容不下阁下了。”林堂主先是神色一清，随即脸色大变，他露出警惕神情，抬头却见一道黑影朝他奔袭而来，如蛇出洞。到眼前才发现是一条漆黑的长鞭，吃在了他的胸膛。噗！林堂主整个人瞬间被抽飞，撞出门外，在半空吐出一口鲜血。 化作滴滴雪花，洒落在席上的菜肴之上，然后就看见灵堂主的身体倒在门外，再也没有半点动弹迹象。一个练气五层的堂主就这样被轻松拿捏，一击身亡。见状，屋内所有人的目光都带上惊悸，心中骇然。东瀛子目光扫了一圈，笑着问道：“方才本座的提议，可有人心存异议？”一时间，众人噤若寒蝉，生怕成为东瀛子下一个提问的对象。但东瀛子此时却没有继续点名，而是举起酒樽，笑道：“既然诸位都没有异议。” 那么此事就这般定下了。今夜是群仙盟成立的第一日，当有盛世为此祝贺。听闻鬼王就在伏魔寺内，群仙盟众人听令，立即随本座出发，驱逐鬼王，还三观城一片清净祥宁。同意。至此，席间众人唯有端起案上酒尊，呼应东瀛子之举动。只是每个人的酒樽之中都泛起丝丝血红，如浓墨不散，掺杂着腥臭之味。灵堂主的血被一口喝下。第六十六章，还我伏魔寺近在眼前。 偏僻的寺庙此刻一片寂静，像是一只熟睡的黄犬匍匐在地上。但东瀛子的眼神却在逐渐变得火热。想要在三关城内掌权，无非是集齐三样东西：实力、地盘、名望。实力，他东瀛子不缺，筑基境的修为，不说小小三关城，即使放眼天下，都是能在任何州界郡城获得一席之地的不俗战力。地盘近在眼前，他知道伏魔寺是城中玄门给他抛出来的骨头，而且即使是这么一块骨头。 也都是看在有两个外修在此是硬骨头，才会给他东瀛子去啃。但他不在乎，他一生都在杀人越货，修行功法是从一个重伤修士身上抢来的，修行资粮是占山为王掠夺来的，早已习惯了刀尖舔血的滋味，且乐在其中。燕温是不是一块硬骨头？对城内绝大多数的玄门而言，盲剑客就是他们最厌烦接触的存在，不懂变通，不会妥协，不讲道理，做事只凭那狗屁贱民之声，简直是榆木脑壳，冥顽不化。但他东瀛子却是其为先锋大将。 还不费一金一钱，他最喜欢这种充满莫名正义感和使命感之人，只需花言巧语就能使之出力卖命。人都是有弱点的，只要掌握其弱点，就能被玩弄利用。他相信今夜伏魔寺内的两个少年也不例外，不过两黄毛小儿罢了。当然，今夜之事，所谓的群仙盟压根派不上用场，但他也不在乎。他东瀛子所求的，无非是今夜这些人站在他身后，为他壮声威而已。只需唬住那少年剑修即可。况且他所图甚远。 既然那些贪婪的玄门上师想要将他打发排挤在利益之外，他早晚会让那些人后悔今天的决定。他们以为派些无关紧要之人赴宴就能满足他东瀛子面子上的需要，殊不知他东瀛子从来都不在乎脸面，他只要李子。群仙盟就是他为今后夺取权柄种下的种子，等将来开花结果，他连最缺的名望短板也终将被补上。一切都在计划之中。东瀛子停下脚步，转身回望，从袍中掏出几面小旗，五颜六色，有光彩流转。 诸位，这是天风双杀阵阵旗，有劳诸位依照天地风雨日月云雪霜的方位，各持阵旗为阵眼，替本座压阵。一众玄门中人不敢推辞，只好纷纷领了阵旗，又听了道人指点，这才各自远遁而去。东瀛子见状，微微一笑。他看似凶狠莽撞，实则心思缜密。即使有燕温识出了那少年剑修的底细，也不愿冒险妄动。先在伏魔寺外布下这套威力巨大的天风双杀阵，当可保万无一失。 但就在此时，只听见一阵阵惨叫声传来。东营子诧异抬头，却见那一个个领了阵旗的玄门修士，还未到达指定方位，就纷纷从半空坠落。而后才见一道飘忽剑芒掠走了他分发下去的八面阵旗，然后落在一名玄衣少年之手。威力巨大的天风双杀阵还未布下，一共九面阵旗就只剩下核心的天字阵旗还掌握在他手中，再想布阵已是妄想。东营子的脸色一下子变得铁青。他这人虽富有心机，却有一个天生的缺陷。 难以克制，那便是见不得有人抢走自己的东西。每次有财产上的损失，他都会暴怒如雷，甚至是丧失理智。天风双杀阵本就是他当年从那个重伤修士身上搜刮而来，这么多年都是他的杀手锏，哪容有失？东瀛子冷哼一声，飞上半空，来到伏魔寺上方。他这才看见那个悬疑少年，此时正以一个慵懒惬意的姿势，随意坐在大雄宝殿的屋顶之上，手中正把玩着他的八面阵旗。好个无赖少年，不宣而战，夺人法宝，你师承何处？ 本座少不得要去和你师长说道说道，请教一下做人做事的道理。东瀛子气得够呛，陈木玩他阵旗，比玩他女人都更让他心头滴血。女人如衣服，随时都能换，但阵旗法宝却是他安身立命的根本。被人碰上一下，他都要与那人拼命。但常年养成的职业习惯，还是让东瀛子决定在开战前打探一下对方的跟脚师门，免得惹上不该招惹的对象，再遭遇一次被玄门围剿的凶险局面。陈木端坐不动，只是轻轻抬眸，平静道：“不宣而战。” 也不知今夜是谁纠帮结伙，擅闯他人地盘，还好意思恶人先告状。听闻少年言语，那些被飞剑所伤、失了阵旗的修士，狼狈的回到东营子身后，低头不敢说话。的确，伏魔寺乃城中二十四玄门之一，那少年剑修更是斩杀空禅，对玄门有恩之人。无论东营子如何花言巧语，都不能掩饰今夜他们搞突袭不占理的事实。东营子脸上丝毫没有愧疚之色，见陈木不肯报出师门。 加上少年锁着那套玄色衣裳，看着也不似什么贵重货色。他内心对陈木玩弄阵旗的行为早已忍耐到了极限，还我什么？你手上的阵旗乃本座之物，还给我尚且还有回转的余地，不然本座即有十二玄门组建的群仙盟将与你不死不休。好呀，嗯，你要的话我还给你便是，不过得要你自己来取。陈木坐在屋顶，忽然指尖有一缕火焰冒出，烧在八面小旗身上，他竟是当场要以真元之力。 炼制着本属东瀛子的八面阵旗，与此同时，陈木还抬起头来，直视东瀛子的双眼，笑道：“不过，你得要抓紧时间了，不然等我炼制完成，这八面小旗就是我的了。”你找死！东瀛子目眦欲裂，原本心中的种种谋定，在这一刻都被他抛诸脑后。张扬道袍，祭出他的黑色长鞭法宝，在半空就往陈木身上鞭吃而去。而陈木一边手还在继续炼制阵旗，另一边手则是双指并拢，往上一抬。 顿时有一道血色剑芒从身后剑匣内飞出，迎着鞭影冲杀而去。第六十七章，怎么又来？东瀛子对他的法宝很有信心。黑色长鞭名为损元鞭，听名字一般般，实则妙用无穷。顾名思义，损元鞭，但凡能鞭笞接触到敌人身躯，即可损灭对方真元。比如早些时候那个白云观的灵堂主，练就一身不错的横练功夫，以真元覆盖体表进行防御，一般人打他就像挠痒痒似的，伤不到内在肉身分毫，却被一记损元鞭打了个措手不及。 直接殒命当场，纯粹是在功法上被天然克制，且这种克制关系对上世间绝大部分依赖真元之力的修士都能适用。损元鞭有两种形态，平日里是一根长三尺八寸九分长短的漆黑铁鞭，被他悬在腰间隐藏；而一旦以真元灌注，配上对应口诀，则能瞬间化作一根九节长鞭，最长能延伸至十丈开外，端是偷袭暗杀的利落兵器。这损元鞭同样是他抢来的，和他的功法、阵气来源皆是同一个人。东影子觉得。 这个被他害死的修士，只怕背景不凡，能拥有此等玄妙法宝。数十年来，他也一直小心翼翼，躲在山中闷头苦修，就是生怕被人察觉，引来祸事。不过，随着安稳修行了这么些年，他的警惕心也逐渐放下，不再像几年前一样，非生死关头坚决不肯动用法宝。但就是这么一件被东瀛子看得比什么都重的法宝，此刻竟然在对上那道猩红剑芒后，节节破碎。如果说损元鞭是一条漆黑毒蛇，那么猩红剑芒就像是以毒蛇为食的蛇蟒。 灵巧的身手让毒蛇根本无法对它形成有效的杀伤，而蛇盟的每次反击都落在毒蛇的要害关节部位，且凶狠利落，仿佛每一记利爪都精准落在长蛇七寸部位，不消太多功夫就彻底将长蛇撕成粉碎。这道猩红剑芒正是以嗜杀狠厉著称的绝世凶兵随血刃。东瀛子自认为背景不凡的损元鞭遇上这柄上古时期被魔道巨擘耀月星君亲手执掌的兵刃时，甚至连稍加抵抗的资格也无，就被斩断成数节，跌落一地。 怎么可能？东瀛子对眼前发生的一切不敢置信，但他没有时间来得及心疼。只见那道猩红剑芒摧毁了损元鞭后，在半空绕了个弯，掉头就朝他疾驰而来。东瀛子心头巨震，眼神惊骇，急忙掐了道法诀，在随雪刃杀到之前，身躯忽然化作一道黑色烟雾，消失在原地。等他再次现出身形时，已然回到了一众玄门修士身后，离开了伏魔寺的地界。慢着，且先住手！东瀛子急忙开口道：“经历了刚才几乎和鬼门关打了个照面的凶险经历。” 因法宝被夺而丧失的理智，又重新回到了东营子的脑子里。回到人群之中时，他才惊觉，原来自己的整个后背道袍都在瞬间湿透。好快的剑，好利的剑，好毒的剑！东营子眼神阴鸷，又惊又恨，抬头望向屋顶，却见那悬疑少年竟然连屁股都未曾挪动半寸，依然悠然的坐在正脊之上，指尖冒火炼制着他的阵旗。东瀛子牙龈都咬碎了，但先是失了阵旗，后又被毁了法宝，他一身修为。 如今连一半的战力都发挥不出，他心里明白自己断无可能是那少年剑修的对手，就不该来招惹这尊杀神。东影子心头懊恼，对那二十三家设计陷害他的寺庙道观愤懑不已。但事已至此，多想无益，未经之计，只好用他三寸不烂之舌来挽回损失。庶子下手好狠，你莫不成是想与三关城所有玄门正派为敌？他扯起大旗，先以身后一众玄门修士镇住对面的剑修，让其不敢轻举妄动。但陈木压根就不去接他的话。 只是淡淡低头看了他一眼，说道：“拿来。”东瀛子打死都想不到对面会传来这么两个字做回应，正在原地，拿来，拿什么？你手上的那个阵旗，拿来！东瀛子顿时气血上涌，差点憋出内伤。你不仅不还我阵旗，还要我将最后的一支旗亲手奉上，简直是欺人太甚！他刚要开口说话，就见那猩红剑芒划破夜空，直刺而来，停在了他眉心前方三寸不到的位置。这一次，剑芒速度之快。 让他连再次施展出黑色烟雾道术的机会都没有。拿来，陈木重复了说了一遍。他眸光清冷，表情平静，但偏偏面对少年这副没有半点威胁之意的面孔，东瀛子却只觉心脏跳动飞快，额头不断渗出冷汗。他隐约有种感觉，假使自己再多嘴乱说错一句话，停住在眉心前方的那柄剑将会毫不犹豫的刺入他的脑门。给东瀛子听话的奉上最后那面天字阵旗，猩红剑芒一掠，带着阵旗就飞回到陈木的手中。 随雪刃在半空兴奋雀跃，一股属于剑灵的意志传入陈木心中。我能吃了他吗？自从在斩下空禅妖僧头颅之后，随雪刃仿佛觉醒了某种隐藏极深的属性，对血雨杀戮的欲望变得异常强烈。虽然还不至于演变成为见人就想杀的程度，但每每在斗法过后，都难以压制内心杀戮的冲动。而这还是因为随雪刃内的剑灵是出生的剑灵，如同人类的婴儿时期。假使是当年耀月星君驾驭的前任剑灵，只怕陈木都不一定能压得住对方。 陈木摇摇头，将随血刃收回剑匣。他能允许麾下的十二柄名剑拥有一定的自主意志，但却不能容许他们超越自己的掌控。随血刃哪怕对杀戮的欲望再强烈，也必须要服从他的命令，这是剑修的根本，不容智慧。况且这东瀛子他还有用处，不能让随血刃这么简单就夺了性命。很好，现在你一个人进来，让其他人都散了吧。陈木继续说道。东瀛子眼神巨颤，在明知斗法不敌陈木之后，他唯一的依仗。 就是身后这群玄门修士了。若是让众修士散去，他将彻底沦为砧板上的鱼肉，只能任由对方处置。万万不可！东瀛子正欲开口争辩，忽然眉心位置又有冰冷之感传来。定睛一看，竟是一柄清末纤细之剑，悄无声息降临，停在了刚才随雪刃相同的位置。怎么又来一柄？还让不让人说话了？东瀛子欲哭无泪。第六十八章，瞎子误我。陈木把玩着九面小旗，饶有兴致。 他对外物的渴望向来不高，也许和师傅德阳子从小的培养有关。做的功课大多是散财布施的善举，久而久之，也就让陈木养成了注重自身内在、甚少依赖外物的习惯。特别是在剑池收获十二柄顶阶宝剑后，他更是几近无所求的状态。反正手上已经有最好的东西了，贪多必失，过犹不及。而且无论是林剑峰还是伏魔寺，虽然都摆出一副任君采撷的开放姿态，但陈木心里门清，世上哪有那么多无常之馈赠？一切皆暗中标注了价码。 一旦他接受林剑峰的修行资粮，就等同于承担起一名上清宗真传弟子的义务，来去不得自由。伏魔寺制空方丈的馈赠也同样如此。至少放眼当下，所谓的佛窟之行还在模棱两可之间。而一旦他在伏魔寺内取了任意藏品，这佛窟只怕是不去也得去了。但天风双杀阵不一样，一来这阵法和他十分匹配，原本要布下此阵需要有至少九名修士，各执天地风雨日月云雪双九面阵旗，分作阵眼。 才能完成，可他偏偏剑匣内就有整整十二柄宝剑，而且都是蕴养有剑灵的顶阶存在，完全可以凭借一己之力奋出九柄宝剑，各携阵旗去完成天风双杀阵的布置，且成型极快，又兼具隐蔽之效。面对强敌之时，也许能建奇功也说不定。最主要的是，拿这套天风双杀阵，全然不需要欠下人情，也无需担上什么责任，是少数能让陈木心动的宝物。东营子要知道陈木此刻内心的真实想法。 估计给他立长生牌、日夜问候的心思都有，交出来吧！陈木忽然开口道：“什什么？”东瀛子站在院落内，抬头仰望坐在屋顶上的陈木，感觉自己快疯掉了。那悬疑少年就像个披着人皮的恶鬼一样，每冒出来一句话，都能让他心肝一颤。这法阵的口诀和相应炼制法门，交出来。此时陈木已经通过简单的真元炼气之术，把东瀛子留在阵旗上的印记清除。但清除归清除，想要将阵旗用的顺手，还是得要配合相应的口诀和法门，才能如臂指使。 否则的话，就只能以高超的炼器手法，将原本锻造者留在阵旗中的禁制规则抹除掉，替换成一套新的禁制规则，才能达成同样的效果。以陈木目前粗浅的炼器水平，显然还不能完成这种高难度的任务。东瀛子尤为不甘，若真将绝要交出这套珍贵的阵旗就真成为他人之物了，和把自家娘子拱手相让有什么区别？小友，这口诀和法门何等珍贵，我都藏在了东宫山的洞府内，可容在下前去取来。东瀛子眸中金光一闪。 虽然可能性不大，但若少年真同意放他回洞府，那他就连夜带上这些年搜刮而来的财宝，远走高飞，先避开几年风头再说。阵旗暂时没了也就没了，只要炼制的法门没有被对方得到，将来未必没有物归原主的机会。退一万步说，即使陈木也跟着他去往东宫山洞府，也是一个摆脱前置的绝佳机会。以他的性格，怎么可能在卧榻之侧不埋下诸多陷阱后手？等到时返回自家地盘，总比留在伏魔寺任人宰割要强上太多。东瀛子心念急转。 很快就在腹中备好了两套说辞，无论陈木做哪个选择，他都有不少把握能够说服对方。别装了，东营子，东西就在你身上，我知道的。东营子闻言，一股寒意仿佛从骨髓里升腾而起，他猛地抬头，只见那少年剑修此时低下头来，双眸凝视于他身上，那双眸子漆黑深邃，仿佛有洞悉人心之能。在少年的注视之下，东营子有种身上不着寸缕般的不自在感，可他依然只当陈木是在使诈，笑着道：“小友莫要说笑，此等重要之物。” 真在洞府，我岂敢随身携带？东瀛子，你乃寡情少义之人，从未有知心好友，更无体贴道侣，向来独立独行。你除了自己，谁都不信。东宫山上皆是豺狼之辈，你的成道之基又怎会在外出洞府时放心留在手眼不能顾及之地？况且你如今修为已成筑基，乃方圆百里地界内道行最高者，又有法宝杀阵傍身，还有哪里能比得上你自身携带更为安全？东瀛子万万没想到，这个少年对他的了解竟然如此之深。我。 他张口欲言，却被陈木打断：“别挣扎了，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能辨别虚实。再给我耍小心眼，我就在你的脑门上给你开个天眼。”东瀛子此时一起，方才陈木那双动若观火的眸子，再加上时刻悬停在自己眉心前的那柄清墨长剑，终于是彻底认了命。他苦着脸，从袖袍暗囊里掏出一卷书页，摆放在剑上。成影剑转回陈木身边，让少年接过书页，又疏忽一下回到东瀛子的眉心之前。不至于，不至于。东瀛子苦笑连连。 见识到这把飞剑来去无踪的可怕速度，他现在是彻底熄灭了逃跑的心思，跑不掉，根本跑不掉。陈木坐在屋顶正脊上，打开书页看了几眼，便将视线投向东营子，眼神古怪。东营子如今是被陈木看怕了，急忙主动开口道：“我没做手脚，真的，根本来不及。”他说的是大实话。在来伏魔寺之前，他根本就想不到陈木竟然一言不发就直接出剑，破了他准备不好杀阵，在邪众施压对方的计谋，而后又根本不听他的道理。 只是蛮不讲理，将一把又一把的剑放在他眉心，还毁了他的法宝。东瀛子从记事那年起，就从来没有像今晚这样憋屈过。事到如今，他也看明白了，那燕温压根就没有和这少年交手，而是听了那狗屁贱名自残离去。而且在离开之前，只怕还给对方提了个醒，才会导致这少年早早埋伏在了屋顶，等他们自投罗网。好你个燕温，看似温吞固执，实则也是心里一肚子坏水，给他在这下了个套呢。瞎子误我。第六十九章。 井底之蛙，陈木那一眼倒不是要施压东瀛子，他也看出这道人真快被折磨疯了。几年前在南黄州宛城赈灾时，他就领悟出了这种手段，凭借手中道来的印信，哪管你底下小吏有何狡辩说辞，他只管以官印一力压下，强行命令开仓发粮。反正他本就不是官场中人，没有那么多规矩和顾虑，也不用去收拾首尾，只管完成最终目标即可。今夜也是如此，相同的手段，只不过这一次他以施压人的不再是道来的官印，而是手中的剑刃。 这是完全属于他自己的力量，但即便是陈木，在看到东瀛子呈上来的书页时，也不由得感慨一声：这次当年真是好运到。世间绝大部分的修行传承都有其隐秘的门道，或是以特殊的文字书写，或是在其上施加禁制，外人轻易不得见。最常见的就是孟云梅师姐给他的那枚玉简一样，将传承知识以神石刻入玉简之中，辅以开启秘法，只有两者齐全方可获得玉简中的内容。而东瀛子递上来的这张书页。 里面记载有关于天风双杀阵与损元鞭的相关知识，还有一份无名的修行功法。尽管都是以蝇头小字誊写，但也能辨认，给了普通人可以学习的机会。就像是上天抢着将一份入道机缘送到东瀛子的手上一样，这种运气，即使沉木也难免啧啧称奇。他粗略看过无名功法与损元鞭的相关，权当增长见识，没有投入太大关注。绝大部分的心神还是放在了天风双杀阵之上，稍微对应验证。 陈木就知晓这炼制之法的确没有被动过手脚，且从书页上的蝇头小字来看，也很难有被后来者修改涂抹的空间。但即便如此，陈木依然小心，一个又一个阵旗地炼制，可谓是一步一脚印，走得极其稳重。这一炼制就是整整一个时辰。陈木那边是专心致志，不觉光阴流逝，眉心一直悬停着剑锋的东瀛子，却是感觉度日如年。眼看着原本属于自己的阵旗被人当面霸占炼制，也就算了，毕竟有些事情刚发生时很难接受。 但慢慢的也能习惯，不再看重。真正让东瀛子心里煎熬的是，屋顶上的少年剑修到底是心存怎样的想法？为何将他晾在此地，不放也不杀？若是少年执意要杀他，哪怕明知不敌，他也是要做最后的挣扎反抗。这些年来，除了从那名死去修士身上掠来的遗产外，他也是多方收集，获得了不少修行秘法，其中不乏有那些自损三千的法门，施展出来，相信也是能给对面造成一定麻烦的。只是那种手段不用则已，用了。 几乎是自己必死的局面，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用来充当震慑对手的底牌，轻易不能翻开。问题是，这少年压根不听他要挟啊，这就很尴尬了。底牌不能轻易动用，动则身死，最好是能以此吓唬住对方。而想要吓唬住对手，就得先让对手知晓自己有强大的底牌。但对面根本不给他开口说话的机会，所以对手不知道自己有底牌。娘的！东营子从未设想过他有朝一日竟会面临这种窘迫处境，但他此时心底。 还存有一丝侥幸心理，既然对方还不急着动手杀他，估计也是有某些顾忌。难道说这少年是认得自己所修的功法与法宝杀阵，怀疑自己背后有师门传承，所以不敢痛下杀手？东瀛子的心思开始变得活跃起来，他越想越觉得有道理。虽然他过去一直自称是获得奇遇，梦中撞入仙人洞府才迈入修行的道路，可话毕竟谁都能说，真假难辨。若是这少年能认出天风双杀阵的根脚，会有所顾忌怀疑，也实属正常。 少年向他要走书页，很有可能就是在进一步确认这阵旗和书页的来历是否正当。如此一来，只要自己一口咬定这份传承是仙人所赐，并非是他趁人之危、杀人越货所得，那就能为自己挣得一线生机。东瀛子心头火热，又是一套完备的说辞，在心中酝酿好了副稿，只等少年开口向他询问书页的来历，他就能给自己套上一个也许是某位大宗长老于世间游历时收下的真传弟子之身份，使少年投鼠忌器，不敢妄动。机智如我。 除此之外，他还有一层倚仗，那便是少年此刻正在钻研的天风双杀阵。此阵之详解繁琐晦涩，犹如抽丝剥茧，需要极大的耐心与细心方可摸准吃透。除此之外，由于是多人配合使用的阵法，因此对阵眼的方位以及真元的协调极其讲究，不是多年研究、深谙此阵法精髓之人难以掌握。而眼下正有这么一位在此阵上花费了几年心血、有诸多心得门道的人近在眼前，正是在下。只要陈木开口请教。 他就能非常细心的给对方讲解，不消三年时间，保证能让对方熟练掌握此阵法详解。东瀛子眼巴巴的仰起头，望向屋顶少年，就等着对方出言相询。而就在此时，陈木似乎已经完成了对阵旗的全部炼制，他伸手一指，身后剑侠顿时有九剑齐出，各自掠过一面阵旗，飞散而去。枪枪枪！九柄剑齐齐落在东瀛子的四周，在道人惊骇的目光之中，顿时有清冷的双杀之气从阵中升腾而起，仅仅是道袍上沾染上丁点霜冻。 就让他有股冰寒刺骨之感，不仅神识上的反应变得缓慢，就连体内真元的调动也受到冰寒影响，变得迟滞。这可不正是他熟识的天风双杀阵？竟能如此之快就掌握此杀阵根本，而且无需多人操演配合，只需要九柄飞剑就能迅速布下此阵，完成对目标的束缚困杀。这是他东瀛子从未设想过的道路，何等恐怖的悟性！生平第一次，东瀛子发自内心对开始对一名修士感到畏惧，如同井底之蛙，初次跳出狭窄的井口。 看见更为广阔的天地，原来世上真有精彩绝艳的修行天才，仅需一个时辰的苦修，就可抵他十多年的刻苦钻研。东瀛子眼眸内的神采一下子变得灰暗下来。第七十章合作。就在东瀛子道心动摇之际，一位不速之客却于此时到来。秦青云一身漆黑麒麟服，威风凛凛，只是身上带着血迹，风尘仆仆，迈入伏魔寺。月夜岩上读书，陈道友好兴致。陈木见秦青云到来，丝毫不觉意外，他收起书页。 微微一笑，不过是猎奇罢了，倒是让道友见笑。天风双杀阵乃东瀛子之杀招，他每年都要培养八名弟子，和他演练此阵，却又会在第二年将这八人杀死，换上另外一批，以确保没有叛徒能祸害自己。听到秦青云这番话，东瀛子是真惊了。这是他在东宫山内最大的秘密，外人只知晓他有八名真传弟子，被授予阵法真解，坐镇东宫山洞府。只是先有人知，他的八名弟子每年都会更换，永远并非同一批人。此等绝密之事。 眼前的镇玉司女子如何得知？难不成一道惊雷在东瀛子的心中炸响？他对秦青云怒目而视，咬牙道：“你趁我不在，带兵侵入了我的洞府。”他终于知道秦青云身上的血迹是从何处来了。原来陈木和这个女人早有勾搭，之所以将自己困在伏魔寺内，不杀也不放，就是为了给镇玉司拖延时间，好抄了自己老巢。何等歹毒！东瀛子牙龈都要咬碎，瞬间将今夜的所有事件串联起来。 燕温深夜入伏魔寺，乃一举两得之计。若陈木为恶，他则以命死谏，还三关城百姓一份恩情；可若探知陈木并非恶人，他则反手给东瀛子埋下一根刺，提前叫陈木得知有人在幕后图谋不轨。而在燕温离开伏魔寺到他东瀛子率众赶到这时间段内，足够陈木和镇玉司取得联系。于是，此二人狼狈为奸，设下陷阱。陈木正面将东瀛子约束在此，不让他有返回洞府的机会；而秦青云则趁机带着镇玉司与一众武侯不良人杀上东宫山。 闯入洞府搜刮他东瀛子的罪证，如此大费周章，目的也不难猜测。修行者范氏，乃镇玉司管辖的权责范围。秦青云这个外来的同章司使，由于三年前在搜查碑祠四仪事内失了人心，吃了挂蜡，如今想要重新执掌实权，就需要有一桩足够惊人的功劳来为三年前之过失将功补过。毫无疑问，放眼三关城内外，哪里还有比罪证确凿拿下一个筑基境邪修更有说服力的功劳呢？今夜诸事，燕温暗自报了被当先锋差遣的私仇。 陈木得了镇旗和贞姐，还顺手卖给镇玉司一个天大的人情。秦青云捞取到天大功劳，将功补过，重新执掌实权。感情到头来，只有他东瀛子这个始作俑者，沦为了唯一的牺牲品，被各方瓜分蚕食。小儿岂敢欺我？东瀛子怒不可遏，终于是不管不顾，准备施展出他那隐藏了许久的秘法底牌。但他却忘记了，自己早已被困在天风双杀阵内，无论是神识还是真元，都受到霜寒的冻结，运转速度慢了何止十倍。 他刚有动作，都不消沉木出剑，秦青云冷哼一声，就是一脚飞踹而来，正好踢在东营子的丹田位置，以五夫的庞大气血，瞬间将他还未凝聚起来的真元一脚崩散。东营子张嘴猛地吐出一口鲜血，目眦欲裂。以眼前女子不过断身近七八重的实力，往日别说踢散他的真元之力，能碰到自己的衣角都算对方有本事。但眼下他被眉心剑锋威胁，不敢挪动半寸，又被阵法霜寒冰冻，真元流转不畅，以至于遭受奇耻大辱。 被一个修为低下的武夫肆虐欺凌，这还不止。秦青云在一脚落下后，立即掐了法诀，只见有一条条漆黑锁链从他腰牌内涌出，牢牢将东瀛子束缚在原地，彻底封锁了他的真元流动。正是镇玉司的专属神通拘魂禁灵锁，唯有配合镇玉司特制的腰牌方能施展。陈木第一次见这门镇玉司闻名在外的拘禁之法，不由得多看了两眼。道友可想亲身体会一下这门秘法的妙处？秦青云看了眼陈木，似笑非笑，但他那张带着伤疤的脸。 属实让人难以辨清，到底是在开玩笑还是在朝你冷笑。陈木急忙摇头，他是好奇心重，却也不至于想体验被锁起来的滋味。秦司使既然出手，想必这次东宫山之行收获匪浅，可是搜集到了妖道足够的罪证。听到陈木此问，秦青云微微点头，脸上却不见喜色。是，东宫山一十六路悍匪头目悉数就擒，背后和东瀛子勾结的证据也都有账簿和人证，罪证确凿。除此之外，我们强行破开禁制，攻入妖道洞府。 发现了数百名被囚禁的无辜女子，山脚下还找到一处埋骨之地，尸骸隐也不可计数。此妖道盘踞东宫山，为祸多年，恶贯满盈，且狡诈多端。这次多亏了道友出手，方能让其伏法戴诛。我替三关城百姓谢过道友。秦青云朝陈木深深行了一礼。东瀛子修为高，手段多，且阴险狡诈。往日别说擒拿此疗，哪怕是收集罪证，都困难重重。一般人很难深入被他经营的如铁桶一块的东宫山。 即便进入有筑基境的东瀛子坐镇，也休想带走任何罪证。唯有调动人马大举攻山，方能有所斩获。可如若大军出动，以东瀛子之狡诈，只怕早就逃之夭夭，如多年前的那次驱邪法会一样。且东瀛子轻易不肯下山，犹如万年老龟，始终缩在坚固龟壳内，让人无从下手。若是走脱了东瀛子，哪怕将东宫山夷为平地也没有意义。不用几年时间，东瀛子又能在别处再造一座东宫山，继续祸害一方。难得这次东瀛子受空禅招安。 肯离了东宫山，入到三关城，可他依然将最为重要之物贴身携带，也是做好了万一有变故就只身逃离的打算。要将此等狡猾之徒人赃并获，难度极高。也就今夜遇上难得的机会，陈木和秦青云双方合力，才最终为秦青云送上这桩天大的功劳。无论是于公于私，秦青云都有足够的理由对陈木行此一拜。第七十一章追踪。陈木没有受秦青云一拜，只是轻巧从屋顶上落下，站到秦青云身旁。 秦司使，在下委托你寻的那两件器物，可有下落？陈木话语中的两件器物，正是制空方丈所说的两个密钥，一个金刚降魔杵，一副金刚铃。这两个密钥都被空禅掌握，应该是藏在碑瓷寺的某个地方。虽然有制空方丈给的念珠，可以就近感应到密钥所在，但若陈木和苦文两个人去寻，也无异于大海捞针。况且这几天的碑瓷寺热闹非凡，驱邪法会出现变故，空禅的妖法导致有无辜百姓伤亡。 这是玄门超凡伟力殃及治下之名，理应由镇狱司接手案情。因此，镇狱司的人已经将碑祠寺包围封锁，一众寺内僧人都要接受问话审讯。但在镇狱司接管之前，就有城中其他玄门的弟子已经冲入碑祠寺，找碑祠寺僧人讨个说法。听说趁机带走了不少法器珍宝。而后又有胆大包天的平民和青皮，趁着众人撤离混乱之际不退反进，在碑祠寺内一阵搜刮抢夺，整个寺内可谓是一片狼藉。陈木寻思在这种情况下。 与其他和小和尚两人亲力亲为，倒还不如委托给身为同章司使的秦青云更为方便。于是才有了后续的双方交易。陈木送对方一桩功劳，秦青云帮陈木办事，各取所需。有虽然卑慈寺一片混乱，但毕竟那降魔杵和金刚铃一眼非凡，因此还是被人认了出来。如无意外，估计道友要寻的这两个器物，在昨天夜里就已经被带出了城外。不过我已派人显尾追踪，道友无需担忧。竟然已经被人先下手为强，带出了三关城。 陈木心中惊诧，问道：“是谁眼光如此毒辣？说起来，这夺宝之人，道友你也见过。哦，可还曾记得法会之上两个南黄州来客？”陈木脑海里瞬间浮现出两个身影，一个是嘴角有痣的美妇人，另一个是他带来驱邪的痴呆少年。竟是他们？陈木喃喃自语，本能的察觉到其中必有隐情，否则一个不远千里带着爱子前来驱邪的寻常妇人，怎么会在爱子痊愈后第一时间不是返程归家？ 而是在碑祠寺内搜刮财宝，还一下子就认出了两把密钥，下手精准且快。事出反常必有妖，陈木眸光微微颤动。正好，他还有关于三年前宛城诡异之事，想要询问那对母子。本想等忙完手头之事再去办，如今看来却是能稍稍提前了。我亲自去追，陈木说道。亲自去追？秦青云挑了挑眉，看向陈木的眼神带有深意。也好，我给你一道令牌，沿途所有官驿都可入住换马。除此之外。 镇玉司的探子会在路上留有记号，你追寻记号就能很快赶上。秦青云朝陈木抛来一枚铜制令牌，方方正正，上面浮雕兽纹，栩栩如生，中心刻有“镇玉司”三个大字。好，陈木将令牌悬在腰间，又向秦青云仔细询问了镇玉司探子记号相关之事，掌握其中诀窍后，便准备起行。此时天色已经蒙蒙亮，又是新一日的太阳即将升起。他虽然整夜没睡，但对修士而言，三五日通宵达旦也不会影响太大。 而一旦修至金丹无漏境界，更是能数月乃至半年不入眠，仅以打坐冥想替代，也能补足精神。早安、啊，陈施主。咦，怎么秦姑娘也在？苦闻小和尚揉着眼睛推门而出，略显迷糊。昨夜燕温离去后，陈木有意在伏魔寺内布了个简单的静音禁制，以免惊扰到寺中僧人。因此，小和尚对后半夜发生的一切毫无知觉。此刻推开禅房木门，看见院中众人，竟一时分不清是醒是梦。半晌之后，小和尚咦了一声。 陈施主是想要一个人往南面而去，追踪夺走密钥之人，会不会太冒险了？苦文小和尚眉头紧锁。若是平时，以陈木的实力，肯定是无需担忧的。筑基境修士在江湖行走，除了少数境地外，还真没太多需要忌讳的地方。但眼下明知暗中还有一伙邪修势力对于鬼王虎视眈眈，而且基本确认对方拥有金丹以上实力，这时候陈木独自行动，还是在上元郡地界内，就有点让人放心不下了。没事，我沿着官道走，快马加鞭。 对方除非一直跟在我身后，不然也很难掌握我行踪。况且，只有千日做贼，哪有千日防贼的道理？难道那邪修一天不现身，我们一天就得小心翼翼，如临大敌？放心，即使真是面对金丹境的高手，我也不至于轻易被拿下。对付邪修，我还是有点底牌可以应付的。再说了，小和尚，你不是发下宏愿，不对人族出手吗？带上你也是累赘，还是乖乖守家吧。制空方丈还需要你。陈木的话让苦文脸色更苦，一阵唉声叹气。这个时候。 就体现出他当年立下宏愿时有多么天真和考虑不周全了。难怪当初师父听闻，直接抄起木鱼追着他打了一路，就差拿他的光头去撞三界钟了。可惜开弓没有回头箭，佛门弟子的宏愿更是覆水难收。安排妥当，陈木便一个人离了伏魔寺，去就近的官驿取了一匹骏马，出城而去。跑了半日路程，陈木看见路边有一座酒肆，身下的骏马也不断发出鼻响，略显疲惫。于是陈木翻身下马，牵着缰绳走进酒肆，拍了拍马的屁股。 示意他可自行去吃草，然后陈木找到一张凉棚下的桌子坐下，朝里头正在忙活煮水的老者说道：“老丈，劳烦上一碗米酒，熟牛肉的话也来上一点。”“好嘞，客官，你是要清酒还是浊酒？你这还有清酒？”陈木笑着问道：“这清酒、浊酒都是米酒，前者更烈，酒水剔透，对酿造的工艺要求很高；而浊酒烈度低，酒水浑浊，较为甜口，相对而言工艺简单，常见于城外酒肆。客官可不要小看了老朽这路边小店。”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祖传的酿酒手艺，保客官你满意？好，那就来一碗清酒，试试老丈手艺。好嘞，客官稍等。第七十二章，孤儿。陈木真元流转，暗中掐诀，神识铺开。果不其然，很快就在这张酒桌上找到了镇玉司探子留下的记号。秦青云散出去的探子有好几个，分别沿着不同的路径追踪。他只需要按照秦青云的交代，在沿途上留心几个特定的地点，比如官道旁的酒肆、驿站、山野间的土地庙。 道观以及人迹罕至密林间的特定形状树干等，仔细探索就能找到记号。不过陈木偷了个懒，直接以神识来代替亲手搜索，更为方便隐蔽，算是修道之人在这方面比起武夫的优势所在。但即便这样，陈木还是察觉到有一道关注的目光在注视着自己。他直接回望过去，发现有一个蓬头垢脸的小孩被他目光一扫，急忙躲到了树干后方。可过了一会儿，他又将脑袋探了出来，盯着陈木桌上的酒肉，咽喉不断耸动。陈木不动声色。 朝店家招呼道：“老丈，麻烦再煎一碗粗茶，上一张胡饼。”那老者先是看了陈木一眼，手上一掷，随即应了一声。等老者亲手将茶和胡饼送上前时，陈木又道：“不用给我，拿给那个孩子吧。”老者脸上却露出犹豫，给陈木使了个眼色，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此时，那小孩却是冲了上来，直接从老者手上一把夺过茶碗和胡饼，又飞快跑开。“客官，你看这……”老者无奈苦笑。陈木摆摆手，笑道：“没事，辛苦老丈了。” 你去忙吧，但老者却并没第一时间离去，而是弯下身子，在陈木耳边说道：“客官要小心，老朽怕你会被纠缠上。”说完，老者似乎生怕惹上什么麻烦，快步回到了店内。陈木笑了笑，没有在意，继续喝酒吃肉，好不快活。而没过多久，只见刚刚拿了茶碗和壶柄的小女孩又出现在了刚才相同的位置，这一次她不是一个人，身后更是跟随了数十名同样蓬头垢脸、衣衫褴褛的小孩，最大的也就十二三岁，小的估计才四五岁模样。 陈木低头吃食，不去理会。犹豫了一阵，那个领头的小女孩咬了咬下唇，蹑手蹑脚的开始朝陈木酒桌接近。身后其他的小孩也是同样动作。没过一会，陈木的周边就围上了一圈小孩，都眼巴巴的盯着陈木桌上的酒肉看。在店内忙活的老者见状，深深叹了口气，不说话。陈木表情平静，只管吃喝，似乎根本没有留意到身边出现的孩子群。案桌上酒味醇香悠扬，熟牛肉上面铺满了胡椒，升腾着热气。 香味扑鼻，让人垂涎欲滴。终于，一个站在小女孩身后的男孩舔了舔干枯的嘴唇，再也忍不住内心的渴望，朝陈木身前的熟牛肉伸出了脏兮兮的手掌。枪<呛>，一道寒芒闪过，冰冷的剑刃擦着男孩的手掌落在桌上，把正要伸手拿取牛肉的男孩吓了一跳。他急忙缩回手臂，却用愤怒的眼神盯着陈木。陈木却根本不去理他，眼眸低垂，只是淡淡开口道：“我给你的，你可以拿，不管是自己吃还是分给你的同伴。” 我都没有意见，但我不给的，谁要敢不问自取？刚才只是一个小小的警告，再有下次，我会将那个人的手砍下来。听到他冷冰冰的这句话，方才伸手的男孩意识到了后怕，也不敢再盯着陈木了，缩了缩脑袋，往后挪动脚步。陈木却只是看向了小女孩，他留意到小女孩的嘴唇依然干燥，瘪下去的肚子和刚才没有任何变化，而他身后的小孩却有许多人嘴角都沾着饼屑，显然是瓜分了刚才他送给小女孩的那张胡饼，所以他只对这个小女孩说话。 沉默片刻，只见那名小女孩走到刚才伸手的男孩身前，抬起手臂，狠狠用力一巴掌扇在了对方的脸上。男孩虽然看上去年龄比小女孩大，身子也高，但面对这一巴掌，他既没有反抗，同时也没有半点怨言，只是红着眼眶，低头受了这一巴掌，默默地站直不动。与此同时，小女孩走到陈木面前，忽然双膝跪地，朝陈木用力地磕了三个响头：“公子，请你可怜可怜我们，赏赐些吃食吧。我们很多人已经三天没有吃的了。”陈木不为所动。 依旧慢吞吞的旧食，等一碟熟牛肉几乎见底，他才开口道：“你们都是何人？为何聚集在此地？我们都是孤儿，没地方住，只能在这官道旁乞讨为生。”乞讨？陈木嗤笑一声。刚才伸手想要抢夺牛肉的男孩咬着嘴唇低下头，双拳攥紧，十分用力。“客官，还是老朽来说吧。”此时，店家捧来一缸互撞的流石，陈木也认不出是具体何物，放在地上。而那群衣衫褴褛的孩子们却好像见到了绝世佳肴。 一个个眼睛发光，扑了上去，也不见他们用筷子或者木勺，直接就探手入缸中，争先恐后将流食塞入嘴中。唯有最先那个小女孩一动不动，跪在陈木面前。老丈似乎对这些孩子很熟悉。嗯，他们在我酒肆附近已经有好些年时间了。一开始只有一两个，后面越聚越多，成了如今数量。都是从哪里来的？哪里都有，但大部分是城中的孤儿流浪至此。城中孤儿为何不在城中乞食，反而走到这荒野之外？ 哎，都是被赶出来的。偌大三观城，难道连数十个孤儿乞丐都容不下吗？三观城自然能容得下，但世家大族的脸面却容不下他们。既是孤儿，又如何能和家族扯上关系？客官有所不知，这孤儿身份并非因为无亲生爹娘，只是不被承认、被抛弃、驱逐出城罢了。为何？因为店家老者左右观望一番，似有忌惮。他低头轻声说道：“以前我可不敢说，现在卑此四倒了，我才告诉客官。” 这些孩子有传闻都是那寺内和尚的野种。没想到，原本一直跪地沉默的小女孩听到这句话，立即红了眼眶，抬头嘶吼道：“我不是野种，才不是！”第七十三章秦兰儿。店家老者面对小女孩的嘶吼，只是轻叹一声，道：“婉儿，你也莫怪老朽说的不中听，事实就是事实，非你意愿所能改变。”小女孩不听，只是用狼崽一样的红眼盯着老者：“我不是野种。中”老者无奈摇头：“好好好，是我错了。” 你不是，你姓秦，叫秦兰，儿，是狼灵的孩子，行了吧？小女孩沉默不语，眼神倔强。秦兰，儿，陈木忽然开口问道：“是，客官有所不知，这小娃三年前发了瘟病，身子烫得像个火炉似的，差点就没了命。后来他深夜失踪了半个多月，大家都以为他是一个人上山寻药，扛不住死在了山上。没想到有一天突然又出现，跟个没事人似的，活蹦乱跳。他说是遇到了一头秦姓狼灵，救下了他，还悉心照料了好些天。” 自那之后，他便自称秦姓，但凡有人问来历，便说是狼的孩子，生怕和卑慈寺还有城内的家族扯上关系。陈木看向抿着嘴唇、食指用力在地面划出道道血痕的小女孩，眼神深邃。他看向小女孩身后那群正在抢着木桶流石塞进嘴里的锅。老丈以前也会救济这群孤儿，给些吃食。是世道艰难，谁忍心看着一群孤苦无依的孩子活受罪呢？只是小店也是做小本生意的，起初人数少些，还能勉力维系。 后来人数是越来越多，我也是有心无力了。幸亏那悲慈寺的僧人偶尔也会到此，给小店一些钱银，来给这些孩子买些堪堪活命的菜粥。只是这女娃性子刚烈，听说是悲慈寺僧人的刺食，死活都不肯吃半口，终日就指着过往客人施舍着一些残羹剩饭填肚子。而自从悲慈寺驱邪法会出了事后，那些僧人也不见了，往日给的钱银也耗尽，没办法，老朽只好狠下心来，劝他们去别处寻条活路。哎，陈木闻言陷入沉思，手指敲击在酒桌上。 似乎在内心有许多衡量，半晌之后，他取出一个钱袋子，抛给店家，麻烦老丈，看着钱袋里的银子数量，统统给这群孩子换成能携带的干粮，可好？老者接过钱袋，掂量了一下，脸色诧异，等打开钱袋子一看，更是眼神震惊。客官，可以自是可以，可这钱银太多了，要不您还是再考虑考虑，或者只用读一小部分。陈木笑了笑，微微摇头，不用，就这么多银子，有劳老丈了。 反正是从卑慈寺那自称青蛇帮刀堂陈三的青皮手上夺来的不义之财，陈木也不看重，多少都全当积善行得了。他转头看向小女孩，开口道：“秦老二，我给你，还有你身后这些孤儿，指点一条能挣钱养活自己的门道，从此不用开口求人，但也有风险，将来也许会有杀身之祸，你可愿承担？”秦老二看到陈木抛出的钱袋子，早已眼神火热，此刻听闻陈木话语，更是立即叩头，额头伤口战裂。你不用着急回答，无论你应承与否，这钱袋子我都不会收回。 我愿意承担，秦儿毫不犹豫地答道：“就不问问我所说的门道到底是什么？公子愿意给我等一条活路，已是天大恩情。哪怕刀山火海，秦儿都愿意去趟。”秦儿眼神坚定，他心知自己烂命一条，如果连命都舍不得去搏，他的存在将毫无价值。他不怕苦，也不怕被人唾弃谩骂，却只苦于没有一门活命的手艺，终日只能靠乞讨，甚至是偷窃抢夺为生。如今有人愿意给他一条挣钱活命的门道，无论那门道有多少凶险，有多少诡谲。 他都必须要牢牢握住。秦郎儿明白，这可能是他此生仅有的机会。很好，你带着这群孩子去三观城附近找个落脚的地方，先安顿下来，不要着急进城。然后你独自一人想办法混进城中，去镇玉司衙署找到一个叫秦青云的女子，把你三年前遇到狼灵之事详细说与她听。她听后自会给你和身后的孩子安排一条活路。陈木注意到，秦郎儿在听到“秦青云”三个字时，眼神就发生了变化，那是一种连陈木都很难准确形容的复杂眼神。 如同从小被拐骗离家的孩子，多年后皱纹亲生父母的消息，亲切之中又掺杂着陌生，期待之余又难以掩饰害怕。秦郎儿抬头看向陈木，机欲张嘴说话，却每每都话到喉咙，又被咽了回去。而陈木此时轻飘飘的语言传来：“秦青云乃北庭镇御司同章司使，来三关城乃为了追查三年前的一桩失踪大案，失踪者是他的兄长，叫做秦凌霄。”等陈木说完，低头之时，却见秦郎儿此刻早已泪流满面，身子匍匐在地。 肩膀一颤一颤的，像头被遗弃的孤狼。商河落蓬坡渡口，一座临河而立的热闹客栈内，今天迎来了两位新的客人。娘，孩儿累了，想要歇息吃饭。你再敢叫一声娘，我亲手把你的嘴巴撕烂，看你还平不平？嘿嘿，姐，做戏做全套吗？毕竟还没有离开北玄州的地界，不是？呸，你就是怪姐让你被鬼附身一路装了许久的痴呆，对不对？不怪，不怪，好大一笔买卖，装几十天的痴呆算啥？ 就是那空蝉气人，连承诺好的钱财都没付清，就被人斩了头颅，一命呜呼了。不亏，幸好你姐有先见之明，向判官借来了火眼金蝉。但凡是有底蕴的法宝，无论表面如何蒙尘，在火眼金蝉面前都无所遁形。这下，悲慈寺七百年来珍藏的宝贝可都落入你我之手上了。这两人，一男一女，女的身材高挑，嘴角有痣，三十出头年纪，风情万种，惹人注目；而男子则十七八岁模样，身穿青色蓝衫，剑眉星目，英俊不凡。 可偏偏这两人肩上都扛着一个宽大的麻袋，裹得严密，似乎很是沉重，压得两人都直不起腰，走着猫步，颇有几分滑稽之感。第七十四章千面幻魔。美妇人步入客栈，裙摆飞扬，腰身婀娜，顿时吸引来无数目光。一声口哨响起，袒露臂膀的壮汉拦,拦在了美妇人的身前，伸手一托，搭在了麻袋的底部。娇滴滴的美人儿如何能做这般抬重活？俺来搭一把手。壮汉手臂发力，绷紧如土垒石块，看似轻轻往上一抬。 瞬间就让麻袋内的物件挣脱袋口的束缚，哗啦啦掉落到了地上。哐当，金色的宝瓶、宝盖、莲花、云板、木鱼散落一地，照耀的整个客栈内都金光璀璨，让人目眩神迷。就连那壮汉都被迷花了眼睛，站在原地看得呆滞痴迷。美妇人急忙弯下腰身，手忙脚乱将地面上的金器一一捡起。过程中，如群中央的开阔处露出一片雪白的壮阔，在金器的照耀之下，都变得无人问津。等美妇人将金器捡起。 重新捆上麻袋的绳索时，客栈内几乎所有人望向他的眼神都变得古怪起来。而美妇人似乎也知道麻烦，神色慌张，悄悄拉了一把身后少年的衣袖，就飞快的往一处窗户旁的空桌走去。两人更是将麻袋放在了窗边，满眼戒备的望向周围，一副小心翼翼的谨慎模样。见二人这般胆小怕事的神态，许多原本就生出异样心思的许多人，此刻更是心头火热。先前拦路的壮汉朝堂内数名食客使了个眼色，纷纷都拿起兵刃，大摇大摆的朝那美妇人和少年郎围了上去。 虽然未曾开口说话，可从这伙人的神情举止来看，显然是盯上了那二人身上的麻袋，也许做着要连人带货一起掠走的企图。美妇人和少年郎的神色愈发慌张，特别是那美妇人，娇滴滴的脸上透露着紧张和慌乱，如同一只手足无措的小白兔，让人情不自禁生出摧残玩弄的冲动。而就在此时，一杆银色长枪拦在了这伙人的面前，手执长枪之人身穿立领白纹缎面长袍，面容年轻俊朗，有股英武之气概。为首的壮汉目露狰狞，怒视着持枪青年。 冷声道：“阁下哪条道来的？难道不知道先来后到的江湖规矩吗？想抢我水蛇帮的生意，还是掂量清楚自己实力才好。”被他出言要挟，那白袍青年也不动怒，只是淡淡出声道：“南黄州江湖上有一大名鼎鼎的魔头，号千面幻魔，善以弱小形象诱发他人之恶念，将起恶念之人引至无人荒野外，做那黑吃黑的无本生意。千面幻魔的具体形象众说纷纭，有人说见过此魔乃一美艳女子，以媚术蛊惑众生；又有人言此魔乃一玉面书生。” 以妖言祸害无穷，但鲜有人知，传说中的千面幻魔是男也是女，因为真正的千面幻魔向来都不是只有一个人，而是一对歹毒心肠的姐弟，姐姐名为柳思烟，小弟名为柳念尘。不知我说的可对？只听完这白袍青年的第一句话，水蛇帮的壮汉就已经面色煞白，神色惊骇，再看向那对坐在窗边的男女，只见此时二人皆神情淡然，安坐在桌上举杯饮茶，风轻云淡，哪有先前半点紧张的模样？事已至此，真相已经不言自明。 眼前这两位故意露了精气的美妇人与少年郎，正是传说中那个擅长利用人性贪婪、双手鲜血淋漓的千面幻魔。此魔的凶名，即使是隔着一个大洲，都在江湖上人尽皆知。正所谓树的影，人的名，江湖上但凡威名赫赫的魔头，就没有一个善茬。假使他们这伙人因为贪那带重精气，被那两人牵着鼻子走，结局如何，可想而知。谢了，兄台，将来有水蛇帮能搭把手的，我钱恒一定义不容辞。在下先行告退。说完。 这伙人也不敢多朝窗户旁的美妇人与少年郎多看一眼，抹着冷汗就快步离开了客栈，连带着大堂内的食客都匆忙跑了大半，而客栈的掌柜也不敢挽留，和店小二都齐齐躲到了柜台后方，偷瞄着窗户旁的两人。此时，美妇人轻笑一声，抬眸看去，将那白袍青年的身影映入眼帘，连我柳思烟和小弟的名字都打探得清楚，想必是某位南黄州的故人，不如报上姓名来历，看看是过往哪桩旧事，惹得一位青年才俊不惜千里迢迢。 追赶我姐弟从南黄州来到慈北玄州，我叫杜明月。两位千面幻魔估计是不认识的，但我的家乡，两位一定记得，就是那座被你们屠戮殆尽的易水杜家庄。杜家庄，少年郎歪了歪脑袋，看向美妇人，疑惑道：“阿姐，你可记得这个村庄？”自是不记得的，想来不是什么有名的地方。不过，杜明月这个名字，我倒是有点印象。哦，听闻那兵家圣地逐鹿山出了一位厉害的新弟子，白袍银枪，独自一人闯过了三千枪剑灵。 硬是挤掉了一位长老安排的新晋弟子名额，成为逐鹿山真传，想必就是此人。各项特征都完美符合，应该是了。我们姐弟俩可是招惹了此人？不记得了。他说是那边是吧？原本还算沉得住气的白袍青年，此刻看着两人若无其事的讨论，握枪的手背青筋毕露，一股属于掠气境武者的强烈杀气涌现，宛如实质，把客栈内剩余的少数人吓得瑟瑟发抖，躲在桌椅底下，连头都不敢抬起。五年前，南黄州一水上游的杜家庄。 被你二人在井水中下毒，全村一共三十六户二百一十七口人，上至耄耋老人，下至半月大的婴儿，无一幸免，统统中毒，七孔流血而亡。你们敢说这桩惨案不是你们亲手所为？一股磅礴的气劲随着青年的开口质问，朝着在座的柳氏姐弟激射而去。而美妇人只是将杯中茶水往身前一泼，顿时碗口大的茶水就化作一道水幕，将杜明月放出的气劲轻松拦截。哦，说到用毒，我想起来了，当年是有个村庄。 喜欢以蒙汗药四处拐掠妇女孩童，作恶多端，又在村庄四面的密林之中种下迷魂树，常年瘴气弥漫，就连县族镖队都不敢轻易路过那村庄的地界。后来这村庄更是以迷药掳走一位颇有名望的郡守千金，强令那位千金小姐当了村长儿子的媳妇，而且是三个儿子共用一位美妻，致使那位千金小姐不堪受辱上吊身亡。等郡守派人找到爱女尸身时，只剩下一具被豺狼撕咬的不成人样的骨骸，而骨骸之上阴魂不散。郡守请来得道高僧，让亡魂说话。 方才得知那村庄的恶行，就连郡守的治下之民都看不过眼，一户户百姓自发筹集钱银，请烟雨楼判官出手，务必要让那村庄上下死成绝户，不能让一个恶种逃脱。遂由我姐弟以牙还牙，下毒屠戮全村性命。不知阁下说的杜家庄，是否就是故事里的那个恶人村呢？第七十五章傀儡惊人，你们血口喷人！白袍青年双眸赤红，脸色愤恨，一杆长枪往前刺出，如银龙出海，顿时牵起气机震荡。 有无穷冰煞之气从枪尖喷涌，被称作柳念臣的少年郎抿嘴一撇，挥手扫向身前桌面，一个个碗碟被他袖袍扫飞，于半空急速旋转飞舞，对着那白袍青年杜明月枪尖卷起的冰煞冲撞而去。寻常的碗碟如何能敌过冰家弟子的冰煞之气？理所当然的一击即溃。可碎裂的碗碟却并未就此狼狈落地，而是一块块碎片就地散开，化整为零，竟然去势不减，化作一道由锋利碎片组成的漫天雨幕，继续朝那杜明月急袭而去。 哼！杜明月冷哼一声，也不见躲避，身上白袍忽然鼓荡，有无数气劲炸开，将所有来到深州的碎片都碾压成碎屑，四散而开。但他却眉头紧皱，望向那窗边姐弟二人，有点不对劲。传说中的千面幻魔犯下的恶念简直罄竹难书，其中不乏有些遭了毒手的受害之人，修为高明，即使是筑基境的修士出手，都不一定能拿下。而方才此二人展露出来的修为，不过是区区炼气九重的境界，虽然姐弟联手，加上功法诡谲，有些棘手。 可要说凭这种实力就能与他这个略气境武者对抗，那无疑是痴人说梦。但偏偏那二人却做得稳如泰山，云淡风轻，丝毫不在乎这硬实力上的差距，甚至还在悠然谈论着刚才的话题。姐，你看，他不信，不奇怪，人嘛，总想着给将来留条后路。这杜明月，也许就是那杜家庄抛出来的一粒种子，被瞒着不告知真相，也实属正常。嘿嘿，也是，堂堂略气境武者，又是逐鹿山出身，气机竟然如此紊乱。 气血冰煞也是徒有其形，虚而不实，想必是心乱了，和我们两个练气境的修士打得有来有回，也没辙。原本是正气凛然，为民除害，突然发现自己才是恶人之子，任谁都会到心动摇吧。杜明月愤愤踏前一步，怒目而视，冷声道：“杜家庄已被灭口，你们说什么都无人能出面反驳，岂不是血口喷人？”柳思烟掩嘴一笑，斜眼看向杜明月，笑道：“阁下想要验证真伪，却也简单，只需去往那当地县衙查找县志记载。” 又或者找些就近镖局行商，一问不就真相大白了？白袍青年沉默不语，忽然他抬起头来，眼神变得决然。是真是假，我自会去查。但你们千面幻魔，无论如何粉饰理由，都难掩你们双手沾满鲜血的事实。我杀你们，对得起天地良心。他挥舞银枪，不再流利试探，而是气血奔涌，释放出了属于掠气境武者的全部威力。在外人眼中，那白袍青年只是单臂平举银枪，往前平平无奇的刺出一枪，但落在柳氏姐弟眼中。 眼前似乎有无穷血色弥漫，上下左右皆不见方位，心脏扑通扑通跳得飞快，手脚冰寒僵直，被压制得不能动弹分毫。兵家枪法，枪出附龙。而就在此时，柳念臣的声音悠悠响起：“天地良心，且不去提，杀我们也要看你有没有这种本领才行。”他们姐弟二人不能动弹，但柳念臣身后的麻袋却是自动松开了绑绳，有一物从麻袋内掉了出来。杜明月只是看了一眼那掉落的物件，就瞳孔一震，显出惊诧与忌惮。只见一个浑身青铜色的造物。 从麻袋内缓缓爬出，逐渐伸展开四肢，化作一个青铜甲胄覆面，通体被冰冷金属包裹，唯有两只橙黄眼眸裸露在外的矮小金人。但这金人虽然五短身材，可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却分明是一个实打实的略气境五夫修为。傀儡机关术，你们俩竟然是墨家传人！杜明月眼神震惊，墨家乃天下显宗，公输阁更是天下三十六学门之一，地位何等尊崇，排名要在逐鹿山之上。一个江湖上作恶多端的千面幻魔，真实身份居然会是墨家传人？ 说出去，只怕会立即引起轩然大波。而金人傀儡一出，立即就破去了他的枪出富龙之势，让柳氏姐弟重获自由。嘿嘿，就让这金人陪你玩吧，我们姐弟俩就不奉陪了。再会。说完，柳氏姐弟抄起麻袋，就从客栈窗户上一跃而出。休想逃！杜明月辛苦追寻一路，才在这里堵住柳氏姐弟这对行踪诡秘的千面幻魔，如何能放任对方在眼皮子底下逃跑？可他刚踏前几步，想要追赶上去。 眼前就出现了一个浑身被青铜覆盖的惊人身影，滚开！杜明月眼神凶厉，对这种傀儡机关造物不屑一顾，想要用枪杆将其挥开，但他打出去的银枪却被惊人的手掌紧紧握住了枪尖，锋利的枪刃根本无法割破惊人的掌心，被牢牢握住。而自始至终，那惊人的橙黄眼眸之中都只是平静，没有半点情绪波澜，宛若一潭死水，静静的倒映出白袍青年的身影。真是倒霉，难得离了南黄州做一趟赚钱的买卖，竟然被一头疯狗盯上。 一身骚味，山林间溪水潺潺流动。柳念臣蹲下身子，俯身在溪水中洗手，脸色不悦。在他身后，一个身穿黑色麒麟服的镇玉司探子嘴角渗血，被五花大绑，捆成一根粽子扔在地上。柳思烟真没蹙起，陷入沉思，喃喃自语道：“奇怪，镇玉司的人怎么也会盯上我们？若不是为了避那杜明月，多留了个心眼，还真没有发现这个不起眼的小尾巴。”话说，阿姐，那杜明月看着也不是很厉害的样子，干嘛不在客栈里？ 联手将他做掉，你又忘了我们的规矩了。要么是执行任务，要么是黑吃黑，除此之外不能滥杀无辜。再说了，这杜明月乃逐鹿山真传，轻易杀了岂不是徒增麻烦？可他都从南黄州追到北玄州了，狗皮膏药一样，如何是好？且让他追呗，这种莽夫最是好对付。如今阿姐担心的却是这镇玉司探子的背后又是何人？第七十六章侠义小剑仙。镇玉司不过是一群朝廷武夫组成的衙署，有何惧之？ 柳念臣轻笑摇头，寻常百姓听闻镇玉司之名，能指小儿啼哭，凶名在外。但三十六玄门超然于世，镇玉司作为景庭天子直隶衙署，再怎么权柄滔天，酷吏横行，也无法让他这样的人物感到胆寒忌惮。登上镇玉司的通缉黑榜，远比不上在上清宗的善德峰的赵福殿内留名更让修士畏惧。柳思烟却没有柳念臣这般轻松，他摇头道：“不一样。正常来说，三关城内的镇玉司此刻应该忙着收拾城中事务，如何能有心思盯着两个小小窃贼？” 他们又不知道我们的真实身份，更与南霆镇玉司泾渭分明，不该插手我们两个南黄州凶犯事宜才对。柳念臣依旧不在意，在衣裳上擦了擦手，笑道：“也许是那碑祠寺内的宝贝也被镇玉司的官老爷盯上了，所以贤伟追踪过来呗。”他说话间，眸中冷芒闪烁，露出一抹残酷无情。镇玉司身为朝廷爪牙，不算干净无辜，干掉镇玉司麾下的探子司使，不算是坏了规矩。在南黄州，死在他们手下的镇玉司之人不在少数，从未不被柳念臣视作威胁。 柳思烟想了想，觉得也是。他们赶来北玄州，自然是暗中做了一番调查的。这三关城内，无论是玄门战力最强的空禅，还是镇玉司坐镇此城的司铎，都不是他姐弟二人的对手，所以才敢伪装身份来此赚那空禅的钱财。只是没想到那空禅自身不给力，居然还未兑现承诺，就被人一剑枭首。此时，柳思烟神色一滞，脑海里回忆起当日看见的那十道剑芒，以及那柄横亘天地间的巨剑，心头忽然有股强烈的不安。别墨迹了，快走！ 不知怎地，我总觉得心里不踏实，还是快点回到南黄州才好。怎得了，阿姐，你不是还说要在这北玄州游玩一番，来都来的，也把千面幻魔的威名在此散播一下。散你个头！计划有变，我们立即就走。可明甲还未归来，不管了，他认得回家的路，我们先走。柳思烟拉起弟弟的衣袖，就要往林中钻去。他是反其道而行之，知道镇玉司探子在商水河畔的位置留了标记，他偏不渡河，欲从山路行走。 绕另一个方向返回南黄州，可就在此时，他记忆中的那些各剑芒凭空出现，如流星般坠落在他们的四周，立起彩色小气九面，瞬间有透骨渗人的双气弥漫，几乎要将两人的灵魂都冻结成冰，让这两个炼气九重的修士牙齿打颤，手脚冰凉。天天风霜杀阵是那个剑修柳氏姐弟几乎同时开口说道，侧重点各有不同。而与此同时，陈木的身影出现在了那名被五花大绑的镇玉司探子身边，挥剑将绳索斩断。 探子目露侥幸，抱拳道：“多谢阁下救命之恩。”陈木将腰间的镇玉司令牌抛向对方，说道：“你做得很好，带着此令牌回去向秦司使复命吧。镇玉司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无需再多派人手，平添伤亡。既然被追踪的二人已经有所察觉，镇玉司这些修为低下的探子已经很难再继续追踪的任务了，随时都有性命之危。也幸亏眼前这名探子头脑机灵，知道在目标突然转到后，及时在沿途及时留下记号，才让陈木能追赶上来。不然在这荒山野岭……” 只怕被杀了，也无人替他收尸。阁下小心，这两人并非等闲之辈，乃南黄州地界大名鼎鼎的千面幻魔，杀孽无数。方才有一个逐鹿山的掠气境武者出手，却被他们以同样境界的傀儡惊人拦下，逃至此山中。探子朝陈木汇报了刚才的见闻，心有余悸。陈木平静点头道：“我知道了，你先去吧，提醒秦思时也要小心。”等探子走后，陈木才转身望向被困在天风双杀阵内的姐弟二人。千面幻魔，我听说过大名。 没想到居然是姐弟二人，竟然在北玄州有幸会面。陈木开口道。柳思烟微微一笑，凝视着陈木的身影，缓缓道：“小女也没想到，南黄州江湖上声名鹊起的侠义小剑仙，如今竟是来了北玄州，还多出了十二柄绝世佩剑，看来也是有大根脚背景之人。”陈木眉毛一抬，没想到眼前这两人居然还认得他以前的江湖外号。自从跟着师傅德阳子游历各地，做各种功课考核后，他渐渐也在江湖上有了自己的名号，因所做之事大多是行侠仗义之举。 又每每以剑法破敌，故被冠以了一个侠义小剑仙的雅号。不过，如今他已是十六岁少年，又换了佩剑，一般人很难通过传闻就将过往身份和现在的他联系起来。除非你见过我。当然，我们姐弟来自宛城，如何能认不出宛城的小英雄人物？陈木眸光一敛，稍作沉吟，开口道：“那正好，我有关于三年前宛城诡异之事要询问于你。小剑仙，请讲。小女自是知无不言。好，既然你们二人身份乃假造。” 那你们在驱邪法会上所言及诡异之事，属实与否？自是属实的。小女与小弟接了空禅的委托，要在驱邪法会上为他凝聚名望，又怎么会留个这么大的破绽，受人把柄呢、啊？柳思烟用如秋水般的眸子看了陈木一眼，继续道：“不仅诡异是真，就连小女伪装的这层身份，也是确有其人。宛城也确实有一个因诡异而陷入痴呆的温雅公子，任谁去宛城探听，只要没真见上其人，都识不破小女的谎言。”陈木对此却兴趣不大，只是追问道。 三年前那场诡异如何发生？谁知道呢？柳思烟摇头轻笑。天灾之后，死人众多，瘟疫横行，伴随诡异也丝毫不奇怪。况且小剑仙当年斩了一个擅长异鬼的妖道，殊不知在你走后，有百鬼夜行，就为了找出杀人凶手呢。第七十七章烟雨楼有百鬼夜行，寻找凶手。陈木眼神一凝，开口道：“所以诡异的背后是有人在操纵，以人为梁，姿壮厉鬼。”他本能感觉三年前宛城诡异之事。 和不久前三关城所经历的一切有些熟悉，这种朦胧的相似之处，即使是陈木都感到心惊。我哪里知道，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反正受害的是平民百姓，和我等修士无关，又怎会主动招惹是非，节外生枝？柳思嫣冷漠回应。陈木微微垂眸，他心里清楚，柳思嫣这种想法乃修行界的主流。正是因为世间绝大部分修士都秉持着躲避因果业力的想法，才让邪魔歪道一直在世间拥有生存壮大的土壤。自私自利。 人之天性，优胜劣汰，大道无情，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修行者是逆流而上的恶犬，万千凡夫则是匍匐在天道之下的顺犬，无力抗争，只能任由宰割。陈木知道其中的道理，却也在心中觉得这个道理有点不对。但要让他真说出个哪里不对，他又会变得哑口无言。不知多少个劫际传承下来的天道规律，岂能是他一个小小筑基境修士可以智慧更改？陈木深呼吸一口气，知道和柳氏姐弟继续在这个话题上拉扯也没有意义。 转而问道：“那你二人为何又来了这北玄州三关城地界？”这事说来也简单，我柳氏姐弟除了千面幻魔外，还有一重身份，鲜为人知，那便是我和小弟皆为烟雨楼鬼差，接楼中判官差遣，外出执行任务。烟雨楼。陈木的表情耐人寻味，深深看了柳思烟一眼，内藏深意。而柳思烟并没有注意到陈木的细微表情变化，只是自顾说道：“对，烟雨楼，南黄州最为出名的杀手组织，收人钱财，替人消灾。” 无论是买凶杀人还是寻求庇护，只要能开得出价，烟雨楼都能满足你的一切要求。柳思烟虽说是知无不言，却也在言辞之中为自己和小弟增添活命的筹码。他深知傀儡金人明甲不在身边，单凭两人的实力挡不住面前少年剑修的剑锋。况且，即使明甲在场，胜负也在两可之间。陈木的剑太锋利，也太快，和杜明月那个掠气劲武夫不可同日而语。哪怕不能速败傀,傀儡金人，利用飞剑的灵巧特性，直接绕开金人。 斩杀他们二人轻而易举，因此柳思烟自从陷入天风双杀阵后，就一直很乖巧，配合陈木的提问。和在客栈内面对杜明月时，完全是两副面孔。数日前，陈木以双剑斩杀空蝉的画面，实在是太过让人印象深刻。而在柳思烟的想法之中，想要活命，除开配合陈木展露温顺外，还需要隐晦的表现出一些足以让人忌惮的实力。正在和杜明月纠缠的掠气境武者傀儡惊人，随时会回转他们身边，这是其中之一。但还不够。 真正让柳思烟依仗的，还是烟雨楼鬼差的这重身份。烟雨楼乃江湖上近百年来才涌现的一个新兴势力，却发展壮大极快。其来历神秘，却童叟无欺，公平交易，凡有所托，必不辜负。楼主的身份至今是个谜，无人知晓。而烟雨楼的强大之处，就在于压根无需楼主的身份出面，都能运转如常。阎王、判官、阴帅、鬼差，目前已经展露于人前的这四重架构，就足以让烟雨楼对世间的一切修饰产生足够的震慑之力。 毕竟，就连千面幻魔这种凶名在外的魔头，在烟雨楼内都直属鬼差层级。网上到底有多么可怕？哪怕只是遐想猜测，都足以让人心惊胆战。我们姐弟以千面幻魔的身份被烟雨楼吸纳，成为鬼差，受铜袖判官所辖，受他差遣。半年前，空禅亲自前往南黄州，付定金在烟雨楼部下委托，要我等助他在驱邪法会上完成凝聚众望之事。因此，我与小弟扮作宛城前来求医之人，却早在小弟体内藏了头面向凶厉。 实则以极度虚弱的旷野鬼来被空禅在众目睽睽进化超度，帮他凝聚众生愿力，成就佛陀金身。原本还有一桩护法的任务，不过当初空禅说的是，若他融合佛陀金身时出现意外，要让我烟雨楼鬼差出手，助他强行打断破镜进程，保下一条性命，却并未提及要帮他阻止刺杀，所以我们当时未对你出手。谋划失败，那是他空禅自己的事，但烟雨楼的任务已经完成，当领酬金。百年来，烟雨楼从未有被赖账的先例。既然空禅身死，无法兑现他许诺的酬金。 那我与小弟便只好亲自出手，在悲祠寺内搜刮有价值之物，带回楼中，请判官定夺。否则，按照烟雨楼规矩，若有一桩酬金被吞，下至鬼差，上至判官都要受罚，严重者更要面临楼内强者不死不休的无穷追杀。这些都有血淋淋的现实教训。先有人敢挑衅烟雨楼的尊严，柳思烟将前因后果说得清楚，眼神一直落在陈木脸上，想要看清他的表情变化。他言辞之中藏着刀锋，许多信息都值得仔细推敲回味，能让人细思极恐。 比如烟雨楼最重酬金声誉，若他姐弟二人殒命于此，必然会面临烟雨楼的疯狂报复。一般人只要念及此层，都会有细微的表情变化。若能捕捉，当有更多谈判回旋的余地。但他的努力却遗憾失败了。自始至终，这少年剑修都是一副侧耳倾听的姿态，看似谦逊，却让柳思烟摸不透他的真正想法，内心忐忑不安。烟雨楼虽然强大，影响力却也大多集中在南黄州。这些年来，虽然也在对外扩张，却不知为何，似乎都在有意无意的避开北玄州。 因此，在北地名声最是不显。从悲祠寺搜刮完毕后，柳氏姐弟迟迟不肯离开，一路坑蒙拐骗，在客栈内上演扮猪吃老虎的戏码，也未尝不是存了一丝想要借此扬名的心思。鬼差的竞争也大，若能将北玄州开拓成为他们姐弟二人的地盘，绝对是一桩天大的收获。只可惜先撞上了杜明月，打扰了好事，又陷入沉默的杀阵之中，倒是让柳思嫣心中后悔，早知如此，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尽早回去了。第七十八章，柳氏姐弟。 把你的麻袋打开，我只取两个物件，剩余的你们可以带走。陈木原本知道这两人千面幻魔的身份，是准备将两人永远留在这里的。但在柳思烟说完那番话后，他的确改变了主意。但柳思烟却只当是他隐晦的威胁起了作用，眸中闪过异彩，开口道：“可是公子，若小女带回之物让判官不能满意，只怕会徒增许多是非呢。”陈木抬眸看向此女，微微一笑，道：“没关系，正好我有事想要见一见你口中那位铜锈判官。” 劳烦带一句话，说陈木不多时日必定登门拜访。柳思烟顿时神色一凛，知道自己是想差了。若这少年见修真忌讳烟雨楼的凶名，对烟雨楼的判官躲避都来不及，又怎么会主动凑上门来？不知公子可是有任务想要委托烟雨楼去办？柳思烟决定旁敲侧击一番，想要一探陈木的意图。非也，只是有一位故人在烟雨楼内担任要职，想要一回罢了。故人，要职？柳思烟和柳念臣对视一眼，都读出了对方的凝重。难道这少年竟然和判官有救？ 若陈木所说不虚，那他们所依仗的烟雨楼鬼差身份，就再没有任何威慑力可言。除此之外，凭借着年轻渐修的实力，若楼内有分量的人出言引荐他加入烟雨楼，很可能上来就是一个英帅的身份地位，在鬼差之上。届时，他们姐弟二人可能都要直接受到对方管辖差遣，随便一个任务安排下来，都能蹂躏的他们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那就麻烦大了。可陈木有必要欺骗他们吗？完全没有这个必要。柳思烟紧了紧身上的衣裳，冷的嘴唇直哆嗦。 身处天风双杀阵内，可以说两人的性命都已掌握在对方手中，要杀要剐都是一句话的事，完全没有必要去伪造一重身份。所以，并非是对方忌惮烟雨楼的威慑才留他们姐弟性命，而是因为少年剑修和烟雨楼有救，看在他们是烟雨楼鬼差的身份上，才网开一面。同样是剑下留人，理由不同，谬之千里。柳思烟脑海里念头纷杂，想了许久，最终伸手拉着柳念臣在陈木面前跪下：“奴家有眼无珠，方才言辞之中多有冒犯，还请公子见谅。” 不要与奴家一般见识。他主动将背后麻袋解开，所有器物都散落在地，数十件金器铺满一地，金光闪闪，夺人眼球。奴家从碑祠寺内掠来之宝，细数在此，一件不少，还有些沿途黑吃黑夺来的财宝器物也皆在此，请公子过目。不说是两件器物，公子既是烟雨楼有缘之人，即使全部取走，又有何妨？陈木扫了一眼，看见两个和金刚降魔杵以及金刚铃相似之物，伸手一招，就有真元将两个器物卷到手上。 怀中制空方丈给予的念珠给出了感应，确认其中一柄金刚降魔杵正是他想要寻找的密钥。陈木遂将两个密钥收好，对其他珍贵之物都不多看一眼。柳思烟见状，轻咬下唇，主动开口道：“公子将来若想登门拜访，可回到南黄州宛城，找到一间名为天鹰坊的楼阁，在保姆处报上‘鸳鸯可献头俱白’七字，即可被引入密室内，和烟雨楼负责事务的公曹会面。经公曹通传，方可让判官现身相见。”柳念臣在一旁听闻，神色焦虑，不由得开口道。 阿姐，这不合楼中规矩吧？烟雨楼戒律森严，且冷酷无情。柳思烟再次将接头地点、暗号透露出去，已是犯下重罪。一旦被楼中追究，是怕在劫难逃。柳思烟以眼色制止了柳念臣的说话，微微摇头，已是坚决。柳念臣见阿姐态度，也唯有闭口不言，只是神色忐忑不安，焦虑难缓。两人皆久久低头，等待来自少年剑修的回应。可过了良久，面前也不见有声音传来，而四周的透骨霜寒。 此刻却似乎有所缓解，一股暖风袭来，让姐弟二人感到了久违的温暖之意。姐弟二人同时抬起头颅，映入眼帘的景象是群山连绵起伏，碧翠成荫。放眼望去，哪里还见方才玄衣少年的身影？竟是就此离开，当真只取了两件器物？柳思烟、柳念辰姐弟对视一眼，心有余悸。阿姐，那把金刚降魔杵和金刚铃有甚奇特的？竟是那剑法高得吓人的剑修，不惜和朝廷镇御司打交道，也要亲自追回。柳思烟仔细回想。 他凭借火眼金蟾，在碑祠寺内一通搜刮劫掠，所得之宝甚多。要知道，这火眼金蟾的作用是识别有超凡之力依附的法宝，无论是禁制、阵纹，还是奇特材质，只要经他火眼一扫，都有光芒彰显。越是珍贵的宝贝，火眼金蟾眼中的光芒就越是强烈炽盛。在他印象之中，金刚降魔杵和金刚铃的光芒都只属中等，不算诸多宝贝里的极品。可一般的法宝，又怎会值得少年剑修亲自动身追赶上来呢？ 难不成是自己和火眼金蝉都看走眼了？就在柳思烟疑惑之际，突然一道沙尘从远方疾驰而来，傀儡金人明甲出现在两人面前。出人意料的是，面对傀儡造物，柳氏姐弟竟然当场下跪，对金人俯首行礼：“属下见过尊上大人，免礼。”傀儡金人冷冰冰的造物声音响起，眸子里的橙光闪烁，显出和在客栈内对阵杜明月时有些许差异。尊上出手，想必那逐鹿山真传弟子是望风而逃。”柳念臣恭维道。 这副躯壳受限极大，即使是本座神灵，也仅能发挥出略气境实力。且那人传承不凡，只是暂时击退，估计还会纠缠上来。属下办事不力，竭尽全力也仅造出这副名甲，请尊上降罪罢了。金人内的原石能耗将尽力，你二人绝不是那逐鹿山真传的对手，速速离去，莫要坏了正事。是尊上。另外，柳氏姐弟听令，属下在烟雨楼为本教接下来的重点目标，你二人既已潜入，当尽力攫取高位，以配合教内行动。 属下遵命。本座于此传达偃师口谕：从今日开始，你柳氏姐弟二人就是真正的千面幻魔。第七十九章入魔。陈木得了密药，就下山返程，却在沿途遇见了一个白袍青年，是探子口中的逐鹿山真传弟子，被傀儡金人拖延住脚步之人。陈木从此人身上散发出来的属于略气境武者的气血，判断出此人身份，但他无疑与逐鹿山发生关联，加上此人与柳氏姐弟有仇，不死不休。而他刚刚才放跑了那姐弟二人。 此时和此人碰面时机不合，因此陈木准备转身便走，和上山的白袍青年拉开距离。但走了几步，陈木就停下了脚步，再次看向白袍青年。此人似乎不对劲。陈木留意到，这个手持银枪、虎背熊腰的高大青年，此刻的状态似乎有些异常，步履蹒跚，眼色空洞，表情麻木不仁。他像是行尸走肉一般，漫步在山道之间，把银枪当做了拐杖，全然没有留意到身旁不远处的陈木，只是沉浸在自己内心的固执之中。 似乎眼里只有柳氏姐弟这个目标，除此之外，他眼中有血丝蔓延，眼角更是正裂，有血泪渗出，沿着脸颊滑入嘴角，而青年却浑然不知。这种状态莫不成事？入魔？陈木皱起眉头，神情严肃。对世间修行之人来说，魔劫往往是比天劫更让人恐惧的存在，因为天劫再难，也是要修到阴神境仙君层次才会面临的劫难，而魔劫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无论是炼气、筑基、金丹、元婴。 还是网上的神游化身阴神渡劫都有可能被魔劫临身，遭遇生死劫难。唯有成就洞真道君境界，达成真正无垢，才算是彻底意义上可以免除魔劫困扰。除此之外，别无他法。魔劫有多恐怖？百年前的魔劫潮，即使是身为玄门之首的上清宗，都损失惨重，几乎要动摇宗门在玄门之中的地位，甚至影响一直持续到了百年之后。在一年前，孟云没渡雷劫成功。 为上清宗增添了一位渡劫天君，才算是将百年前的魔劫潮影响彻底消除。天下玄门正派之所以有除魔卫道的责任，除了道途之争外，提前消损魔劫潮的力量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项考量。若白袍青年再次入魔，陈木于情于理都不能坐视不理。一道剑芒从身后剑匣内飞出，朝白袍青年刺去。后者原本对陈木的存在好似全无察觉，却在这一道剑芒射出之后，猛地抬起头来，双目赤红：“骗子，骗子，都是骗子！” 该杀，该杀！无边的杀意伴随着气血真元一起翻涌，对着陈木冲撞而来。但剑芒锋锐，一下就刺破了杜明月的气血之势，七进到白袍青年身前三尺方位。长一尺有三，两指半宽，剑身满是菱形暗花纹，剑格正反面分别镶嵌蓝色琉璃和绿松石的华贵长剑，寒光耀目，正是纯君剑。一把银色长枪如猛虎下山，架在纯君剑前，和散发正道光芒的纯君形成相持之势。银枪吞吐蔚蓝寒芒。 纯军释放煌煌大日，远远望去，就如同一条蓝龙在与金乌争斗，你来我往，一时间打得难解难分。但若仔细观察，当能发现，纯军舰虽然主动发起进攻，来势汹汹，却只是在杜明月的身前纠缠，并没有真正要夺人性命的杀意，反而是白袍青年的一招一式都透着狠力，仿佛要突破纯军舰的封锁，冲到剑修的面前，展开一场不死不休的真正厮杀。而陈木在指使纯军飞出剑匣之后，就没了其他动作，站在原地安静观望。 突然，僵持的局面被打破。只见杜明月忽然张嘴吐出一口黑血，黑血在半空炸开，化作一团乌黑泥沼，将纯军剑困在其中。与此同时，杜明月双眸通红，脸色狰狞疯狂，发出一声如野兽般的吼声，举枪朝着陈木的方位冲杀而来。枪，陈木身后的剑匣发出颤动，有一声声剑鸣在匣中响起，无数锋利的剑意似乎要挣脱剑匣的束缚，杀向那迎面而来的白袍青年。但陈木只是将剑匣往身前一立，插入脚下土地。 形成一座方碑，再伸手搭在剑匣之上，顿时就止住了所有剑鸣。唯独一柄剑，此时从剑匣的缝隙处飞出，悬停在陈木面前。此剑剑柄如墨，剑身如龙，暗金之中透着清墨之色，蕴藏寒意，威严深重。世名。龙渊。陈木右手探出，将龙渊剑握在掌心，往前踏步，就直接持剑对上了冲杀而来的白袍青年。银枪在半空挥洒出道道残影，如同漫天星幕，银河倒悬，处处都是闪耀的枪芒。 但凡沾上半点，都是被割破肌肤、血流如注、身败死亡的凶险下场。可就是这密集如星雨般的枪芒，却在那少年剑修的剑士面前半点不落，悉数被拦截下来。只见那剑事撑不上快，甚至可以说是缓慢，往往是银枪刺出了数十点星辉，才看见有一道剑影拦过。但偏偏就是这么一道看似姗姗来迟的剑影，却像是对那漫天枪芒有无穷的吸引力般，带动着所有辉光挪动。剑影所向之处，身后都追随而来无数星辉，不让半点有走脱之机。 皆被束缚在剑影行进的轨迹之中。侍卫，复剑。而与此同时，在持枪青年的身后，忽然有一团庞大的璀璨光芒炸裂，发出一道如金乌啼叫般的巨大剑鸣。一轮炽热的大日涌现，瞬间将黑色的泥沼融化，释放出炙热的正道光芒。却是纯君剑灵剑自身被拦，逼迫身为剑主的陈木不得不亲自手持龙渊迎敌，因此感到了羞辱和愤怒，释放出了他阶段能施展出来的最强剑招。在纯军剑煌煌大日的光芒照射下。 杜明月眼中的血红之色在迅速消散褪去，一抹迷茫之色在眸中浮现。而陈木也在此时利用副剑式将对手凌厉的枪法化解，最终斜剑一挑，还在迷茫中的杜明月手中银枪被挑飞脱手，于空中回旋飞舞了数十圈，才倒立枪头，一股脑深深插入到地面之中，形成一圈龟裂之纹。第八十章，墨家手中的银枪脱手，让白袍青年的眼神一瞬间变得凌厉，彻底从血色和迷茫之中挣脱，恢复了澄澈。 他看向挑飞了手中银枪的罪魁祸首，却在脸上浮现感激之色。他抱拳道：“在下逐鹿山杜明月，中了贼子暗算，被引动心魔侵袭，多谢道友搭救，这才得以挣脱。”陈木闻言诧异，不由道：“道友，你能确认自己是被引发心魔侵袭，而非主动入魔？”杜明月缓缓摇头，说道：“在下虽然不才，却也是逐鹿山真传兵家弟子，岂会心灵脆弱至此，被人以言辞攻劫，就自暴自弃，堕入魔道？我乃追寻千面幻魔的行踪，来到此地。” 那魔头真身哪一对姐弟都只有炼气九重修为，没想到竟然擅长墨家的机关傀儡术，被他们祭出的掠气境傀儡惊,惊人阻扰住了步伐。千面幻魔狡诈异常，我怕被他二人走脱，急忙去追，又自恃得逐鹿山枪法真传，对于造物傀儡心存轻视，便心中大意了三分。不曾想那傀儡惊人竟有奇意，突然施展出神魂攻伐之术，勾动我体内心魔作乱。若非道友出手相助，只怕会殒命于此。身为机关傀儡造物的惊人，竟然会神魂杀伐之术。 正常来说，这是绝不可能的事。墨家当年曾对此有过激烈争论，到底要如何去操纵被创造出来的机关傀儡？其中就分了两大派系，拥有两派针锋相对的观点。第一个派系认为，机关傀儡乃人造之物，自然应该是由人族修士掌控。傀儡造物只是法器之流，只需修士分出神识操纵控制即可。此派名为非命。第二个派系则认为。 要真至墨家机关术的巅峰，就必须要让傀儡造物拥有自己独立的神魂意志，以造物之魂代替人族之魂，才能突破上限，将墨家的道推演至人力之不可及的新巅峰。此派名为天智，两派为此争论不休，一度让原本强盛的墨家由此被分割成为两大敌对阵营，彼此攻伐厮杀，被公认是墨家由盛转衰的开端。此后又不知经历了多少年的发展，逐渐非命占据了上风，成为墨家主流。 飞命派更是说服了修行界内的大部分正统玄门，将天智的墨家传人列为邪修，严禁天下人进行机关傀儡造物。关于物魂的研究一直延续至今。假使杜明月所言非虚，那他面对的那具傀儡金人，很可能就是天智学派的产物。加上千面幻魔的身份，沉寂了不知多少千年的天智墨家，很可能会死灰复燃，重出江湖。届时到底会掀起何等波澜，谁都说不准。陈木心念一动，背后剑侠成影剑出。 老无踪迹的往方才他与柳氏姐弟交汇的位置转了一圈，果不其然，已经寻不见了那姐弟二人的踪影。等程影剑归匣，杜明月已经重新取回了他的银枪，来到陈木面前，还不知道有名号，将来若有机会，在下必定报答今日恩情，不过举手之劳罢了。在下陈木，杜道友无需多礼。杜明月看了陈木一眼，抱拳行礼，随即问道：“不知道有可曾见过那千面幻魔？是姐弟二人，皆容貌出众，气质非凡，该是背着一个大麻袋。” 里面装着众多寺庙宝器。说话间，杜明月的目光多次落在陈木腰间别着的两把密钥上——金刚降魔杵和金刚铃的存在，很难瞒过有心人的眼睛。但陈木也不避讳，坦然点头说道：“见过，我也是从三观城寻他二人至此，不过是受伏魔寺制空方丈所托，替他夺回两个物件。我夺回之后，也就不管那二人了。”可惜，杜明月叹息一声，却也知道这是无可奈何之事。毕竟千面幻魔的真实身份，他也是经过多年追踪。 费尽千辛万苦方才确认，一般人如何能将两个姿容颇丰的姐弟与传闻之中凶名在外的千面幻魔关联到一起？再者说了，哪怕明知那姐弟二人是千面幻魔，眼前的少年剑修和对方并无仇怨。既然那二人乖乖交出了所需之物，自然也没了痛下杀手的理由。毕竟行走江湖，谁没有些隐藏的底牌手段？若真逼急了，兔子上会反咬一口人，何况是修行之事？既然如此，在下就先行一步去追赶那魔头行踪了。陈道友，将来若至逐鹿山。 请务必要遣人通传一声，好让在下一尽地主之谊。好说，一定。在下告辞。杜明月拜别了陈木，独自一人又继续上山去找寻那千面幻魔姐弟的行踪。他容貌年轻，大约只有二十出头年纪，却背部微微佝偻，仿佛背负着一座沉重的山岳，步履给人一种异常沉重之感。陈木盯着他背影看了一阵，然后转过身来继续下山，相行渐远。三关城南城门，陈木堪堪踏入，就留意到有数道目光一直在隐蔽地注视着自己。 他抬眸看去，却见有三五个熟悉的少年面孔，被他一看，就飞也似的躲入人群之中。只是没躲多久，又借助摊档和房屋的遮掩，悄悄探出头来，继续朝着陈木所在的方向偷偷凝视。陈木摇头一笑，不去搭理，继续牵着马往伏魔寺行去。没过多时，不出意料的被一个瘦小身影拦下。只见一个小女孩气喘吁吁的跑到他面前，抬头盯着他的脸一顿猛瞧，眼眶里泛着盈盈泪,泪光，正是秦老二。不过此时的小女孩。 和当日在路边酒肆内的形象相对比，可谓有了翻天覆地般的变化。长发洗得乌黑，干净利索的用一根绸带绑在脑后，显出光亮的高额头。原本脏兮兮的小脸也洗去了污垢，露出一张略微黝黑却足够精致的瘦脸。若是肤色再白皙光滑些，说是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也不为过。身上是一件崭新的缺胯袍衫，端是一个男子打扮。怎么不认得我了？陈木笑着问道。而晴儿终于抑制不住，扑通跪地，啜泣道：“公子，你回来了。”第八十一章。 原寂，秦老二领着陈木在城中兜兜转转，拐入一座不起眼的别院之内。此处别院地处偏僻，荒无人烟，门口小巷仅有数名小乞丐在游荡，也是陈木印象中见过的熟悉面孔。进了别院，推门走进一间耳房，果不其然，一身劲装打扮的秦青云就坐在屋内，案上摆放着数份卷宗，女子正在入神阅读。秦司使又见面了，陈木出言道。秦青云放下手上卷宗，站起身来，郑重的朝陈木又行了一礼。秦司使这是何意？ 说来惭愧，我在三关城驻扎三年，找寻兄长失踪线索，举步维艰。而陈兄来此不过区区数日，所得线索可抵我十年之功。此礼是我以一个妹妹的身份对陈兄表达感谢之意。陈木微微一叹，想起了灵剑峰上的孟师姐，虽然相处的时间很短，但却让从小就是孤儿的陈木能够稍微体谅此刻秦青云的心情。秦郎身上可是有你兄长秦凌霄的线索？是。秦青云眼神投向秦郎目光中蕴含复杂。他缓缓开口道。 兄长秦凌霄身为银章司使，有一个独特外号“苍狼捕头”，因为我兄长从小就喜爱在山林里练功，机缘巧合下和一头灵狼成为了主仆，从此灵狼便追随我兄长行动，从不分离。三年前兄长失踪后，我也曾遍搜附近山林，试图找出灵狼的踪迹，却一无所获。不曾想关键线索竟是落在了这个小女孩身上。谋害我兄长那伙人估计怎么都想不到，灵狼竟然救助过一名独自上山寻药的小女孩，并且我兄长也亲自和她见过面，还赐了她情信。 秦儿的出现就如同黑暗里的一道曙光。如今我感觉到距离三年前的真相前所未有的接近。秦青云语气逐渐激动，把秦儿吓了一跳，低着头不敢说话。陈木此时开口道：“秦姑娘应该去查看了秦儿和琳琅相遇的山林，可有线索？”秦青云神色一暗，摇头道：“没有。”陈木微微一顿，又问道：“会不会是一个单纯的巧合？你兄长出于善心，救下一个无辜小女孩的性命，又不忍牵连波及于她，所以并未给她留下任何线索？”秦青云点头道。 是的，兄长不可能会将关键的线索交于一个连温饱自保都做不到的小女孩身上。若真有，只怕秦儿也活不到今天。秦儿听闻，眼中失望之意彰显，双拳紧握，咬住下唇。秦青云看了他一眼，继续道：“但是，他的确是目前唯一一个在我兄长在失踪之前，最后亲眼见过我兄长的证人。这件事本身就具有特殊意义。况且，既然我兄长当年是追踪到了碑祠寺，后来又在深入碑祠寺之后失踪，那在进入碑祠寺之前，兄长和琳琅……” 为何又会突然出现在距离三关城足足有六十里地外的山林内呢？虽然那片山林内很干净，什么线索都没有，但时间和地点本身就是一种可以指向真相的重要线索。兄长虽然不曾给秦儿留下线索，但秦儿很可能是打开通往线索埋藏地大门的钥匙。通过他，我就能倾听到兄长三年前想要告诉我、告诉郑玉思，却又未能说出来的话。秦青云转身看向陈木，眼神里只有坚定，一股激近癫狂的极致坚定。我始终相信，无论那火邪修的势力有多么庞大，多么可怕。 他们也许能够做到，可以轻易抹去一个真髓境武者的所有痕迹，但是绝对不可能完全抹去一个经验丰富的镇玉司银章私使拼了命都想要留下的隐晦线索。陈兄，我需要你的帮助。若能成功破获此案，我秦青云、北庭镇玉司以及雍俊秦家都会永远铭记你的恩情。陈施主，你回来了。阿弥陀佛。苦文站在伏魔寺门口，双手合十，神色悲怆。在苦文身后，有伏魔寺僧人齐声念诵佛经之声，齐声哀痛，伴随着忍不住的啜泣之音。 因伏魔寺不大，透过苦文身后洞开的寺门，陈木能清楚看见大雄宝殿门前挂起了帷幕，更有一龛立于殿前，几乎所有伏魔寺的僧众都聚在了龛前，齐声诵经，袅袅香烟冲天起，与哀声一起送入西天极乐世界。这是陈木眸光一凝，神色变得肃穆起来。智空方丈圆寂了，苦文叹息道。陈木站在原地，沉默片刻，难掩此刻心情。真要说起来，无论是他还是苦文，都和智空方丈不算相熟。 可智空却是两人心目中真正得到高僧的形象，悲天悯人，以苍生百姓为念，自身却秉持苦修观念，终其一生都不曾享受过半点奢华富贵。哪怕在伏魔寺的鼎盛时期，寺庙的规模也并没有因此得以扩大，收敛的香火钱财也是半点不多。而在诸多真传弟子意外身亡后，智空方丈也没有因此自暴自弃，怨天尤人，而是一如既往的拜佛、诵经、苦修、渡人，甚至还拖着残败伤重的身躯，为了三关城内的百姓安危。 参与到这场明知是有猫腻的驱邪法会，也是这个举动彻底葬送了自己的性命，中了空禅的诡计，深受佛毒残害，彻底回天乏术。陈木本以为制空方丈至少会坚持到他和苦文探佛窟归来，看到心心念念多年的佛窟真相才会撒手归西，没想到他这边刚从柳氏姐弟手上夺回两把密钥，回到伏魔寺内看见的却是制空方丈的入龛电仪。唉，陈木深深叹息一声，他抬眸看向苦文，问道。 智空方丈的奠仪要持续多少天？方丈是昨夜圆寂的，要先后举行誉王、敬衣、入龛、所龛、举哀、转龛、下火等诸多佛事，到最终入塔，只怕最快都要七日时间。那小和尚，你可愿随我往佛窟一行，在七日内将佛窟内的真相带回，以为方丈的在天之灵？故所愿也。第八十二章，诸多巧合。按图所记，陈木和苦文小和尚回到芒谷，已是入夜，看着芒谷内阴煞森重的景色。 陈木在心中涌现出一股奇特的思绪，在被剑童子以秘法传送下山之前，他从未想过会在此地逗留这么长的时间。孟师姐留下的玉简之中写得清楚，他的四个师兄都不在北玄州地界，也不知道是不是有意想要躲避开离宗门最近的范围。原本陈木也是同样的打算，若非是他刚出荒冢就遇见了被遗弃的大红花轿，并且在轿内撞见死去而不自知的新娘子段轩，只怕此时他都已经走到南黄州的地界了。世事就是这般难以预料，事端既生。 往往余波甚广，让人疲于奔命。陈木开始也只当是一场巧合，他只是在巧合的时间出现在了巧合的地点，并且遇到了巧合的事件。但随着这次和小和尚苦文一起沿着制空方丈留下的佛窟余图一路往芒谷深入，陈木内心却是渐渐被疑云笼罩，似乎总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模糊感应在给他提示，一切可能都并非单纯的巧合那般简单。而当两人渐行深入，终于来到了余图上用朱漆圈起之地时，陈木终于明白自己内心那道模糊的感应到底是从何而来。 因为就在他面前的不远处，一座孤零零的荒冢正安静地卧在地上，一如安详逝去的老人，以天为背，以地为床。在荒冢的四周，更是散落有无数红袍、绸缎、皮棉、单衣、锦霞、玉镯、簪子等物，甚至还有书面书写着硕大韩字的宝盖华幡。初看这些被遗弃之物时，陈木还没有太大感觉，如今重睹旧物，却颇有一种物是人非之感。原本韩家在三关城内威风八面，可一言而定一个良善百姓家庭的生死。 如今，在东瀛子肆虐一番后，听闻剩余的韩家之人都纷纷逃难，离开了三关城，各自投奔外地亲戚。树倒猢狲散，就连那些在外地没有跟脚的家奴婢女，也都卖身给了城中的其他大户，彻底抹去了身上属于韩家的印记。今后提及三关城内的权势人家，再无人会带上半个韩字。再看这满地价值不菲的玉器饰品，不由得让人心生无尽唏嘘。陈木伸手一招，银帆从他袖里飞出，一阵青紫烟雾过后，段轩身披玄勋衣袍的身影浮现。 把鬼新娘招出来后，陈木也不开口说话，而段轩则是看着不远处熟悉的场景，久久陷入沉默之中。阿弥陀佛，还是苦闻小和尚出生打破了寂静。段轩，如今韩府已成历史，你的这桩冥婚也未真正成礼，为何不去了这件婚袍，换一身行头？以你的道行，想来不难做到。陈木对段轩开口说道。后者也从复杂莫名的情绪之中恢复过来，转眸看了陈木一眼，微微一笑：“小女已成鬼身，阴阳两隔。” 不再受人间世俗旧礼约束，穿着什么衣裳又有何打紧？况且韩府已成过往，这身婚袍对小女而言也没了意义。反正都是做鬼，还不如做个孤寡的鬼新娘，至少落落大方，煞是好看。苦文微微点头说道：“段姑娘是有佛性之人，将来投胎转世，未必不能入我佛门，成就罗汉菩提果位。”段轩只是掩嘴一笑，道：“小女根性不净，做不得佛门弟子。如有来世，倒是愿意成为公子门下的一位记名弟子，逍遥自在。”苦文听了。 只是摇头，苦笑不已。陈木倒是不以为然，眼神凝视着前方荒冢，若有所思。如果鱼图所标方位没错，佛窟该是在这附近了。只是小和尚，你可曾看到有入口所在？陈木问道。苦闻小和尚掐着念珠，眼神扫视一圈，缓缓摇头。而段轩更是实在，化作一缕青紫煞云，绕了一轮，回到陈木身前。公子，这附近除了山石陵墓，就只有这座荒冢坐落了，没见有什么佛窟存在的痕迹。可惜了，制空方丈不在。 否则也不至于你我二人如无头苍蝇般乱闯。既是佛窟密钥，打开禁制的时候，当有佛法感应。陈施主不如将两把密钥交给小僧一事。我正有此意。陈木将金刚降魔杵和金刚铃都交给苦文，后者接过两把密钥，口中念念有词。他不在四个方向分别走动，最终苦文的脚步停在了陈木熟悉的那座荒冢之前。不是吧？陈木嘴唇紧抿，眸光清颤，心头闪过一道灵光，但当他想要仔细捕捉时，却又一无所获。 为何剑童子要将传送的落脚之地安排在这么一座荒冢之内？陈木首先排除了林师伯是要害他的可能。若剑童子真有恶念，根本就无需这般麻烦，且这般明显。既然和剑童子无关，那段轩化鬼以及佛窟所在，都出现在和他降临之时相同的位置地点。最有可能的猜测便是，此地有特异之处，以至于段轩于此地化鬼，佛窟于此地出现，就连先天之灵的剑童子都将此地列为秘法传送的目的地。 就在此时，只见苦文身上有金色佛光涌现，金刚降魔杵和金刚铃都自主从苦文的手上漂浮而起，两件密钥都同时光芒大作，有梵音阵阵从四面八方的虚空处响起。与此同时，苦文身前的荒冢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只见封土的石头松动，整座荒冢都往两边开裂，现出一个黑漆漆的往下甬道入口。而在甬道的最前方，两尊高大的罗汉石像怒目圆睁，以愤怒相狰狞相对。在两尊罗汉像的中间，有一道静止光芒勾连。 封锁了整个甬道，有两只林间的蚊虫被光吸引，飞扑着翅膀冲来，但在撞上静止的瞬间就被弹落，跌倒在地上挣扎两下就不再动弹。陈木和段轩走到罗汉像前，段轩看着静止的光芒，神色忌惮，似乎那光芒对鬼类有莫大的杀伤力。苦闻凌空托举着两把密钥，缓缓行到罗汉像前，他手臂一抬，就见那金刚降魔杵与金刚灵刀仿佛受到了天然的吸引，自觉就落入到两尊罗汉像的手中。第八十三章洞窟，两把密钥归位。 落入两尊罗汉像之手，禁制也随之发生变化，阻碍进入甬道的光芒消散不见，彻底露出黑漆漆的向下甬道，伸手不见五指，似妖兽张口，又似宝库迎客。此一行入，吉凶难测。但陈木和苦文都不曾有半点犹豫，对视一眼，就纷纷踏入甬道之中。苦文行走在最前方，手持念珠，身体散发出淡淡金色佛光，浑身肤色如同像一尊铜人，在沉稳行走。他不善与人斗法，却在横练外功上练到极致，铁布衫、金钟罩。 刀枪不入，诛邪难侵，是个当先锋探路的好棋子。苦文小和尚也有此自觉，于狭窄漆黑的甬道上先行一步。鬼新娘段轩走在苦文身后，他鬼王之躯对佛窟内的气息最为敏感，先前也是他对禁制的反应最为强烈。他走在苦文身后，可探查危险，相当于以身为耳，掀开这佛窟的神秘衣角。陈木则走在最后，手握龙渊剑，身后剑侠气机张扬，十一柄名剑随时蓄势待发。他的战力无疑是三者之中最强。 且宝剑多，机动灵活，作为压阵的角色最好不过。他们都很清楚，这座诞生了伏魔和背慈两寺师祖的佛窟圣地，在空禅堕落邪道后，已经不再可靠，随时都有生变的可能。要知道，两寺的师祖都是欲界定修为，于此地开悟，然后成宗立派，足见佛窟奇异。他沉木和苦文，一个筑基境修士，一个细心筑沙弥，外加一个相当于筑基修为的鬼王，不小心行事，若真有意外，怕是连个收尸的人也无。 这也是陈木一开始没有回应智空亲自相赠的原因，他随时都和小和尚做好了见机不妙，脚底开溜的准备，自然不能贪取那伏魔寺的馈赠，平白束缚了自己的手脚。但陈木和苦文一番默契的配合，却在行入甬道数十步后，就宣告是做了无用功。这地下佛窟内的地形真是应了出极窄，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的记文。只见两人一鬼在狭窄甬道内小心翼翼行了一阵，忽然笔直向下的甬道突然在尽头处拐了个弯，转入后有一个狭窄洞口竖在前方。 苦文一马当先，裹着金身，低头穿过洞口，然后抬头仰望，站立不动，叹了声“阿弥陀佛”。陈木跟在断轩之后，也钻过洞口，抬头四顾，眼中眸光闪动。原来穿过这洞口之后，就不再是狭长漆黑的甬道，而是进入到一座洞窟之中。借着苦文小和尚身上散发出来的淡淡佛光，能够看见这座洞窟极高极阔，足有伏魔寺大雄宝殿的三倍大小。抬眼望去，四周的石壁之上都密密麻麻刻满了佛龛，每座佛龛的雕刻装饰都十分华丽。 有连半尖拱，帷幔流苏，坐着形态各异的众生佛像，怕是不下千尊数量。人站在洞中，就如同蝼蚁被千佛注视。无论是否是家信徒，在这一刻都必然生出对佛陀的无穷敬畏之心，凛然肃穆。而在洞窟的中心位置，更是释迦牟尼主像，面容清瘦，眼含笑意，安详端坐在方台之上，左右各有一尊菩萨侍从，皆表情文静，仪态从容。苦文小和尚在释迦佛像前恭敬行礼，陈木在身后看着苦文的背影，眼中闪过思索。他算是发现了。 这位小和尚对佛的信仰似乎并不拘泥于形象地点，悲慈寺的佛他拜，伏魔寺的佛他拜，这座神秘佛窟的佛他也去参拜，姐皆为诚心之举。陈木透过清澈玲珑心能够辨清，但分明三个地方的释迦佛像都在形态上存在差异，并非统一形象。如此一来，竟也不影响小和尚的虔诚信仰。陈木心中有疑问，当场就问了出来。没想到他的问题反而让苦文奇怪地看了他一眼，随后苦口婆心道：“陈施主何必这香？佛由心生，只要心中有佛。” 万物皆可是佛，拜佛又何须执着于高矮胖瘦？陈木眨了眨眼，似懂非懂，又行了一圈，用目光细细打量，见这座洞窟内都无甚异常，却也不见出路，仿佛甬道通向之地就是这么一座封闭的洞窟，再无其他出口。陈木皱眉开口道：“真是奇怪，制空方丈明明说过，佛窟内有记载了真经的石壁，更有数以千计的佛像坐落，缘何我等却只寻见这么一座洞窟？莫不成还有其他入口？”苦文也是眉头紧锁。 他以佛法神识扫过了这座洞窟，也不见有什么独特之处。伏魔和悲慈两寺祖师大费周章在入口布置禁制，只是为了锁住这么一座平平无奇的佛窟，确实太过奇怪。可能是有机关密道，我们再仔细找找。”陈木开口道。就在此时，身后有动静响起。陈木和苦文转身看去，只见段轩手上竟是捧着一尊微缩的佛像，如无意外，当时刚刚从石壁佛龛上摘取下来。阿弥陀佛，苦文难得脸上浮现出少许怒意。段轩见状。 急忙将手中的佛像摆回原位，见佛像不稳，还吐出一口青紫阴煞助为固定。见状苦闻，苦文更是深深叹息一口气，转过身去，对着释迦佛像再拜，似是在请求宽恕。段轩情知自己闯了祸，有点羞愧的看向陈木，吐了吐舌头。陈木缓缓摇头，没有开口，只是眼神示意段轩跟紧自己，不许乱动。段轩急忙像是犯了错的媳妇，亦步亦趋跟在陈木身后，不敢再胡乱行动。但他们都没有注意到那尊被段轩摘下后放归原位的佛像。 忽然有实质根须从体内生出，渐渐将佛像重新与佛龛石壁又连为一体。而段轩吐出的那口青紫阴煞，更是被那石须吸收，很快就消散于无形。与此同时，陈木等人只听见轰隆一声，眼前的释迦牟尼佛像竟然在一阵激烈的晃动后，连带着坐下方台一起往上升抬了三尺高度。而在方台的下方，则露出了一个黑漆漆的洞口，可容通行。陈木猛地抬头看去，只见这尊原本眼角含笑的释迦佛像。 不知是不是因升台后变换的角度，连祥和的笑意都变得阴森起来。低垂的眼眸，高高在上，似乎在冷眼看待脚下的众生蝼蚁。第八十四章药方从方台下现出的洞口穿过，又是一条狭窄冗长的甬道。但这一次的甬道和入口那处不同，两侧的石壁并非光滑，而是每隔十余步就有一尊赤发虚张的金刚力士像坐落于甬道之中。金刚力士像的手掌皆作虚握状，陈木猜测该是有火把被握在手中，以此点亮整条甬道。只是不知为何。 这些金刚力士像此时手中的火把都已经消失不见，仅余下一张张狰狞怒目的面孔，在黑暗之中死死盯着每一个从甬道中通行之人。公子，说来奇怪，自从离了入口的那两尊罗汉像，我越是深入佛窟，反而越是感到轻松自在。虽然被佛陀、菩萨、金刚力士包围，但却不觉有被压制之感。段轩低声朝陈木说道。陈木闻言点了点头，不动声色。他之所以不将段轩收入阴幡，也是存了利用他鬼王之躯进行探秘的心思。 毕竟佛门圣地天然就对鬼类存在压制。段轩在碑瓷寺和伏魔寺内，因受香火信仰愿力的压制，实力往往只能发挥出七八成水准。而作为伏魔、碑瓷两寺起源地的佛窟，按理来说带给段轩的压制之力当会更大才是。可在这上千佛龛以及世家主相的围拢下，段轩不仅没有感受到压制，反而轻松自在，这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何况他还亲手摘下了一座微缩佛像，而身上却无半点被神圣佛意灼伤痕迹。要是寻常的佛窟也就算了。 可这是诞生了三关城两大寺庙的佛门重地，且常年得到禁制保护，任由一个鬼类肆意行动，无所制衡，就显得很不同寻常了。沉默的脚步声在甬道内回荡，又转过一个弯道，再次有门洞立在前方。穿过门洞，不出意外，又来到一处开阔的洞窟之中。这座洞窟比前面所见的一座要小上许多，佛像也只有五尊。正壁主佛身躯粗壮，造型敦实厚重，身躯僵直少曲线，精致程度远不能和前面所见的释迦佛像相比。这是什么佛、啊？陈木出言问道。 没想到喜好读经的小和尚，此时竟也皱眉沉思，也是认不出这主佛的来历。公子，这边有块石碑，上面刻着字。段轩忽然在一旁呼唤，陈木和苦文都踱步前往。果然，一块石碑立在最右侧的菩萨像旁。苦文脚步最急，已是张口把那碑上的文字给念了出来：“自非清真见相，焉可十笔一光？若不勤栽药树，无以治滋龙骨。”小师傅，这是什么意思？啊？段轩不解问道：“阿弥陀佛，碑上所言，大意是劝世人开龛造像。” 就如同秦仲要术可以解除耳聋目盲等疾病之苦，是德善之举也。陈木略微沉思，说道：“如此一来，岂不是说这座佛窟乃是由百姓共同筹钱所建，在掩埋地下之前，也是一方香火鼎盛之地？可若当真如此，为何三观城内外皆无关于此地传闻？他又是为何会深埋地底？七百年前，伏魔与悲慈两寺祖师在悟得真经后，为何不将其公开，供百姓参拜向佛，反而以禁制封锁，让其不见天日？”苦文与陈木对视一眼。 都读出眸中的凝重。随着他们夺回密钥，深入佛窟，心中的疑惑不仅没有得到解答，反而是谜团越积越多。按照这石碑记载，若佛窟当真是由佛门中人劝百姓开龛造像，那要建成这般巨大的佛窟，只怕要不下数万人的齐心参与。如此一来，无论是地方志还是百姓口口相传，都该有所记载才是。怎么如此建制完好的被掩埋于历史长河之中呢？而更让人疑惑的，还是伏魔和悲慈两寺祖师当年的选择。 陈木和苦文本以为佛窟只是一座小型的洞窟，里面载有宝贵的真经，法不轻传，因此才选择将其封锁，另立寺庙宣扬佛法。但眼前佛窟的规模远远超出了陈木和苦文的想象。明明有这么一座足以彰显佛门伟力的佛窟存在，不选择以此佛窟为根基弘扬佛法，反而秘而不宣，岂不是弃本逐末，事倍功半？哪怕出于保密的缘故，也只需将载有真经的核心区域封锁即可，又何须将整座佛窟都弃之不用？陈木和苦文的眼中都同时闪过惊疑。 一个不太好的猜测浮现在两人的心头，可惜如今智空方丈和空禅妖僧都已身死，七百年来被掩埋的秘密也断了传人，如今却无人可替他们解答了。小和尚，快看，这里的石壁上有字！陈木眼尖的看见洞内除了五尊佛像外，在两侧石壁上还刻有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他当即神情一震，莫非这就是真经所在？苦文闻言赶来，光秃秃的头上散发佛光，以作烛火，看向石壁上的文字。半晌之后，苦文深沉叹息一声，转身看向陈木。 眼神复杂，如何？小和尚，上面记载的是什么？是药方。药方是药方，但并非是针对修行者所开之方，而是医治寻常百姓之妙方。若能将此洞窟所载之药方推广，因伤寒、瘟疫、因龙盲、痢、吐、剥、钩等顽疾而失去性命之人，大概能减少一半；因世间常见疾病而被夺去性命之人，能减少一半。这是何等天大的功德！然而，这满满两石壁的药方。 就这样蒙尘在不见天日的阴暗洞窟之中，数百年来无人问津，自然也就无人受益。三年一届的驱邪法会与之相比，也不过是萤火如皓月争辉，当真是不值一提。陈木与苦文的心情愈发沉重。公子，这里竟有石凳和宣纸，你快来看看。段轩身为鬼王，视野在黑暗之中亦无碍，很快就发现了陈木和苦文都未曾看见之物。行到另一侧的石壁角落，果不其然，一张石凳、石案摆在地面，上面各有笔墨纸砚，都显破败陈旧。 满是灰尘，安静躺在原处。陈木伸手捡起其中一张宣纸，上面有清秀的字迹，记录着和石壁上一样的文字。有人曾在此洞窟之中抄录药方，只是不知为何还未攻城，就匆匆搁置。到底是谁能同时握有两把密钥，独自深入佛窟之中誊抄石壁药方？如无意外，此人当是发自善心，想要将洞窟内的药方公诸于世，挽救世人性命。只是不知他为何还未抄完就匆匆离开，连洞窟内的石凳、石案以及写了一半的纸张。 都来不及收拾妥当，任凭其再次蒙尘。这佛窟内的谜团，却是又多了一桩。第八十五章黑影药方洞内，这次没有击破开关，绕到头冠带子垂到胳膊上部的菩萨向后方，就能看见又是一条漆黑冗长的甬道。有了经验，接下来沉木和苦文的脚步就快了许多，接连又是穿过了三个洞窟：有顶部雕刻着巨大浮雕莲,莲花的莲花洞，有供奉阿弥陀佛与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的三圣洞，有描绘了某个国度信徒们聚集拜佛的礼佛洞。 最终，在几经兜转之后，一座与众不同的洞窟出现在了两人一鬼的面前。此时，距离他们出入佛窟已经过去了不知多少个时辰。一路下来，小心翼翼，全神戒备，即使是以陈木和苦文的修为，也感到一丝发自内心的疲惫。这种疲惫并非是因丹田气海内的真元衰竭所致，而是一直绷紧的神经以及无时无刻不在铺开的神识，让他们在精神上消耗颇大。陈木心里清楚，这趟佛窟之行，除了探秘佛窟真相外，还有一桩要事不得不防。 那便是关于暗中养鬼的邪修势力，空禅已死，制空方丈也于昨天圆寂。至此，陈木可以说再无逗留在三关城内的理由。这次的佛窟之行结束后，大概率就是陈木离开三关城之时。若不想做事，陈木带走鬼王段轩去到陌生之地，毫无疑问，这次深入佛窟地下，应该是那火幕后邪修下手的最好时机。为此，陈木和苦文甚至没有在进入佛窟后重新封锁入口的禁制，留下一个破绽，就是为了引蛇出洞，故意为之。当然。 陈木这些时日卖的破绽不止这么一个，他独自一人前往追踪柳氏姐弟，也是给了对方一个绝佳的下手机会。可惜不知是出于谨慎还是其他原因，总之并没有能够如愿。而这一次若还不能钓上大鱼，陈木也只好按照原先行程安排，先行往南黄州走上一遭了。正是要在探索佛窟的同时，奋出大部心神来防范有可能尾随而入的敌人，陈木和苦文才不得不小心谨慎，稳步推进。即使是这般缓慢，此行也是差不多要到了尽头。 映入眼帘的是进入佛窟以来最大的一座洞窟，如同凿空了一座山体，方才铸造成这么一座洞窟。仰头望去，苦文身上散发出来的淡淡佛光，甚至不能助他们看见窟顶所在。而在这座巨大佛窟的中央，立着一尊长宽各有十余丈的巨大佛像。佛像的右侧是迦叶，左侧是阿难，均为佛教典籍记,记载中的佛陀弟子。两佛陀弟子身侧，又各站着普贤和文殊菩萨，其后又一次排列着天王与力士，左右共有佛像八尊，共同簇拥拱卫着中间的巨大佛像。 按理说，如此规格占据中央主佛像位的，只能是佛陀释迦牟尼像。但奇怪的是，入此洞窟之后，苦文是首次入窟不拜佛，而陈木则是双眸紧紧盯着中央巨大佛像的脸庞，仿佛要从中看出一朵莲花来。公子，小师傅，发生了何事？段轩感觉到气氛有点莫名紧张，不由得出言问道。而得到的答案，让即使是身为鬼类，却一路随苦文听取了许多佛教知识的他，都不由得为之魂魄一颤。此像不是佛陀，苦文肃穆道。 我看这佛像面孔，怎么感觉有点似曾相识？陈木微微眯眼，段轩睁大眼睛，不是佛陀，却以佛陀的规格来铸像，而这窃据佛陀宝座之人，竟还是让陈木感到有些许熟悉之面孔。如此这般，简直是让人细思极恐。陈施主想起了谁？苦文转头问道。陈木冥思苦想，总感觉有一根琴弦在脑海之中不停拨弄，却怎么也无法想起清亮的琴音，一团乱麻，隐隐还影响的太深，出现了些许头痛。等等，头痛。 陈木眼中金芒一闪，握剑在手，全身气机张扬，真元激荡，引得一身玄衣长发无风而动。小心，有人来了！什么？话音刚落，苦文和段轩皆是一惊，还没来得及做出戒备，就有一道黑影从背后悄无声息的袭来。陈木挥剑回斩，却意外落了个空。那黑影的身躯在黑暗之中，竟是像影子一般，可以随意扭动弯曲，躲开了陈木反应极快的一剑。但黑影的刺杀目标，居然还不是站在最后的陈木。 而是绕过陈木的剑，朝全身如铜墙铁壁一样的苦文和尚杀了过去。就连想着支援陈木的苦文都没有预料到这一出，被一道细小的寒芒迎面袭来，他头皮发麻，有股心悸之意，只来得及仰头，堪堪躲过滑向咽喉的犀利一击。可寒芒依旧是擦过他的下颌，一路往胸膛倾斜撕扯，鲜血溅出。浑身青铜肤色的苦文竟然在这黑影刺客的一击之下就被破了金钟罩铁布衫，身躯负伤。而若非他躲避及时，刚才那一记寒芒划破咽喉要害，后果。 不堪设想。见到苦文彪血，就连陈木都大吃一惊。随即，他眼眸闪过冰寒，段轩出手围杀此人。陈木能感觉到，这个尾随而来的黑影实力很强。虽然不是金丹境修士，但必然是筑基境中的佼佼者。要论此人带给他的威胁，甚至要超出当初在太真殿内所见的同境界之中的绝大多数上清真传。这简直是匪夷所思。上清宗是天下玄门之首，所收弟子无论是天资、根骨、悟性，都属上上等。 唯独缺乏的可能就是生死搏杀的经验，但这个短板随着修为的提高，逐渐接取宗门任务，下山历练也会得到弥补。如今黑影刺客带给陈木的威胁感，要超过众多上清弟子，只能说明这是一个专攻于刺杀之道且经验丰富的可怕杀手。甚至在他沉木初见的前提下，还突袭刺伤了苦文，实力之强，修为可能已经达到筑基后期，随时都能向金丹境发起冲击。结合在深入佛窟后的种种谜团见闻，愈发让陈木感觉三观城的这潭浑水。 可能比他预想之中的还要浑浊和幽深，而直到现在，那个让秦凌霄消失无踪的幕后黑手都还没有亲自出手。如此局面，让陈木怎敢再有留力？身后剑匣打开，十一道剑芒齐齐飞出。他出剑的同时，也不忘命令段轩与他合力围攻，务必要第一时间诛杀隐藏在黑暗中的刺客。但就在此时，他耳边却响起了段轩的痛苦哀嚎。第八十六章，千佛争谋。黑影对段轩出手了。苦闻金钟罩被破功后。 身上散发的金色佛光也瞬间暗淡，范围一下缩小。而即便有佛光照耀，那黑影似乎也有躲避光芒的本领，一直潜藏于漆黑之中。但段轩紧跟在苦文身后，还是能看清他四周的环境，并没有什么黑影的存在。他身上也不见有伤口出现。既然不是黑影对段轩出手，为何此时的鬼王看上去表情异常痛苦，双手指甲都要插入脑壳之中，隐隐有失控迹象？陈木想起某个可能，猛地抬头，紧随着映入眼帘的一幕，让陈木在很长的时间内都不能忘怀。 只见千佛争眸，众人眼下身处的这座洞窟是进入佛窟以来最大最辽阔的一座洞窟，足足有一座中型山峰那般巨大。除了正面的九座巨大佛像外，四周的山崖之上更是密密麻麻布满了佛龛，坐满了菩萨。原本这座洞窟内的佛像都是呈现一种闭目冥想中的状态，正所谓画龙点睛，眼睛是一个人的神韵所在。而没有睁眼的佛陀，就像拼图上缺失的关键一环，让陈木无论如何都想不起来那张熟悉的面孔到底对应的是哪位旧人。 如今，除了正面的九尊主佛像外，四周山崖石壁上的小型佛像，通通睁眼。每个佛像的眼眸之中，都有神圣的金色佛光散发，如同千盏铜灯，瞬间将整个洞窟点缀的如梦幻泡影，不似真实存在。自从下了佛窟以来，段轩的表现都是惬意轻松，像是在踏春赏景。三人之中，竟是他最无拘自在。毕竟陈木和苦文都要小心防备来自邪修的暗中出手，但他不一样。原本他就是等待被超度的心态，如同赴死，一个每时每刻都在等待死亡的女子。 自然不会再有什么心理上的负担，但也正是段轩这种轻松的表现，让陈木都几乎下意识地认为佛窟出了变故，不再是充满佛性与神圣的佛门重地。而眼下发生的一切，却在纠正陈木与段轩的错误观念：佛窟依然是佛窟，是万千百姓以信仰铸造、千万佛陀坐镇之地，诸邪辟异，万鬼不侵。若非遭遇变故，被深埋地下，这么一座巨大的伟岸佛窟，若是被正常参拜，香火愿力不绝。 只怕段轩在踏入他范围内的第一时间，就会面临被佛焰灼烧的无尽痛苦。如今虽然香火断绝，愿力不存，可佛陀、菩萨、天王、力士依然在。当千佛争谋，佛光普照之时，世间邪祟鬼怪依旧无所遁形。陈木伸手一招，段轩顿时化作一道青紫阴煞，投入到阴幡之中。己方既苦闻金身被破后，又折损一员大将。段轩身为鬼王，会受到佛窟压制，丧失战力。其实早在陈木的预想之中。 不然他也不会一直将段轩放出阴幡在外游离。他的目的就是利用段轩身为鬼王的特性，来验证这佛窟内到底发生了何种变故。但在此时此刻，千佛争谋时机却是太过巧合，简直就像是专门配合黑暗中的刺客行动一样。要说这两者之间没有关联，陈牧是打死都不信。十一道剑芒回转身前，他刚才情急之下，剑匣内的所有宝剑齐出追击黑影，但那黑影隐匿潜藏的手段着实了得，不仅能够一路尾随不被发现。 而且在被陈木的气机锁定后，居然还有挣脱消失的神通，以至于丧失了目标的飞剑不得不回转陈木身边做防御剑士。不过凡事都有两面性，千佛眸中的佛光在对段轩造成了伤害的同时，也驱逐了洞窟内的阴影，以至于让陈木终于看清了神秘刺客的真容。这是一个服饰十分另类怪异的青年，身穿半坦臂膀的皮袄，披发左衽，脸上和身上都带有刺青，像狼图腾。如果陈木没有认错，这应该是大井北面属于域外蛮族的服饰。 居然连域外蛮族也牵扯其中。自从四周一统，景廷成为天下共主后，内部可谓是风调雨顺，盛世繁荣。但对外的战争却从未停止，几乎每年都有蛮族南下取食，也几乎每年都有景廷的军队北上征功。对于镇域司来说，发现一个蛮族的修士刺客潜伏在境内，严重性丝毫都不比邪修作乱要来的低，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但镇域司的事，陈木懒得去管。眼下，他只关注这个蛮族青年的现身会产生多少变数。 蛮族青年身材不高，还不足五尺，但身体精壮，肌肉匀称，线条如同猎豹雄狮，散发着属于野性的力量。最为引人注目的，当属是青年的眼睛，那是一双冰冷到近乎无情的眼眸，里面看不出有半点感情。盯着陈木的时候，让少年剑修有种在荒郊野岭被豺狼盯上般的感觉。他对此并不陌生。你是谁？陈木开口问道。而与此同时，成影剑的剑芒已经消失在原地，眨眼的功夫就出现在了蛮族青年的背后，径直朝他的头颅刺去。 陈木表面是开口询问，实则上已经痛下杀手，不准备给蛮族青年发生的机会。苦闻见血的场景还历历在目，陈木也打算让这位暗中出手伤人的刺客体验一下同样的滋味。但成影剑这次却没能建功，他在距离蛮族青年脑后不足一尺的位置就被拦了下来。挡下成影剑的是一把锋利的骨刃，不知道是用什么妖兽的骨头制成，通体惨白，却异常坚固。骨刃的刃尖就抵在成影剑的剑尖之上，双方都在微微颤抖，呈现出僵持之势。 针尖对麦芒，两把纤细锋利的兵刃以尖端碰撞，需要的是何等精准的掌控之力。然而，陈木注意到，自始至终，那蛮族青年的眼神都是落在自己身上，从未向后瞄过，哪怕半眼。也就是说，他是在盲视野的前提下，判断出了成影剑偷袭的轨迹，并且反手挥动骨刃网后，手臂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扭曲，直接拦下了成影剑无形的剑芒。这种全身如烂泥般的软骨之术，陈木闻所未闻，因此更为慎重。 随雪刃，猩红剑芒往前疾驰，正面继续对蛮族青年发起进攻。与此同时，又有两道剑芒从左右同时包夹而至，一者威力生壮，一者灵劲翠力，正是太阿与斩蛇。四剑齐发，四面围攻。陈木倒要看看这蛮族青年到底有几双手、几只眼，可以在失去阴影潜藏状态下拦下他的剑士功法。第八十七章：昆吾蛮族青年的修为在陈木之上，虽然红尘道修炼起来百无禁忌，以牺牲未来为代价提升当下。 以修炼速度快著称，但陈木估计他要追上蛮族青年的修为，至少还有数年以上的苦功方能做到。可他得自凌渊剑池的十二柄宝剑，在同境界的斗法之中实在是太逆天了。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法宝数量多少的问题，而是十二柄蕴养了剑灵的宝剑，在质和量上都同时形成了近乎同阶碾压般的实战效果。一把成影剑都足以震慑住同为筑基境的东瀛子，龙渊和纯钧齐初就足以和入魔、激进、癫狂状态。 同为三十六玄门逐鹿山出身的真传杜明月形成僵持之势，哪怕面对坐拥主场之力，即将借助佛陀金身冲击欲界定境界的空禅陈木，也不过是以巨阙拦截世家佛像，再以随血刃和成影剑齐发，就斩下了妖僧头颅。剩余的九柄剑做了陪跑。自下山以来，他还从未遇见需要十二柄宝剑共同御敌的局面。眼下面对这蛮族青年，视为首例。虽然正面围攻上去的只有成影、随血刃、斩蛇、太阿四剑，但因为苦文的伤势。 以及顾忌对手神出鬼没的隐匿招式，陈木还是让剩余的八剑都做了防御姿态，不敢有丝毫大意。而事实证明，他的谨慎是明智之举。只见被四剑包夹围攻的蛮族青年，眼神没有半点变化。就在随雪刃即将刺到的瞬间，竟然凭空消失在了原地。不单单是在陈木的视线里消失，连同他被锁定的契机也再次隐匿无踪。不过这一次到底是在光线明亮之地，加上陈木的视线也从未从他身上离开，所以看得清楚。 蛮族青年不是真有原地遁入虚空的法门，而是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将身体化作一道如阴影，沿着崖壁和地面游动。阴影的游动速度极快，且能躲避契机追寻。哪怕陈木一直盯着，可这洞窟之内，即使千佛争眸，依然有大片的斑驳阴暗之地被阴影汇入，就如水滴汇入汪洋，再也难以窥见影踪。陈施主小心，这是天赋神通，和一般的神通功法不同，诡谲奇特，难以应对。苦文此时在陈木身边开口，小和尚一边以佛法疗伤。 一边也是紧紧盯着局势的发展。陈木闻言皱眉道：“天赋神通，我怎么记得这玩意人族修士该要是元婴境才能摘取吧？可此人分明只有筑基修为。虽然德阳子教给他的修行常识不多，可孟师姐给的玉简里却是有关于修行境界的详细介绍。这些时日来，陈木没有空闲，都仔细品读，也是补足了不少修行常识上的缺乏。比如这天赋神通就具备独一无二的特性，人族修士往往要修到元婴之境才能摘取，而妖精鬼怪之流……” 则往往可能天生就伴随有此等奇异本领，难不成这家伙不是人？陈木说道。苦文摇摇头，世间岂有绝对之法？之所以元婴境才能摘取天赋神通，是因为元婴破境，内外交汇，雷同天地出生，诞生元婴，因此得此大道礼赠，摘下天赋神通。世家的六世无与五夫的化窍之境也是同理。可世间总有些天生奇异之人，或因后天各种机缘，提前接触到了那种意境，并以大毅力、大智慧捕捉恒定下来，留于己身，也同样能摘下天赋神通。 此等神通往往世间罕见，且能被演化出无穷妙用，诡谲莫测，且要小心应对。话音未落，就见陈木身下的影子忽然有异样的扭曲，化作一道尖刺朝陈木的心脏位置扎下。可这道阴影尖刺还未接近，就仿佛受到了无形力量的束缚，陷入停滞，显得挣扎。在陈木身边，一柄形如方碑的阔剑，如军中主帅坐镇营帐，目光注视战场四方，不时有半点遗漏。正是巨阙，他有抵御万法之美名，筑基境修士的天赋神通。 虽然奇异独特，却也囊括在万法行列，又岂能轻易挣脱来自巨阙的剑士束缚？与此同时，一柄造型古怪、形制如同放大了的匕首，前半端有尖有脊，两侧为刃，后半端无脊无刃，状为平板的赤铜长剑，对着阴影所在猛然挥砍而下。此剑虽然外形古怪，却在砍落之时有撕裂破空之声响起，巨势之凶猛，威压之强盛，举世罕见。是名昆无剑，以霸裂刚猛著称。自从跟陈木下山以来，这把昆无剑灵是憋坏了。 每每有与敌桌对厮杀的机会，都被速度更快的成影随血刃先拔头筹。而近战之时，陈木又更偏好手执龙渊，加上每次战斗都结束得很快，吐气葫芦间，敌人要么消手，要么投降，让威猛霸烈的昆吾始终找不到饮血的契机，郁闷非常。如今好不容易有人送上门来，主动偷袭，负责防御警戒的昆吾剑灵早已是饥渴难耐，也不管距离那方向最近的是定光剑，抢着就要出手。化作阴影的刺客反应极快，见偷袭不成，立即就要准备撤退。 可昆吾剑的威势太猛，一剑斩下，不仅仅是对着阴影所在而去，更是殃及四周。只见风声呼啸，地面皲裂，飞沙走石。昆吾一剑之威，竟是要将这三尺空间内的一切事物，连同风雨大地都碾压成碎，皮将不存，毛之焉附？蛮族青年的天赋神通在诡谲莫测，到底也是要依赖地形和阴影方可存在。昆吾连三尺空间内的风和地都要斩落，任他再会隐匿，又有何用？嗯，虚空之中传出一声闷哼。 阴影扭曲变幻，蛮族青年的身影骤然浮现。他单手捂着小腹，一道望着就害人的撕裂伤口正在潺潺渗出血液，倒算是替苦闻小和尚还了对方一剑。可即便如此，这蛮族青年的眼神依然没有半点变化，冰冷似铁，仿佛一潭死水，永远不会存在波澜起伏。他只是瞥了陈木一眼，身子就再次化作阴影，遁入了洞窟内的漆黑无光之地。第八十八章，重创。咻！ 一道骨刺从阴影之中对着苦纹刺来，被巨阙的剑势阻滞，然后陈木一剑挑飞。被昆吾一剑重创了腹部后，那蛮族青年也改变了打法，不再选择近身和陈木硬碰硬，而是借助阴影快速游动的优势，躲在暗处突施冷箭。陈木眼中闪过一丝不耐，这骨刺固然是难以突破巨阙剑势和他手中龙渊的双重防御，可却如夜晚的蚊虫一般，扰得人心烦。更重要的是，他不知道那蛮族青年施展阴影神通会有多少真元耗损，但他以巨阙剑势。 笼罩着两个人，无时无刻都在进行防御，却对体内真元是个巨大的消耗。而单论修为，对方已经相当筑基后期圆满境界，丹田气海容纳真元的数量，只怕比起陈木只多不少。除此之外，天赋神通是蛮族青年自己的能力，而巨阙包括其余十一柄宝剑，都是陈木得自凌渊剑持之物。虽然剑童子说他是天生剑种，有驾驭这些名剑的天赋，可这些名剑的品阶，对眼下的陈木而言，还是太高了。若不是有剑灵心甘情愿的协助，凭借筑基境的修为， 陈木只怕连正常驾驭这些剑都难，更遑论持剑对敌。总体来说，他得到来自凌渊剑池的十二柄宝剑，让他的战力得到了巨大跃升，足以斩杀绝大部分同阶的敌手。可一旦不能速胜，陷入到苦战之中，这十二柄宝剑带来的消耗也会更大，削弱了陈木持久战的能力。不过话说回来，十二柄宝剑所涵盖的能力几乎覆盖了斗法的方方面面，想要拖垮陈木，难度估计比绝大多数对手想象之中还要艰难。纯军剑出，陈木叱令一声。 顿时有一柄装饰华丽的长剑飞跃上半空，暗花纹遍布的剑身之上，忽然有一轮大日升腾，发出璀璨夺目的耀眼光芒。正道堂皇之剑，纯君剑芒闪耀，升腾而起的大日光芒照亮了洞窟内沉木深周十丈范围。这是沉木观察后计算过骨刺射出的最远范围。果不其然，当纯君的光芒驱散了范围内的阴影后，蛮族青年再次被迫现出了原形。而成影、随雪刃、泰阿斩蛇四剑，在陈木的意念下早有准备，分手四方。 更是第一时间就捕捉到蛮族青年出现的方位，距离最近的随血刃发出一声欢快的剑鸣，猩红剑芒裹身，瞬间就如一条血色长蛇，张嘴咬在了蛮族青年的肩膀，剑芒透体而过，在蛮族青年的左肩上留下一个恐怖的血洞。但即便这样，蛮族青年的脸色依然没有任何变化，仿佛身躯上的伤势和他无关一样。甚至他在硬吃了随血刃这一记穿刺后，竟然还有余力，挥动那条被洞穿了肩膀的手臂，握着骨刃往后反手挥砸。 刚建功，沉浸在喜悦之中的随雪刃还未反应过来，就被迎头砸中，剑身发出一声尖锐的惊鸣，狠狠摔倒在地。苦文看的是眼皮直跳。他从下山之后，就直接来到芒谷超度亡魂，平日即使在山门之中，也都是和四中师兄切磋搭手为主，甚少经历过修行者之间的生死搏杀，还是第一次见到此等凶悍的狠人。不仅对身上伤势视若无睹，还能违背正常人的理解，以人类之躯做出各种不可思议的搏杀动作。有那么一瞬间，小和尚都要怀疑。 这蛮族青年到底是不是真如陈木所说，并非是人族修士了？砸落随雪刃后，蛮族青年抬眼望向疾袭而来的另外三剑，微微眯起眼睛，神情罕见出现了细微变化。随后，他扯开身上的皮袄，往上空一抛，顿时皮袄于半空化作一张巨大黑幕，犹如深邃夜空，把纯君大日之光芒遮盖大半。而他则借助这黑幕的帮助，再次化作阴影，遁入到黑暗之中，竟是接连受了昆吾剑和随雪刃的斩击穿刺，重伤而不死，甚至还能保持足够的神通战力。 即便是陈木经历过诸多生死危机，也是头一回在单打独斗方面对上如此难缠的同境界敌人，再次被蛮族青年挣脱契机锁定。这次的陈木并没有着急去追击，他眉头一挑，嘴唇紧抿，目光之中透着思索。这个蛮族青年身上拥有着相当明显的蛮族特征，喜欢用骨头作为武器。无论是手持的两把骨刃，还是随身携带着的仿佛数量无穷的骨刺，都是极其坚韧的材质，骨刃足以和成影剑的锋锐相比。 而骨刺能直面龙渊剑的斩击而不断，普通野兽的骨头绝对没有这种异常的坚固程度，唯有妖兽之骨经过炼器之法的淬炼之后，加上禁制，方可有此效果。加上释放后足以和纯军剑抗衡争锋的皮袄法宝也是不凡，因此这蛮族青年背后存在一伙势力，几乎是摆在了明面上的事情。可由此又引申出来一个问题：一个蛮族的独狼刺客潜伏入境，和一个背后拥有庞大势力的蛮族刺客潜伏入境，必然是有天大区别。 前者三关城镇御司衙署独自通缉即可，而后者可能会引起北庭镇御司乃至于中庭镇御司的注意，从而派来更多的高手追杀。而动静太大，显然和那伙邪修势力想要隐藏在地下的意图不符。所以，假使让陈木来选，他肯定不会派出这个和自己同等修为境界的蛮族刺客来单独行刺，以一敌三。哪怕他修为再高，刺杀之道再精通，再大的境界没有拉开的前提下，成功的概率绝对不大，反而会打草惊蛇，引起景庭的关注。 从而缩减自己的藏身余地，除非对方有必杀的把握。陈木眸光清颤，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四周洞窟之内。单单依靠这个蛮族青年，绝对谈不上什么必杀的把握，最多也只能是拖延着自己和苦文的脚步，不让他们轻易离开这座洞窟。对方必然还在这佛窟之内安排有其他手段，会是什么？很快，陈木的目光投向了四周的崖壁，上面千佛垂眸，面容祥和，表情悲悯。联想起方才这千佛争谋的巧合时机。 陈木心中微寒，转头对苦文说了句话。第八十九章道运神通。蛮族青年遁入阴影后，没有再选择出手，但陈木心中有一股如坐针毡的感觉，并未消散，因此他可确定那蛮族青年还在暗中紧紧注视着自己。面对可以藏身黑暗中的敌人，且拥有能一击破苦文金身的实力，陈木这边是不敢有丝毫大意。他的实力也是有短板的，可以说绝大部分剑修都和陈木一样有着相同的缺陷：攻强于守。如果连苦文主修的横练功法。 都挡不住蛮族青年的偷袭。陈木要是不小心挨上一记，立即就有性命之余。随雪刃飞回陈木身边，杀意滔天，被那蛮族青年砸了一记，虽然没有伤及根本，话说回来，以随雪刃的品阶，也几乎不可能被筑基境的修士真正创伤，但面子上却是挂不住。因此，随雪刃是恨极了那蛮族青年，恨不得剔骨饮血，方能解心头之恨。陈木能感觉到，经这一砸，随雪刃见体内出生不久的剑灵又有长进，性情变得更为凶厉嗜杀，也不知是好是坏。 总之，锋芒更利，杀气腾腾。可那蛮族青年吃过了亏，也长了记性，这次更是直接连骨刺都不发了，只是躲藏在暗处，和陈木暗中相持，想要凭借修为上的优势，硬生生拖垮陈木。此人的战斗经验极为丰富，竟然一下子就找出了纯军舰的破绽，那便是大日光芒照耀范围有限，不能覆盖整座洞窟。如此一来，只要陈木找不到他的具体方位，也就无法指使纯军舰驱散那片范围内的黑暗，自然也就无法逼迫他现出身形。 不得不说，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战术，意为阳谋，以气海真元的数量取胜。要是一开始在偷袭苦文成功后，蛮族青年就采取这种战术，还真会给陈木造成不少麻烦。但如今被随雪刃一击洞穿了肩膀，陈木不认为这战术还能奏效。要知道，随雪刃的特性可是有伤人即死这一条的。虽然这是当年那柄被魔道巨伯耀月星君执掌时的凶兵才具备的威能，陈木不能完全发挥此威力，但毫无疑问，被随雪刃所伤，身上的伤势。 远非只受肉体创伤这般简单。随着时间的流逝，那蛮族青年该会慢慢发觉自己的伤口血流不止，而体内流动的血液也会遭到侵蚀破坏。除非立即运功将受侵蚀的毒血逼出体外，否则一旦侵入心脏、丹田等要害部位，神仙难救。这才是随血刃真正的可怕之处。因此，陈木并不惧怕蛮族青年的拖延战术，有信心和对方耗下去。可这是在双方单打独斗下最好的决策，却并非眼下局势的最优解。原因很简单。 陈木的对手不仅仅是这个蛮族青年，而是空禅背后的邪修势力。对方并没有出动金丹境的高手来进行猎杀，反而是派遣一个筑基境的蛮修前来刺杀，目的显然是要尽可能的拖住陈木等人的行动。加上佛窟落入空禅之手已有二十年时间，不知在内留下了多少后手布置。在洞窟内，他越是和这蛮族青年纠缠的太久，反而会越是顺遂了幕后之人的心意。对陈木而言，多年跟随师傅闯荡江湖，他总结出来一个对敌时的经验心得。 那便是，不管局面有多么错综复杂，他只需确认关键对手的核心意图，反其道而行之，就是最为简单有效的破局之法。他的关键对手是蛮族青年吗？显然不是。重伤状态下的蛮族青年，此时已经没了伤及己方性命的能力。此时的关键，当要落在幕后布局之人身上。而那幕后之人，无疑是希望通过蛮族青年可以遁入阴影这种诡谲神通，来尽可能拖延此战结束的时长。因此，尽管陈木可以选择和蛮族青年拼耐心、斗消耗，看谁先撑不住露出疲态。 可从大局上分析，他此时的最优解当是速战速决，尽快脱身。可紧随而来的问题是，在蛮族青年隐匿身形、不主动发起进攻的前提下，他甚至连找出对方的藏身之地都实属困难。纯军舰的大日光芒覆盖范围不够广阔，而对方借助阴影游动的速度远超过纯军舰移动的舰速，连敌对目标的方位都不能锁定，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什么速胜不速胜的话题。陈木手臂下垂，龙渊剑剑锋朝下，做出一副原地等待的姿势。 似乎是做好了和对方拖延的打算，可与此同时，他双眸之中隐约有雷纹闪烁，没有持剑的左手背负在身后做握拳状，而掌心之中有一枚方正古朴的印章被他紧握手中。雷洛，苦文说过，这蛮族青年不知是天赋异禀，还是后天机缘，提前在筑基境就摘取下本该是元婴修士才能掌握的天赋神通。正因这门超越了当前境界未阶的神通，才让这一战如此艰难。可提前掌握超越境界未阶神通的，又何止是蛮族青年一人？ 陈木摘取的这枚雷露，更是把握了一丝道运气机,机，乃都天神雷所属，是连真人都会起觊觎之心的存在。未阶更在天赋神通之上，是名道运神通，非目窥大道之真者，不能长有。而都天神雷的特性与天地同根同源，能穿透阵壁禁制，无孔不入。当初孟师姐渡第四重雷劫，漫天雷海从天道劫云漩涡,涡内降下的情景历历在目。当时的陈木只觉天道雷劫之威如海啸山倾，迎头扑面而来。 让人如蝼蚁，感慨天下虽大，却无一寸可容身之地。如今时过境迁，雷杰与仙君的对弈已是过往，而筑基境小修间的对决正值当时，也该是让别人体验一番人如蝼蚁，无处可供容身的绝望滋味了。古朴印章急转，神秘纹路氤氲雷霆。随着陈木将体内丹田气海之真元往印章内灌注，顿时在掌心印章的表面有万道雷光涌现。是。陈木伸手向前，张开手掌，只见有耀眼夺目的青紫雷光乍现。 如蓬勃的朝阳与掌心之间炸裂，万道雷霆四散而开，沿着每一寸的土地与崖壁，风卷残云般扫过整座洞窟。P.S. 下面的作者有话说，很重要，请大家务必抽出宝贵的三秒钟看一眼，感谢。第九十章，崩塌。洞窟之内满溢雷霆，此雷路不仅覆盖范围极大，且威力惊人，就连站在陈木身旁不远的苦文目睹雷霆之威，都眉头直跳。师傅平日里总是说，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让众弟子。 万万不可骄纵自负。往日苦闻认知还不太深刻，毕竟他一手金钟罩铁布衫使出，就连许多师兄都难以破他金身防御。可过往这种自信，却在小小芒谷内的一座佛窟之中，先后被两个相同境界的年轻修士所打破。无论是蛮族青年的古刃，还是沉默的剑法雷霆，都有撕破他金身的威能。而碍于佛门弟子的宏愿，他甚至还不能还手，一身佛法修为无从施展。本以为一心超度，不与人争端斗法，就能追随佛陀脚步，普度众生，慈悲为怀。 如今看来，到底是他自己想的太过天真。若将来于阴煞地界潜心诵经，没有陈木这种剑法高明的同伴在旁护法，被那邪祟妖怪偷袭破了金身，那就真是要殒命当场了。死人是不能弘扬佛法的，甚至还有可能会让魂魄被污，化作孤魂野鬼，给其余佛门弟子徒增麻烦。更往严重来说，万一被邪修控制，将他尸身魂魄炼成同尸恶鬼，那可真是丢尽了师傅的脸面。师傅那人最重脸面，他苦闻岂能做这不孝不义之事？也许。 该是时候回归山门，向师父求取一门更上乘的护身之法才好。不过，也不能仅仅依仗横练金身护体，还要再修上数门闪躲腾挪的身法才是。这边苦闻声出了许多心思，那边沉木的雷露却已立下大功。一道浑身焦黑的身影被雷霆之力从阴影处逼出，扑通一声跌倒在地。沉木见状恍然，看来这遁入阴影的神通也并非没有致命缺陷。一旦在阴影状态下被道法神通击中，所承受的伤害，从这蛮族青年身上的惨状来看，应该是正常的三五倍之多。 以至于瞬间就把他轰得血肉模糊，形如焦炭。随雪刃迫不及待，发出一声尖锐剑鸣，就扯出一道猩红剑芒，径直往地上躺倒的蛮族青年刺去。他对这蛮修早就怀恨在心，如今得到杀死对手的机会，哪里愿意轻易放过？速度之快，就连成影剑都追赶不上。噗<破>！随雪刃猩红剑芒轻松刺入倒地蛮修的心脏，并且一通乱搅，于对方体内肆意破坏，带出道道鲜血飞溅。而伏倒在地的蛮族青年对此没有任何反应，身体一动不动。 仿佛已经成为一具尸体，陈木心中惊疑，有意上前确认蛮族青年是否死透。可就在此时，身后的苦文却发出一声惊呼：“陈施主，小心！速速退回！”苦文刚开口，陈木就没有半点犹豫，立即脚掌发力，往后腾飞。几乎在他退后的第一时间，就有一道菩萨虚影笼罩在陈木的头顶。此菩萨虚影一面二臂三目，黑蓝色身躯，赤发上扬，须眉如火，獠牙卷舌，相貌和佛窟内的数座供奉佛像有点相似，正是持国天王。 苦文使出了压箱底的护身之法——金刚庇佑祝福，这是他下山前由师傅亲自在天王殿内为他赐下，一共只能施展三次，并且约定，若三次祝福用尽，苦文必须放下手头一切事宜，速返山门。他在驱邪法会上为对抗坠落的释迦佛像用了一次，如今是第二次。但这次的菩萨虚影和上一次有所不同，不仅身躯更加庞大，而且在二臂的手掌上都各自握有一件佛宝，左手是金刚铃，右手是金刚降魔杵，皆是佛窟禁制密钥。 得此二宝加持，在佛窟之中，苦文施展出来的金刚庇佑祝福之法，比驱邪法会上的那次要更为强大。这也是陈木在洞悉到佛窟可能有变后，提前就告知了苦文，让他早做准备。如今却是恰恰派上了用场。而几乎在陈木抽身后退的瞬间，他原本所在的位置上，忽然有一巨物砸落，发出轰隆一声巨响，地面烟尘飞扬。陈木定睛看去，只见那被砸落之物，赫然是一尊巨大的佛手。如他记得没错，应该就是主壁上那尊巨大佛像身旁的弟子。 恶难尊者，为何会有佛手砸落？想起那尊巨大佛陀有点熟悉的面孔，陈木猛然抬头看向上方，这一看顿时让陈木心里发寒，眸光颤动。原来不知在何时，那尊盘踞中心位置的巨大主佛像脸上的眉、眼、耳、鼻、口五官竟然通通消失不见，变成了一尊无面佛像。而此时此刻，除了这尊无面佛像以及没了头颅的阿南佛像外，其余的七座佛像都纷纷睁,睁开了眼眸，低首漠视。虽然嘴角挂着温和笑意。 可那一双双冰冷的眼神，却让人很难将这七座佛像和所谓的佛门慈悲关联在一起，反而给人一种冷眼讥笑、俯瞰众生的冷漠残酷之感。但陈木已经来不及去细品这佛像神情变幻的深意了，只因此时四周都传来咔嚓咔嚓的碎裂声响，眼前看见的所有佛像都在急剧晃动，配合上此时千佛脸上的慈祥笑容，总让人感觉这佛窟内的数千佛像都在同时发出震耳欲聋般的呵呵笑声。但陈木明白，根本就没佛像在笑。 一切只是自己的错觉和幻想。眼下真正发生的事情是，这座庞大的佛窟正在崩溃坍塌。至此，陈木终于明悟了那幕后黑手的真正意图，明白了对方为何想要拖延时间，明白了对方为何不让金丹境的修士出手，明白了对方为何不怕蛮修的现身会引起更大动静和关注。因为对方想要的不仅是他陈木的命，更是想要连这个作为刺客的蛮族青年都一同埋葬于此地。只要陈木身死，对方再寻回阴幡，就能轻松将鬼王段轩夺走。 只要蛮族青年也被埋葬在地下，死无对证，蛮修现身之事也不会引发太大关注。只要佛窟坍塌，二十年来空禅与佛窟之间的故事也将被彻底掩埋，无人能够知晓真相。而陈木猜测的秦凌霄出现过在这佛窟内的可能性也就随之烟消云散。甚至陈木都要怀疑对方是不是算到了他和秦青云埋下的后手，以这种方式来进行某种强硬的宣誓。陈木不得而知，但眼下他首先要做的便是在这山崩地裂般的灾难之中。 存活下来。第九十一章震岳上方，修行者可以直面山青而不死吗？答案是能，但是有前提。若是元婴境以上修士，内外天地交汇，可搬运天地之力为己用。别说在山青之下存活不死，直接搬运一座小型山峰都不在话下。元婴境往下是金丹修士，气海化丹，全身凝聚如一，浑然不漏。虽然没有搬山之能，却也能在山青石压之下长时间存活，寻找逃脱契机。但筑基境修士，无论是抗压的能力， 还是在极端环境下存活的能力，都和金丹境修士存在巨大差异。被人有心算无心之下，在佛窟的最深层位置被如此庞大的石料碾压，几乎是必死之局。幸好的是，陈木对佛窟的变故一直有所警惕，而是提前知会了苦文流星外界变化，因此及时做出应对。佛窟本就对苦文的佛法修为有所加持，坚之手上持有的两把秘钥皆是佛窟秘宝，相得益彰，让金刚庇佑祝福威力大增。持国天王虚影手持金刚铃与金刚降魔杵。 挡下了第一批坠落下来的佛龛石块，可佛窟的坍塌才刚刚开始。包括阿南佛首在内，第一批坠落之物不过是九牛一毛，真正的山清之势犹在后头。轰隆！一阵地龙翻身般的巨大动静后，两侧的崖壁相继崩碎，密密麻麻的石块如暴雨倾盆倒泻而下。抬眼望去，哪里还有什么佛陀菩萨？漫天都是烟尘滚滚，举目尽是崩滚落石。砰！砰！砰！接二连三的碰撞声在持国天王虚影的庞大身躯外响起。 每被一颗落石击中，持国天王的虚影就淡薄一分。如此下去，估计要不了多久，借助虚影庇护的两人就将被彻底掩埋在不知多深的地底佛窟之下。就在这关键时刻，一柄巨剑横空出世，化作一道银桥，横亘在持国天王头顶。巨阙剑，但巨阙剑的本体也不过是一柄刃长三尺有三、柄长七寸、刃宽五寸的质朴古剑，形如方碑。如今能够化作遮天银桥，全因沉木的真元灌注，激活了剑上禁制之术，一如纯钧之大日。 成影之无踪，随血刃之猩红。可此法也仅能抵御一时，一旦陈木体内真元耗尽，或者头顶落石之重超出了巨阙此阶段所能承受的极限，两人依然难逃被活埋的下场。那幕后元凶，不愧是能让一个镇玉司真髓境银章司使失踪三年而半点线索不曾留下的妖智之人，当真是算死了一切，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是石破天惊，不给目标留下半点活路。眼下陈木和苦文虽然还能坚持，保存持国天王虚影内的数尺空间，不被压扁。 可不要忘记，如今也仅仅是两侧的崖壁断裂跌落，这洞窟内真正恐怖的重量，还是要落在主壁的九尊巨大佛像身上。一旦无面佛像连同其余八尊佛像齐齐朝陈木和苦文的位置倒塌压下，只怕事后秦青云给他们收尸，也只能找到一滩烂泥了。陈施主，想想办法，小僧还不想圆寂。陈木第一次觉得苦文说话如此风趣，可惜他却笑不出来。你师父就没给你什么保命的佛宝？比如那种一下子就缩地千里？ 又或者一声令下，就有神游境修为大和尚前来救援那种。阿弥陀佛，陈施主，释家不称神游境，我们称同等位阶做离苦乐。是，我们也差不多到那种境界了，生死万事休，可不就是离苦乐？陈施主莫要说笑，真的，小僧还不想死。苦文很认真的对陈木说道。陈木此时从苦文的脸上，倒没有看到太多对死亡的畏惧，反而是有一种浓厚的不舍，仿佛还有某种使命未曾完成，不甘心就此远离人世。陈木从苦文的眼神里能读懂。 估计这位大概率是出身菩提寺的小和尚，也是真的没太好办法了。这种时候，陈木也顾不得隐藏秘密了，一把解开剑侠渊的封印，两只眼睛在苦闻震惊莫名的眼神之中缓缓睁开。渊，事出紧急，你可有法子联系上林师伯救命？渊还不会说话，却能以意念和陈木沟通。他传达了摇头的意思。看来同为先天之灵，亦有区别。陈木刚感失望，就看见剑侠主动招来一柄剑，竖在陈木面前。此剑长有五尺，鎏金剑柄。 剑格几乎与剑身等宽，剑身的两侧为刃，呈黑金之色，中间是金色的古文篆书，雍容华贵，有帝皇气象。这是镇岳上方剑。陈木将龙渊归匣，伸手握住眼前之剑。此剑在他带离凌渊剑池的十二柄宝剑之中最为低调，一如他的剑名“镇岳上方”，有秉节持重、处之泰然的气质，不像随雪刃、成影剑等剑灵，时刻和他意念沟通，争宠邀功，主动帮他熟悉剑意，加上他过往行剑作风，皆是雷厉风行。 能一剑解决不出二剑，能一息败敌绝不拖到二息，因此往往是成影剑和随雪刃用的最为顺手，而诸如巨阙、纯钧等特点鲜明之剑也常有用武之地。唯独是这柄镇岳上方，虽说有号令四方之特征，但到底要如何发挥其功效，陈木尚且没有眉目。他本想着要彻底熟悉并且娴熟御史这十二柄剑，至少需要三年左右时间的打磨和酝酿。不曾想形势危急，渊主动将镇岳上方推到了他的眼前。但陈木毕竟是朱剑剑主。 是见童子口中的天生剑种，且得到十二剑灵的认主服从，因此在他伸手握上剑柄之时，镇岳上方的剑灵就已经将陈木迫切想要了解的讯息传到了他的神识意念之中。半晌之后，陈木睁开眼睛，眸中泛起一丝惊喜，原来如此。他抬头一看，只见此时两侧的崖壁已经倒塌大半，而裂缝也终于蔓延到了主壁之上，九尊巨大佛像身上也浮现出重量众多的可怕裂纹，巨阙与持国天王虚影此时都显露疲态，只怕不能再支撑许久。 陈木见状，将左手食指探入嘴中，用力在指头咬出鲜血，涂抹在镇岳上方的剑身古文篆书之上。四方土地，听我诏令，速速现身！陈木将手中剑往地上一插，随着他念出诏令，一股无形的波纹顿时沿着剑尖处土地往四方扩散。第九十二章土地神旨。莽古地界，群山连绵。是日，在某座深山内，一场欢快的盛宴正在举行。诸位道友，今日乃老朽好友云雾山山神秋沙山君的奠基之礼。 于此仙聚灵宴请各方宾客，今日与诸位同贺，不醉无归。一个身穿人族服饰、化作人身，脸上却拥有显著山猫特征，脸上左右各有十根猫须的老者举杯笑道。老者站在一方石凳之上，身后是一株苍天大树，树冠如盖，中间恰有一个缺口，正对着天上皎月，让清冷月色投入此间，倒映在杯中酒上，散发着粼粼波光。葡萄美酒夜光杯，此山之中竟不受芒谷常年笼罩的阴煞浓雾影响，能清楚看见天上月光。 而在老者身前，同样石凳上坐着十余名宾客，大多和老者一样化作人形，脸上却留存着兽类的特征，鹿、章兔、熊、猿、蛇、豹等等不一而足。席上唯有两人是纯粹的人族形象，一位是坐在猫脸老者身旁的白袍中年男子，他身材魁梧，面容威严，额头有数道金色斑纹，形如一个王字；另一位则是端坐在宾客席间的黑衣阴冷青年，脸色苍白，到三角眼眸，身侧两边的座位都空着，似乎没人愿意与他亲近。 在众人举杯之时，也唯有这个黑衣阴冷青年无动于衷。白袍中年男子豪饮过后，放下酒樽，凝神望向了黑衣青年，嘴角浮起一丝冷笑：“腾晨山君缘何不饮？可是对本君晋升筑基之境，和你平起平坐，心有怨愤不甘？”如此直言不讳的发言，顿时让在场宾客都为之脸色一变。方圆三百里地界，能得土地权柄的，就只有在场的这区区十余人，其中修为到达筑基境的山君神奇，更是唯有两位，一者云雾山秋沙山君。 译者韩潭山藤陈山君，传闻两位山君在过往就存在不和。本以为今夜藤陈山君受邀前来猎袭秋沙山君的奠基宴请，是要上演一场化干戈为玉帛的好戏，因此一众土地神祇才纷纷前来，想要讨好这两位就近山神中的最强者，为将来问道修行铺路。不曾想竟是如此肃杀气氛，万一要是两位筑基晋山君厮杀打闹起来，殃及池鱼，那可如何是好？毕竟此山是松牙子的地盘，其余土地神祇。 若是离了各自山脉，不能用山神应届山川大地之力，实力会遭到极大削弱，连跑都成为问题。所有土地神奇的眼神都紧张兮兮的投向了黑衣阴冷的腾晨山君，后者皮笑肉不笑，轻哼了一声，抬眸道：“秋沙山君，祝贺破境，可修为涨了，缘何记忆力却衰退的厉害？莫不是忘了百年前你跪在本君面前哭着求援的往日恩情？”什么？秋沙山君百年前竟然下跪恳求过腾晨山君？此等秘闻！ 众多土地神奇眼皮子直跳，也不敢往主座上多看一眼。秋沙山君的暴脾气是远近闻名的，动辄打杀冒犯之人。这等丢了脸面的往事被揭开，焉知会不会迁怒于在座的神奇？果不其然，在秋沙山君落座的方位，一股杀气毫不掩饰的升腾而起，仿佛将美如仙境般的仙聚灵笼罩上了一层浓厚的血色。你说的不错，我还真要感谢腾晨山君的往日恩情。若非你纵容坐下黑熊精犯戒，将我父打杀，侵占我家洞府，我也不至于为了替家人求活，跪拜在阁下面前。 当年的我无忧无虑，每日只顾在山林间打闹戏耍，过着神仙般的逍遥日子。也是从那日之后，才洗心革面，刻苦修行，才拥有今日之成就。如此说来，岂能不亲自感谢腾晨山君的恩德？说到恩德二字，秋沙山君咬字极重，其中反讽之意溢于言表，面含肃杀。腾晨山君斜眼一瞥，不以为然。弱肉强食本就是山林法则，你秋沙山君就没有过猎麋鹿、牛犊为食，杀人全家的过往？好好一个弱肉强食。 不知今日本军筑基大成，和你腾辰山君谁弱谁强？你大可试试。金庚罡气与玄冰罡气同时在秋山山君与腾辰山君身上涌起，罡气交锋，大战一触即发。就在此时，忽然有山花在两人中间盛放绽开，以温和之力隔绝了两方罡气的对峙。众人大惊，将惊骇目光投向猫脸老者，不敢相信这位一直低调的孤峰山土地竟有如此实力，能指两位山君的罡气碰撞。山君是唯有到达筑基境修为，能执掌山神印者。 方可自称的尊号，是为正统山神；而像他们一众练气境修为的土地神奇，只是得到山神印的认可，能借用一部分山神印的力量，远远称不上执掌神印，最多被称一句灵官，和山君正神位格还差得远。松牙子也是练气境界，灵官位格，哪怕是在他的地盘孤峰山内，能如此轻松制止两个山君的冲突，已经可以用深不可测来形容了。两位山君，诸位土地，请听老朽一言，可好？猫脸老者松牙子开口说道。两位山君沉默不语，算是默许。 其余土地神奇自然没有异议。诸位可曾记得，你我山神土地之权柄到底是从何而来？松牙子的问题直接把一众土地神奇给问懵了。山神土地权柄从何而来？自然是他们通过勤勉苦修，成为各自山中最强者，将山神印夺到手中，获得其认可，因此得以证明。这种简单的问题，怎么会出自松牙子这位资历最老之人口中呢？松牙子见众人眼神，心中立即明白他们所想，微微一笑，正要开口，就在此时。 一股无形的波纹扫荡过此座山峰，所有土地神奇山君在内，随身佩戴的山神印都自动飞了出来，悬浮在半空。一个少年清冽的声音仿佛从虚空之中响起：“四方土地，听我诏令，速速现身！”一众土地神奇面面相觑，惊骇万分，不知所以。唯独秋沙山君和腾辰山君脸色巨变，站起身来，脸上都挂着震惊与彷徨。唯独是猫脸老者松牙子，在短暂的惊愕后，双眸里竟是流下了泪水。震月上方，他喃喃自语道。 第九十三章山神印。这这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我们的山神印会自主飞出？两位山君，松雅子前辈，你们是不是知道个中隐秘？求告知我等吧。一众土地神奇，神色慌乱，手足无措。他们大多本是山中精怪，后得机缘巧合走上修行道路，终获山神印承认，成为一方土地神奇。和世间人族修士不同，他们道行的根本不在自身，而在山川地脉。一旦远离了所属山脉， 又或者山神印被尺夺包除，原本有十成的实力，瞬间就会跌至巅峰时期的一二成，再也不成气候。因此，面对山神印的异动，难免内心彷徨不安。诸位无需担忧，山神印如此异动，是因为号令山神印的宝物出现了。号令山神印的宝物，在场一众土地神奇，闻言神色各异，有人目露忐忑，不知一个上位宝物的凭空出现，会不会摄取自己的山神印权柄；有人面露贪婪，若能得此宝物，下一个山君未必就不能是自己。 更多人则是迷茫，他们从记事之日起，山神印就是他们所能接触到的最强宝物，能调动一方山川土地伟力，在自己地盘上发挥出超越一大修为境界的实力不成问题。位阶更在山神印之上，且具备从属关系的宝物，简直闻所未闻。诸位有所不知，山神印并非是天地自然诞生的法宝，而是在第七劫纪之前，天庭用以册封山神土地的神印。后天庭无故消失，各方失序，这册封山神土地的权柄就落在了人间朝廷之上。 可人间朝廷无法炼制新的山神印，只能沿用天庭旧物，因此有颇多不便。加上争霸不断，朝代更迭频繁，就出现众山神听调不听宣的局面。后初代人皇统一天下，为改变此混乱局势，以龙脉之气及天下名将于神都打造了一柄统御四方山神之剑，名为镇岳上方。从此之后，山神印就归属镇岳上方宝剑同属，凡朝廷钦差持此剑宣令，若有不从者，立即褫夺山神之位，可先斩后奏。而山神土地。 一身道横修为都全赖山神印所赐，面对镇岳上方剑，山神印也会被封，不能反抗。一时之间，被下狱斩杀的山神土地数不胜数，四周之地血流成河。于是再也没有山神土地敢忤逆朝廷旨意，渐渐则跪，彻底臣服，听命于人皇朝廷。后来又有变故，宗门势力兴起，朝廷衰微，而镇岳上方又消失无踪，这才换来了我等这么多年的潇洒自在，好不快活。如今镇岳上方剑重现，对我等土地神奇发出诏令，诸位。 若不想祸事上身，就随老朽前往听宣吧。松雅子察觉到虚空传来的少年声音，有些焦急，只怕情况危急。本不欲解释太多，先去驰援听令，但又怕这些山军土地不知轻重，万一惹怒了那位剑主，只怕立即就是杀身之祸。因此不厌其烦多解释了几句。至于这些人是听不听劝，那就不关他松雅子的事了。好言难劝该死鬼，他也管不了他人这么多事。仁至义尽，剩余的就自求多福吧。老朽先行一步，诸位若信我。 就请随我同行，听剑主诏令。说完，松雅子就化作一缕白烟，遁入地下，消失不见。剩余的土地神奇面面相觑，一时拿不定主意，纷纷将眼神投向两位山君。山君在正式执掌山神印后，能获得一定的神印知识传承，所知晓的隐秘比他们多上太多。加上山君和松雅子不同，和他们这些土地神奇没有太多利益瓜葛，应当不会设局谋害自己。因此，众人笃定看两位山君行事，再决定要不要如松雅子所言。 去听从那道神秘诏令，但秋沙山君和腾晨山君显然没有松牙子那般好耐心。他俩人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读出了某种竞争意味。于是各自冷哼一声，竟同时化作一道白烟，钻入地底。见状，剩余的土地哪里还看不出来？只怕这道突如其来的诏令蕴含着莫大的机缘，悔之晚矣。一个个都恨不得扇自己一记耳光，不甘落后，各自化作一道白烟，也钻入地底。好好一场欢宴，就此人去无踪，留下一地九尊玉盘。 映衬的天上明月格外皎洁冷清。陈木依照镇月上方剑灵的指引，释放出诏令。没过多久，就有三道白烟齐齐浮现在陈木的面前，化作三道人影，正是松雅子、秋山山君、藤陈山君。旗帜孤逢山土地松雅子拜见剑主，云雾山山神秋沙山君、寒潭山藤陈山君听从诏令。猫脸老者直接跪伏在了陈木面前，而白袍男子和黑衣青年则只是抱拳施礼。陈木将三人不同态度收入眼底。 此时却不是思虑的时机，只是抱拳还礼，开口道：“三位山神土地，还请助我一臂之力，阻此山清之势。”陈木伸手往头顶一指，三名山神土地这才发现，原来他们是被持国天王的虚影笼罩，加上巨剑横亘半空，这才得以有一处落脚之地。而当三人看清头顶落石之时，都纷纷变了脸色。松牙子苦笑道：“剑主，此地非我等土地山神所辖，力量有限，不是不愿阻织山清，实在是不能啊。那能把我们带离此地不？”陈木换了个要求。 松雅子依然苦笑：“在下和两位山君借山神印之力，可以施展土遁之法，安然离去。但除非是修道元婴之境，否则也是带不了活人遁地的。这岂不是说，阻也阻不了，逃也逃不掉？方圆三百里地就没有一尊元婴境修为的山神吗？”陈木陷入沉默，而三位听召而来的山神土地更是尴尬。难得上千年未见影宗的镇岳上方剑重现，号令天下四方山神印。一旦立下从龙之功，将来大道可期。但急急忙忙赶来，却只有干瞪眼的份。 说出来实在是有失脸面，到底还是松雅子阅历丰富，他没有唉声叹气，而是环顾四方，以山神印之力感应山崩动静。忽然，他眼前一亮，笑道：“在下有办法了。第94章”第九十四章强援。老先生有何办法？”陈木问道。松雅子伸手一指，方位正是那九尊巨大佛像所在。他说道：“在下虽然道行低微，却胜在担任土地神祇一直有些年头，对这土石之事颇有研究。此地山青落石虽然厉害。” 但有这天王虚影和神剑相阻，撑起一片小天地不难，只是不能让那堵崖壁朝此方向倾塌，否则必然祸失。我与两位山君合力，虽不能阻此山倾之势，但稍稍逆转崖壁倾塌的方向，尚在勉力范围之内。请剑主且看我等山神土地之手段。松牙子话音刚落，又有十余道白烟从地底钻出，化作人形。剑主、山君、松牙子前辈，不要忘了我等土地神奇，亦能助力。一众土地神奇现出身来，却是在地底倾听了一阵对话后。 才选择现身助力。松雅子早就察觉这些神奇的偷听行为，也不去点破，只是点头笑道：“如此一来，把握就更大了。有劳诸位合力助我施展土行阵法。”两位山君分裂左右站立，松雅子坐镇正中。不知为何，似乎秋沙山君和腾尘山君都对以松雅子为主阵之人的行为并无异议。余下土地神奇只觉惊奇，也不好此时询问，只是纷纷落入阵眼之中，运转土地山神之力。十余枚山神印悬空而起，散发神光。 不知是不是在镇岳上方剑面前，一个个山神印都活跃异常，汹涌的吸力顿时让好几个修为较低的土地神奇面露吃力之色。陈木见状，立即往手中镇岳上方剑内注入真元之力，得他真元相助，镇岳上方剑立即散发出威严金芒，从剑阁之上释放出十余道金色剑芒，连接住在场除两位山君之外的所有山神印。陈木柱极尽修为，丹田气海开辟，又是修炼红尘玄功，真元之力庞杂，但从数量而论。 一人可抵这些炼气境的土地神奇全部相加，有他相助，一众土地神奇明显轻松了许多，都不禁投来感谢的目光。切<其>！只听见松牙子一声大喝，忽然众人脚下的地皮都像要被掀翻，有伟岸之力从地底涌现，将原本坚硬的岩石地表化作海浪般此起彼伏，一阵耸动。原本即将要向着陈木所在方位倾倒下来的主壁佛像，在这股土形之力的反推之下，微微有了往后仰面倒下的态势。而陈木则是驾驭着除巨阙和镇岳上方之外的十柄宝剑。 斩碎头顶落石，给苦文和巨阙减轻负担。不时有外物影响到一众山神土地的施法。若能以土形阵法将主壁九尊巨大佛像往相反方向推倒崩塌，剩余两侧的崖壁落石，巨阙和持国天王虚像堪堪能抗住。等到尘埃落定，虽然他和苦文会被掩埋在地下废墟之中，但秦青云不会对此地坐视不理。届时便有了等待援兵的空间和宝贵时间。眼看即将攻城，松牙子眼中闪过喜色，招呼道：“诸位，再添一把力，马上就要成功了。” 众人精神一振，齐齐失利。可就在此时，陈木忽然感觉有股心悸之意涌现，仿佛是在丛林之中被猛虎盯上的悚然之感。诸位小心，佛像有变！苦文此时也是骇然道。陈木猛地抬眸望向远方佛像，只见在无面主佛像左侧的迦叶尊者像，在这个瞬间竟似是活过来一般，脸上浮现出栩栩如生的神情。迦叶尊者像低垂眼眸望向陈木，被他眼神一扫，陈木居然有种浑身冰寒、手脚冻僵般的压迫之感。经丹境修士。 害了秦凌霄之幕后黑手，终于是现身。在这关键时刻，要起一锤定音之作用。只见迦叶尊者向台壁伸出右手，遥遥指向正在施展土行阵的松牙子，食指忽然从佛像上脱落，化作一枚流星，急速坠下。虽然仅是一截指头，但佛像之躯壳何等庞大，此刻一枚指头急射，对众人来说就是犹如一方陨石坠落，是大力沉。且指头内还是蕴含了金丹境修士全力一击的庞大真元修为，挡不住。即使众人合力，都挡不住。 包括苦文和松雅子两个山君在内，都在此刻心中浮现出绝望情绪。而就在此时，一道身影竟然跳出了持国天王虚像，持剑跃上半空，主动朝那迎面降下的佛像指头挥剑斩去。正是陈木，他在干嘛？如此莽撞，岂不是等同于自寻死路？秋沙山君和藤城山君心中同时生出一丝悔意。早知道这个镇岳上方剑的剑主是如此鲁莽之人，他们就不该来这一趟。如今可好，金丹境上修出手。 不仅是以佛像指头袭杀而来，更是以神通法术封锁了洞窟内的土地岩层。哪怕他们身怀山神印，如今也是难以逃脱，只能坐以待毙了。苦文同样惊诧，在他印象之中，陈木并非是鲁莽冲动之人，怎么会面对苦寻已久的金丹境幕后黑手就突然变得莽撞行事呢？难不成？苦文担忧的凝视下，忽然一道辉煌的剑光从陈木的手中挥出。是的，辉煌，你很难将这两个字和区区一名筑基境修士所挥出的剑芒关联到一起。 除非，这本就不是筑基境修士斩出来的剑芒。就在剑芒撞上佛像指头之际，一个女声突然在洞窟内响起：“你终于是忍不住现身了。”此时，陈木挥出的剑芒散开，竟是从剑芒之中腾跃而出一位身穿黑色夜行衣的清瘦女子。她一剑挥出，原本让人心惊胆寒的佛像指头就如齑粉一样被剑光绞成粉碎。能够对抗金丹境修士，轻松破去对方出招的，毫无疑问，这名黑衣女子同样也是一位金丹境的剑修。 陈木在用剑光掩护黑衣女子出手后，立即就退回到持国天王虚像之下，脸色平静，似乎对这戏剧性的一幕早有预料。原来刚才他的所作所为皆是虚招，目的仅仅是掩护那位金丹境女修出手，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高手对决，只争一线，些许的先手优势，往往都能决定最终的成败胜负。松牙子、两个山君以及一众土地神奇，看的是目瞪口呆，唯独苦文好像品出了什么，眸子闪亮。陈施主，这小和尚。 不是有意隐瞒你，实在是担忧你的演技不过关，所以才出此下策。陈木笑了笑，抬头仰望上方，只见一道黑影从迦叶尊者佛像内飞出，想要远遁，而黑衣女子也是架起剑光从后追赶。敌暗我明，对手又至少是金丹境修士，我们又岂能全无应对之策？这位姑娘，乃秦思时请来的强援。从我第一次离开伏魔寺，她就尾随在我身后埋伏了。苦闻叹服。第九十五章废墟。当日，在陈木嘱咐秦老二去找到秦青云后。 这位镇御司的同章司使有个说辞很有意思，我秦青云、北庭镇御司以及雍俊秦家都会永远铭记你的恩情。这次的三方次序值得细细品味。秦青云把他自己排在最前，意味重要性最低，这可以理解。他毕竟只有炼气境七重修为，实力低微，又在三年前的行动之中丧失了威严，在三关城镇御司衙署内也掣肘颇多，所以他将自己的地位摆得最低，解释得通。可雍俊秦家竟然被秦青云放在北庭镇御司之上。 这就有点反逻辑了。如今天下，除了三十六玄门正派外，没有任何一方势力胆敢说是地位超然于景庭之上。作为继承自人皇帝位的正统王朝，景庭的实力不可谓不深厚。镇玉司与十支强军，几乎将天下出众武者都已经收入人皇谷中。而不要忘记，五是道三教并行，乃当今天下主流的修行派系，本质上并没有高低之分，只是世人皆向往长生逍遥，而修道之事无疑是最为接近这种心愿的，因此多受追捧向往。 而武者刚猛一折，除非以惊人的毅力和气魄打破肉身极限，否则在寿元上比起修道之人要短命太多。因此，对世家大族而言，修道长生才是首选，飘然若仙的形象才符合显赫世家对风流优雅的天然追求。唯有求道之路不通的前提下，才会去选择武道作为下乘之举。可这并未意味着武者就天生弱于道修，在战力上，武士道三家各有所长，高下只看个人掌握以及战局地形，没有一个放诸四海而皆准的道理。 但武者的修行的确太苦太累，又过刚易折，容易损害身体根基，从而不得长生，因此才被世家望族所摒弃，转而追求修道逍遥。而站在人间王朝的角度，却是对武者情有独钟。一来，武者对根骨悟性的要求相对较低，只需肯吃苦用功，至少入个断身境不难。比起道家的炼气境，世家的持戒率，武者在断身境的人数，属实是庞大太多倍了。通过兵法军阵，人间皇朝可以将这些数量庞大的低阶武者统御成军，以数量取胜。 一万名断身禁武者在军阵的加持下正面冲杀起来，甚至不输于一名元婴境修士。从培养的难度上，毫无疑问是前者更为轻松容易。北庭镇御司作为景庭镇守北玄州的重要衙署，汇集了不知多少天下名将、汉族。要说区区一个雍郡望族就能压过北庭镇御司一头，那这天下估计也就离动荡不远了。所以秦青云的排序大概不是从本身的实力来排，而是他所能调动的资源。他身为同章司使。 大概率是没有本事在北庭镇御司给陈木安排一个金丹境修士尾随在后，连着好些天什么事不做，就为了调出那个幕后不知道会不会出手的元凶。这种能量的确是唯有私下的人情才足够好用，但正如陈木早些时日对秦青云的判断那样，这是一个为了报仇会不择手段甚至发疯的可怕女子。她的一切目的都是为了揪出凶手，找寻到兄长秦凌霄的下落。如今这个金丹境的黑衣女修。 也不例外，在一剑斩出依附在迦叶尊者佛像上的黑影后，丝毫不管还在坍塌的佛窟以及陈木等人的死活，直接就是追了上去，不存在丁点犹豫。于是，面对头顶的滚滚落石，陈木和苦文对视一眼，都无奈摇头苦笑。幸亏是镇岳上方能够召来附近的山神土地，不然即使有金丹境修士压阵，这种情况下估计他们也是十死无生的局面。但陈木知道那黑衣女修的来历，在场的一众土地神奇可不清楚，在他们观感之中，这个神秘的玄衣少年。 不仅执掌有传说中能号令四方山神的镇岳上方宝剑，更是能有一位金丹境的女修替他略阵杀敌，法宝护道者皆齐，兼之本身就修为不俗，剑法出众，可见师承并非无名。如此种种相加，意味着什么？岂不正是说明这少年拥有通天背景，是身怀大仙缘之人？若能在此结下善缘，将来混个眼熟，别的不说，万一再行四方山神册封盛典，他们这些土地神奇可就要鸡犬升天了，哪还有不卖力的道理？诸位不要分析。 如今外力已除，正是我等发力颠倒山清之时。明显能感觉到，这一次土地神奇们出力是比先前更大。土行阵法力量翻涌如波涛，一阵阵不断的向前涌现。而就在此时，两侧的崖壁终于是彻底失去了支撑，轰的一声，完全崩塌压倒了下来。无数落石佛像瞬间就将陈木和苦文等人淹没不见。嘿嘿，陈施主，你还好吗？黑暗之中，苦文的大光头又发挥了照明的作用，将附近的人影照亮。如果不是亲身经历， 估计没人会信，这个地下废墟竟然是一座宏伟佛窟所在地。曾经的佛陀菩萨、天王力士都化作尘埃，千佛争谋的浩瀚场面也成为过往。不论这座佛窟有过多么辉煌璀璨的历史和过往，如今只有遍地的残垣断壁证明着它曾经存在过的痕迹。十国天王的虚影已经变得极淡薄，若隐若现，随时都会消失。而巨阙剑化作的银桥，此刻体积也缩小了近七成，同样摇摇欲坠。狭窄的废墟空间之中，沉木和苦文都满脸灰烬。 有些狼狈不堪，幸亏得一众山神土地的合力，终于还是没让九尊巨大佛像所在的主壁往这个方向倾塌下来，给了他们苟延残喘的机会。但做到这种程度，别说是练气境修为的土地神奇，一个个瘫倒在地，神色萎靡；就连秋沙山君和腾辰山君两个筑基境山神，也都累得瘫坐在地，左右相隔，没有并肩而坐，已是两位山君最后的倔强。第九十六章，元境废墟之中，不知过去了多少时辰，陈木将段轩释放了出来。 配合纯君、成影、斩蛇、太阿四剑替他护法，陈木则是抓紧时间打坐调息，恢复真元，以应对可能发生的意外。此时就体现出来红尘玄功的好处了。别人在这地下废墟之中，空气浑浊，呼吸都成困难，图纳修炼更是难上加难。而陈木对外界环境要求不高，无论何时何地都能正常修炼，状态也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快速恢复。这种情景更让一众土地神奇心中战栗。 随便一把剑取出来，都是散发着胆寒锋芒的天下名剑，加上这份处变不惊的淡泊心境，说陈木不是大宗名门的真传弟子，都没人相信。也幸亏这次是听从了松牙子的话语赶来立功，否则这桩天大的机缘，只怕是要从掌心擦过。镇月上方剑，看着那柄悬浮在陈木身前，鎏金剑柄，有帝皇气象之宝剑，在场的土地神奇们皆是心头火热。陈木此时并没有注意到这些土地的心思，有苦文、段轩，还有众多剑灵护法，他当无忧。 眼下还不知道秦青云在地上的救援需要多长时间，争分夺秒恢复真元，以防变故，才是他当下被困在废墟之中最需要找紧去做之事。忽然，漆黑之中，陈木隐隐约约好像听见有对话声响起：“师兄，这些光头的石像是什么东西啊？好神奇！”“立，不要碰，这是佛像，是鬼的天敌，小心受伤。”“佛？”“可是师兄，佛不是已经消失数千年了吗？为什么这里会有这么多的佛像？”“傻孩子。” 佛只是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消失了，但这里是秘境，存在诸多古老的隐秘和未知，佛可能藏在了此处，也说不定。我能杀佛吗，师兄？他们会不会坏了我养的鬼？不能妄动，秘境不知缘何突然不按规律开启，很可能生变，绝不可大意。养鬼？陈木心念一动，正要仔细倾听那不知从何处响起的对话，但就在此时，一声巨大的动静在头顶响起。什么声音？嘘，静声。虚空中的对话就此隐没消失。 而一缕天光从头上亮起，陈木睁开眼睛，看见的是秦青云威风凛凛的黑色麒麟符，佩刀立定，差遣着上千名武夫和不良人武侯正在开挖废墟。刚才的动静就是他们开挖落石所发出。原来不知不觉间，陈木和苦文被埋在地下佛窟废墟内，已经过去了十七八个时辰。此时距离他们进入佛窟已是第三天的中午，烈日被浓雾遮挡，只有微微的天光洒下，灰暗阴沉，正如镇域寺漆黑的麒麟符，时刻都彰显肃穆。 见到陈木等人的身影，秦青云面露喜色，踏前数步，伸手在陈木面前，试图拉他离开废墟。陈木微微摇头，纵身一跃就跳了出来。他反手将苦文拉出废墟。至于松牙子、两名山君以及土地神奇，废墟是挡不住他们的，反而脱离的最为轻松，身上的衣物也不见有尘埃灰霾，和脏兮兮的陈木、苦文二人截然不同。见陈木不愿抓他的手走出废墟，秦青云的脸上闪过一丝微不可察的失落。 他明白，和陈木之间的默契配合，只怕要再次告一段落了。双方各取所需，秦青云抓住了邪修的尾巴，陈木则摆脱了因鬼王断轩而被盯上的麻烦。虽然还未真正将那邪修拿住，但那是北庭镇御司接下来的任务了。无论是秦青云还是陈木，在金丹级别层次的战斗里，还派不上太大用场。但他也是意志坚定之人，不会轻易动摇自己的做事原则和信念。让他再选择十次，他也是会以追击元凶为第一目标，不会为任何人改变。至于过程之中是否会有误伤， 有无辜伤亡，或者是见死不救等情况出现，暂时还不在他的顾忌范围之中。秦家子弟不存在妇人之仁，多谢秦司使出手相救。陈木抱拳道。秦青云微微一笑，哪里话？要不是陈兄以身为饵，我想要揪出那金丹邪修，不知还要花费多少心力。陈木微笑致意，却不多言，转身离去。秦青云调整好心态后，眼神看向秋沙山君和藤尘山君，露出好奇表情。他如今对一切实力强大的修士都深感兴趣，有结交之心。 若关系处理得当，未尝不能是他将来的一大助力。这几位是？秦青云开口问道。但秋沙山君和腾晨山君贵为一方山神，却对一名练气七重修为的女娃娃没有太多兴趣，都只是瞥了一眼，就转过头去，懒得理会。秦青云也不觉尴尬，又看向松伢子。松伢子笑着回道：“这位姑娘有礼，我等皆是方圆三百里地界土地神奇，响应剑主诏令来到此地，听从剑主之命。”秦青云闻言，神色微微一怔，土地神奇？ 原来陈木竟有此手段，难怪可以在如此可怕的坍塌之中活命下来。说实话，秦青云也一度担忧过陈木和苦文会不会就这样死在了佛窟之中。他很清楚，那位金丹女修也是和自己一样，是为了追寻元凶而不惜性命之人。连自己的性命都不会去爱惜，又怎可能顾及他人的死活呢？因此，在见陈木安然无恙后，他才会罕见激动，朝陈木伸出手。可他本以为自己对玄一少年的看重已经足够高了，也拿出了极大的诚意。 但当听到土地神奇对陈木的那番说辞后，秦青云眼中还是闪过一抹恍惚。建主，诏令，听命。陈木竟然拥有对这三百里地界山神土地的号令之权。若在更早时候就知道这个消息，他还会为了追击凶徒而罔顾陈木和苦文的性命吗？秦青云一时之间竟找不到答案。就在他迷茫之际，只见陈木和苦文已经接过两匹不良人牵来的马，各自上了马鞍，往三关城方向行去。一众土地神奇。 包括秋沙山君和腾晨山君，都化作一缕青烟，紧随在后方。远远望去，就像是两名少年驾着天马，一路踏着祥云，徐徐远去。第九十七章远行。智空方丈的电仪很简单，他本就是奉行苦修之人，对外物全势无有贪图。加上伏魔寺如今人才凋零，香火也淡，办不起多大的科仪，因此一切从简。陈木将一座佛龛带回，摆在智空方丈的龛前。这是他在废墟之中找到的一座损毁不怎么严重的小型佛龛。 算是此趟佛窟之行的一个交代。智空方丈想要知道空禅的心性变化是否和佛窟有关，答案已是不言而喻。佛窟内必然是出现了重大变故，才会让空禅这么一位曾经的良善高僧化作痴狂。甚至陈木都一度怀疑，当初在佛窟内以石的墨宝腾抄石壁药方之人，会不会就是拿了佛窟秘药的空禅？可惜一切的真相都随着佛窟的坍塌，再也不可追寻。陈木和苦文甚至连佛窟内的真经都没有寻见，就已经被掩埋在了落石废墟之中。 不能说是没有尽力，只是世间之事难以接碎人心愿，太多谋划都不能十全十美。逝者已矣，唯愿安息。最后在大雄宝殿内上了一炷香，陈木和苦文离了寺门，漫步在三关城的街巷内。话说回来，他们来到此城也有些日子了，却总是来去匆匆，每日都仿佛有忙不完的事，还真没有时间好好的看一眼这座城池。清晨的街道很是宁静，却不乏炊烟气息，有挑着扁担的货郎沿街吆喝：“炊饼，吃炊饼了、啊。” 刚出炉的炊饼还热腾着，客官要来一份吗？给我两份。好脸客官小心烫手。苦文从陈木手上接过一张炊饼，捧在掌心，有点怔怔出神。忽然，他抬起头来看向陈木，问道：“陈施主想要离开了吗？”“是。”“去往何处？”“先去南黄州宛城办点事。”说罢，陈木看向苦文，笑道：“怎么，小和尚，鬼王未除，可要与我继续同行？上次是苦文非得缠着跟他同道。” 这一次却是陈木主动发出了邀请，但苦文摇头，不了。施主的本领，小僧早已见识过，且心性也是极好的，犯不着小僧操心。由你看住鬼王，想必无忧矣。陈木对苦文的回答也早有预料，闻言并不惊讶。两人沉默的在街头走了一会，陈木咬下一口炊饼，再问道：“那小和尚接下来作何打算？”小僧欲遵师命，返回寺中一趟。苦文说到这里，几次抬眸，欲言又止。陈木没好气笑道：“你一个和尚。” 别做这种鬼鬼祟祟的动作，有话直说。施主不若与小僧同去。言下之意，似乎是他山门之中有解决断勋这麻烦事的本领。陈木似笑非笑，怎么？难道你家寺庙比菩提寺还要厉害？苦闻小和尚表情平静，不做回答。陈木心里早有答案，也不奇怪，只是摇头。此行路远，我还是先去宛城吧。反正那邪修被追杀着呢，估计也没那本事再来找我麻烦。不过，小和尚你若不放心，可在下山之后来宛城找我。 看看鬼王有没有为祸一方，再斟酌要不要寻我问责，但不要拖延太久了，一两个月好说，时间长了，我可不敢保证流浪到了哪个地方。苦文轻轻叹息一声，小僧此次只怕要在山门至少清修半年，只怕是赶不上去宛城见施主一面了。果然，陈木眸光一转，他就猜到要真去苦文的山门，只怕去时容易，出来难。否则若是一件简单之事，以他和苦文这些时日的交情，对方也不至于遮遮掩掩,掩，犹豫再三。上清宗有景霄真人那种货色。 菩提寺怕也不全是良善之辈，而陈木最怕被困在那清净苦修之地。他带着段轩是出于道义上的考量，却不准备给自己带上枷锁镣铐。当然是以自己的行程为主，若沿途顺便，可再想办法解决鬼王的问题，不能本末倒置。又行了一路，寒暄数句，终于是来到了城门位置。他们两人本就是轻装而来，在城内也无什么财产置物，离去之时自然也无需带太多行囊。原来这趟寻常的出门，已是分别的前奏。 陈木和苦文都对此心知肚明，那么就不多闲聊了，在此别过，江湖路远，你我总有在相逢之时。陈木走向城门下站着的数名身穿黑色麒麟服的镇域司令员，秦青云有来信，直言若两人有远行之意，可在南面城门处找到镇域司令员，他将为两人准备好两匹快马，一袋碎银，以做路上盘缠之用。以陈木这些时日为秦青云所做的事情，他也不必避讳这种方便赶路的酬劳。但没想到在这伙镇域司令员之中。 竟然还看见了两个让陈木意料之外的人物。咦，道友也被镇玉司招安了不成？王剑客燕温朝陈木抱拳，神色平静：“在下从未为贼，何来招安一说？不过是金秦司使说服，找到了更好的办法，可以回报乡亲父老。”陈木点头认可。比起单打独斗，的确，燕温加入镇玉司能调动的资源也更多。只是，体制内位力有个前提，那便是找到一座靠谱的靠山，否则不仅不是助力，还会成为束缚。以燕温的实力，加上雍城秦家的背景。 两者结合，能发挥出来的能量不容小觑。恭喜道友，燕温以微笑回应。陈木看向燕温身旁的小女孩秦儿，此时看着陈木的眼神里满是不舍与委屈。公子可是要离开三观城？是。哦，燕兄是收了秦儿为徒？没错，他心性毅力皆是出众，且根骨也非凡，有望踏上道途，走到我的前面。燕温伸手抚摸上秦儿的脑袋，缓缓开口道：“他心中存在对三观城的怨念，长久以往，只怕会成心障。” 一旦踏入邪道，不堪设想。也希望这段师徒情分能让他多些平和感恩，不要困在往事之中。秦儿抬起头，师傅，我没有。燕温微笑不语。陈木接过缰绳，走到秦儿面前，蹲下身子，和秦儿平视：“是我将你推荐给秦青云，相当于是你修行入道的半个领路人。好好跟随你师傅修行，下次见面我要考验你的。”的秦儿眼中闪过惊喜的光芒：“公子还会回来吗？”“嗯，会的。第98章”第九十八章山君孤峰山。 今天山上的精怪都忙碌了起来，百年的朱果、千年人参、各种山中珍馐都捧到了仙聚林内。这次不再是山君的奠基典仪，规格更为隆重，是要宴请一位真正的仙人。如何证明是真正的仙人？君不见两位山君在上次宴席上剑拔弩张，差点大打出手，但这一次却乖巧得很，像是志同面对私塾老先生，行为端庄拘谨，一言一行都注意非常。君不见松雅子作为孤峰山之主，这次几乎是倾囊而出。 把山中几乎所有称得上有年头的珍贵之物都取了出来。君不见，这次响应宴请的神奇人数多了许多，就连那五百里地界外的山神土地都主动前来求一席之地。仙聚林内，陈木坐在上首之位，秋沙山君与腾辰山君分列左右而坐。松雅子身为孤逢山土地，有地主身份，陪在秋沙山君身旁，而腾辰山君身侧则坐着一名同样是筑基境修为的山君，字号九霜山君，竟是一位美艳的年轻女子。她身穿一裘雪白毛绒披袄，身姿妙曼丰盈。 双眼都有赤红眼影，望之娇艳动人。此时九霜山君望向陈木的眼神之中饱含深意，几乎从来到此地起，他的视线就从未在悬疑少年身上挪开过半寸。而此女子的注视，让他身旁端坐着的一名年轻男子双眼冒火。这名年轻男子面如冠玉，身姿挺拔，风神俊朗，身披一件和年轻女子几乎同款的白色毛绒披袄，指尖带着数枚玉戒，腰悬佩玉，就连手上的折扇都垂着一枚精美的玉坠。 处处透露出富贵非凡的气息。他自号南山山君，同样是筑基境修为。而一众不请自来的土地神奇，大多是追随九霜与南山两位山君的步伐，并且大张旗鼓推着数十辆马车到来。每一架马车上都装满了天才地宝、精气美玉，随便一辆车上的货物，都能够让一个人间城镇吃喝用度十年而无忧。这数十辆马车的奢华阵仗，顿时让以松牙子这边倾囊而出准备的山珍地宝显得相形见绌起来。秋沙山君和腾辰山君的脸色都不算好看。 但碍于松雅子和陈木没有表态，他们也只好先按下不表。诸君，今日孤逢山鹏必生辉，不仅请来了镇岳上方见主陈道友，更有诸位山君土地之赏脸。作为孤逢山土地，老朽敬陈道友和诸君一杯，今日不醉不归。松雅子一口将尊中酒饮尽，在场的大多山君土地也都给他面子，一饮而尽。唯独是有那么一小撮人端坐席上一动不动，冷眼旁观，显得格外刺眼。放下酒樽后，秋沙山君更是目露杀意。 冷冰冰望向了南山山君所在，方才不喝酒的正是这南山山君和他的一众手下喽啰。既然不喝酒，来此作甚？不如滚回你们的山头，自个开一场宴席玩去算了。秋沙山君出言挑衅，南山山君却懒得正眼瞧他，只是把玩着手中的酒樽，神态轻佻。我等并非不愿喝酒，只是对这坐席排次有些异议，不吐不快罢了。没想到此时彭城山君竟会出面说话，他以同样轻佻的神态回瞥一眼，冷冰冰道：“谁请阁下来了？” 自己不要脸登门，有个位置给你落座就已经不错了。不服，大可以离去。南山山君也不动怒，我坐哪里都无所谓的，甚至站着都行。但你们可知道这位九双山君的身份？南山山君伸手一指，脸上露出狂热的表情。九双山君乃东陵青丘部王族出身，天生九尾，将来注定是统御天下狐族的女王。她远行游离至此地，因一桩长辈交情，承诺接替上任幻音峰山君的山神印，代为保管十年。十年期满。 将重返东陵青丘部，出任大祭司之位。诸位都是妖兽精怪化形，难不成真觉得青丘王族贵女席位应当在一名人族之下？他此言一出，在场众神奇皆是大惊。青丘狐族，这可是真真正正的妖族大部正统，和他们这些山林里出生成长的妖兽不同，属于妖族之中的高贵血统。正如天下人族修士一旦想起修行，就绕不开三十六玄门一样，任何妖兽想要往上晋升，也同样绕不开九大古老妖部，甚至可以说。 如今天下，但凡是能吞吐天地灵气、吸收日月精华、开化出神智，进而修行化形的妖术，其血脉之中或多或少都有着九大古老妖部的血统，也天然面临着被这些妖部王族克制的关系。修行的早期可能还不曾察觉，越是往后，这种血统上的压制就越是明显。在场的山君、土地，无论是秋沙山君、腾晨山君，还是炼气境的土地神奇，大多都是没有根脚、凭借天资修行至今的大妖。面对青丘王族。 的确可能是他们此生极其难得的机遇，若能得引荐加入，从此就能摆脱土地神奇的身份，获得真正的妖族修行上乘功法，过上逍遥自在的生活。难怪那南山山君如此狂热，换做任何一个散修之妖，在茫茫天下人海之中，竟能有幸遇见一位出自九大妖部的游历王族，只怕表现都会和他相似。一时间，被九双山君的身份所慑，秋沙和藤晨两位山君都陷入了沉默。南山山君见状，嘴角泛起一道不屑的冷笑，仰起头，却是将矛头指向了陈木。 我本以为能执掌镇岳上方剑，号令天下山神的会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没想到竟是一个修为平平无奇的筑基敬人族修士，当真是大失所望。我听闻千年前人族大昌担任城隍山神之职的大多是阴德隆盛的大善人，因此镇岳上方才能在朝廷的龙脉之气加持下，拥有号令四方山神之权柄。但如今时过境迁，天下山神之位，能者居之，大多为实力强悍的化形妖修。依我看来，这镇岳上方的主子也该换个妖部王族才是。第九十九章。 天下大事，陈木坐在上首坐席，平静的听完了南山山君所说的话。要是一般人，很容易将南山山君这番说辞和争风吃醋联系在一起。毕竟明眼人都能看出，这位南山山君对九双山君的态度有些过于热情，爱慕之意从未掩饰。无论是真的垂涎人家的美貌，还是想从此攀上高枝，在九双山君表现出对陈木的浓厚兴趣之时，南山山君跳出来做搅局之人，并不让人意外。但陈木恰好不是一般人。 对比起秋沙山君、藤晨山君这些山中化形妖修的散修身份，陈木从小就有一位上清宗的太上长老对他言传身教，对修行界的常识，德阳子没有给他介绍太多，但对江湖杂事、妖怪奇谈，老人家反而兴致勃勃对陈木说了许多。加上师姐孟云梅的玉检之中的记载，让陈木对妖族之事拥有超出其他人一大截的理解。世人时常挂在嘴边的所谓斩妖除魔，其实是一个古老的说法。正如南山山君所说，在将近万年前初代人皇的时代。 属于人族大昌、威压天下的时代，彼时妖族根本不成气候，与丛林野兽没有任何区别，只知弱肉强食，并无礼义廉耻。猛虎闯入家园，自然是要被喊打喊杀，为民除害的。但如今时局有变，朝廷势弱，玄门兴起，就连当今人皇地位都要屈尊在三十六玄门之下，而妖族也不再是一盘散沙，九大妖部都拥有各自的地盘，有了自己的风俗和文明，实力上和人族军队也能分庭抗礼，且如今大多执掌山神印的都是山中修炼成精的大妖。 因为他们土生土长，反而更契合山川地脉之意，实力也在人族之上。如今在一些妖族大部里流传着一种观念，那便是人族并不天生比妖族尊贵。人族以人皇朝占据了天下最好的宝地，掌握有天下间最好的修行资源。妖族若是能够九大部族联手，未必不能也如当初的初代人皇一样，建立一个妖王朝，成就妖族大昌的新时代。在这种观念的冲击下，镇岳上方剑作为人皇朝的法宝，合法性受到冲击，也是顺理成章之事。而陈木。 不过是恰逢其会，因为身为剑主，被迫卷入到了这场人族与妖族争权的天下大事之中。这场争权戏码，准确来说是人妖两大种族之间的生存与资源之争，是需要诸如当代人皇、九大妖部族长、天下三十六玄门掌教领袖出面处置之大事。眼前的南山山君跳出来，宣称要争夺镇岳上方剑，不过是这场大事之中微不足道的一丝波澜，远远称不上有多大影响。陈木真正的关心和考虑的是，代表青丘狐族的九双山君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又持什么立场。 镇岳上方藏在上清宗凌渊剑池内，上千年不现世，又是为何？他陈木在下山前，被孟师姐特意嘱咐入凌渊剑池一行，在见童子近乎托孤般的热情下，带走剑池内的十二柄宝剑，其中就有镇岳上方。其中会不会又有深意？所以陈木才会不喜和诸如上清、菩提寺这种天下大宗产生过多接触。里面一个个都是洞悉天机变化，能挂过去未来的大能真修，总是布局深远，以天下为棋盘，落子无痕。但时代的一粒尘埃，落在个人的头顶。 就是一座大山，陈木觉得自己能少沾惹这种麻烦就少去沾惹。不过他不惹事，却也不怕事。他既然是德阳子的真传弟子，就免不了也担一部分上清宗的责任。关于这点，陈木从未想过逃避。所以他在凌渊剑池内不客气地取走了十二柄宝剑下山，却在伏魔寺内对制空方丈的慷慨分毫不取。正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喂，那人族的少年为何不声不响？莫不是心虚畏惧了？南山山君见陈木迟迟不开口。 只当是这少年端坐在群妖之中，心中彷徨。于是冷笑更甚。他不像寻常的山中妖精，常年躲藏在山中修行，只知闷头修炼。在成为一方土地神奇后，他经常去往人族的城池，利用山中的资源和人族展开诸多贸易，一步步扩张生意，是越做越大。如今生意之巨，在四周的地界上都有他的店铺渠道。但常年和人族的贸易往来，不仅没有让他对人族心生好感，相反，接触了解的越多，他对人族的鄙夷之意就越强烈。 人族的寿命太短了，区区百年不到，因此往往自私自利，只顾眼前的蝇头小利，不谋百年后的长远大计。面对天灾人祸时，往往也只顾为宗族谋利，视城中其余百姓如草芥，以牺牲同胞性命为代价，替自己宗族谋取更多的钱财。但若是涉及到子孙嫡系的利益攸关时，又能罔顾宗族，不惜引入外敌，以瓜分蚕食宗族整体利益为代价，去保存自己一脉的荣华富贵。普通的短命人族如此，踏上修行路的长命修士也好不到哪里去。 一个个隐世出尘，只顾修道长生，不管人间灾祸。为了长生，连尚在人世的爹娘兄妹都可以不顾，冷眼旁观家族的兴衰存亡。天下大事，皇朝更迭，世家命运，沧海桑田，都与他们无关。修到最后，修出了一个冷冰冰的石头人。虽然长生不死，可又有什么意义呢？还是做妖好，天生就寿命冗长，无有人族那般求长生的急切，自然也无那般短视。九大妖部团结互助，但凡加入部族者，皆为兄弟姐妹。 不像人族宗族血脉那样肤浅淡薄，且妖皇之位乃妖族之中的最强者居之，九大妖部皆是如此。今日王族若是不济，明日就有新的王族上位，非一家之天下，此乃妖族共识。九双山君被公认为将来统御天下狐族的王女，是因为她天生九尾，注定非凡，而并非是她身为王族就注定妖继承妖皇之位。当今青丘部的王族后裔多了去，但被公认有成为妖皇之姿的，却也只有九双山君这么一位而已。对比之下。 人皇各种分封削藩之举，简直是荒唐可笑。第一百章事件，南山山君的想法，陈木并不在乎。他真正感兴趣的是九双山君的态度。这位天生九尾且出身青丘大部的王族狐妖是何想法，才是今天的关键因素。若他不动，余下之人不管怎么闹腾，都不过跳梁小丑，无足轻重。可若南山山君的行动是由他指挥，受他所命，那陈木就得小心应对了。 不知九双山君是否赞同南山山君的建议？陈木转头直接向女子开口问道。九双山君微微摇头，笑道：“明剑既然有主，无论是什么理由夺人所爱都是不正确的。青丘湖部是讲道理的地方。”好，我明白了。陈木点头致意。有时候陈木也得感慨，清澈玲珑心是个相当好用的天赋，和佛门的顶级神通他心通有相似之处。他凭此可察觉他人之善恶感官，并且可以通过诱导性的提问来从情绪变化上找出自己想要的答案。 从一开始，陈木就分辨出了两名外来山君对自己态度的截然不同。南山山君的恶念从未减弱，而九双山君无有善恶之感，中正平和，像中立旁观的路人。加上这次发问，足以让陈木知晓答案。而南山山君则是被陈木此举彻底激怒，他才是这场发难的主角。陈木怎敢对他视而不见，直接询问九双山君的想法？虽然九双山君的地位远在他之上，可事实是一回事，被人点破事实的存在又是另一回事。 自从九双山君来到幻音峰接替山神之位后，南山山君就一直在展示自己的价值，足智多谋，风流倜傥，家财万贯，权势无双，并且对九双山君展开了疯狂的爱慕追求。渐渐的，随着身边人的吹捧，他早已习惯世人将南山山君与九双山君并排在一起，提及九双之名时必带上南山，反之亦然。这让他在感情上犹有,有幻想，至少在女子卸去山神之位返回青丘部落前。 他南山山君是和九双山君可以相提并论的身份地位，今日他们也是一同前来仙聚林赴宴。准确来说，是他在得知九双山君对镇岳上方剑主的出现感兴趣，决定前来一观后，急忙追赶了上来，且在短时间内就凑足了数十车的珍宝，以壮声威。更是趁着席间众人举杯的契机，点出九双山君的跟脚，助他扬名，压服群妖，再趁机抛出一个夺取镇岳上方宝剑的绝佳理由。你不是对这把剑身感兴趣吗？由我来做恶人，帮你将剑夺来。 在场都是妖族，你凭借青丘王族的身份震慑住群妖，不使他们出手阻扰；再凭借他南山山君的手段，从一个区区筑基境的少年剑修手上夺走宝剑，献给美人便是。自始至终，你九双山君都不用出手，更无需多言，仅仅以沉默作为默许之意，差遣他南山山君来办事即可。为何却要仅仅因为那年少的一句询问，就拆他搭好的台？你青丘虎讲道理，那我南山山君的脸面与尊严就不值一提了吗？对于九双山君的拆台行为。 南山山君心中悲愤，可他有千百般怨言，也是万万不敢对着九双山君倾泻的。于是矛头只好直指,指陈木。在下身为南山山君，决然不服一名铜镜剑修，凭借一把已消失千年的前朝之剑就能架在我头上作威作福，想要我服气？可以。事件之后，阁下若能拜我，我自当俯首听命。怎么？镇岳上方新任剑主，可敢与我区区一名山君事剑论高低？南山山君直接向陈木发出事件邀请。 此举让一众土地神奇都用看疯子的眼神望向他。你要向陈木试剑？可问题是，你是山君，对方是镇月上方剑的当代剑主，镇月上方统御天下四方山神印是具备法统意义上的上位法宝，具备对一切山神之力的镇压威能。别提此孤冯山并非南山山君的道场洞府，更别说是双方同为筑基境修为，哪怕你借助山神印修到了金丹境层次，又坐镇南山道场，在面对镇月上方时，都不一定能取得优势。 山神印之力在镇岳上方的压制下，实不存一，如何能够和一名擅长杀伐之道的人族剑修抗衡？在一众土地神祇看来，以九双山君的身份地位，挑动在场群妖共同抗争，才是他想要谋取镇岳上方剑的唯一出路。而在九双山君明确表态不会参与到此事之后，犹不收手，无异于是自取灭亡。此次事件可是生死勿论。陈木冷声问道。南山山君表情冷峻，眯眼道：“自是生死勿论。”好，在陈木应允之后。 南山山君竟是迫不及待，直接抽出腰间佩剑，身形一跃就往座上沉木所在直刺而去。他身上悬挂的山神印散发光芒，土行之力奔涌，在脚下土地形成浪翻之势，以摧枯拉朽之势加剑势共同朝沉木袭来。秋沙山君与腾尘山君同时眼神一变，抛开心性不提，这南山山君的修为却有可取之处，凭借一剑一印，竟是以单人之威施展出不亚于土行阵法的土浪之势。秋沙和腾尘自问自己单枪匹马。 面对此等攻势，也唯有暂避锋芒。可陈木毕竟是镇岳上方之剑主，只见一柄鎏金剑柄、雍容华贵之剑，忽然从剑匣内飞出，悬于半空。剑身上剑芒绽放，顿时就压下了山神印上的光芒，使土浪的翻涌之势戛然而止。剑动人未动，已是先折了南山山君的一臂之力。而单论剑法，山野之妖如何能够和人族传承剑修相媲美？此战之结果，在很多土地神奇眼中，俨然胜负已分。可就在此时。 南山山君眸中却闪过一丝狡黠。这群毫无见识的山野村夫，总觉得山神印是天下一等一的宝物，借山川地脉之力修行，事半功倍。殊不知，对他而言，早已洞悉山神修行体系的弊端，且早早做出了应对改变之法。南山山君对他而言，不过是一挂名的道具罢了。他真正的名号，应该是无忧公子申屠王。第一百零一章无忧公子，没有太多人知道，南山山君其实就是在北玄州右云郡地带。 赫赫有名的无忧公子申屠网，无忧公子亦正亦邪，常年居住在令水边上的魂玄别业。由于魂玄别业的主人无忧公子道行高明，精通精妙医术，因此往来魂玄别业之人络绎不绝。可这魂玄别业有一条规矩，只接受以珍奇稀罕之物作为拜贴，受审通过者方可入内得见无忧公子。除此之外，无论你是一府之主，还是千金巨贾，都恕不接待。久而久之，无忧公子申屠网的大名反而越传越广。 魂玄别业的名声也是越来越大，而谁都没想到，就在魂玄别业蒸蒸日上之时，无忧公子却忽然宣布魂玄别业即日起闭门，不再迎客。这一闭门就是整整三年时间，更是鲜有人知晓。就在魂玄别业闭门后的三天之后，南山山君回到了他的山中道场之中，并且开始和九双山君结识，鞍前马后，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所以世人只知道，以山神印为修行根本的土地神奇，在自己的山头上拥有非凡伟力。 而一旦脱离自己的道场，又或者山神印丢失，就会瞬间降格成为弱者，不再让人敬畏。可南山山君失去了伟力，和他无忧公子申屠王有何关系？他早已经摒弃了土地神奇的修行体系，通过自己的不懈寻找，以大毅力、大魄力，选择了重修根本功法。如今的他，山神印仅仅,仅是一方还算趁手的法器，即使封印山神印，他无忧公子申屠王依然是实打实的筑基境修士。若想当然的认为凭借区区镇岳上方剑就能轻松击败自己，只能说。 这是太过天真稚嫩的想法，也是他特意布下的局。陈木说的那句“生死勿论”正合他意。只要对方因执掌镇岳上方，想凭此剑镇压他，而大意忽略了其他方面，那他立即就能以剑告诉对方，这是一个何等严重的错误。如今，陈木身前仅悬浮着镇岳上方一柄剑，申屠往嘴角含笑，剑尖下斜，竟是将所有土地神奇看得比性命都重的山神印，直接以剑挑飞，撞向陈木的眼睛，而他则借着这一记出其不意的先手。 忽然扬手松开左手的袖袍，一只漆黑的乌鸦从他袖中飞出，发出一阵哇哇的嘶哑鸣叫。在场所有听闻这鸦声的土地神奇，包括秋沙、藤尘两个山君在内，都感到心中一阵烦躁，额头青筋暴起，太阳穴急速跳动，像是要撑爆血管蹦跳出来。是阴杀之法，他竟然能寻到如此稀罕的神通功法！有土地神奇惊呼道：“世上神通道法数不胜数，但常见的无非是一十八般兵器的对应修行之法，以及五行道术、横练功夫等等。” 十个修行者之中，至少拎出来七八个都是以种种常见神通为主修方向。像南山山君施展出来的这种以声音影响别人的法门，不仅功法难寻，而且修炼起来也是晦涩难懂，一般人不花费苦功难以入门。何况南山山君作为山神，长生的根本大道落在山神印上，他此刻一剑挑飞大道攸关的山神印，反而施展出这等诡谲的阴杀之法，的确是出人意料。而作为旁观者的一众土地神奇，仅仅是听了压鸣，就有如此大的反应。 身为正主当事人的陈木，又该会是面临何等严重的干扰攻伐呢？秋沙山君与腾尘山君不由忍着头痛，将担忧的目光投向了主座上的玄衣少年。此时，在陈木眼中看见的黑鸦远远不止一只。天空与四周的密林，随着黑鸦的出现，仿佛都被染上了一层淡淡的血色。随着第一声鸦鸣的开始，一只又一只的黑鸦从第一只黑鸦的身上分裂出来，一声二，二声三，三声万物，仿佛没有一根黑鸦的羽毛掉落在天上。 就会从这根羽毛上生长出来一只新的黑鸦，无穷无尽。不消多时，陈木的视野之中已被密密麻麻的黑鸦所占据，耳边响起的尽是鸦鸣之声。一双双黑鸦的血眸让他目眩神迷，而一道道凄厉的鸦鸣更是让人心神烦躁。与此同时，来自南山山君的轻笑声也在四面八方响起。陈木已看不清南山山君的身影，只觉对手的笑声忽远忽近，忽左忽右，让人捉摸不透，防不胜防。而事实上，南山山君的方位…… 从未改变，他甚至放缓了速度，单手持剑在陈木面前缓慢踱步行走，左手附在身后，脸上挂笑，说不尽的潇洒风流。他这门神通道法有名《寒鸦经》，是一门极其罕见的阴杀之法，且杀的不是人，而是魂。以黑鸦提名为媒介，勾动心神情绪起伏，进而攻伐神魂，使敌人陷入无边幻境之中，分不清真实虚假，徒自迷茫。所以在旁观者看来，只有一头黑鸦鸣叫，让人听着心烦意乱。 但在直面此法的陈木眼中，则是千万黑鸦围绕，无数寒鸦精明，如同溺水之人不能自拔。见陈木入局，南山山君或者说是无忧公子申屠网，顿时改变了主意。他不想速杀此人了，而是要在九霜山君以及一众土地神奇面前，让此悬疑少年丢尽脸面，最终不得不跪地求饶，亲手将镇月上方奉上，央求自己替他解除无边幻境，以此方能泄他心头之恨。申屠网如春日赏景，悠然行至少年面前。 思索，在他缓步前行的这些时间里，只怕这少年的精神已经被折磨得快要崩溃。对于溺水之人，任何一根伸手可以抓住的稻草，都是他们求生的最大依仗。在幻境中被困的修士也不例外。此时听见任何压鸣之外的声音，都能让他在绝望之中，仿佛找到一线曙光。阁下可想清楚了，此次事件谁胜谁败？申屠往高声问道，等待着陈木的回答。在他看来，受尽了痛苦折磨的少年，听闻此声，肯定会立即跪地认输求饶，狼狈至极。 而他偏偏操纵自己的声音是在少年的身后响起，到时少年明明是向自己央求，却扑通跪向身后无人的方向，朝空气叩首求饶，如此丑态在众目睽睽之下可谓是丢人至极。但就在此时，申屠网低头看见端坐对面的玄疑少年，此刻抬起头来，眼神清澈，嘴角噙笑，哪里有半分陷入到幻境之中不能自拔的模样？第一百零二章，压九剑，你为什么会没事？申屠网很想问出这句话。 但他却发现自己开不了口说话，在他眼前，天空与密林都染上了血色，身体四周无数血红眼通的黑鸦调转头来，恶狠狠地盯着自己。对此情景，他实在再熟悉不过了，这不正是自己的阴杀之法寒鸦经的幻境场面吗？为何自己的神通居然会反转过来，落在自己的头上？哇哇！哇听到凄厉的鸦鸣声，申屠往浑身颤抖，有种脑袋都要被撕碎的感觉。于是他双手抱头，双膝跪地，发出一声痛苦哀嚎。 场面瞬间反转，一众土地神奇被此等情景惊得目瞪口呆。起初是南山山君暴起袭击，凭借一手部署山神手段的阴杀之法占据了绝对上风。正当所有人震惊看着他以潇洒悠然之姿正要宣告胜利时，却突然画风巨变，悠然自得的变成了人族剑修，而陷入幻境挣扎无法自拔的竟然是南山山君。戏剧性的反转让几乎所有人都猝不及防，唯独九双山君和松牙子两人却好似对这场事件的结局早有预料。 脸上始终保持平静，没有任何波澜变化。陈木站起身来，在剑匣之中，巨阙散发出淡淡的剑芒。其实他从一开始就可以避免被卷入申屠网的幻境之中，毕竟他手上除了镇岳上方外，还长有巨阙剑。巨阙抵御万法，虽然陈木多次将它当作盾牌来用，去硬抗佛像和落石，利用了其坚不可摧的特性，但本质上，对抗如寒鸦经这类的神魂攻杀之术，才是巨阙真正的主场。有他坐镇，无论对手施展的是何等诡谲罕见的神通功法。 在绝对的修为境界没有碾压陈木的前提下，想要轻松得手简直是妄想。不过陈木有意见识一下对方手段的详细，毕竟这是罕见的以声音勾动情绪，继而开拓神魂战场的手段。多积累这方面的经验，总归没有错。即便被拉入幻境之中，陈木也丝毫不惧，因为定光剑早已蓄势待发，剑灵坐镇陈木的神府中心，替他护法。定光照破万邪，持有此剑者可保神台清明，不被动摇。所以自始至终，陈木都是以一种清醒的旁观者姿态。 在看着南山山君的表演，而非如对方想象的那样陷入幻境的可怕折磨之中无法自拔，从未真正陷入，谈何自拔？至于他反过来让申屠网自食其果的办法，却也简单。只见在申屠网跪地后，陈木身后剑匣飞出一柄造型奇特的剑。之所以奇特，是因为此剑似剑非剑，似刀非刀，似笔非笔。剑刃宽厚，但剑身却很短，不足一尺。剑锋处更是像是断开一截，露出平整的切口，没有剑尖。 而他身上布满了如花藤般的紫色图案，哪怕凝神观望久了，都会让人目眩神迷，仿佛连灵魂都要被吸入其中。此剑，压九。世人谈及此剑，必有乱魂迷眼之称，足可见此剑在迷神乱魄之道上有何等造诣。申屠网在寒鸦经这门神通上投入了诸多精力研习修行，却仅仅是被压九剑灵看了一眼，就能反其道而行之，以千百黑鸦七厉名题反攻其主。这就是千古名剑的底蕴，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且压九在神魂一道上的本领，远非申屠王所能媲美。仅仅是数息时间过去，此刻申屠王的丑态已经让人不忍直视。只见他双手抱头，哀嚎不止。原本英俊潇洒的脸上满是狰狞之色，青筋直冒，眼眶充血，无数条精液从他的嘴唇滑落，滴在地面，风流倜傥之气荡然无存，望之如同一头正在发情的野兽。在陈木手持压九剑从他身边经过之时，申屠王似乎有所察觉，发出一声咆哮，张开双臂，想要朝陈木身上扑来。 却被少年轻轻一脚将他踹飞，狼狈倒地。陈木也不去多看一眼所谓的南山山君，而是将目光投向九双山君。九双山君与此人同行，如今世件胜负已分，不知山君对我早些时候说过的生死勿论可有异议？九双山君将右臂撑在石桌上，一双美眸落在陈木身上，眼中似乎有光，就连陈木都搞不清楚这虎女到底是在看他什么。他的目光太纯粹，散发着强烈的好奇，却不掺杂诸如爱慕、亲近、逗弄等等常见的情绪。 就是纯粹到极致的好奇，实在让人捉摸不透。听到陈木的提问，九双山君微微一笑，自是没有异议的。双方是剑，愿赌服输。我青丘狐族又岂是不讲道理之徒？他强调了两次，青丘并非不讲道理之地，也不知是否别有所指。但陈木只许他明面上的意思。既然正主发话，他也就没什么好犹豫的了。压九剑从陈木的掌中飞出，全然无视了宾客之中的一声不可，径直就飞去斩下了南山山君的头颅。一名筑基境的山君就此销首身亡。 秋沙和藤晨两个山君皆是凛然，土地神奇里一些在初时听闻镇岳上方之名，动过歪心思的人，更是心中同时涌起害怕和庆幸两种情绪。害怕自己当时不知天高地厚，居然打这位剑修的心思；庆幸当时没有机会动手，否则今日这位南山山君的下场就是后车之鉴。一名头发斑白的老者从南山山君侍从的队伍里走出，泪流满面，伸手指着陈木：“你，你这小儿，可知道南山山君的另一重身份？他乃右云郡令水无忧公子是也。” 医术无双，请他上门问诊的拜帖数不胜数，不乏达官贵人都在翘首以盼。你今日擅杀无忧公子，相当于断了右云郡无数病患的痊愈希望。如此行径，你迟早会遭天谴的。老朽从三十年前就追随无忧公子身边，效犬马之劳。所谓主辱臣死，公子被斩，老朽也不愿独活。我要以此身死来诅咒你，将来必受业火烧身、天打雷劈、毒虫附骨、万箭穿心之苦，你必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在无尽的痛苦绝望之中。 堕入地狱，永世不得超生。老者说完，一掌就拍在自己的天灵盖上，当场气绝身亡。与此同时，一道碧绿色的气体从他尸体上飞出，冲向了陈木眉心。第一百零三章命咒之术。看见这抹碧绿气体，松牙子和九双山君的神情才终于显了变化。剑主小心，这是命咒之术。松牙子眼神凝重，急忙向陈木提醒：所谓命咒之术，有点类似人皇朝官吏的死剑，是一种杀敌一千，自损无限的邪门法术。 献祭自身的性命和魂魄，以不负黄泉，不得转生为代价，化作诅咒，要咒死一人，可不就是自损无限？可这种邪门的术法，虽然代价巨大，但效果也是显著。无忧公子申屠网在身边带着这么一位修习了命咒之术的老者，想来是当做底牌用的。比如方才陈木只要手慢一点，让这老者展现出命咒之术的效果，换做一般修士，只怕都会投鼠忌器，不敢真害了申屠网的性命。但陈木下手太快，太果断了，以至于让老者连开口要挟的机会也无。 自己忠心耿耿侍奉的公子就已经销首当场，悲愤之下，老者也是不管不顾，直接一掌结果了自己的性命，就是要以这命咒之术为无忧公子报仇。我家公子死了，你的长生道徒也就到此为止。碧绿色的气体之中，仿佛出现了一张年迈的面孔，双眸怨毒，死死盯着陈木的脸，面孔之上犹有,有一丝快意，那是眼看仇人即将被害时心中的宽慰畅快之情。但在下一刻，老者面孔的快意就变成了惊吓。 因为他附身的这道碧绿气体竟然没有能够径直飞入陈木的眉心，进入紫府，反而被陈木双指一夹，就停在了他的指尖，并且开始绕着食指旋转。剑匣内，定光剑发出一声不屑的剑鸣，似乎在嘲笑这种雕虫小技。陈木则是饶有兴致望向指尖这道诅咒，只要他想，可以轻易抹去这道诅咒对他的影响。无论是巨阙还是定光剑，要拦下这道命咒之术都不难。陈木猜测，这老者应该是申屠网特意培养的死士，修为不高，只有炼气二三重水准。 应该是专修命咒之术，方便申屠王掌控。毕竟修为高了，心思也杂，不一定会像这老者般忠心耿耿。但天下的道理是相对的，老者固然是忠心好掌控，不过修为太低，再精妙的术法也难以发挥出真正的威力。命咒之术由炼气境修士以性命神魂为代价要挟一名普通的筑基境修士不难，但对上陈木，手上随便一把剑都是未阶到顶的法宝，斩落诅咒轻而易举。人命到底不能和顶尖的法宝相媲美。 即使牺牲了性命，在绝对的位阶层次差距面前，也显得苍白无力。见陈木轻松将命咒之术制住，松雅子稍稍松了口气。他始终对身为镇岳上方剑主的陈木怀抱有极大善意，但这善意从何而来，他却讳莫如深，一直不曾明说。眼中始终带有欣慰之色，但很快，他的瞳孔就猛地发放大，几乎要惊呼出声。原来陈木让这碧绿诅咒之力在指尖稍微停留后，竟然没有彻底湮灭这道力量，反而是以指尖按住这道诅咒，往眉心里放。 乖乖，这可是命咒之术，是世间最为恶毒的诅咒。但凡是求长生的修士，不说都会畏惧此物，但至少也是避而远之的。能少沾惹一分业力就少沾惹一分，能少缠上一份因果就少上一份，能为将来渡劫增添多一丝胜算就多上一丝。哪里会像陈木这样，明明都可以避免这个诅咒的附身，却偏偏还往身体里面塞的，和自杀有什么区别？所有人看的是头皮发麻，满心疑惑。陈木将诅咒按入眉心，深呼吸一口气。 脸上竟是浮现一股满足的笑意，不知为何，明明是身处仙聚林这种景色精致之地，看见玄衣少年脸上的笑容，却让人不由心生一丝寒意。就连九霜山君此刻的眼神之中，都多了一抹复杂。以他的出身和地位，也从未听闻有人是以咒力为食耳。陈木运转红尘玄功，只觉一口咒力入体，浑身舒畅，修为猛地往上窜了一大截，足以抵他半月苦修，而且还是离了上清宗山门的这半月。可以说，他这半个月来。 所经历之事，可能比寻常修士一年加起来都多。荒冢、冥婚、悲慈寺、伏魔寺、佛窟、神虚子、苦文、智空、秦青云、燕温、东瀛子，还有那来历不明的青年蛮修、神秘莫测的幕后邪修，不知秦青云从哪里找来的金丹境女修援兵，一桩桩事宜，即使是以沉木的江湖经验，都感到疲惫不堪，哪里有在这些巨林内舒服？喝着酒，吃着鲜果，赏着美景，就有人送上门来，以命为代价，给他奉上一大口美味的红尘之气。 比他闯荡江湖、日夜苦修要来的轻松多了。既然这位无忧公子都能够培养出死士，替他以此命咒之术作为底牌，自己若是能够获得无忧公子的功法，也去培养一群死士学习掌握这命咒之术，岂不是能轻松增进修为，早日迈入金丹位阶？慢着，我怎么会生出这种想法？陈木心里肃然一惊，脸上笑意消失，他皱起眉头。恰在此时，一道温婉的女声在耳边响起：“陈公子果然剑法高绝，小女白千月敬公子一杯。” 女子的声音如一曲古筝，清脆如泉水叮咚，又好似那深谷幽兰，灵透柔和。环佩铃响，让人有种发自内心的平和。陈木内心涌起的波澜，在这缕柔声的安抚下归于平息。方才的一缕恶念，就仿佛雁过无痕，任由陈木如何搜寻，都找不到他存在过的证据。但陈木清楚，那并非是他的错觉。就在不经意间，他刚才差点就陷入到人生之中第一次走火入魔。比起出尘避世的修士，他修炼红尘道。 以红尘为食，也时刻得要提防被红尘所食。陈木轻舒一口气，拍了拍衣袍，稍作整理，向着白千月抱拳行礼道：“多谢白姑娘出手相助，陈木感激不尽。”他心里明白，刚才自己是很快清醒了过来，没有被心魔所侵，算是有惊无险。可一旦他刚才自己醒不过来，九双山君白千月的这一声呼唤就是他的救命稻草。第一百零四章讲道，白千月微微一笑，饮尽杯中酒，缓缓掷下酒尊。 他表情淡然，性子安静，坐姿端庄娴雅，如一幅画。哪怕不开口，依然美不胜收。默默出手帮了陈木一把，也不见鞠躬，只当无事发生，不去刻意提及此事。南山山君，或者说无忧公子申屠网带来的随从手下，在申屠网销首被斩后，早已做了鸟兽散，不见踪影，留下一车车无主的珍宝精器，让一众土地神奇都感到眼热。身为土地山神，可不是躲在深山潜心修行就行，他们也要立山神庙，吃人间香火。 凝聚百姓信仰愿力，香火越盛，对土地神器的修为增长就越有裨益。某种程度上，一座规格堂皇的山神庙，就类似于人间修道士眼中的洞天福地，是关系道徒根本的至关重要之物。一旦能掌有这些无主的财富，立即就能安排下去修葺山神庙、开辟山道、宣扬信仰，好处无穷。南山山君以一介山中豹子精的身份去和世俗人间展开贸易，积攒财富，起初说不定也是存了这个念头，不过想扩充山神庙一二而已。只是后来见识广了。 权势大了，便起了格外的心思，开始寻找能摆脱山神印束缚的修行之法。这种想法不能说错，甚至是很有远见魄力的举动。毕竟作为一方山神，也不是谁都勇气放下现在拥有的一切去重新开始的。只是申屠网错就错在他没有在此期间遇到一个出自三十六正统玄门的好老师，能将他引入正途。相反，从那老者的命咒之术来看，他很可能是走入了邪道，变得为了力量而不择手段，最终自取灭亡。不过，虽然都觊觎着申屠网留下的遗产， 但毕竟是和九双山君同祥之人，加上此地是孤峰山，尚有孤峰山土地松雅子和秋沙、藤陈两位山君，更有身为镇岳上方剑主的陈木在场。无论如何，这些无主之物都还轮不到参与宴席的其他土地神奇去支配处置。因此，虽然众人眼热，但终是无人开口要如何安排那数十车的珍宝财物。宴席继续，酒过三巡，忽然松雅子站起身来，朝陈木作揖行礼，开口道：“陈剑主，在下有一不情之请。” 道友，请讲。陈木对松雅子这个关键时刻，第一时间听赵令现身，并且出了大力气的土地，心里记住恩情，所以十分和善。在场诸位土地，除了九双山君乃青丘大族出身外，大多都是山野妖类精怪所化人形，无有师承，全凭本能与山神印修行。起初还好，毕竟我等精怪也算是天生地养之物，契合大道之运。可随着神智开启，化作人形，七情六欲也紧随而至，神智之中也因此笼罩上一层蒙昧阴霾。越是往后修行。 我等妖族精怪的缺陷就越是明显，皆是见步行步，没有远见规划，往往容易误入歧途而不自知，这就是没有师承的最大坏处。今日剑主赏脸莅临仙聚灵，身怀重器，剑法高明，想必是有大来历的真传上修，不知可否趁此良机开坛讲道，给我等妖类精怪一个得听大道的机会？开坛讲道，陈木手握九尊，陷入沉思，而一众土地神奇，此刻眼里哪里还有什么珍宝财物的影子，都心头火热，用一种期待的眼神看向陈木。 这是大道之音啊！若能听上一轮，别说是千金，简直万金都不换。况且大家都是在佛窟之中出了力的。镇月上方有统摄天下四方山神印的权柄不假，但对应的也有传到四方的义务。陈木既身为剑主，松雅子此刻提出开坛讲道的请求，也在情理之中。即使是九双山君，也是用颇为期待的眼神望向陈木，眼中闪过浓厚的兴趣。陈木依旧沉默，倒不是他不愿和这些相助过自己的土地神奇分享探讨。 实在是他自己也是野路子出身，实在难有完整的修行之道阐述。德阳子对他的教习和一般宗门师长不同，并不重视修行常识和理论，更多是以功课的形式，让陈木在行动之中自己去体悟学习。因此，陈木虽然剑法不错，修为也在同龄人之中属于领先，但让他斗法试剑可以，叫他去点化教学，属实是为难他了。总不能把大家都往红尘道上指点吧？若他真这样做了，只怕就不是缔结善缘，而是把人往死路上推。往后见面。 绝对是不死不休了，可就此拒绝吗？陈木抬眸四顾，看见一双双渴望期待的眼神，忽然心头一颤。经历了上清宗一行，陈木如今已经明白，自己是世上极少数的幸运儿。是的，虽然他的身世称不上什么，从小衣食无忧，也没有体验过轻松快活的童年，但能够被德阳子师傅从河中捡起，带在身边培养，就足够让他比世界上超过九成的人要幸运太多太多。特别是陈木见过太多因天灾人祸而家破人亡的可怜流民，他们有老有少。 有男有女，背井离乡，只为求得一处落脚之地。无论要走多远的路途，要承受多大的苦，他们都不怕，付出一切，也不过是为了简简单单的求生二字罢了。某种程度上，在场的一众土地神奇和那些流民的眼神有相似之处。尽管生活处境比起流民要好上太多，但从追求大道的角度看，却也好似没有太多区别。同样是前途迷茫，踽踽独行，求而不得。他当初救济流民，是师傅的功课考核，也是他的本心所向。 能帮则帮，世间恶人太多，破破烂烂，总要有些人缝缝补补，才能不使人心沦丧。万物向恶，他本就是受灾祸所害之婴儿，若非师傅搭救，早已葬身在河中鱼兽之口。如今年壮，也当尽一份绵薄之力，去做一些力所能及之事。况且他得土地神奇相助，又掌镇岳上方明剑，于情于理，此事都不该推脱。会不会做是一回事，去不去做是另一回事。前者是能力问题，有找不的办法；后者是态度问题，会影响一生的修行道途。 我明白了，诸位，此事重大，不得不慎，请容我三天准备时间。三天之后，依旧在此仙聚灵，我会给诸位讲述自己的修行感悟。大善，松雅子笑道。第一百零五章隐明君。陈木行入洞府之中，松雅子早已等候多时。见过陈剑主，松雅子前辈有礼了。咦，九霜山君也在。是我与九霜山君有些渊源，今日请陈剑主前来，是有一番话要述说，恰好山君也在，可以一同商议。白千月见过道友，山君之位。 只是暂代，两位直唤小女姓名即可，无需见外。白千月笑语盈盈，举止优雅端庄。正好有事想要向两位请教，松雅子前辈，白姑娘，请。松雅子的洞府清幽宁静，布局简单，是清修冥想之地。仅有一张石案，数张石凳，案上摆有茶壶、茶杯，还有山间真果、树碟。三人落座，先是赏茶，然后松牙子率先开口道：“在下松牙子，孤逢山土地，但在担任此职前，还有一重身份，乃霍山部先锋妖将。” 曾是金丹境修为，霍山部同为九大妖部之一，地位上与青丘狐部不相上下。先锋妖将更是不算低的职位，难怪在见识上，松牙子总给人一种远超秋沙、腾尘两个山君的感觉。陈木闻言轻抿一口茶，神色不变。白千月神色则多了一丝郑重肃穆。他放下茶杯，难怪自从来到此山，一直有种遇见家乡之人的朦胧直觉，原来竟是源自于此。松牙子苦笑，虽然九大妖部同气连枝，但在下不过是霍山部一被驱逐之妖。 何德何能，敢以殿下的乡人自居？驱逐？陈木抬头问道。是，当年我追随霍山妖帅尹明俊，南征北战后犯下大罪，不仅一身修为被废，更被逐出霍山部，流浪天涯。就在松牙子说出“尹明君三个字时，陈木注意到身后剑匣内传来动静，是镇岳上方的剑鸣。联想起松牙子从第一次见面起就饱含复杂的情绪，陈木若有所思。尹明君与镇岳上方的关系是？尹明君就是上任镇岳上方的剑主。 陈木眸光一颤，细细沉思，却发现这并非无有可能。他是在灵渊剑池内获得的镇月上方剑。假如说一个人族修士说他侍奉过上任镇月上方剑主，他一定会认为对方在撒谎。金丹境修士的寿命尚且活不过千岁，何况还是一个被废了修为的人？但这个说法对妖族并不成立，因为妖的寿命天生就在人族之上。往往一个神智初开、刚学会吞吐天地灵气的小妖，可能就已经活了上百年。对松牙子来说， 他曾经是修行至金丹境的妖，又在被废修为后转修山神之道。无论从本体的寿元，还是从修行的体系，拥有千年以上的漫长寿命都不足为奇。所以，松雅子前辈相助于我，是看在尹明君与镇月上方的缘分上。松雅子摇摇头，非也。即使没有这层渊源，身为孤峰山土地，也有听从建主诏令的责任。不过，在下转修山神之道，的确是受了尹明君的影响，想要等候新任镇岳上方建主的出现，以完成尹明君未尽的心愿。 所以前辈才会邀请我到洞府商议，正是。可既然尹明俊是霍山部妖帅，又为何会说与青丘部出身的白姑娘也有渊源呢？此番说来话长，在下也不好直言，但好叫两位得知，在被以反叛罪名驱逐出霍山部后，我曾得青丘部一位故人收留看照，这才从被废修为的重伤之中得以痊愈。松牙子脸上有沉痛之色浮现，可当年那位故人正是因为帮了我的缘故，也受牵连，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白千月听闻，眸子里忽然闪过一抹惊讶。 这是在他始终平静如湖面的脸上少见的表情。前辈所说的故人，莫非是青丘部涂山氏？松雅子叹息一声：“正是。”我明白了，我就说那位怎么会选择幻音峰作为落脚之地，原来还有这层缘故。幻音峰，陈木看了眼白千月，对这个地名有点在意。申屠网在介绍白千月的身份时曾说过，这位是幻音峰的现任山神，而白千月又是受故人相邀，临时顶替这山神之位，为期十年。所以。 那位请他来顶替的人，就是松雅子口中的故人青丘部涂山氏。陈木眼神里带有一丝玩味之色。松雅子如今虽然一副老迈体态，但千年前却是响当当的先锋妖将，想来威武非凡。那位涂山氏虽然素未谋面，但狐族之美貌早已天下闻名。白千月的容颜更是坐实了这个传言，并非虚假。如此一来，那位涂山氏对松雅子有救命大恩，且又受他连累付出代价。从结果上看，也是离了故土家乡，在幻音峰转修了山神之道。 两个有深厚渊源之人，同为天涯流浪客，又成为近邻，朝夕相处，想要让人不发挥遐想，只怕艰难。不过，陈木无意去窥探别人私事，松牙子和那位涂山氏的恩怨情仇，更与他无关。他真正在意的是，这幻音峰的地名会不会和南黄州宛城的天音坊存在关联？根据柳氏姐弟的说法，他若想要见到烟雨楼判官，就需要先找到天音坊，报上鸳鸯可献头俱白的暗号，经公曹通报，才有会面判官的机会。天音坊。 一听名字就是高雅之地，想必内部不少曲艺高绝的才女歌姬。而狐妖一族天生媚骨，相貌出众，在此等场合具备天然优势。若这位幻音峰的涂山氏当真和宛城天音坊的判官有关联，事情就变得复杂且有趣了。陈木想了想，直接开口问道：“不知两位可听说过南黄州天音坊之名？”他这一问，白千月尚且没有任何反应，却把松牙子给吓了一大跳。咦，莫非剑主有佛门他心通的本领？在下想要讲述之事。 正和那天英方有关，还未开口，反倒是被阁下先点了出来。松雅子有些惊疑不定的看向陈木，悬疑少年也没猜到会有这层关系，不由得皱起了眉头。第一百零六章，玉佩。青丘部涂山氏有一名女子，名为涂山淼淼，正是松雅子口中的故人。千年前因救她而受到牵连的狐女。松雅子在孤峰山获山神印，转修神道之后，便去信给当年受到牵连的故人，邀请对方也来北玄州地界走山神之道。 于是幻音峰也换了山神，但涂山苗苗本人和天音坊并无关系。她同样是被逐出部落、废了修为的虎女，身处北玄州地界，手还伸不到南黄州那么远。不过她和天音坊的确有些渊源，因为当代天音坊的方主就是涂山苗苗的宗族晚辈，从辈分上是要称她一声姑姑的。三年前，涂山苗苗去信邀白千月前来暂代幻音峰山神一职，就是为了脱身去往宛城天音坊处理一桩旧事，而这桩旧事则是牵扯到了镇岳上方剑与前任剑主尹明俊。 剑主可知，这镇岳上方之剑灵，其实有缺。陈木摇头，这就体现出他在上清宗内时日太短的坏处了。没有师门长辈带着修行，功法神通尚且不提，他对修行界内的诸多见识十分有限。倘若他能在灵渊剑池内住上个几年时间，别的不说，估计剑池内的每一把名剑底细，以剑童子的性格，都如数家珍般给陈木细细道来了。他当日来去匆匆，除了带走剑匣和十二柄名剑外，还真没有太多时间精力。 去了解他手中这些名剑的履历和缺陷，请前辈教我。当年尹明君执掌镇岳上方剑，遵循旧制，主张人族、妖族皆是平等，天下山神印之权柄，有能有德者居之，非妖族或妖族一家专属。但尹明君的理念却触怒了当时妖族内某位大人物。在那位看来，既然镇岳上方落入妖族手中，是妖族大昌的天命所致，天予不取，反受其咎。于是那位和尹明君发生了争执，更是阴谋将镇岳上方剑灵魂魄一分为五。 想要以妖魂替换剑灵，夺取镇岳上方的掌控权。尹明君深知此举会引起人族大修的不满，甚至会挑起人族妖族的战争，誓死不从。暗中将剑送出霍山部，交由他信任的人族好友代为保管。可惜，即使尹明君竭尽全力，也才保住了两份剑灵魂魄，还有三份不知遗失在了何处。若是完整状态的镇岳上方一声号令，三千里地界内的一阴土地山神皆需应命，违者立即抹去土地之职，可谓霸道威严至极。如今却是没了当年的威势。 竟然还有这种渊源！陈木眸光一闪，难怪他带走十二柄名剑后，总感觉镇月上方的剑灵对比其他剑灵有些萎靡不振的模样，不像其他剑灵那般生猛活泼。他本以为是性格问题，毕竟连人都有千般面孔，有人热情似火，有人沉默寡言，不一而足。剑灵会有些安静低调的存在，也不出奇。却没有想到，镇月上方剑灵的安静，并非是出于性格，而是魂魄有损之结果。陈木将松牙子所说的话前后关联起来，忽然心中有了一个猜测。 松雅子前辈，难道说三年前涂山氏山君挂印而去，是因为在天音坊内得到了关于剑灵残破的消息？松雅子点头，正是如此。青丘狐族魅宫天成是最为适合打探消息的人选。妖皇布局深远，于天下撒网，以便掌握最新时局，风云动荡。此举本在加强与人皇朝的联系，以天音坊成为双方交换情报的渠道，各取所需。但不曾想，竟在宛城天音坊内探听到了关于剑灵残破的消息。因此，我那位故人立即动身前往，帮我紧盯动向。 若能寻回遗失的三分剑灵残破，当能对得起尹明君千年前的坚守，也算是完了他最后的心愿。其实，在听闻剑灵残破消息之时，我就有种预感，镇岳上方的出事，只怕也时日不远矣。毕竟一饮一啄，莫非前定。我不信剑灵残破的现世会和镇岳上方没有关联。果不其然，剑主手持镇岳上方出现。当日听闻诏令，实在是让在下感慨良多，情难自禁。松雅子眼中泛起一丝泪光，千年的等待和坚守，终于看见了曙光。 这份忠诚和赤诚，足见当年他和尹明君是何等深厚的感情。哪怕尹明君已经身死，他也选择投入神道，亲自掌有一块山神印，坐等镇岳上方新任剑主的诏令，以此来道出当年真相，传承尹明君的意志心愿。只是，难道真有人能算到镇岳上方何时会有新的剑主？毕竟他得到此剑是在今年才发生的事，而剑灵残破的线索，则早在三年前就在南黄州宛城被天音方所打听到。如果真如松牙子所说， 一饮一啄，莫非前定？那就是有人在提前布局，算好了镇岳上方的出事，就在这几年之内。如果对方连在上清宗凌渊剑池内的天机都能算到，其在卦算一道上的修为已经不能用恐怖来形容了。多谢前辈提醒，正好我也有意往宛城一行，届时还劳请前辈给我手书一封信，我想要当面拜见涂山前辈。”陈木说道，“我正有此意，刚好白殿下也在，若能得殿下信物，剑主届时前往天音坊，当可以信物调动坊内资源，追查剑灵残破一事。” 会事半功倍。陈木转头看向白千月，不知白姑娘意下如何？白千月微微一笑，这有何难？正好三日后听公子讲道，无以为报，就把这玉佩赠与公子便是。他竟是摘下颈上项链，从绳扣之中取下一枚随身携带的玉佩，交在陈木手上。掌心托着这枚玉佩，有感到有一丝温热之意。要知道玉佩寒凉，冰润剔透，正常不会有温热之感。唯一的解释就是这玉佩被白千月贴身佩戴，以至于出摘下之时，玉佩上游留有她的身体余温，以及。 一缕扑鼻的微微香气，松雅子见状，眸光深邃；而白千月则是神色如常，仿佛只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第一百零七章不以声传。孤峰山仙聚灵，松雅子以土地之力于开阔地架起一座法坛，法坛不大，也就五步见方，布局也不甚华丽，只有几面小旗、一张蒲团、一方石案置于坛上。九双山君、秋沙山君、腾辰山君以及上次参与仙聚灵宴会的一众土地神祇，无一人缺席。 皆早早就在此地等待，明明是神识敏锐的山神土地，却偏偏为了争那距离法坛近一步两步的位置起了争执，直到陈木现身坐到法坛之上，这些不起眼的波澜才稍稍平息。所有土地皆坐定，屏气凝神，望向上首。在场除了九双山君白千月出身青丘腰部，松雅子出身霍山腰部，对修行前景有清晰规划外，可以说绝大部分的土地神奇都是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进，许多时候都是凭借本能来修行，如无头苍蝇四处碰壁。 最难的就是修行至瓶颈之时，因为无人指点，又缺乏修行理论根基，往往在一个境界内蹉跎上百年时光都不足为奇。即使松雅子多次开坛讲道，将他在霍山部内所见所闻传授下来，效果也是寥寥。毕竟妖族在修行理论方面和人族相比，往往显得粗放简陋，而且妖族是极其吃天赋的种族，一身战力、天赋、神通就占据大半，个人的经验很难往族群推广。更何况山神修炼体系本就是人族创造，过往山神之位。 和城隍一样，都是由阴德旺盛的善人在去世后担任。当年天庭铸造山神印，也是以赤峰人族山神为依据，没有将妖族考虑入其中。这也导致如今虽然天下多数山神之位都被妖修占据，可整体山神的修为水平是比不上人道大昌那段时期的。如今，一名人族的修士还是镇岳上方剑的剑主，亲身开坛讲道，对这些土地神奇的吸引力可想而知。众人翘首以盼。陈木在法坛上落座之后，将剑匣立在身侧，低眸四顾。 一双双火热的眼神映入他的瞳孔之中，沉吟片刻，陈木开口道：“诸位，今日讲道不以生传，好叫诸位得知。”他第一句话就引起轩然大波，众土地哗然。不以生传？什么叫不以生传？讲道讲道，自然是阐述大道道运气机，高屋建瓴，指点修行迷津，拨云见日。上述种种，哪个不需要以生来阐述？不以生传，难道靠悟？天就在头顶，地就在脚下，道蕴藏于天地之间。 靠悟的确是一条看似可行的道路，但若在座的各位真有这种悟性，还需要四处求人、洗耳恭听吗？同样的一个道理，甚至很多人都从典籍上看到过，记在心头，但偏偏就是悟不透，掌握不到精髓。这时候若有得道高人开口指点一二，往往就能起到醍醐灌顶的效果。你不开声，怎么指点？很多土地的脸色都变得苦涩起来，却又不敢有怨言。南山山君的下场，他们都亲眼看见，没人会选择在此时招惹陈木的不痛快。 但心中的非议在所难免，很多土地看来，陈木该是不愿给他们这些没有根基的小神施舍恩惠，才选择以这种方式来进行婉拒。在修行界，这种事情并不少见，比如去大庙寻高僧求解，对方不直言拒绝，却给你打个莫名其妙的禅机，让你半天参悟不透。此时就该明悟过来，不是高僧说不出浅显易懂的道理，只是他不愿施恩和你发生因果，才以此策略来回避，甚至还不违背出家人不打妄语的戒律清规。假如陈木同样是有所忌讳，不愿真心讲道。 只是卖松牙子一个脸面，如此做法倒也任谁都挑不出毛病。只是，到底难免心中失望罢了。在场众多土地神奇眼中的光芒都变得暗淡。而就在此时，只听到一声剑鸣响起，音声如钟，响遏行云。无形剑势顿时笼罩了法坛内外。这是秋沙山君睁大眼睛，双手颤抖，差点要忍不住拍案而起。剑势，几乎凝如实质的剑势，和之前的斗法不同，这一次陈木用剑势演化出了一片小天地。 感受到剑士内蕴含的古怪生机，就连白千月和松雅子两位起初还悠闲自在之人都不由得坐直了身子，眼神凝重。松雅子之所以邀请陈木开坛讲道，他本身其实没有太多期待。一来，他出身霍山部大族，有丰富的阅历见识；二来，他曾经也是金丹境的妖将，又岂有让一个筑基境小娃教学的道理？这次开坛讲道，更多还是为了陈木着想。一方面可以让陈木偿还在佛窟内众人相助他的恩情，另外，毕竟陈木是当代镇岳上方剑主。 教化山神土地也是应有之意，此举能够帮助陈木更好的履行剑主职责，运养剑灵，从而彻底执掌镇岳上方剑。而对这些野路子出身的土地神奇，则是多了一次明晰大道的机会，可谓是一举多得，共赢局面。但就连他都没想到，陈木竟然上来就是这么大手笔，以剑士演化一方天地，怎么做到的？要知道，内外天地交汇，模仿天地出生，是元婴境修士才能掌握的本领。模仿天地出生，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不知多少金丹境圆满的修士卡在这个瓶颈之中，冥思苦想上百年而不得其功。假如叫这些人知道，眼下有一个年纪未满二十的少年郎君，在筑基境就能用剑士演化出一方小天地，估计会羞愧得以头抢地，自尽而亡。剑眼天地，剑眼天地，筑基境修为真的能做到此等惊世之举吗？松雅子几乎道心崩溃。陈木眼下所做之事，超脱了他常识能理解的范畴，让他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不对，不是真正的小天地，只是。 通过种种手段营造出来的一种虚假错觉。白千月眸光闪烁，他从最初的震撼之中缓过神来，仔细观察思考，发现了其中的玄妙。要是一方真正的小天地，哪怕只有巴掌大小的微缩世界，里面也是自成体系、浑然如一的天地气万物生灵融为一体，如无漏之球，能演化无穷变化可能。但沉木剑下的这方天地，近乎于一潭死水，找不出半点能自行演化变换的可能。可即便如此，也依然让人感到心生敬畏。 此子天赋，当真是到了如此恐怖的地步。第一百零八章，剑眼天地。陈木思考了很久，这场讲道他要怎么去做？要么就不答应，要是答应了下来，他就必须全力以赴，做到最好。这是陈木的原则。他很清楚自己的缺点，那便是从小追随德阳子师傅，却没有如宗门修士一样阅读经典、博览群书，甚至偶有听师门长辈高人开坛讲法的机会。假如他能在上清宗听过一两次真人未接以上的传道经历。 所谓熟读《诗经》三百遍，不会作诗也会赢，拿来应付这种筑基境和练气境级别的讲道也绰绰有余了。偏偏他陈木是个例外，虽然同样在上清宗的道册玉壁上留了名，但却是野路子出家，从小漂泊流浪在外。别人读经的时候，他在赶路；别人听讲的时候，他在练剑；别人探讨功法道恒之时，他在提剑杀人。所以，你让陈木和在场的所有人一对一进行事件切磋，他没有问题，甚至能在事件过程之中给予对方在战斗意图上的许多指点教化。 但要让陈木在法坛上进行一对多的讲法传道，而且是非剑法类的，教人直指,指修行大道那种，属实是让他感到为难。陈木本有意拒绝松牙子当初的请求，但面对众多炙热诚恳的眼神，带着哀求和向往，他心中一软，改了主意。比起这些山野丛林之中成长起来的妖鼠精怪，完全靠天资吃饭，对前路感到迷茫彷徨，他陈木算是幸运的了。至少他从小就有师傅带着，虽然很多道理师傅不曾明言。 却也在一场场功课之中教陈木去切身体验及领悟。平日里，师傅总能在山林深潭里找到些奇奇怪怪的草药真果，给他外敷内服，养身疗伤。所以陈木的根基打得极其扎实，以至于在上清宗沉睡的时间只有短短一年就苏醒了过来，超出了许多真人的预料，甚至打了景霄真人一个措手不及。这都是拜师父得养子，平日那些古古怪怪、味道恶臭难闻的药水所致。陈木心里铭记这份恩情。陈木在面对松牙子请求时。 暗自盘算了一番，把他自己都吓了一跳。看看他现在都拥有什么吧：龙渊、随血刃、压九、戒牢、成影、纯君、太阿、斩蛇、定光、昆吾、巨阙、镇岳。上方十二柄千古名剑，随便拿一把出来，都是让全天下剑修为之艳羡的顶级宝剑。剑侠渊，先天之灵，与剑童子是相同层次的存在。虽然现在还懵懵懂懂的，但将来注定不可限量。灭劫八式，天下顶尖的杀伐剑法，上清宗林剑峰的金字招牌。 就连他前面入门的四位师兄都不能得传此法，可想其珍贵。雷路从一缕独天神雷之中感悟摘下道运神通，哪怕修到真人境界都大有用处，玄妙无穷。红尘玄功，别的不用多说，单论一条，这是上清太上长老德阳子自创之功法，是他一生修道最终集大成之结晶，是他仙世之前寄托成就大道巅峰的希望。别管他到底有多少风险缺陷，试问天底下千千万想求长生而苦于无入门契机的年轻人，面对这么一门功法会作何选择？ 别说那些风险缺陷，修为越高才，才越发容易彰显。哪怕明确告知修行此功只有十年受限，估计也会有无数人趋之若鹜。十年的风光无限，够了。就如那木槿花，朝开暮落，一生虽短暂，却在短暂的一生之中艳压群芳，生如夏花之绚烂。陈木扪心自问，他既同时身怀最上等的功法、最上等的剑法、最上等的宝剑、最上等的神通，兼亲眼见识过了世上最上等的仙君渡劫风姿，如此种种叠加。 难道他连给一众无有师承、自悟长生的山野土地神奇进行一番浅显讲道的信心都没有吗？假若师傅他老人家还在，看到自家徒弟如此胆怯无能，不知又会作何感想？想到这里，陈木心中已有一个大概的想法，便将松牙子的请求答应了下来。他用三天的时间去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仔细打磨，最终才形成了今日众人所见的一幕。剑眼天地，陈木的想法很简单：既然他没有办法将自己这些年所学的道理。 将他对大道的见解用言语讲述出来，那他直接让众人亲自去感悟不就好了？至于具体方法，陈木想起了天道峰太真殿外的十二根上清擎天玉柱，想起了玉柱顶端的小世界，想起了师姐孟云梅在渡劫时对他的言传身教。他忽然有了个大胆的构思：既然众神奇都是追求长生大道，是与天道争锋的逆天之举，那只需要提前将天道到底是什么样的告诉他们，不就可以起到高屋建瓴的效果了吗？如果任何一个正常人窥探到陈木当时的想法， 估计都会当他疯了。天道是什么？岂是你一个小小的筑基境修士所能了解？多少金丹境修士欲窥天道的一丝面貌，冲击元婴境界而不得入门；多少阴神境仙君欲对抗天道，却苦于对天道的无知和迷茫，被粉碎在天劫之威下。你区区筑基境修士，凭什么让一众土地神奇，提前感悟天道的真相？说出去，只怕会笑掉人大牙。其实陈木也是这么想的。这种事情只能做，不能说，说出去只怕徒留笑柄。但他为什么做不到呢？ 他亲眼体验过擎天玉柱小世界的玄妙无穷，亲眼目睹过天道雷劫的威压恐怖。更重要的是，他的雷路就是自都天神雷之中感悟而来。都天神雷是什么？是天地开辟之时的创世神雷，是和这方世界天地同根同源的根本之物。从某种程度上，他即为天道。于是，陈木决定实施他的大胆构思，以十二柄顶级宝剑为支柱，借鉴了天风双杀阵的震道原理，凝聚剑势，封锁空间。 这是小天地的雏形，以剑侠渊容纳天下名剑的特性，模拟高高在上俯瞰众生的天道气质。这是小天地的意志，以雷怒释放万千雷霆，游离天地之间，慑服于渊的意志。这是小天地的规则。在往剑士封锁的空间之中注入红尘真元，形成浑浊之气。这是小天地的灵气。最后，以灭绝八式之中的破劫式与复剑式两种剑意，将在场的所有土地都强行拉扯进入到小天地之中，不容分说。 此乃天道无情。第一百零九章，便知道白千月被剑士一卷，就撞入到沉木布下的剑士天地之中。他能感觉到方才那道席卷自己的剑士霸道、强横、冰冷、无情，有股不容智慧的强大意志。若是强行抵挡，只怕会付出巨大的代价。连他这名出身青丘妖部的九尾妖狐都尚且如此，在场绝大部分的山神土地是绝无抵抗之力的。虽然也占了几分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在现场的众人没有警惕防备心理。 但陈木能够以一己之力凝聚剑士，并且将所有人都笼罩在内，此份修为和对剑士的掌控，已经可以用炉火纯青来形容，天赋惊人。而在卷入剑士的世界后，白千月有一种明确的感觉，那种感觉在提醒他，只要愿意，随时都可挣脱剑士的束缚，被送出到不受剑士影响的范围之外。只是一旦离开，就再无返回的可能。白千月微微一笑，有多少人会选择离去？他不知道，但他自己是万万不会错过这次难得机缘的。剑眼天地。 哪怕这方天地再简陋、再粗糙、再虚假，但这也是凝结了一名当代顶尖年轻剑修对天道修行的全部理解，是千金不换的可贵契机。可以说，将来他们这些人之中，若谁修成了元婴，在内外天地交汇的破境之中，有一丝一毫的地方借鉴了今日沉木的剑士小世界玄机，届时都要成这个少年三分人情。即使放眼天下大宗，谁又敢拍着胸脯保证自己将来就一定能修炼成就元婴境界呢？金丹境就足以在三关城建立起诸如碑祠。 伏魔寺这样的一方势力，元婴境在很多小宗门派内已经是老祖级别的存在，世间罕见。即使是出身三十六玄门的天才修士，每一个都根骨卓越，悟性惊人，也不敢说自己将来就一定不会在金丹元婴的瓶颈之中不受困顿。所以，能有机会多参详别人，特别是年轻一辈顶尖修士对道的理解，绝对是一份难能可贵的绝佳机会。此时放弃的人，要么是自负到疯狂的傻子，要么是至于到无可救药的疯子。总之，他白千月这次是。 赖定不走了，就要看看这位年轻剑修所感悟出来的小天地到底有何精妙之处。刚入其中，白千月就感到了一股如芒刺背的锋锐之感。不愧是剑士凝聚的小世界，果然锋芒毕露。白千月饶有兴致，这等剑意锋芒，暂时还困不住他。于是他顺势往前迈步，准备在这四周都白茫茫一片的剑士小世界里先行展开一番探索。走了十余步，白千月停下了脚步，眉头一皱，露出思索之色。说来也奇怪。 按理说，松雅子在仙聚林内布下的法坛占地不大，连同旁听的坐席在内，拢共也就占地四五十步长宽。他这样不变方向的径直行走，总该会在这小世界内碰见其他同辈剑士卷入的山神土地才对。为何却依然是自己孤身一人呢？难道是自己的判断出错？沉木剑士所覆盖的范围比想象之中更大？随即，白千月就摇摇头，排除了这个可能。若要做到覆盖范围超出他的预计，沉木体内真元的数量至少要是他自己的两倍以上。同为筑基境修士。 他白千月自问，无论从根骨悟性还是功法资源，都属于世间最上乘的层次。若有一个人族修士，以比他还小的年纪就拥有这么庞大的真元数量，委实是太过惊人。他不信世间会有这样的怪物存在。白千月自有属于他的骄傲和自信。既然空间范围没有变化，他遇不见其他人的原因，就只剩下两种可能了：要么是这个小世界扭曲了他的感官，让他自认为自己是在行走，实则是原地踏步；要么是他的确在行走，但却有某种力量。 扭曲限定了他的行进轨迹，使其不能与其他人相遇碰撞。有趣。白千月驻足停步，手指摩挲下颌，眸光内敛，环顾四周。忽然，他身后的衣袍飞扬，华光闪烁，霎时间竟是有九条雪白毛绒的长尾从他衣袍之下探出，散发出圣洁的白色光芒。他双眸紧闭，九尾摇晃，额头之上有一道赤红色的神秘印记浮现，衬托的他原本就倾国倾城的面容更为妖艳动人。很快，白千月的嘴角微微向上翘起。 他睁开眼眸，喃喃道：“原来如此。”在他现出九尾之后，这个剑士小世界的一切，在他眼中都发生了变化。原本浑浊的空间，瞬间在他视野之中变得清晰起来。他赫然发现，原来这个小世界并非是固定在原地一动不动，而是由剑士裹挟着红尘真元在不断的流转变换。因此，只需要陈木能清晰掌握范围内所有人的行踪，就可以通过这种手段，无形之间将所有人都相隔分开。 就像天边的云层会漂浮，河流小溪中的水会流淌，高山沧海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生形态和地貌上的变化。这是一个流动的世界，随世界意志的操纵而转移。这是陈木想要讲述的第一重道，是未变之道。白千月的眼神变得兴奋起来，他伸出手在虚空拨弄，仿佛要划开眼前的迷雾，打乱剑势的流转，找到身旁的其余入局之人。红尘真元化作的浑浊气息被破开，他如行在水中，身姿轻盈，衣裙飘渺。数步后。 秋沙山君的身影出现在了白千月的面前。此刻的秋沙山君全身气机凝练，额头有个王字纹，金光闪烁。他双臂做撕扯状，恰好也是做着和白千月一样的举动，要破开剑士的约束，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只不过，比起九尾妖狐闲庭信步般的悠然，秋沙山君做此动作就显得艰难了许多。此时，额头上、脸上和身上衣裳都被汗水湿透，想来是费了不少精力，才勉强踏前了几步。见过秋沙山君，兰德阁下是我在此地遇见的第一位道友。 不如交流一番心得如何？白千月发出邀请，他也有意探讨考究一番这位由白虎精怪化形的山君在悟性上有几分成色。秋沙山君沉吟片刻，缓缓开口道：“我现在的想法只有一个，以后遇见人族剑修，绝不能轻易入其剑阵之中。第110章”第幺幺零章秋沙山君。白千月深深看了秋沙山君一眼，心中轻叹一声：“白虎果然是一心追求杀戮的种族，满脑子都沉浸在厮杀和战斗里面。”不过。 可能正是这种纯粹到极致的战斗本能，才让他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洞悉到这个小世界流转的迷局，并且找到强行破解的办法吧。虽然假使不是他走到对方面前，估计再给秋沙山君半个时辰，可能也见不到第二个人便是。秋沙山君望向白千月，缓缓开口道：“不知九双山君又有何见解？”白千月表情平静，嘴角噙笑，轻声道：“天上浮云似白衣，思绪改变如苍狗。日月轮替，春夏秋冬，此乃天道永恒之象。”秋沙山君原本是不识字的。 但在成精之后，忽然有朝一日听闻有儒生畅谈，说大道就在圣贤典籍之中，于是开始读书认字。为此，他将所有路过云雾山的读书人都抓回洞府，成为教习，以教他读典。久而久之，云雾山就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凶山。但凡自诩肚子里有点墨水之人都避而远之。山脚下的百姓也是纳闷，明明村中猎户夫、樵夫天天上山，也不见异常，村里的生活也一切如旧，怎么没几年时间？ 自己家住的云雾山，就成为五百里地之外都人人闻风丧胆的凶险之地了。一日，有一位身材魁梧的白衣秀才路过村庄，不解的孩童们抓着他来提问。了解来龙去脉后，白衣秀才长叹一声道：“因为读书人说出来的话，才会被世人重视，口口相传啊。”自那一天起，所有被抓到山上的读书人都被放还归家。他们起初还庆幸劫后余生，和家人抱头痛哭，阐述被掳走的凄凉和无奈。但很快，这些读书人却惊讶的发现。 自己的体魄似乎强壮了许多，脑子也更为灵活。原本很多要读五六遍才能记住的典籍，现在几乎是过目不忘。联想起在山中吃过的那些山珍琼叶，这些读书人才知道，原来那段被掳的经历非但不是不幸，反而是他们此生难得的机缘。只是当他们再次按照记忆返回云雾山时，却始终被浓雾所阻挡，再也见不到那位霸气吓人、喜穿白衣的威严男子。于是纷纷扼腕叹息。而那白衣秀才正是秋沙山君，有过往的这段经历。 秋沙山君不难品出白千月话中的含义。九双山君是认为此方剑势中的迷雾是按照特定的规律在运行，并非无序随心。嗯，到底是与不是，我们一试便知。白千月眼神投向另一个方向，眸光闪烁，率先迈步走去，依旧是身姿飘渺，如云中漫步，惬意非凡。秋沙山君紧紧跟在九尾妖狐的身后，只觉身前的压力小了许多。如果说他早些时候是如同在深水之中前行，每一步的煞费力气。 如今就像是进入了沙漠地带，虽然依旧行进不易，但至少不会再面临那种四面八方都是禁锢之力的处境了。同为筑基境修士，差距竟然如此巨大，秋沙山君不由得感慨：有背景、有传承的修士和自己这种山野妖鼠成精就是不一样。人族少年剑修一道剑士，就卷入在场数十名土地神奇，甚至没给他们反应过来的余地。而他贵为一方山神，掌山神之印，却在这方剑士天地之中举步维艰。 对比起九霜山君的闲庭信步，真可谓是天差地别，不可同日而语。认识到各中差距，秋杀山君非但没有自暴自弃，反而是在眼眸之中露出坚定。他身上的气机变得更为凝实，无形之中竟是学习到了白千月对气机真元的细微掌控技巧，当场学以致用。只需收敛气机，缩小自身的张扬霸道之势，就能在剑士覆盖之中更轻易前行。就如同越是微小的物件，在水中受到的阻力越小一样。闻道有先后。 只要一日还未走到那长生不死的大道尽头，到底谁才是最后的胜利者，犹未可知。无论是少年剑修，还是这位九尾妖狐，都只不过是在求道之路上稍稍领先。但他秋沙山君又何尝不是比起很多人要领先一大截？无需对比焦虑，更不用争锋一朝一夕。只要不断的往前走下去，一步一个脚印，总有一天他会有超越到前方的机会。秋沙山君无比坚定自己的这个信念。白千月虽然行在前方，却也是以神识在观察秋沙山君的反应。 目睹此情状，白千月眸中闪过一抹异彩，第一次真正开始关注起秋沙山君这名山神，心中生出了一丝爱才之意。不知是不是无巧不成书，过了一会儿，秋沙山君的死对头藤尘山君，竟是白千月第二个撞见的熟人。和秋沙山君不同，藤尘山君在看见白千月后，脸上闪过狂热的神色，眼神之中不乏有他尽力掩饰都无法遮盖的爱慕之情。藤尘山君明白，以白千月在青丘腰部的身份地位，若他能入得对方法眼，将来注定前途无量。 比起屈尊在寒潭山当一个小小山神，青丘腰部的舞台要大太多太多了。但在短暂的兴奋过后，腾晨山君就看见了尾随在白千月身后的秋沙山君，他的脸色一下子就变得铁青起来。且不提心中莫名涌起的那股强烈嫉妒之意，单单是秋沙山君先他一步和白千月搭上线，就足够让腾晨山君心里警惕万分。别看他和秋沙山君于佛窟之中联手对敌了一次，但那是不得已而为之，是情急之下的无奈举动，根本目的还是为了争取到镇月上方建筑的支持。 从而更好的压倒对方。他和秋沙山君是破家占地的死仇，没有缓解的余地。哪边能够先一步争取到强援的相助，哪边就能够将对手扼杀在当前未阶境界。原本陈牧氏两边都在极力争取的对象，但在白千月的身份被点破后，藤晨山君的大多注意力就转移到了这名女妖身上。在下寒潭山藤晨，见过狐女殿下。藤晨山君眼珠子一转，不知内心在盘算着什么主意。第一百一十一章吞海。藤晨山君来的正好。 我方才正与秋沙山君探讨这件事天地的玄妙，不知腾晨山君可有兴致加入？白千月似乎天生具备长袖善舞的本领，还从未见他亲自开口得罪过人。无论是面对筑基境的陈木山君，还是炼气境的一众土地神奇，他始终都给人如沐春风般的和善之感。但你又很难将纯粹的良人面具戴在他的脸上。毕竟那位南山山君虽说有咎由自取的意思，但毕竟是为了替他出头而死。甚至在很多土地看来，当时只要他开口求情。 陈木宝不准会看在他的身份地位上饶过南山山君一命，而白千月自始至终都选择了冷眼旁观，仿佛和南山山君形同陌路。后者会受到刺激，与陈木一决生死，不惜彻底撕破脸皮，也要选择最不死不休的方式，以幻境试图欺凌陈木，让他出丑。个中未尝没有受到这位九尾狐女殿下疏远态度的影响，以至于患得患失，彻底崩碎了道心。从这个程度来说，白千月那张倾国倾城的绝色脸庞上，虽然时刻挂着笑意。 但若仔细观察其行为，就能感受到一股高高在上的漠视清冷之意。正是这股清冷高傲，让无数知晓其身份有意巴结之人不敢放肆。可腾辰山君却不管这些，见到终于有机会能和白千月说上话，他眼神火热，正有此意。这小天地固然有可取之处，但依在下看来，用以给众山神讲道，还是差了点底蕴。腾辰山君开口就是惊人之语，在他看来，妖族一直都有和人族竞争的心思。 越是九大妖部这种顶级势力，就越是野心勃勃，想要取人族而代之。只怕这位白殿下也存了和那少年剑修暗暗较劲的想法。在这种情况下，他贬谪少年剑修的剑士小天帝，就相当于迎合了这位九尾狐女的心意，有利于拉近和对方的距离。况且，他早已看见秋沙山君身上的汗水，知晓此人必定是有过挣扎反抗的举动。以他对秋沙山君的了解，在明悟两者之间的巨大实力差距后，秋沙是绝对不会昧着良心去贬低这方剑士小天帝的。 但实话实说，岂不是证明那少年剑修的修为还要在白千月之上？虽然虎女面色不张，但只怕心里已是暗中不悦。否则，又何须主动和他腾晨搭话，将他拉入探讨的行列呢？他腾晨山君可就不一样，从一开始他就知道自己被卷入这小天地内，难有反抗的余地。他也不想反抗，反正那少年剑修是要以此传道的，他大可不必有任何动作，就在原地坐等。就不信这件事天地会从头到尾没有任何变化，平白能赚来的修行见识。 他为何要忤逆不娶？但在坐等少年剑修赠予好处的同时，也不妨碍他以贬低之词去讨好狐女殿下的欢心。真正的聪明人，两头都要取，两边的好处都要全占。啊！我看有人入了这件事天地，一动不敢动，离开又舍不得离开，居然还有脸再次大放厥词。作为死敌世仇，秋沙山君一眼就看穿了藤陈山君的想法，可藤陈山君却丝毫不以为然。秋沙怎么看他，他一点都不在意。真正重要的是狐女殿下对他的看法。 而他既然敢说出那番话，自然也有他的依仗和底牌。不信，腾晨山君斜了一眼秋沙山君，笑道：“既然如此，我便抛砖引玉，为殿下还有此地的土地神奇探一探这件事天地的底蕴。”腾晨山君哈哈大笑，忽然他的长发飘扬，身躯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他的身体不断拉伸延展，黑色衣袍紧贴着躯干，也在发生改变，化作片片蛇鳞紧贴在身躯之上。不多时。 一尊人首蛇身，足足有六十尺长短的可怕蛇妖现出真身，散发出一股极度阴寒冰冷的气息。腾晨山君本体正是一头拥有三百年道行的寒潭蛇妖。秋莎，你真以为这方小天地能让我束手无策？我看你是化形太久，都忘了我们妖族本体的强大，以及我们天生就比人族多出来的天赋优势。腾晨山君瞥视一眼秋沙山君，他高高昂起头颅，忽然脸上出现道道裂纹，原本属于人的五官顿时发生了诡异的变化。只见他的双唇不断往脸颊的两侧开裂。 化作蛇嘴，舌头吐出，在半空之中化作信子，不断吞吐。与此同时，他的身躯不断往上升腾悬空，直至整个人手蛇身都腾跃到了再无上升空间的高处，方才停下举动。腾晨山君在空中低下头颅，犹如一尊高悬于头顶的神明在俯瞰众生。他咧嘴一笑，突然张大蛇嘴，一道漆黑的漩涡从他的蛇口之中凝聚，以巨大的吸力开始吞噬这片小天地内的一切。殿下小心，这是腾晨山君的天赋神通——吞海。他曾经以此法。 吞下了寒潭山的一口深潭，开辟了自己的洞府道场。白千月抬头凝望，表情不变，淡淡道：“不错。”半空之中，腾晨山君眼神炙热，开口道：“秋沙，你身为妖族，入人之牢笼，不想着破牢笼而出，只顾着低头找笼中的破绽，简直是有辱大妖气魄。任他牢笼布局多么精巧复杂，若能像我这般以巨力破藩篱，岂不就能重获自由？所以我说，这区区见识天地，不过小儿把戏。” 如何能够给我等山神土地传道讲法？秋沙眼神一凝，目露愤怒。这藤晨山君所言，听着是有那么一回事，可细细思索，纯属放屁。人家少年剑修士开坛讲道，不是和你斗法事件。虽然是强行将在场众人卷入剑士之中，但也并非不给离去的门道。所有人在出入小天地时都有所感应，若不愿停留，以契机告知，随时都能被传送离去。既然选择留下，就是为了参悟这一次难得的交流传道契机。你藤晨山君能走的时候不走？ 又不愿按人家定下的规矩行事，做此等拆台举动。如今若真让他以吞海神通毁了剑士天地，打断的，就是在场所有土地神奇的悟道机缘，以牺牲所有人为代价，讨好白千月，以此彰显自己的见识不凡。此等行径，已经不是小人二字可以形容。第幺幺二章狡辩。腾晨山君的心性道德姑且不提，单论天赋神通，他的吞海确实是一门威力强大的本领，难怪能在过往稳稳压过秋沙山君的白虎一脉。 只见在腾尘山君蛇口漩涡的巨大吸力下，陈木已见势红尘真元构建起来的小天地顿时被剧烈的搅动起来。随着数不清的浑浊之气被腾尘山君吸入蛇口之中，原本被分隔开来的一众土地神奇也在此地现出了身形。他们左顾右盼，面面相觑，都目露震惊。原来刚才在自己身边的四个方向都有其他人的存在，且相隔不足十步距离。往日各自持山神印坐镇道场洞府之时，别说是十步，即使有人接近到十丈范围内，他们都能有所感应。 如今在少年剑修构建的小天地内，居然连十步内的其他土地都察觉不到，怎么做到的？不少土地神奇在这一刻眸中都露出了思索之色。到了这个时候，已经再没有人会觉得陈木的那句“不以生传”会有什么问题了。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格物而致之，能够亲身进入一个小天地，感悟其中的天道运行规律，比起听十遍上修的阐述讲道都要有效。对他们这些山野中成长的精怪妖鼠，目前最缺乏的还真不是那些玄之又玄的所谓天机大道。 而是一个明确的未来修行方向，且是属于自己可以掌握的方向。别人的道，哪怕再强大，也不一定适合自己。而亲身领悟出来的东西，毫无疑问，哪怕在不远的筑基和金丹元婴境界，就能立即派上用场。就在此时，终于有土地神奇看见了天上腾晨山君的举动。他们略一思索，明白当前的局势后，顿时大惊失色。大家好不容易刚在这剑士小天地内开始有所感悟，正是收获果实的时候，你腾晨山君这般施为，不是要断了诸位的天大机缘吗？ 这还了得！要是往日，在外界撞见腾晨山君，哪怕心中不满，这些只有练气境修为的土地神奇也是不敢多有怨言的，打不过。可现在情况不同了，此地不仅有秋沙山君这位腾晨的死对头在，更有九双山君这位出身青丘妖部的王族坐镇。且不要忘了，腾晨山君此举也是和那位强大的人族少年剑修作对，此时还不敢站出来为自己争取利益，难道还真全指望别人替你出头不成？一名白发苍苍的土地神奇站了出来。 神色焦虑，目光含怒。比起在场的年轻神奇，他在山间修行的岁月已经太漫长了，漫长到哪怕拥有山神印的加持，他的寿元依然快要走到了尽头。唯有早日突破筑基境，才能活下去。今日难得在正月上方剑主的剑士小天地内窥见一丝顿悟的契机，却眼看就要被腾晨山君冷酷无情的打断，而且这种打断损人不利己，在旁人看来就是单纯的搞破坏，这让他如何能不怒火攻心？腾晨山君，你若不愿参与此场传道。 自行离去便是，又非强行将你困锁于此，为何却要以神通坏我等道缘？有了领头之人，剩余的土地也纷纷站上前来，齐声开始指责天上的腾尘山君，沦为千夫所指的目标。腾尘山君非但脸上没有愧色，反而愈发肆意跋扈。诸位境界不高，误会了本座也实属正常。我腾晨可不是要毁了这个小天地，而是让他更加趋近于真实世界啊！你我皆是修行之人，难道心里不清楚，所谓修行，实则是逆天而行之举吗？天道规则。 万物轮回，有生有灭，以生灭之交替维护世间运转之永恒。天道之下，众生皆是蝼蚁，灭亡乃是天命。欲求长生，就要跳出天道轮回，超脱于天外，与天齐世，与天同寿。所以，你我修士，但凡还在修行，不都是做着打破天地铁律、跳出天道轮回的大逆之举吗？若一方天地禁止其中生灵做忤逆破坏之举，那这天地还是真正的天地吗？与此天地悟道，当真就是求得真道了吗？严格来说， 藤晨山君的狡辩还真并非没有道理。既然修行本身就是逆天之举，你既然要演化天地，就得容得下有人做逆天破坏的行径。此意是变化之道。但他这番貌似正确的话，却让身为听众的土地神奇们火冒三丈。就像世人中有一死，无论是权势、财富、伴侣，皆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所以藤晨山君的意思，你们也别去追寻什么权势、财富、美人了，我通通给你抢走，反正最后都是会死的嘛。大家也不要那么计较。问题是。 我们还没死啊！超脱轮回、与天奇兽什么的，是我们区区炼气境修士可以去幻想的吗？我们所求的不过是突破当前修为境界，多求几十年活命年限罢了。眼下这个剑士小天地，能够帮助他们有所领悟，这就足够了。至于他真实与否，重要吗？与我等何干？我们只知道，大家都可以在这小天地内攫取到急需的好处。而你腾晨山君正在毁灭这棵即将结出硕果的大树，这是不管腾晨山君如何能言善辩，都掩饰不了的事实。 已经有土地神奇，懒得多废话，取出山神印，准备殊死一搏了。突破的机缘就在眼前，不管和腾辰山君的修为是否存在巨大差距，这一战都不可避免。秋沙山君身上也是升腾起强烈战意，他额头的王字纹路金芒闪烁，身躯开始膨胀，似乎也要照出白虎本体与腾辰一战。可就在此时，腾辰山君所在的天穹之上，忽然有雷鸣声响起，一道雷云忽然在腾辰山君的头顶凝聚。 紫红交加，望之就让人毛骨悚然。比起雷云的外观，还是这雷云内正在凝聚的那股恐怖威压更让人感到惧怕。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好似天上突然睁开一只冷酷无情的眼眸，强大、神秘、未知、冰冷。正如腾晨山君所愿，他的反抗和忤逆，成功引来了天劫的注视。第一百一十三章，绝不可能！这是什么？在头顶雷云出现的瞬间，腾晨山君的心肝就一颤。 妖族精怪的优势在于，他们是天生地养之生灵，所以才能出生就觉醒天赋神通，是天眷之种族。不像人族修士，往往要到元婴境内外天地交汇之际，才有机会摘取属于自己的天赋神通。有个说法是，妖族从开天辟地的第一纪元就已经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是这个世界半生之灵。当时还没有人族这种生灵。后来某位妖族大能以伟力捏造出人族，因此人族属于后天种族，与此片天地存在天然的隔阂，因此唯有元婴境人族修士。 打破这层隔阂后，才能摘取下天赋神通。这种说法一度在妖族之中流传甚广，却并没有得到人族的承认。又因为人族始终牢牢占据天下大势，建立人皇朝，握有正统权柄，三十六玄门更是一直由人族大能把持执掌，因此难以成为显学。但诸如腾晨山君这种妖族，是深刻认可这个理论说法的。过往人族之中流传着斩妖除魔的说法，也有部分妖族秉持着人不如妖的观念，对待人族如猪狗牛羊，肆意奴役屠杀所引起的祸端。不过。 凡事皆有利有弊，妖族受到天眷，更容易形成内外天地交汇的同时，对天威的敏感程度，同时也是人族的数倍之上。这也导致同样面对天劫，妖族要克服相较于人族数倍的心理恐惧。因此，在渡劫以上天君的人数上，妖族要远远少于人族的数量。信心被轰碎了，还如何能够对抗数倍于己身修为的天劫之威？论人口基数，妖族不是人族的对手；论顶尖战力，妖族同样不是人族的对手。因此，人族始终稳稳压住妖族一头，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腾晨山君眼下还看不清这种大事上的极端不平衡，对他而言，现在最大的威胁是来自于头顶上的这片雷云。由于妖族的天生敏锐，因此他能清晰感觉到这片雷云内蕴藏着到底是何等恐怖的存在。那根本就不是筑基境修士能够弄出来的东西，甚至在金丹、元婴境界，腾晨山君也很难想象会有人能牵扯出来这么一片恐怖的雷云。那是一种形同刻在妖族骨髓之中的畏惧情绪，且对他形成了天然的威压和震慑，让他双股打颤。 假如他不是献出了本体真身的话，只怕在这雷云出现的瞬间，他就有被压服下跪的可能。这种感觉对每一个有资质摘下天赋神通的妖族都不会陌生，因为那往往是每个妖族自从开启神智以来第一次直面天道的瞬间。就如同人族婴儿睁眸看见这个世界的第一眼，哪怕记忆已经遗忘，可一旦那股熟悉的感觉再次袭来，刻在心底最深处的潜意识就会随之觉醒。为何在这剑士小天地内，他会产生一种面对真正天道的错觉？腾晨山君犹记得清楚。 自己在早些时候还在众人面前大放厥词，说什么这个小天地存在缺陷，不配为山神土地讲道。如今这雷云一出，他自己差点就忍不住要跪地臣服，简直是当场啪啪打脸。因此，腾晨山君哪怕心里已经心跳如擂鼓，表面上却死死撑住，绷紧脸庞，不让自己的心迹为外人所见。在白千月面前，他丢不起这个脸。但此刻白千月心中的震撼，比起腾晨山君只多不少。他出身青丘狐部，从小见多识广，接触过许多妖族大修。 因此，他对这雷云的感觉，比起腾晨山君要更为强烈。往往能够引起他心中有类似感觉的，过去只有那些神游境以上的妖修，或者那些传承了不知多少年的宝物、阵法，身上才会带有这种让他本能敬畏的气息。如今在一个人族的少年剑修身上见识到类似的存在，给他带来的震撼，可想而知。他有一个隐秘的小心思，其实被腾晨山君猜对了，那就是他身为九尾妖狐，且是青丘王族，从小就被众星捧月，身边往来也皆是青年才俊。 因此，他内心的骄傲是坚定而强大的。而太坚定的自信，很多时候并不需要通过外在的表象来展露出来。若是熟悉这位白殿下性格和处事之人，当能明白，在殿下那副始终温婉亲切的脸庞下，想要动摇他内心的意志，到底有多么困难。虽千万人无往矣，这种坚定和自信，才是真正的骄傲。而拥有这种真正骄傲的人，又怎么会真的轻易就在同辈修士面前俯首认输呢？他虽然不至于像南山山君那样做出挑衅欺辱等自降身格的低级举动。 可也是时刻关注着陈木展露出来的方方面面，并且在心中暗自有过计较。哪怕被卷入剑士小天地内，他也是始终以一种欣赏的眼光来审视四周的一切，并且以闲庭信步般的轻松姿态来进行某种沉默的宣誓。可唯独这一刻，在看见上方雷云之时，白千月的骄傲出现了一丝不起眼的裂纹。啊！雕虫小技，不过是区区幻象之术罢了，想要以此震慑吓服我们？天上藤晨山君头颅高高昂起，眼神桀骜，望着头顶雷云叫嚣。他有自己的判断。 眼前这片雷云必然是假的，至少肯定没有他展现出来的这般强大。这个狡诈人族少年必然是从宗门那里见识过雷劫天威，因此以某种道法手段营造出了当时所见的威严和感觉。若是对上不知根底的敌人，比如对方不知他只有筑基境修为，将这幻象释放出来，就能让对方因为是神游真人降临，急忙逃窜。但他既然已经知道对方只有筑基境修为，又怎会上这个当？虽然他没有任何实际的依据可以去证明这片雷云是幻象，可此刻的他。 已是骑虎难下，只能够硬着头皮继续顶上去，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咬牙坚持到底。若这雷云真是幻象，相信凭借这次自己展现出来的智慧和勇气，足以引起白殿下的欣赏重视。而若这雷云是真，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第幺幺四章感悟。秋沙山君，依你所见，这雷云内蕴藏之天雷是真是假？白千月难得陷入到纠结两难之境，不由得向身旁的秋沙山君提问道：“此是真的？”秋沙山君毫不犹豫道。 他的坚定让白千月感到惊诧，不由得转头看了他一眼。山君是如何能够这般笃定的呢？秋杀山君淡然一笑：“殿下，我乃白虎一脉，天生嗜杀，对虚妄邪祟的手段天然就有克制的优势。身处这片剑士小天地之中，与那雷云何其近也，可谓一览无余。这种情况下，我都找不出有丝毫破绽，证明他是虚妄幻想。难道连我们妖族天生的本领和种族天赋都不相信，非要以性命去试一试那雷霆的真假吗？若今天不敢相信自己的亲眼所见，明日呢？” 后日呢？往后无数场生死相争的斗法之中，岂不是都要怀疑自己的判断有无出错？所以，殿下并非在下能如何笃定，而是不得不笃定，不敢不笃定，也不愿不笃定。秋沙山君的此番话，让白千月眸中闪过异彩。是啊，白千月，你怎么也会被那藤晨山君带偏了呢？以你的见识，你的阅历，你的天生本领，难道真的判断不出亲眼所见、亲身所感的真假虚妄吗？固然神识可以被欺骗。 感官可以被扭曲，世上没有绝对一说。但秉持本心，窥破虚妄，斩杀心魔，本身就是修行路上永恒的课题。雷云的真假并不重要，你用一种怎么样的态度去看待、面对，才是关键。方才竟是连自己的都着了相，惭愧惭愧。秋沙山君高见，白千月受教了。秋沙疑惑莫名，他还以为刚才的提问是这位青丘部殿下对他的一场考究，怎么现在看来，对方竟有一丝感激的意味？秋沙山君来不及多想，此时头顶上空又有变故发生。 只见腾晨山君在说服了自己后，脸色狰狞，目光桀骜，竟是调转了吞海的方向，从低头向下施展神通，转为抬头往上，对着头顶雷云张开了蛇口。他居然试图将头顶的雷云吞入腹中。目睹此情此景，无论一众土地神奇对这位腾晨山君是何看法，此时都不得不心生一丝佩服。天上雷云带来的威慑之感是何其强烈，压迫的一众妖鼠精怪几乎连头都抬不起来，哪怕心中猜测有一丝可能这是虚假幻象。 但万一猜错，那就是万雷加身的残酷刑罚。如何敢于直面天上雷霆之威？而且还是以大气魄、大神通，意图直接张嘴吞下雷云，这是直接想要拼命了。但就在此时，轰隆！一道闪亮雷霆直接从雷云之中降下，腾晨山君的吞海神通甚至不能起到丝毫的阻拦作用，直接就轰在了腾晨山君的身躯之上。有那么一瞬间，在一众土地神奇眼中，这位展开了本体妖躯、威风凛凛，试图以神通吞噬此片天地的山君蛇妖。 这一刻，在雷霆加身之下，似乎被电成了白骨之状。透过闪电雷霆的白光，能看见蛇躯体内的一节节脊椎之骨。仅仅是数息时间，雷霆消失，天上的雷云也在逐渐消散。不多时，剑士小天地内恢复了原先的平静，而腾晨山君的蛇妖真身却在空中跌落，轰然坠地，然后一动不动，生死不明。腾晨山君豪言乃虚妄幻象之雷霆，竟然连一击都承受不住，就被从半空轰落，彻底失去了反抗的能力。如此威能。 一众土地神奇皆心中凛然，却是生出了更多对这片小天地的敬畏，进而引发许多联想。假使连这片明知是人造的剑士天地内，雷霆天威都尚且如此惊人，将来若自己真面对了真正的天道，又该如何应对是好？今日腾晨山君展露真身蛇躯本体，一吞海天赋神通肆虐，何等威武霸气，却在天道面前不堪一击。而世间那么多声名显赫的仙君大修陨于天劫之下，他们当时的心情是否也与今日的腾晨一样，有过一丝后悔呢？ 世间但凡修行之人，都有过那么一段时期，心比天高，总觉得所谓天道不过尔尔。只要自己将来修行有成，度过天劫不过是等闲之事。就如今日之腾陈山君，蔑视一切，到头来却发现，那些被你所蔑视之存在，想要摧毁你，压根就不费吹灰之力。你连被他蔑视的资格都没有，因为你从来都不曾入他之眼。修行，修行，他们这些世俗凡人眼中的所谓山中神仙，受香火祭拜，万人敬仰，可到头来，在天道面前又算是什么东西呢？当心怀敬畏。 以谦逊之心，谨慎前行。包括那名白发苍苍的年老土地，许多神奇此时都心有所悟，就地盘腿而坐，开始打坐冥想。一股股玄之又玄的气韵从他们的身上浮现，意味着他们正在进行自己的顿悟。若能从中有所收获，不说能当场破境，至少在修行上大有裨益，是跑不掉了。而那些还未开启顿悟的土地神奇，则以羡慕向往的眼神望向就地打坐的神奇们，目光复杂。事实已经证明，那位名为陈木的少年剑修的确是本领通天。 竟能以剑士演化天地，以雷法比拟天威。可同行的土地神奇已经有人有所感悟，而自己的道路又在何方？不少人将目光投向白千月，有心想要向这位九尾妖狐殿下请教。可此时众人才发现，竟是连这位出身高贵的狐女殿下，居然也是处于一种出神的状态之中，眸光游离，不知心中在思索着什么。竟然连白殿下都有了全新感悟，剩余的土地心情更难过了。比起自己没有获得修行上的新感悟，别人有所得，简直更让他们感到黯然神伤。 而此时，剑是天地内再生变化，被腾晨山君吞下的红尘真元，随着他腰躯坠地，又重新被释放了出来。浑浊之气重新将所有人都笼罩了进去，隔绝视线，让他们再也看不见其他人的动静。就在众人不解之际，忽然有剑光从虚空处斩来。第一百一十五章雏形。剑光。秋沙山君眼神一凝，随即一股强烈的气势从体内涌出，伸手直接迎向从虚空斩来的剑光。剑光速度很快，也带有摄人锋芒。 可面对赤手空拳的秋沙山君，这道剑光竟然被凌空摘下，握在秋沙山君的掌心，然后被用力一握，剑光顿时碎成星灰，消散在秋沙山君的手中。为何会有剑光袭来？秋沙山君眉头皱成一道川字，心中不解。若说这是陈默暗中偷袭的手段，那凌厉程度，不说对付他这个筑基境的山君，就连炼气境的一众土地神祇，只要小心点，只怕都能应付。且他亲眼见识过那少年剑修的剑法有多么可怕，不可能只有这种程度。 难道是别有用心之人浑水摸鱼，想要在这场传道之中实施阴谋？可很快，秋沙山君就将这种可能排除。在这方小天地中的所有人都是被陈木以剑士卷入，且和白千月交谈过后，当得知此地局势都在陈木的掌控之中，不会放任这么一个浑水摸鱼之人肆意妄为。刚才轰落藤晨山君的雷云就是最好的警告，也是最有效的震慑。这种情况下，真有人想要捣乱，也不可能用出这种级别的剑光来打草惊蛇。不是陈木。 又不是旁人，难不成这个剑士小天地内还会剑光自生，来考验入场之人？这也太……慢着，考验！秋沙山君眉毛一抬，心里忽然有了个新的想法。而就在此时，又是一道剑光从天上落下来，势凶悍如银河悬光流星急坠。这次的剑光比起上一次强大了不少，可对他秋沙山君而言，依然不存在太大威胁。我明白了，秋沙山君咧嘴一笑，握拳迎上了那道坠落的剑光，将其轰碎。 而在得手之后，秋沙山君全身气机凝聚不散，站在原地，仰头看向天上，仿佛在等待着什么。陈兄好手段！清冷的声音在耳边响起。玄衣少年睁开眼眸，神色平和。此时的陈木端坐在法坛之上，在他身前，十二柄宝剑齐出，各自占据一个方位，以八卦之形将包括松雅子、秋沙山君、藤陈山君等人都围拢在内。流光剑芒在十二柄宝剑之间流转，互相勾连，浑如一体，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空间。 所有在空间内的人一举一动，其实都在陈木的眼皮子底下一览无余，包括倒在地上的藤城山君，他的一切作为在陈木眼前都无所遁形。陈木有一种感觉，仿佛在他面前的这片空间内，他自己的眼睛就是众人头顶天穹之上的天道之瞳，将地上的一切都收入眼中。众生如蝼蚁，不知在真正的天道面前，他又会如何看待他们这些试图逆天的人族修士呢？陈木心中生出一丝好奇，也有许多感慨。开坛传道，既是对他人传道。 何尝又不是一种对自己的历练和考验？陈木此时脸颊上已经布满密密麻麻的汗珠，指尖微微颤抖，维持住这么一片剑士小天地，对他而言也并不轻松，但收获巨大。陈木知道，当前的这个所谓剑士小天地还只是雏形，太过简陋，只有在众人心甘情愿配合之下才能正常运转。一旦白千月、秋沙山君、腾辰山君三人联手，同时在内翻江倒海，他的剑识立即就要失衡，难以为继。所以，目前还不适合用来应付真正棘手的战斗。 最多就是欺负一下实力修为不如自己的对手，比如腾晨山君。一旦遇到真正的敌手，比如佛窟内交手过的那位青年蛮修，只怕连将对手卷入剑士天地之中都是一个难题。但陈木有种预感，这件事小天地是他以后可以尝试去钻研开拓的方向。一旦能够真正成型，就是一门能够统御自己目前所有法宝神通的极大成之招式，能发挥出惊人的战力。不过路漫漫其修远兮，眼下距离真正的剑士天地成型还有很遥远的距离。 陈木看向从剑士小天地内缓步行出来的白千月，眸光一闪。他其实，在剑士之中藏有生门，并且直接以契机给予了阵中之人指引，让其随时能透过生门脱离剑士小天地。但白千月这次脱离却并非是由生门而出，而是凭借他自己的手段，悄无声息地走了出来，来到陈木的面前。这也进一步印证了陈木自己的看法：以他目前粗浅的剑士小天地架构，还困锁不住如白千月这样的名门。之后，以对方的见识、能力、神通。 还是很容易窥破剑士的漏洞，从而轻松脱离。他的剑眼天地到底不是演化出一个真正的小天地，只是借鉴了正道之学，以身怀之重宝兼亲眼目睹过孟师姐的渡劫经历，综合搭建出来的一个简单框架。在白姑娘面前，不过是班门弄斧视野，何足挂齿？陈木淡淡回应。不曾想白千月却是认真摇头，双眸直视陈木的眼睛，郑重说道：“我虽身为青丘王族，却在胸襟气魄上差陈兄远矣。嗯，陈兄先是以剑势流转。” 分隔众人，以彰显永恒流转的变化之道；又以雷霆天威轰落腾陈山君，以提醒众人：天道威严，凶险难测，求道之旅亦步亦趋，不可急躁激进，更不可肆意张狂。腾陈山君身为众神之中修为最高者，却是第一个在阵中陨落，足以给所有人一个教训，以使其有所明悟。但并非所有土地神奇都以悟性见长，也有如秋沙山君这般擅长厮杀斗法之人。于是陈兄又以剑光为引，助他们磨练战绩，且剑光由弱至强，层层迭代。 暗含天劫之道，是以人人皆有所得。明明执掌有镇岳上方宝剑，可以号令四方土地神奇，却偏偏继承诸土地的相助之恩，以此为报，不仅了却前世因果，更是让众人得益匪浅。陈兄高义，在下敬佩。且我从陈兄的剑士小天地之中，已窥见一丝道运痕迹。往后陈兄只需以此为基础，添砖加瓦，想必将来大道可期。再次也要恭喜陈兄才是。